北魏，顺安十九年，时值仲冬，寒风刮着细雪，扑簌簌落了一地。家家户户门窗紧闭，唯有镇国将军府红绸高挂，月鼓喧天。今日是镇国将军府少将军陆培峰与太傅府大小姐宋明烟成婚的日子，府上里里外外都透着一股子热闹的喜庆。宋明渊一睁开眼睛，就发现自己置身在摇摇晃晃的花轿里，礼炮声、锣鼓声震得他耳膜发疼。他人有点懵，怎么回事、啊？自己不是被雷杰给劈死了吗？ 不等弄清楚眼下的情况，一股陌生的记忆如潮水般汹涌而至。宋明渊脸一黑，差点没一脚把喜轿踹塌了，连得以复生的喜悦都荡然无存。造大孽的他竟然穿进了曾经看过的画本子里，成了与他同名同姓出场即死的炮灰。贼老天，你可真会玩！他不过是在渡劫的时候躲在避雷针下说了句“我命由我不由天”，至于这样吗？是不是玩不起？将贼老天从头到尾从里到外骂了一遍。 宋明渊才勉强接受这个令人心梗的事实。算了，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平，不就是个炮灰吗？只要活着就还能造，谁让他炮灰，他就让谁成为炮灰。宋明渊快速梳理一遍这具身体的记忆，与镇国将军府有婚约的是宋明烟，原身是被亲爹打晕了，强行塞上花轿，代替宋明烟出嫁的。这一闷棍敲得十分精准，直接就把人给敲死了。这还没抬到将军府呢，就已经在半路歇了气。说起来，原身也是个悲催的。 明明是原配嫡女，正儿八经的嫡出大小姐，却因为渣爹早年功成名就时抛妻弃,弃子，只能被迫养在宋夫人许氏名下，继为二小姐，由着小她半个月的宋明烟压上一头。原身娘千里寻夫追到京城，只落得个外室的名头，最后郁郁而终。爹不疼娘早死也就算了，可怜原身还要遭受许氏这个继母面慈心狠的搓磨。好不容易熬到嫁人的年纪，结果还被他们推出去当了替死鬼，给宋明烟挡灾。 明天镇国将军府通敌叛国抄家流放的圣旨就下来了。宋太傅这个渣爹一早就从太子那里得到了口风，知道陆家即将要被抄家流放，为了保住宋明烟，才有了这么一出替嫁。元深十分敬仰镇国将军府，不愿意做出这种折辱将军府的事情来。但是宋潘山以他贴身丫鬟的性命威胁，手段强硬，容不得他拒绝。现在花轿已经抬到镇国将军府门口了，跑还是不跑？宋明渊很想马不停蹄拔腿就跑，毕竟嫁人什么的。 从来不在他的计划之中，但想到原身那贴身丫鬟的性命还拿捏在宋家人手里，便按耐住了性子。怎么说，那也是原身在这世上唯一在乎的人了。他既然占了原身的身体，总不能对那小丫头的生死置之不理。还是先把那小丫头救出来再说吧。请新娘子下轿。轿外一道高亢的声音响起。宋明渊在丫鬟的搀扶下走下轿子，很快红绸另一端就被一只白皙修长、骨节分明的手牵了起来。隔着红盖头看去。 只模糊看到一个高大挺拔的身影，这位莫约就是今日的新郎陆少将军了。十岁领兵，剑斩敌首，单骑破阵，少年成名，名震列国的少将军，北魏未来的脊梁骨，不知道多少名门贵女挤破了脑袋也想要嫁的人物。若非陆家被构陷获罪，这门亲事怎么也不可能落到他的头上。只是可惜了，陆家满门忠骨，一心报国，最后只落得个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下场。宋明渊多看了两眼，很快就收回了目光。对于英雄。 他是欣赏的，但也仅仅只是欣赏而已。毕竟他初来乍到，对北魏也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在喜婆的指引下，宋明渊跨了火盆，拜了天地。他有意配合，繁琐的礼节进行的很十分顺利，谁也没发现盖头底下的人不是正主。夫妻对拜后，司仪拉长声调高喊：“李成，送入洞房。”边上候着的喜婆上前一步，面上笑成了一朵花：“少夫人，这边请，请随我来。”丫鬟婆子簇拥着宋明渊离开。 热闹的恭贺声跟喧哗声渐渐远去，一直到进了喜房，才算是安静下来。陪嫁丫鬟低眉联手扶着宋明渊坐下，暗暗在他耳边警告：“待会儿你知道该怎么做。老爷夫人说了，要是被将军府赶出去，明儿的一早，你看到的就是杏儿的尸体。”宋明渊手里被塞了包药粉，这是合欢散，你找个机会放进交杯酒里。杏儿能不能活过今晚，就看你怎么行事了。他语气暗含轻鄙，还有，你最好识相一点，主动把司慕少将军冒充大小姐替嫁这件事认下。 要是外面传出什么对太傅府名声不利的风言风语，老爷夫人饶不了你。陪嫁丫鬟有两个，都是许氏安插在宋明渊身边盯梢的。只要过了今晚，无论是不是替嫁，她名义上都是陆培峰的妻子。若她真按照他们说的去做了，此后世人只会看到她不堪自私的一面，而把太傅府从这件事情中摘了个干净。宋明渊有理由怀疑，元身不是宋潘山亲生的。虎毒还不食子呢，他这是要把人往绝路上逼呀、啊！ 让元深去送死，还得榨干净他身上最后一丝价值，强迫替嫁也就算了，还要他主动承认自个不知羞耻、胆大妄为，冒充宋明烟出嫁，自己做的事情却要他来承担所有骂名，亏他们想得出来！这包要下下去，他们难道不知道迎接他的会是什么吗？宋明渊神色平静：“我知道了，你们下去吧。”丫鬟面露迟疑：“夫人可是说了，要他们寸步不离，盯紧宋明渊的。”见他们迟迟不动，宋明渊秀眉微微一挑。 怎么，我跟少将军洞房，你们还要站在边上观摩呀、啊？没想到你们还有看人活春宫的喜好，真是人不可貌相。丫鬟听得如此露骨直接的话，脸登时一红，恼羞成怒的啐了一口：“呸，不知羞耻！”说完，脚步凌乱的走开，活像后面有鬼在追似的。宋明渊，则他的十成功力还没发挥出来就受不了了。这个世界的人都这么纯洁的吗？收回目光，宋明渊百无聊赖的踢了踢不太合脚的绣鞋。 竟等着他的便宜夫君到来，也不知道等会儿他发现自个的新娘换了人会是什么表情。正想到着呢，门外传来了一阵脚步声。很快，一身红色喜袍的陆培峰就被众人簇拥着走进了喜房。第二章，陆家要完了。大哥，快先带头，我要看嫂嫂。听说嫂嫂是京城里才貌双全的女子，她一定长得很好看。大哥，你快点，别让嫂嫂久等了。陆培峰被才及他腿高的弟弟妹妹推到宋明渊面前。 一个个看着，竟是比他这个正经的新郎还急。他眸色淡淡，从喜婆手中接过系着红绳的玉如意，在弟弟妹妹目不转睛的注视下，轻轻挑起缀着珍珠流苏的红盖头。众人下意识屏住呼吸。随着红盖头掀起，一张娇美的玉颜出现在众人眼前。身穿红色嫁衣的新娘雪，雪肤花貌，朱唇皓齿，只微微勾唇，一双桃花眸便潋滟生光，美得不可方物。四只小的直接看呆住。哇，嫂嫂！ 长得也太好看了吧！可是为什么这么瘦？是太傅府不给你吃的吗？他们没有见过宋明烟，所以并不知道眼前的新娘子出了差错。倒是陆培风目光沉了沉，周身气息都冷了下来。换成别人早就被他那锋利逼人的目光吓得瑟瑟发抖了，但是宋明渊就跟感觉不到似的。他坐在喜床上，不闪不避，堂而皇之打量起他来。男人身姿挺拔如苍松，气势刚健若骄阳，剑眉星目，五官立体，一双冷眸锐利如鹰，锋芒暗藏。 俊是挺俊的，冷也是真的冷，不愧是当将军的人，身上的煞气就是重。还是几个娃儿可爱一点。宋明渊看向几个小的，小孩，你们大哥好凶啊！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喜房的气氛跟冻结了似的，喜婆跟丫鬟纷纷低下头，吓得大气也不敢出，同时心中不禁暗暗佩服宋明渊的勇气，他是真的敢啊！几个娃听到这话，小脸一板，纷纷替宋明渊撑腰，对着陆培峰不满道：“大哥，你怎么能对着嫂嫂冷脸？” 娘说疼媳妇儿的才是好男人，对啊对啊，你把嫂嫂吓跑了，就没人跟你生崽崽了，你以后就是个没有儿子送终的人。嫂嫂不要怕，要是大哥对你不好，等我长大了，我娶你，我肯定对你好。宋明渊憋笑憋得厉害，陆少将军家庭地位堪忧啊，这些小崽子也太招人稀罕了。见陆培风脸色黑沉，他伸手摸了摸小崽子的头，忍着笑说道：“你们先出去吧，我跟你们大哥好好谈一谈，要是谈不拢的话，我就嫁给你们。” 四双乌黑溜圆的眼睛齐齐一亮。那、那行吧。小崽子们害羞地挠了挠头，脸蛋红红。嫂嫂，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对你负责的。我是你的大夫君，我是二夫君，我、哦、我、我，我要当三夫君，我是四夫君。以后嫂嫂就是我们的娘子了。那大哥呢？大哥，他对嫂嫂不好，咱们让他孤独终老吧。等他什么时候反省完自己，咱们再让他当小的。谈都还没谈。 小崽子们就已经自发把自己安排的明明白白了，顺便也给陆培峰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宋明渊笑道：“哈哈，孤独终老，当小的，崽崽们，你们是真的敢说啊？让堂堂少将军给他当小的，笑不活了。”陆培峰黑着脸，将叽叽喳喳当着他面大声密谋的弟弟妹妹挨个丢了出去。门一关，挡住了他们控诉的视线。丫鬟婆子极有眼色的早早离开了。喜房里只剩下陆培峰跟宋明渊两个人。 看着毫无形象笑倒在床上的女人，陆培峰眉眼冷沉，面无表情，就这么静等她笑完。宋明渊好不容易止住了笑，坐起身来，一看到她这副冷漠的不近人情的样子，又有些遭不住了，将所有难过的事情都想了一遍，才压下这股来势汹汹的笑意。哼，那什么，你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我一定如实交代。解释。陆培峰简短的撂下两个字，屈膝端坐在椅上，脊背直挺挺的，跟一柄出鞘的利剑一样。他身高腿长，俊美不凡。 单单坐着就十分养眼，此刻那双黑沉沉的眼睛一瞬不瞬的盯着宋明渊，压迫感十足。宋明渊板正了脸色，认真说道：“陆家要完了。”话音刚落，一只酒杯裹挟着杀机直冲他面门，速度快的只剩下残影。宋明渊头一偏，躲了过去。狗男人，真是不讲武德！他横了他一眼，急什么？不能先听我把话说完吗？真是驼冰块，一点都不知道怜香惜玉。要不是有媒人。 你肯定一辈子讨不到媳妇，性格又冷又闷，脾气硬得跟石头一样，说话跟句嘴葫芦似的，还一言不合就动手，谁嫁谁倒霉。一击落空，杯子穿透红色幔帐，砸在墙上，四分五裂，连墙体都给砸出了个凹槽。你是谁？陆培峰凝眉。京城里的消息，他虽说做不到烂熟于心，却也了如指掌。一个养在深闺里的大小姐，绝对没有这样的身手。他进将军府究竟有何目的？对上他审视戒备的目光，宋明渊开门见山道。 我是来跟你做交易的，实话实说了吧，我也懒得拐弯抹角了。宋潘山得到消息，有人要构陷将军府通敌叛国，皇上会借这个机会除掉你们。但是郑国将军府历代功绩摆在那里，他不能赶尽杀绝，引天下人口诛笔伐。所以为博一个美名，他会判将军府抄家流放，让你们一家人前往边地应罪。宋明渊砸下来的消息让陆培峰瞳孔微缩，如果这些都是真的，他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还是说？ 现在的镇国将军府已经被人堵住了耳目，沦为了困兽。此言当真？这件事事关重大，陆培峰不得不慎重对待。我都嫁过来了，还能有假？宋明渊压根就没有把刚才陪嫁丫鬟警告他的话当回事，直接就把太傅府给卖了。宋潘山为了保全宋明烟，拿我贴身丫鬟的性命威胁，让我代替宋明烟嫁进将军府，这便是我出现在这里的由来。若非镇国将军府要倒台，宋潘山能做出换新娘这种得罪将军府的事？ 陆培峰眸色冷郁，方才在盖头揭下那一刻，他心中便怀有猜疑。此刻对宋明渊的话已是信了一半。他闭了闭眼，压下心头的混乱，在睁眼时已经恢复了冷静。你要跟我谈什么交易？第三章达成交易，和聪明人说话就是爽快。宋明渊微微一笑，很简单，只要你配合我稳住宋潘山，等我救出我的贴身丫鬟之后，许我一纸和离书作为交换的条件，我可以确保你们在流芳路上安安稳稳，吃喝不愁。 如果你不放心的话，和黎叔也可以等到了流放之地以后再写。这个决定有一半是因为元深，他能为他做的就是救出他的贴身丫鬟杏儿，然后护将军府一程。剧情里，镇国将军府的这些老弱妇孺在流放路上全都被赶尽杀绝了。狗皇帝明面上放他们流放，可却没有要让他们活着到流放之地的打算。因为狗皇帝不计代价的伏杀，陆家人惨死途中，只有陆培风一人重伤之后侥幸逃脱。 自此，他背负上这王族的血海深仇，苟且偷生，暗中蛰伏，成为了文中最大的反派。陆培风如行尸走肉，活着就是为了取狗皇帝性命。最后，皇天不负有心人，他也确实如愿了。只不过，在逃回叛乱的边城时，被新帝重兵围困，为了不牵连城中百姓，自刎于城墙之上。若非狗皇帝疑心太重，忌惮镇国将军府功高震主，陆家满门忠臣良将也不至于蒙冤受害，客死异乡。 宋明渊只打算护送将军府这些人平安到达流放之地，接下来能不能逃过狗皇帝的追杀，在流放地扎根，就看他们的造化了。谢儿是元深最重视之人，将军府是元深最敬仰之人。如果他知道他在乎的人跟敬仰的人躲过了死劫，想必也能少一点遗憾。陆培峰很理智，没有被这样的好事冲昏头脑。可以说，在今天之前，他跟宋明渊没有过任何交集。他想不出来，他为什么要这样帮他。你若有能力护将军府流放路上安稳。 又怎会被太傅府拿捏？陆培峰一语切中要害，他眸光锐利。若流放一事属实，皇上下罪陆家，便是我都不敢说让陆家人在流放路上安安稳稳、吃喝不愁。如果你有这样的能力，区区一个太傅府根本就奈何不了你。不愧是干大事的，这么快就意识到了问题的关键。宋明渊目露赞赏，也没打算隐瞒。他跟原身的性格天差地别，凭借陆培峰的敏锐察觉出来是早晚的事。撒一个谎要用无数个谎去圆，那样太费劲了。 与其遮遮掩,掩掩，不如大方承认。这般想着，宋明渊便道：“我不是原来的宋明渊，但是我欠他一个人情。至于我有没有护将军府众人流放路上安稳的能力，宋明渊没多废话，直接给陆培峰表演了一手隔空取物的能力，将桌子上的酒壶取了过来。现在你信了吗？说的再多都没有这一手来的有震慑力跟信服力。”陆培峰眸光颤动，如果他没有看错的话，那个酒壶是凭空消失，再凭空出现在他手里的。这是。 法术虽说子不与怪力乱神，但陆培峰一直都相信这个世上还有许多东西是超出他认知以外的，所以只是短暂的惊讶了一下，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他沉吟片刻，说道：“我答应你，将军府赤胆忠心，对皇上毫不设防。皇上若真下了决心对付将军府，那么将军府此劫难逃，流放是必然的。有这样一个身怀神技的人跟随在侧，无疑多了一重保障。”短短的时间里。 陆培峰已经做出了对将军府最有利的选择，他看向宋明渊，你想怎么做？宋明渊没有想到陆培峰接受的这么迅速，他还以为要多费一些口舌。不得不说，跟这样一个人合作还是挺省心的，安全可靠，话少聪明，关键是能经得住事。只要不当伴侣，他全身上下都是优点。宋明渊也没有跟陆培峰客气，直接道：“带我去太傅府，太傅府好东西应该挺多的，不偷了怪可惜的。” 一个亲手将女儿送上绝路的亲爹，一个苛待搓磨原主的后娘，不偷光他们都对不起自己对这具身体的使用权。陆培峰一听，眸光闪了闪，我有贪官名册，还有他们府邸的地形图。他们府上的好东西比这太傅府,府也不差。户部尚书王茂介职权之力侵吞税款，中饱私囊，贪污黄金两万，白银十五万，在城西置豪宅养美眷，为博美人一笑，斥重金令人打造了一张白玉床。 吏部尚书蔡忠良收受贿赂，卖官鬻爵，生活骄奢淫逸，好养娈童。短短一年时间，贪污黄金上万，白银二十余万。内、那、阁、个、首辅李维吞没军饷，废弛边防，妻子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单单一个别院里私藏的黄金白银就有数万之众。陆培峰一口气列了十几个贪官出来，末了还补充了一句：“他们在京中置办了大量店铺私宅，我都知道在哪里。”他顿了顿，偷一个也是偷，不如多偷几个。 要倒霉，大家一起倒霉。将军府都要获罪流放了，谁也别想笑得出来。骤然听得这么些好消息，宋明渊眼中光芒大盛。他正愁初来乍到的没地方搜刮呢，只要你能把我带去，我就能把他们全都搬空。这句话让陆培峰心中一定，看来这个口他开对了。你在这等我一刻，我去安排。说着，他站起来，转身大步走出了喜房。宋明渊想着待会儿行动要收进空间的东西必定不少，也没耽搁，立马就去腾空间了。 他的空间是与他魂体绑定的灵域，里面有浓郁浩瀚的灵力，一望无际的黑土壤，一条由泉水涌出汇聚而成的溪流穿行而过。比起一开始光秃秃的样子，许多地方已经被宋明渊种上了成片的灵药、灵植、灵果，也没少种。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座巍峨大气的琉璃宫殿悬浮在半空，与灵气凝成的云间若隐若现，飞檐翘角，雕梁画栋，犹如天宫。琉璃殿内的灵宝阁里放置的全都是宋明渊从修仙界搜罗来的东西，都是些奇珍异宝。 法器、灵器跟各种罕见的宝物居多，但是遗憾的是，这些东西现在都拿不出来。也不知道是因为他初来乍到没有修炼的缘故，还是因为受到世界规则限制的缘故。倒是他身上的凡物可以随时收取。想着时间紧迫，宋明渊只能将这一问题暂时压下。他在偌大的宫殿里单独开辟了个凡宝阁，顺手将身上累赘的发冠首饰放进去，又换了身轻便的衣裳。等做好这些，陆培峰也回来了。第四章囤货从太傅府开始。 不知道他是如何安排的。宋明渊出来的时候，院里守着的丫鬟婆子都没了踪影。他看向陆培峰，此时男人已经换下了喜服，穿着一身黑色劲装，气势凌人，宛如黑夜中的猎鹰一般冷傲孤绝。见他看来，陆培峰扬手就给他扔了个油纸包，吃点。宋明渊一把接住，还没等诧异这冰雕似的人也有如此心思细腻的时候，就看到他留下了个背影。跟上。宋明渊已经习惯了他的冷淡。见男人从墙头跃了出去。 曹操咬了两口油纸包里的肉馍，也跟了上去。外面寒风凛冽，雪花簌簌往下落着。还没到有十天就已经黑了。两道黑色的身影一前一后朝太傅府奔去，飞檐走壁，速度极快。宋明渊是个不服输的性子，遇强则强，愣是凭借着前世积累的经验和身手跟上了陆培峰的速度。等到太傅府外的时候，他才后知后觉腿都软了，跟两根面条似的。光想着一较高下了，忘了自个现在的配置跟不上啊！宋明渊一把扶住陆培峰的手臂。 带我，好女不吃眼前亏，该伸手时就伸手。等他修炼灵力再比。陆培峰愣了下，瞧见他额角沁出的细汗，手一伸揽住了他的腰，纵身飞进了太傅府。等他站稳，才目不斜视的将手收回。宋明渊率先迈开步子，走吧，我们先去救杏儿。她应该被关在柴房里了。以前杏儿被罚的时候，也是关柴房的。原身去求情，许氏就会把她跟杏儿一并关进去，轻则饿上三两天。 重则打骂罚跪，纵容恶奴欺主也是常有的事。若非近两年原身容貌渐渐长开，让宋潘山看到了价值，只怕主仆两人还生活在以往的水深火热之中。凭借着记忆，宋明渊避开人，路过厨房的时候，见里面没人，顺手就把厨房里的食物和米粮收进了空间。饶是知道宋明渊能力不凡，但亲眼目睹摆放满满当当的厨房眨眼被清空的场景，陆培峰还是不由心生震撼。不过他接受能力惊人，反应过来，迅速加入了行动。 这里还有，仓库里面囤了不少五谷杂粮，还有大量桂圆、红枣之类干货，鹿茸、人参、燕窝之类的名贵补品更是数不胜数。陆培峰负责找，宋明渊负责收。没一会两人就将厨房、仓库还有地窖、酒窖扫荡光了，连一粒米都没留下。等所有东西都清光之后，宋明渊朝陆培峰招了招手，示意他离开。柴房离厨房没多远，正院不在这边，所以防卫并不严密。只不过这会儿柴房门是关着的。 门外有两个身强力壮的护院守着，显然里面关着人。宋明渊跟陆培峰对视一眼，都不需要过多的言语，就默契地动了手。他们动作迅捷，猛地朝护院扑了过去，还不待两人叫嚷出声，便一手捂住了他们的嘴。两名护院瞪大了眼睛，才看清宋明渊跟陆培峰的脸，就咔嚓一声被拧断了脖子，死的时候面上还带着惊恐。宋明渊跟陆培峰动作出奇一致，根本没想过留活口，把人放倒。宋明渊推开门走了进去，柴房光线昏暗。 杏儿蜷缩着身体，晕在了草堆上。她衣着单薄，被冻得瑟瑟发抖，唇色都是紫的。小姐，小姐，快跑！宋明渊伸手将自己身上穿的披风解下来，走过去盖在她身上，然后朝陆培峰说道：“你先带她出去，我把这里搬空，再跟你会合。”可惜他空间不能装活人，要不然就可以直接把杏儿装走了。陆培峰上前，以平时拎弟弟妹妹一样姿势将杏儿单手拎起。宋明渊嘴角一抽，很怀疑他是不是只会这一种方式。拿着。 陆培峰将随身带的匕首扔下，叮嘱了一句“小心”之后，就提着馅儿迈步走出了柴房。他踩着黑靴助力，几个启跃跳上屋顶，眨眼不见了身影。宋明渊看着柴房里的堆放的干柴和黑炭，手一挥，全给搬了。有原身的记忆，宋明渊对府里人的作息了如指掌。这个时候饭点已经过了，估摸着人都待在房间里呢。这么冷的天，除了职业的，基本不怎么出来走动，倒是方便了他。宋明渊有惊无险摸到了库房，从屋顶揭开瓦片往下看。 乌漆麻黑的一片，什么都看不到。他闭目感知了一下，里面东西是有的，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不管了，收！意念覆盖下，屋里的东西全部凭空消失，只余下四面不透风的墙壁。确认没有什么暗道密室，宋明渊又迅速转战到了下一个阵地，如法炮制收走了药房里的所有药材。正当他准备撤退时，一道声音从他路过的屋子里传了出来：“小姐，你就放心吧，就算她嫁过去了又怎么样？跟少将军有婚约的是你。” 若是让少将军知道他恬不知耻的冒充小姐，指不定怎么厌恶他呢。他在将军府必然没有好日子过。另一道不屑的声音冷哼：“便宜他了，这种下贱货色，若不是皇上要对付镇国将军府，就凭他，只有给人当妾的份。”宋明渊脚步一停，蹲下揭开瓦片一看，屋里灯光明亮。宋明烟坐在梳妆台前，由贴身婢女春棠伺候着，将头发上的簪花布摇卸下。你明日且放出消息，就说宋明渊恬不知耻，自个迷晕了姐姐。 冒名顶替爬上了花轿，宋明烟脸上带着恶意的笑。我不仅要让将军府知道，还要让全京城所有人都知道，他宋明渊跟他娘一样，就是个下三滥的贱人。他冷哼一声，眉目间皆是跋扈。便是入了将军府又如何？我不要的东西，也不是他能轻易占去的。占了就要付出代价。春棠扶了扶身子，是小姐，奴婢明日一早就行动，保证将这件事情办妥。呵呵，且待他被发落的时候，本小姐亲自去送他一送，想必一定会很有趣。 伺候本小姐就寝吧。床帐落下，屋内很快就熄了灯。宋明渊拿出刚才在药房里搜刮到的迷药，一股脑就往下倒，迷不死他。这天气冷的，他本来都打算要走了的。既然这样，那就别怪他不讲道德了。第五章，皇帝私库。确认过屋里的人晕过去，宋明渊将宋明艳的全部家当都给收进空间，连床都没给他留下。就这样，他造访了宋潘山住的正院、许氏的莲香院、宋文俊的长荣院，找到宋潘山时。 他正在小妾院子里颠鸾倒凤，正在关键时刻，一阵失重感传来，光溜溜的二人直接砸在冷冰冰的地上。宋潘山动一哆嗦，直接吓萎了。是，什么情况？他茫然四顾，方才暖意融融的房间只剩下了四面光秃秃的墙壁。小妾垫底，这一砸差点没去掉半条小命，还没哀嚎出声来，就看到了房间里的情形。他脸刷的惨白，姥姥姥姥爷，咱咱咱府府上别别是闹鬼吧？ 一阵阴森森的寒意直冲入脚底，宋攀山咕咚咽了咽,咽,咽口水，虚汗直冒。神什么鬼？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鬼鬼鬼啊呀！一个骷髅头掉了下来，咕噜咕噜滚到宋攀山面前，两个黑洞洞的眼眶正对着他。宋攀山吓得光着屁股满地乱爬，像是大小便失禁一样，脸上的表情完全不受控制。正当他吓得脑瓜嗡嗡两股颤颤,颤时，脑门哐的一下撞上了个东西，瞄眼一看，一个灵牌直直对着他的脸。 宋攀山受不了这种刺激，两眼一黑晕了过去。小妾早就吓得连连尖叫了。看到这等诡异情形，全身力气跟抽干了似的，吓到四肢僵硬，动弹不得。最后干脆把自己撞晕过去。我好像听到了老爷跟柳姨娘的尖叫，出事了！快，都跟我来！糟了，遭贼了！快抓贼啊！不好了，厨房的东西全不见了！完了完了，库房失窃了，里面的东西都被搬空了，仓库也空了。他奶奶个腿的，见鬼了！ 府上全都是空的，老爷晕过去了，夫人赶紧叫夫人，夫人也晕了。管家，管家呢？太傅府乱成一锅粥，而罪魁祸首已经溜之大吉了，一边跑还不忘一边嫌弃的将空间里的垃圾往外扔，痰盂丢，公桶丢，朝服丢，帽子丢，大裤衩子丢。等宋明渊从太傅府出来的时候，空间里隔音人的东西已经被他丢得差不多了。 收的时候，他两眼一摸黑，什么都往里搬，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怎么连臭袜子、臭鞋子都有？这种东西放进去不是污染空气吗？必须丢。陆培峰已经等候多时了，看到宋明渊出来，从暗处现身。信儿呢？见只有他一个人，宋明渊问道。府里。陆培峰打量了他一眼，没受伤，便收回了视线。他风寒入体，我已经给他安排大夫了。宋明渊没有了后顾之忧，行，那咱们走吧，去下一个点。 赶在天亮之前清扫完，沿路上哪些铺子可以收？你直接说，咱们快一点，时间应该够用。陆培峰也知道时间的紧迫，没有耽搁，直接伸手搂住了他的腰，我带你。等整个人腾空飞起，冷风呼呼吹打在脸上的时候，宋明渊才知道，来太傅府的时候，陆培峰还是迁就他了。这速度都能与他巅峰时期的速度相媲美了，当然，那是在没有动用灵力的情况下。不过凭陆培峰的资质，就算放到修仙界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陆培峰把宋明渊带到哪家店，他就用空间搬空哪家店，可谓是指哪打。等到户部尚书王茂府上时，他们已经搜刮了半个京城：首饰店、药材铺、当铺、酒楼、茶坊、成衣铺、粮铺、糟房，只要是贪官名下的，都没能逃过被扫荡一空的命运。几百间店铺一夜扫光。陆培峰奇高的武艺配上宋明渊一流的隐匿技巧，更是在一众贪官府上如入无人之境，两人有什么拿什么。 所过之处寸草不生，直接导致凡宝阁偌大的空间堆得放不下来，只能另外存放。还有一个地方没有搜。眼见天边晨光熹微，陆培峰微和眸子说道：“哪怕一夜未睡，他脸上也没有流露出一丝疲惫。反观宋明渊，已是哈欠连连，萎靡不振了。凡胎肉体的真是遭不住啊！若非他魂体实在强悍，都不足以支撑这么长时间，连续不停的往空间里搬东西。”听到陆培峰的话，他下意识就道：“国库不？” 是皇帝私库，国库关系着数以万计的百姓生民，不能搬。皇帝昏庸，但北魏是他的国，是陆家人几代人舍生忘死也要守下的国。陆培峰心中对皇帝，哪怕没有了所谓的忠心，也不可能搬空国库。国库空了，赈灾粮从哪里来？粮草军械,械从哪里来？北魏军力一弱，那北魏的百姓就离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不远了。这是陆培峰乃至所有陆家人最不愿意看到的。行，速战速决。宋明渊没让他动手。 直接跳上了他的背，我眯一会儿，到了喊我。说完，他头往陆培峰僵硬的背上一趴，就闭上了酸涩的双眼。他一定要快点洗精伐髓。陆培峰从没跟异性这样亲密接触过，僵了好半晌，居然没第一时间把人甩开，反而迟疑着用手托住宋明渊的臀部，觉得这样不太好。林改为勾住腿窝，算了，就这一次。宋明渊没想那么多，只感觉自己一闭眼一睁眼，陆培峰就出现在了皇宫。他趴在他肩头，满眼呆滞。 你会瞬移吗？陆培峰将人放下，面无表情道：“已经过去两刻钟了，他仿佛才睡了一秒。”皇宫的守卫比官员的府邸森严多了。这会儿天刚蒙蒙亮，正是禁军换职守卫松懈的时候。在陆培峰的带领下，宋明渊几乎毫不费力就找到了皇帝内库所在。宫中膳食用度已经从去岁每月一万两增至如今两万两了。按照先皇旧制，每年不得超过二十四万两。还有一个月就是年关了，届时宫里肯定大举庆办宴席。 如今内库已经用去二十三万两，若是超过数目，岂不是要被天下诟病奢侈铺张？哎，这可如何是好啊！二人躲藏在暗处，听着记录账目的笔官摇头叹气。皇上这两年是越发食不厌精，快不厌细了，非珍馐美馔绝不入口，非美酒佳酿绝不入喉，在膳食上的用度更是一年比一年多，也不知道节制，真是叫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内库是专属于皇帝的私库，敛财政盈余以奉皇帝私欲，其中金银珠宝。 绫罗棉绣、贡品杂器、稀世名珍多不胜数，道具堆金积玉，珠宝成山都不为过。狗皇帝还真是会享受，普通人家一年到头也花不来五两，他单单膳食每年就要花费二十四万两，怨不得人人挤破了脑袋也想当皇帝。宋明渊充分发挥了自个隔空取物的本领，一点没给狗皇帝留，全给收了。此刻金銮殿内，一众朝臣手捧护板，高呼皇上万岁。 其中包括宋潘山在内的十七八个朝臣，皆愁苦着脸色，一脸衰相，连呼声都是有气无力的。宋潘山淌着鼻涕，见到皇上第一眼就绷不住了，扑通一声跪了下来，痛哭流涕：“皇上，你可要为老臣做主啊！”第六章朝官被扔狗窝，爱卿何事如此悲切？你今儿个上朝怎么不穿朝服？顺安帝莫约四十岁的年纪，五官端正，面容威仪。宋潘山疾手蹙额，切齿痛恨：“皇上有所不知。” 老臣昨日府上遭了贼，那些恶贼着实可恨，不仅将老臣府上搜刮一空，还装神弄鬼吓唬老臣。老臣的朝服，朝服，他心气不畅，仿佛下一秒就要绝过去。老臣的朝服被那恶贼炮弓捅了，就连朝官都被扔进了狗窝，气煞我也。那些恶贼不仅砸了我宋家祠堂，还把老臣的贴身衣物挂到了门匾上，老臣心里恨啊！他捶胸拍腿，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痛哭出声，字里行间都是咬牙切齿、深恶痛绝。 不知道有多可怜，其余被偷了家的朝官，原来受害的不止他们一个，还有比他们更惨的。虽然这回苦中作乐有点不合适，但是看到有人比他们更惨，他们就放心了。皇上，那些恶贼虽然没有像羞辱宋太傅那样羞辱臣，但臣府上也遭了窃，他们几乎把臣的府邸搬空了。皇上，臣比太傅好了点，但府上吃的用的还有值钱的全没了。皇上，臣也是如此。不出声不知道，一出声吓一跳，竟然有这么多人。 宋潘山看着他身后站的十多个同僚，心梗犯了。同是天涯沦落人，倒也不必个个都往他痛处踩上一脚。顺安帝沉声道：“荒唐！怎可能有人一夜之间搬空了这么多个府邸？你们莫不是觉得朕好糊弄？搬空一家尚且还能说得上是蓄意而为，一夜之间连着搬空十几家，还一点动静都没有，岂不是说他治理下的京城漏洞百出？”皇上息怒！众人诚惶诚恐，跪了一地。臣等绝无欺君之意。 皇上派人查一查，就知道臣有没有说谎了。便是给臣十个胆子，臣也不敢欺骗皇上。魏国公站了出来，一一手，皇上，今早城中确实传出许多店铺被搬空的消息，那伙贼人只怕有通天手段。宋潘山擦了擦头上的汗，赶忙说道：“国公爷说的对，皇上，您可一定要将这些逆贼抓出来严惩啊！偷老臣的不要紧，这要是哪天偷到宫里，那才是真的罪过啊！”顺安帝眉头一皱，太子李玄谟说道。 此等小贼行迹之恶劣，着实可恨。不过太傅多虑了，皇宫守卫森严，便是他有三头六臂也进不来。顺安帝心中因宋太傅所言生出的不愉，在太子的话中打散。他思量片刻，指派道：“魏统领，这件事情交给你来督办，务必要尽早查明真凶，将贼人捉拿归案。”臣遵旨。一夜搬空这么多家府邸跟店铺，顺安帝是不信的，只觉得他们是在夸大其词，所以并没有当回事。他威严的目光沉沉扫视一圈。 众爱卿可还有本要奏？身穿红色朝服的左都御史出列。皇上，微臣有要事启奏。云，微臣要告镇国大将军陆丰通敌叛国，与西楚勾结，葬送我北魏七座城池，置我七城百姓于水火，此罪不容恕。左都御史将罪状呈上，这是陆丰与西楚往来的信件。陈副将在其营帐内亲手抓到了西楚的奸细。陆家五子临阵,阵脱逃，四人重伤，至今下落不明。事发后，陆丰畏罪自杀。 今我北魏朔阳、安定、淮南七城皆落入敌军之手，镇国将军府所犯之罪，罪孽滔天，望皇上明断。此言一出，满堂哗然，当下便有老臣跪了下来，替镇国将军府求情。皇上，镇国将军府忠君报国之心，苍天可见，断不会做出此等荒唐叛国之事，请皇上明察。皇上，圣武帝时，陆家为报君恩，血洒疆场，马革裹尸，满门忠骨，死的只剩下襁褓里的几个幼子。 先皇时，陆家抵御外敌，领官出征，换我北魏五十年太平。今陆家之子十岁抗敌，骁勇善战，斩杀敌手无数，绝不可能通敌叛国，定是有人污蔑构陷。恳请皇上明察。殿外寒风呼号，天色阴沉，殿内文武百官跪了一地，皆是为镇国将军府陈情的。顺安帝坐在龙椅上，目光沉沉，神色不明。他接过御前太监递上来的罪状，看完之后往玉案上一拍，怒不可遏。好，好一个镇国将军府！ 陆燕青何在？燕青是陆培峰的字。顺安帝一怒，底下百官全都跪了下来。皇上息怒。宋攀山道：“回皇上，陆少将军昨日花烛之喜，特地休了假，今儿个早朝没来。”他擦了擦头上的汗，心下暗暗松了口气。还好他急之事先让明渊把明烟丫头替了下来。看来回去之后，他得尽早修书一封，跟明渊断绝关系了，免得太傅府受到牵连。对于宋明渊，宋攀山心中没有半分愧疚。若非许氏提醒。 他早不记得府上有这么个人了。顺安帝无视那些跪地求情的老臣，冷声道：“来人，宣陆燕青觐见。”太监奉顺安帝口谕来到将军府的时候，陆老太君才刚刚晨起，听得宫里来人传陆培风进宫，心下一咯噔，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作为陆家父，他心里头第一个反应便是边关战事又起了。不过老太君很快便否决了这一念头，他五个儿子出类拔萃，个个都能独当一面，有他们戍守边关。 不至于要到让小峰新婚之夜刚过便领兵出征的地步，所以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大早上宫中就来人召见。老太君不动声色，给服侍他的秋娘使了个眼色，秋娘心领神会，拿出了个重手的荷包。不知皇上召见我们少将军所谓何事？公公，您知道的，我们少将军洞房花烛夜刚过，怕是紧着跟新娘子培养感情呢。以往这个时候，太监总会笑脸相迎，这会儿却是推开了秋娘递过来的荷包。皇上有命，宫里的大臣们都在等着呢。 且叫少将军快一些，要不然咱家不好交代。老太君一颗心往下坠了坠，不过眼下皇命难违，只好暂时压下心头的忧虑，喊了秋娘去福清院唤少将军。秋娘朝太监扶了扶身，劳公公稍等片刻。陆培峰御下有道，福清院的消息并未往外泄露，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昨儿的新娘另有其人，而原本该洞房花烛的两夫妻更是一夜未归。第七章，宫中来人，宋明渊跟陆培峰不仅搬空了皇帝私库。 连内务府跟御膳房也没放过，所搜罗到的金银财宝、锦衣棉被多不胜数。常人家难以吃上的鹿肉、燕窝、熊掌、鱼翅、野味、海鲜等随处可见，鸡鸭鱼羊等肉类更是应有尽有，可谓是山珍海味、龙肝凤髓尽集于此。不仅仅是这些，冰库囤放的果蔬鲜菜，橙子、冬枣、黑提等时鲜水果都被他搜罗一空。如果不是空间里的琉璃殿是个可随意调节大小、占地的法器，只怕都要堆放到外面来了。 搜了那么多座府邸跟店铺，连皇宫也被搬空了一半，里面囤放的货物数量之恐怖，可想而知。别说是让镇国将军府温饱富足度过被流放的半年，就是度过几辈子都绰绰有余。老太君差人来寻时，二人才有惊无险的回到将军府。长云急得团团转，一见他回来，便急声道：“主子，宫里来人了，皇上宣您觐见。”陆培风眸色微冷，却是并不意外。他将背上的宋明渊放下，在这里等我回来。 你的身份，我会自行跟家中长辈解释清楚的。陆家一众长辈如今还不知道宋明渊顶替宋明烟嫁进将军府，为了不让两边产生不必要的误解，这件事只能由他从中调和。撂下这句话，陆培峰便携着前来禀告的长云匆匆离开了院子，只余下宋明渊睁着迷迷瞪瞪的眼睛，跟院里的小厮大眼瞪小眼。小厮<丝>虽说眼前这位是个冒牌的，但是他能爬上少将军的背，少将军的背，这是一般人想爬就能爬的吗？当下一鞠躬。 少夫人好，宋明渊打了个哈欠，困到模糊。你好，请问你家主子接回来的人呢？虽然很困，但这会儿不是睡觉的时候。不出意外的话，陆培峰进宫之后，圣旨过不了多久就要下来了，他得趁早将那小丫头安排好。小厮忙道：“少夫人客气了，您直接使唤便是，奴才这就带您过去。”杏儿被安置在了福清院空余的房间里，屋里弥漫着淡淡的药味，桌边放着一只空碗，应当是已经吃过药了。小丫头这会儿躺在床上，人是醒着的。 看到宋明渊的那一瞬间，自醒来后的忐忑恍然顿消，不觉惊喜地叫出声：“小姐！”信儿泪眼汪汪，猛地从床上跳起来，扑向宋明渊：“呜呜，小姐，奴婢差点以为就要见不到你了！呜呜！”他们不安好心：“呜呜！”奴婢听到他们说将军府快要完了，奴婢本想着告诉小姐的，但是他们把奴婢关进了柴房，奴婢都没来得及给小姐报信。呜呜！一想到太傅府联合起来把小姐往火坑里推，信儿心里就气得不行。 我可怜的小姐啊！她抹了抹泪花，手死死抱着宋明渊，生怕他消失不见。小姐虽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但是现在是鸡飞蛋打、狗急跳墙的时候，咱们还是跑吧。你放心，仙儿哪怕豁出这条命也会保护你的。便是在外面跟狗抢馒头吃，也好过跟着将军府一起掉脑袋。少将军一路把他拎回来，还给他找了大夫，他很感激。但是为了小姐，他只能对不起少将军了。宋明渊最见不得眼泪，看着他两眼泪汪汪的样子。 险些就要蒙头答应了，但到底还没完全懵。想到来意，他温柔地拍了拍杏儿的后背，安抚道：“不会掉脑袋，最多是流放。你要是不想跟着吃苦的话，我可以给你一笔钱，足够你安度余生。你可以按照你所希望的样子去生活。”杏儿一听，眼里的泪蓄不住了，比被许氏关在柴房的时候还要害怕。小姐，你别赶奴婢走，奴婢所希望的生活就是有小姐的生活，奴婢不怕吃苦。她惶惶不安，连声音都带着颤：“您别丢下奴婢，奴婢要跟您一起走。” 杏儿无法想象没有小姐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如果没有小姐的话，他现在还是个小乞儿，说不定已经被饿死，亦或者是打死了。这世上没有谁离开谁是活不下去的。但杏儿离开小姐就是活不下去。眼见杏儿就要跪下，宋明渊一把扶住，露出了几分无奈，没说不要你，我只是觉得你应该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他将杏儿扶起来站好，思忖片刻说道：“既然要跟着，那便跟着。不过你现在不能留在将军府，将军府就要被抄家了，一应奴仆都会被发卖。” 你只待我们明日被流放押送离京的时候，借太傅府的名义跟来便是。或抄家流放之罪的家族，受牵连的女眷其娘家若是足够重视，便会偷偷接济，并派奴仆随行伺候，好让其在流放路上少受一点苦。押送的差役一般不会去得罪这些有背景的女眷，只要金钱打点到位，对这样的事情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杏儿也不问宋明渊为何这么清楚，将军府一众人明天就会被押送上路，知道小姐没打算丢下他，可高兴坏了。反正只要小姐不扔下他。 让他干什么都行，当下便点头答应下来。宋明渊唤来小厮送信儿离开，记着他还生病，取了傍身的银子和厚衣、跟手炉以及桌上的两包药，让他一并带着。他叮嘱道：“今晚你去找个客栈先住着，不用费心准备什么东西，我都已经准备好了。这两天京城不太平，别到处乱跑。”信儿一听就打消了想要抓紧时间置办东西的念头。信儿记住了，小姐放心。目送信儿离开院子，宋明渊便回了喜房。他去偏厅把昨儿个捎带来的嫁妆放进了空间。 虽说是个顶替的，但到底是顶着宋明烟的名义。宋潘山怕将军府的人看出端倪，不让他进门，可是在嫁妆上假假充了个样子。本应只有一两台糊弄了事的，反倒多了七八台，不过都是些不大值钱的玩意。有两个箱子，甚至装的是棉被。宋明渊也没嫌弃，只当是白捡的了，才将东西收好。方才随陆培峰离开的长云又折返了回来。少夫人，属下长云，这是主子让我给您送过来。第八章，将军府如此贫穷。 他手里拿的是一串钥匙和一个食盒，一张俊秀的脸看着有几分凝重，估摸着已经从陆培风那里得知了将军府要出事的消息。钥匙沉坠坠的，有十多把。宋明渊接了过来，颠了颠，嘟哝了一句：“他可真是放心啊，也不怕我将东西卷空了跑路。”长云，虽然他不知道主子让他把钥匙交给少夫人是何意，但是将军府的东西是说卷空就能卷空的吗？他是不是不知道将军府有多少东西？天真。宋明渊草草吃了个早饭。 正要出门搞事，就见长云直愣愣的杵在门口。他有些莫名：“你咋还在这？将军府都快要大难临头了，他还这么闲的吗？”主子让属下听候您的吩咐。宋明渊若有所思：“也就是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是。你主子真懂事。行吧，带路。且看在陆培峰这么识趣的份上，府里的东西他全当替他保管了，待到得流放之地再还给他们，就当是酬谢他昨天提供的消息和帮助。长云。 主子在少夫人这里好像没什么地位可言，这一发现让常云不免有些同情起陆培风来。知道人家姑娘是顶替身份嫁过来的，不仅没有将人赶出去，一大早上还背着人家姑娘从外头回来，甚至临走前还怕人家饿着，特地叫他送了饭菜，瞒得可真严实。原来主子不是不近女色，而是心里一直都藏着少夫人啊。少夫人要去哪？宋明渊根本不知道，短短的几息时间里，常云都脑补了些什么。听他这么问，直到。 库房，常云将宋明渊带了过去，心里再次感叹：这开了窍的人就是不一样，都知道哄媳妇儿，让他去库房挑自个喜欢的东西了。何该叫那些说主子是万年铁树、不解风情的人都过来看看？房门打开，入目景象让宋明渊诧异：你们将军府怎么如此之贫穷？常云，他磕巴了。这，他们将军府虽说不是很富有，但也跟穷这个字不搭边吧？常云皱起眉头，想了下让宋明渊不那么嫌弃将军府贫穷的措辞。 也许是因为府上的银钱多半用在抚恤伤残老兵，令他们安享晚年上面去了。将军府每年都要补贴一大笔钱财在这上面，特别是跟着将军打仗的清兵，若是国库空虚、粮草不济，还得自掏腰包去补。大半的钱都花在打仗、手边上面去了，是以哪怕将军府是百年望族，这么些年也没存下多少家底。宋明渊沉默片刻，骂了句：“狗皇帝真是瞎了眼！可怜堂堂镇国将军府府中财物，连那些贪官污吏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贪污腐败之人不管，如此为国鞠躬尽瘁的忠臣良将，偏偏遭其忌惮，近乎满门惨死。这北魏有这么个昏庸的东西，执权当政，迟早要亡。常云深以为然，少夫人所言极是。常云更多的是听命行事，但在宋明渊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打从心里对他多了几分认可。少夫人若是有什么喜欢的物件，尽可拿走，能拿多少就拿多少，要不然也是便宜了别人。肥水不流外人田，落在少夫人手里也好过被那狗皇帝抄了去。 那我就不客气了。宋明渊笑了笑，那抹别有意味的笑，莫名就让常云心弦一颤，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然后下一秒，他就看见堆放着古董字画和金银珠宝的库房，眨眼之间空了，空了。常云目瞪口呆，难以置信。他一个机灵往后退了一步，不料被门槛绊倒，跌坐在地，脸上的表情活像是见了鬼。回想起刚刚少夫人嘟哝的那句“卷空将军府跑路”的话，他人妈了，天真！早知少夫人有这种本事。 他一定不会质疑他的。等到宋明渊将长云从地上拽起来，他还是一副灵魂脱壳的傻愣愣模样，显然被刚刚那不可思议的一幕给震得不轻。你比起你主子来，还有待长进。走吧，下一个，早点办完，早点完事。一直到将军府重要的几个地方搜完，长云被冲击的认知还没修补过来，他有点怀疑人生。晃悠悠撞见匆匆忙赶回来的青海，长云声音飘渺,渺问：“青海，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仙吗？”青海用一种看傻子的眼神看他。 如果有神仙，会让将军府沦落到如今的境地吗？他跟主子一样，一向不信鬼神。别做梦了，宫里的禁军已经到街口了。宫中失窃，皇上大发雷霆，如今正大肆搜捕盗贼。长云一惊，主子呢？青海道，主子被下了诏狱。今早早朝，有将近十七八个官员的官邸一夜间被盗一空。狗皇帝如今一心都在抓那伙盗贼上，倒是没心情惩处主子。主子让我等暗中保护老太君和一众夫人、跟小少爷还有小小姐。 不要与他们硬碰。听到皇宫跟一众官员官邸被盗，常云面色古怪。虽然现在这么严肃的场景不应该爽快的笑出声，但是他真的有点绷不住了。若非时机不对，他真想仰天大笑，呐喊一句“少夫人威武”。看到青海凝重的脸色，常云忽的说道：“你还别不信，这世界上真的有神仙，他来救我们将军府了。”不出意料，得了青海一个白眼。你看我信吗？如果这世上有神仙，你早就从弟弟变成妹妹了。常云脸一黑。 滚！打从大孙子随同太监进宫的开始，陆老太君就静坐在堂中等了。陆培峰让秋娘给他提了醒，他已经遣散了家仆，将一众儿媳召到了跟前。如今陆府蒙难，我也不瞒着你们，皇上要发难陆家，老大他们几个至今未有消息传回，只怕凶多吉少。我们将军府被冠上通敌叛国之罪名，是生是死全由李章一句话。你们都是大家出身的好姑娘，自嫁到我陆家以来，孝顺公婆，相夫教子，和睦妯娌。如今陆家遭受这种无妄之灾。 我也不愿拖累你们，和离书我已经拟好了，谁想离开便离开吧。第九章，圣旨道：娘，陆家五位夫人齐齐红了眼睛。陆大夫人当先道：我不走，既然嫁进了陆家，夫在此，子亦在此，无论生死，这便是我的归处。娘，我也不走，我若是走了，小青跟宁宁可怎么办？我不能让他们既失去爹的庇护，又没了娘在身边陪伴。陆二夫人也含着泪摇头。陆三夫人强忍悲伤，娘，三爷说过。 战场上最不屑做的就是逃兵。如今将军府落难，身为陆家儿媳，我亦甘愿与之共患难、同进退。对，大嫂、二嫂、三嫂说的有理。进了陆家门，我们便是一家人，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陆老太君见此场景，心中既有欣慰，又满是悲凉。他压下喉头的梗塞，看向坐在下手一直都没开口说话的小儿媳程玉：“你膝下既无儿也无女，少了许多牵绊。无论是去是留，娘都不会怪你。莫要因为嫂嫂们都留下，你也跟着留下。” 这是关乎着生死存亡，娘尊重你的决定。”陆五夫人淡淡道，“娘，五爷若是死了，那位不给我们活路，我正好与五爷共赴黄泉；五爷若是还活着，我就更不能离开将军府了。他从没想过离开，甚至留下来的决心比前头几位夫人还难以动摇。陆老太君知道他跟小五情深意重，也没有多劝。而且将军府未必就真的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他挺直了腰骨，那泄了的劲儿仿佛又重新回到了身上。好，咱们一家人同患难共进退。 不离不弃，老身就不信磨不出来一条活路。禁军包围困将军府的时候，宋明渊刚刚搜刮完将军府的最后一个房间。陆老夫人房里不少古董，几位夫人房里首饰居多，凡是值钱的、重要的，全都进了他的空间。等他从房间出来，走至前院，刚好听到太监掐着间细的嗓门高喊圣旨道。手执拂尘的太监捧着一卷明黄的圣旨，在一对佩刀禁军的拥护下走至庭中。听得动静，满头双发的陆老太君由儿媳们搀扶着走了出来。 看到这个阵仗，握着银金花十二环锡杖的手紧了紧。陆老太君，人可是到齐了？陆老太君面色绷紧，微微颔首。既如此，便跪下来接旨吧。陆大夫人已经携陆府家眷跪了一地，见此忍不住说道：“先帝曾金口玉言，老太君见君无需行跪拜之礼。”太监睨了他一眼，今时不同往日，陆大夫人还是莫要为难咱家的好。咱家这是替皇上办事。陆老太君知道如今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安抚住几个儿媳，跪了下来。 有劳公公宣旨吧。见陆老太君的识时,时务，太监也没有多为难的意思，打开圣旨，高声宣读了起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镇国大将军陆丰通敌叛国，勾结外敌，不思镇守国门，以安社稷，图谋逆反，藐视君威。至朔阳、安定、淮南七城皆陷于敌手，百姓流亡，当诛九族。念及祖上功勋，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经贬为庶民，三族之内判抄家流放。 由差役押送赶赴百越雍州应罪，非有诏不得擅离。若有罪敢抗旨者，死。太监将圣旨合上，陆老夫人接旨谢恩吧。陆老夫人凝地圣旨半晌，才缓缓放下西杖，任命般的俯首叩地。民妇领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好一个通敌叛国，藐视君威！他们陆家几代人为国为军尽忠尽职，所供奉的灵位、陆家祠堂庄都装不下，到头来竟是被冠上这么个罪名，当真可笑！ 陆家为保国门，歼灭外敌，不知反己，已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恨不能除之后快。他怎么敢说陆家勾结外敌？陆老夫人心中恨极，可为了保全陆家的香火，她却不能有一点逆言，还得感恩戴德，叩谢圣恩。几个小的已经懂得了通敌叛国是为何意，这是自他们出生起就死死刻在他们戒律上的。可这些人却口口声声污蔑他们通敌叛国。陆培安等四个小孩捏紧了拳头，红着眼睛想要为公道抗争，却被自家娘亲死死捂住了嘴巴。 他们不懂，为什么？他们不相信，盼着他们长大为北魏逐外敌、扬国威、镇国门、守国土的大博会通敌叛国？为什么要捂住他们的嘴？他们不懂，却觉茫然，看着奶奶伏地的身体，看着娘亲含泪哀求的眼眸，仿佛在这一瞬间有什么东西崩塌了。宋明渊远远的看着，便感受到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悲哀。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在这个灵力贫瘠的世界，皇权就是一切。 秋娘已然泪流满面，却不忘陆老太君的嘱托。姑娘，随我离开吧。我知道嫁进将军府并非你的本意，老太君不愿拖累你。从福清院回来的路上，少将军已经跟他说了一切，千错万错都是宋攀山的错，出尔反尔，却把自己的另一个女儿推出来顶罪，这等行为属实令人不齿。将军府后院有一条通往外面的密道，这是老太君令我交给你的和离书，咱们得快一点走，要不然等他们发现你，便走不开了。宋明渊接过和离书，却没有跟秋娘离开。 我不走，他要是想走，区区和黎叔哪里拴得住他？答应了的事情，他一般情况下不会食言。况且他对流放之地也挺感兴趣的，据说是恶人云集之地，可不就是他的另一个故乡吗？秋娘隐隐动容，姑娘，你不必相劝。我既然答应了你们少将军护送陆老太君他们平安抵达流放之地，自然不会是说说而已。此言一出，秋娘便知道宋明渊的去留不是他能决定的了，而且他定然有过人之处，当下行了个大礼。 姑娘大义，如此便厚颜，请姑娘多多照顾陆家了。秋娘先行一步，待到流放之地，静候姑娘与老太君佳音。宋明渊朝他略一点头，那便流放之地见。与秋娘一道离开的还有许多陆家中仆，都是不愿离开陆家的，他们不能随行流放队伍，只能提前到流放之地打点，好迎接陆老太君一众人的到来。目送他们离开，宋明渊方才走出隔墙的遮挡，步入庭中。他才有动作，便听得为首的禁军头领颐指气使道：“你们几个过来。” 上去把他们的衣服给本副都使扒了，别让他们带走这里的一针一线。第十章，恶人自有天收。副都使，不太好吧？许氏觉得此举太过于冒犯了。被点到的几名禁军都有些迟疑。陆丰虽然叛国了，但陆家赫赫战功不可抹灭。陆老夫人年轻时亦是巾帼不让须眉，哪怕现在落魄了，也值得尊敬。副都使沉了脸，有什么不好的？我可是奉皇上之命来抄家的，既是抄家。 哪里容许他们从眼皮子底下带走府上值钱的玩意儿？一群罪名而已，有没有命活到流放之地都是问题。叫你扒你就扒，哪那么多废话？副都使张时明是丽妃亲弟，为了制衡陆家，顺安帝即位时便封了陆老夫人唯一的女儿陆婉珍为贤妃。丽妃几次陷害不成，反倒自食恶果，让自己滑了胎，对贤妃可谓是恨之入骨。如今镇国将军府倒台，贤妃被打入冷宫，张时明受命抄家。 自然不可能放过这个落井下石的机会。顺安帝只派这么个人过来，只怕是存了刁难陆家的心。陆老夫人已经不能再寒心了。可笑他们陆家铁骨铮铮，居然为了这么个东西付出满腔忠诚，当真是不值。张时明目光扫视一圈，忽地落在朝这边走过来的宋明渊身上。这不看不要紧，一看眼睛都挪不开了。乖乖，将军府什么时候藏了这么个美人？张时明登时心痒难耐，指着宋明渊说道：“就从他开始，把他衣服给我扒了。” 扒干净点，他身上指定藏了钱。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朝宋明渊看了过来。陆老夫人心一咯噔，这孩子怎的还没跟秋娘离开？糊涂啊！他便是回到宋家去，也好过跟着他们一道去流放。陆老夫人怕他受牵连，赶忙出声道：“这位是宋太傅府上的二小姐，与我们陆家并无关系，便是流放也罪不及他。请副都使看在宋太傅的面子上放他离开。”张时明冷哼一声：“你当我这么好糊弄？昨日是陆培峰大婚之日。” 出现在这里的是宋二小姐，而不是宋大小姐，就已经引人深思了。结合陆家被定罪之事一看，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不过是宋家不要的弃子，进了陆家的门就是陆家的人，便是随便打杀了又能怎样？张时明有恃无恐，看向宋明渊的眼神带了几分不怀好意，无端让人心里膈应。给我扒！宋明渊看张时明的目光像是在看死人，空间里的锐气对准了他的脑袋，正要破西瓜似的砸下去，一举爆头。陆老夫人沉怒的声音响起。 副都使，你若执意要扒我陆家女眷的衣服，辱我陆家女眷的清白，那么我老太婆不介意一头撞死在这里。我陆家女眷性情刚烈，受不得此等屈辱。皇上只说了流放，你也不想流放，还没开始，这里就先多出几具尸体吧。他目光冷冽，只怕你不好向皇上交差。陆大夫人一冷声道：“既然你不给我们体面，我等只能以死成全自己的体面了。不过是一条命而已。副都使要的话，大可拿去，不用以这种卑劣的手段侮辱我们。” 宋明渊收起了杀心，他头一次被陆老夫人跟陆大夫人这样的女性长辈维护，感觉还挺新鲜的。皇上若想要将军府众人的命，就不会下旨让他们流放。有此行为，不过是为博得个人君的美名罢了。倘若他们一死，以陆家累累功绩，民间必定废反盈天，难堵天下悠悠众口。届时，皇上必然第一个拿他来问责。这死老太婆是吃准了他不敢啊！张时明脸色十分难看，将他们套上枷锁，押入天牢。他啐了一口。 老不死的，等着吧，看你陆家在流放路上是怎么死的。等我抄了将军府，再让官差一路上好好关照关照你们。流放路上死几个人是正常的事，只要出了京城，踏上流放之路，他们充其量就是一只能随手捏死的蚂蚁。这样一想，张世明心情好上了几分。既然无法刁难，让他们提前吃吃苦头，那他就让他们亲眼看着府里的家才被抄没，遗物被糟践。张世明眯起眼笑了两声，将军府值钱的玩意肯定不少吧？ 陆家那些叛贼此刻估计已经是一堆尸骸了，他们的东西留着也是无用，都给我砸了！陆老太君闭上了眼睛，心头的怒意几乎要压制不住。几位夫人气得发抖。陆家几位爷如何暂且不论，若真的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他们留下的东西便是遗物了。此刻却要他们眼睁睁看着东西被糟践，如何能接受？几位夫人双目充血，恨恨地瞪着张时明。若不是被套上了沉重的枷锁，只怕已经朝他扑了过去。他们越是愤怒，张时明就越是得意。 损毁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皇上肯定不会怪罪的。来人，现在就去搜，搜出来都给我狠狠地砸！啊！砸字刚落，将军府的半边大门毫无预兆应声倒下，轰的一下砸在了张时明的背上。张时明整个人被厚重的大门压趴在地，宛如一只被石块压扁的青蛙，眼睛一鼓，噗的狂喷出一口血，晕死过去。见证这一幕的众人心头一突，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上脊背，头皮发麻，反应快的已经连连退了好几步。他奶奶的！ 咋说砸就砸呢？嫩大个门也推下人了。副都使多少都跟邪门沾点边。陆家几位夫人也被这一出唬了一跳，下意识捂住了孩子们的眼睛。看到张时明的惨状，只觉心中狠出了一口恶气。恶人自有天收，真是活该啊！无一例外，所有人都将张时明被砸当成了一场意外。只有陆老夫人注意到了宋明渊格外冰冷的眼神，当下心头一跳。不过到底觉得这是太过匪夷所思了，所以将心中升起的念头打散。阿弥陀佛。 他怎么会认为这孩子有这等诡异的能力呢？张时明是顶头上司，余下禁军也不好放着不管，于是涌上去合力将门搬开。好一通忙活后，才把人弄醒。张时明浑身上下的骨头都像是碎了一样，他忍痛睁开眼睛，便听得去抄家的禁军匆,匆匆来禀：“副都史不好了，大事不好了！”第十一章，抄了个空。张时明捂着钝痛的胸口，在下属的帮助下半坐起来，小小的动作几乎用尽了他全身的力气。 一看搜查的人这副急慌慌的模样，便是眼皮子一跳，他甚至顾不上身上的剧痛，脸色骤变。嗨嗨，怎么回事？副读时，将军府库房是空的，仓库是空的，所有房间全都是空的，里面别说黄金了，连一个铜板都没有。张时明双目一瞪，什么空了？噗！想到临出发前皇上特意召他过去吩咐的事，张时明顿时急上心头，一口血喷了出来，两眼一翻，彻底晕死过去。失去意识前的最后一个念头便是。 完了，听到将军府空了的消息，陆家几位夫人面面相觑，皆是难掩心中的震惊。怎么回事、啊？他们刚刚出门的时候不是好好的吗？前前后后不到半炷香的时间，怎么可能空了？可看那些禁军的表情，却不像是作伪。将军府是真的空了。意识到这个的时候，陆家人是极惊又喜。惊的是世上居然有如此神通广大之人，居然能在半炷香不到的时间里搬空将军府；喜的是陆家的东西不用落入这些宵小手里，便是被盗走了。 那也好过被抄了去，也不知道搬空将军府的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将军府被围了个水泄不通，张世明很快就被人抬走了。陆家所有人都被带上了枷锁，由禁军押进了大牢。玉史并未对陆家多有厚待，只将他们全都关在了一间狭小的牢房里，丢下几套单薄的囚服，勒令他们换上。娘，陆家几位夫人都朝陆老夫人看了过去。遭逢大变，他们满心都是对未来的彷徨。陆老夫人眉目沉静，哪怕是置身在牢狱之中，也没有显露出一丝慌乱。 这让惶惶不安的几人心中安定不少。换上吧，中衣穿着，想必皇上这般仁厚，不会连这点体面都不给我们留。声音里夹带着几分嘲讽。陆老夫人率先行动起来，在陆大夫人的帮助下，除去了身上的织锦香毛斗篷和藏蓝色祥云纹厚袄裙，身上所有贵重的东西都卸下。作为陆家人，活着就要争一口气。既然不让咱们带，咱们便不稀罕带，免得等会被搜出来，丢的是陆家的脸。宋明渊一进牢房，就随意找了个角落修炼起自己的灵力。 听到这话，不禁微微侧目，就见陆老夫人冠冕堂皇地说着，手却偷偷,偷拿着自己的翡翠戒指往发包里塞。宋明渊，他就说陆老夫人怎么可能是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如果真的假清高，也养不出来几个骁勇善战的儿子。转头一看，其他几位夫人也有样学样，互相打着掩护。娘说的对，我们陆家人做事行得正，做得端，不屑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咱们把头上的发钗都摘了，耳坠也是。将军府落魄。 这些东西带着也不合适，没得叫人看了笑话。明眼能看到的首饰被他们取了下来，跟衣物堆放在一起；看不到的事物，如手镯、项链还有玉佩，这些都被他们藏了起来。有的藏在了头发里，有的藏在了鞋底，有的太明显就藏在了牢房的墙缝里，连老鼠洞都没漏过。他们没有可供自己随时存取的空间，只能靠自己的聪明劲儿藏。流放路上艰辛，加之前途未卜，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能多藏一点东西就多藏一点，要不然等到需要用到的时候。 只能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陆培安几个小的原本还有些害怕，一看到伯娘跟婶婶的举动，也顾不得害怕了，赶忙吸了吸鼻子，将身上的配饰取下来找地方藏。宋明渊身上没带什么饰物，假假糊弄了一下，就换上了球衣。这具身体根骨极差，单薄的球衣根本抵御不了四面八方侵袭而来的严寒，厚袄裙一脱便动了个哆嗦，冷，真冷啊！陆老夫人也冷，不过是硬扛着。看到她这样，又是心疼又是好笑，你这孩子。 明明有更好的路，何必跟着我们吃苦？咱们陆府如今人人避之不及，骗你这么大的胆子，硬要往上凑，真是都不知道叫我说你什么好。他不欠陆家什么，今却被陆家带累，陆老夫人心中不由多了两分怜惜。你且靠过来这边一点，那边是风口，一个人待一处是什么回事？难道老婆子看起来是那种蛮不讲理、喜欢刁难人的？你既然随了陆家，日后便是我陆家的人了，不管是怎么进府的，往后我们家只认你这么个孙媳妇。至于那什么宋明烟、许明烟的。 你不用放在心上，咱不搭理他。宋家直接退亲，陆老夫人都没这么恼，可偏偏他连招呼都不打，就整这么一出，白白恶心人。陆老夫人对宋潘山那一家三口没一点好感，你几位婶婶都是好相处的，今天事发突然，也没个机会叫你认认人。来，奶奶介绍给你认识认识，往后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还别说，陆家几位夫人，宋明渊还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只隐约从面相上看出来，那位眉眼与陆培峰有几分相似的是陆大夫人。 他没拒绝陆老夫人的好意，毕竟流放路上也是要同行的，总不能连谁是谁都不知道。陆老夫人膝下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五子皆已成家。那日闹喜房的四个崽子是二夫人跟陆三夫人和陆四夫人的孩子，最大的那个叫陆培清，年方七岁；最小的那个叫陆思宁，才五岁半大，皆是陆二夫人所出。另外两个，一个叫陆培远，一个叫陆培安，是陆三夫人与陆四夫人所出。至于陆五夫人，嫁进陆家七年都没有诞下一儿半女。 陆培峰还有一个亲弟弟，许氏随了外祖父宁国公。陆培川不爱舞刀弄枪，偏爱文书笔墨，三年前就已经被宁国公托关系送到退隐的老友那里听起讲经授课去了。你进门进的不是时候，如今陆家已是这般光景，咱们也没有什么好的见面礼送给你。若是再早上一些便好了。陆大夫人拉着他的手叹气，陆二夫人笑意黯然，我们都给你备了礼物，如果没有被抓进来，这会儿和该是高兴热闹的时候。陆三夫人除了华服，就像是解开了什么封印一样。 毫无形象，一屁股坐在地上，也不知道搬空了咱们将军府的意识是谁。若是让那位知道抄家抄了个空，可不得气死？陆五夫人冷哼一声，气死了正好。陆三夫人有心想要多咒狗皇帝几句，看到打开门的狱卒便静了声。第十二章断绝关系。几个狱卒将那一堆衣服首饰收走。许氏刚刚听见了陆老夫人很有骨气的那一番话，只粗略搜了一下，便挨个给他们戴上手料脚镣离开了。没了御寒衣物的众人只能挤作一堆，抱团取暖。 宋明渊跟陆培安几个小孩被陆老夫人和陆家几位夫人拢进了最中间。如果说一开始只是出于交易，那么被他们护在中间，用薛伯的背挡住寒风的这一刻，宋明渊心里切切实实多出了一分暖意。狗皇帝真是面目可憎，早知道连他龙床一并偷了。宋明渊从空间里拿了几块石头，摆了个摆了个微型阵法，用刚刚修炼出来的一丁点灵力激活，很快牢内无缝不入的冷风就消散了一些。无精打采的众人未有丝毫察觉，只以为是挤在一起终于暖和了。 也不知道小峰怎么样了，他被单独关押，怕是要受刑。皇宫里下了早朝的安顺的看着被偷的只剩下一张龙床的寝宫，气得头顶冒烟。知道这恶贼可恶，倒空了司库、内务库跟御膳房，没曾想他居然这么可恶，连镶在龙床上的宝石都不放过，好好一张床愣是被抠成了马蜂窝，简直丧心病狂，不把他放在眼里。顺安帝深吸了好几口气，手上青筋暴起，一张脸阴沉可怖到了极致。来人，给朕加派人手。 封锁城门，掘地三尺也要找到那个逆贼！敢在宫中行窃，朕要将他挫骨扬灰！碎尸万段！遵令！宫中禁军调了一批又一批。顺安帝没有等来盗贼被擒获的消息，反而等来了将军府被搬空的消息。他满腔怒火无处宣泄，气得狠狠将御书房的奏折挥落在地，踹翻了桌案。废物，统统都是废物！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朕养你们这些废物有什么用？皇上息怒。 抄家的禁军吓得跪伏在地，大气都不敢出一下。属下万死。我们去抄家的时候，将军府已经空了。属下查过了，将军府失窃，在皇宫失窃之后，那贼人现在定然还在京城。派人挨家挨户给朕去搜，抓不到人，你们就别回来了。将军府空了不要紧，重要的是那东西绝对不能落入有心人的手里，否则……顺安帝压了压眉心，满眼阴雾，传朕旨意，令禁军统领跟左辅都尉带兵全城戒严，若遇行迹可疑者，杀无赦。 是皇上，禁军跟官兵齐齐出动，一时间京中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宋潘山听着外头闹腾的动静，一颗心突突直跳。他扶着桌子，想到今天在朝堂上放出来的话，差点没忍住甩自己一个大嘴巴子。他可真他娘的是个乌鸦嘴！好的不灵，坏的灵，这下好了吧？皇宫真的被偷了，要是皇上因此迁怒于他，他就是有十张嘴也说不清啊！都怪那贼人，到哪里不好，偏偏到进宫里去，这不是害人吗？ 明儿的早朝，早朝，算了，不去也罢。宋潘山擦了擦头上的冷汗，朝势力一边的管家道：“你赶紧给宫中递个信，就说这几日我风邪入体，告病在家，日日药不离口，连床都下不来，先避避风头再说。是”是老爷。管家离开之后，宋潘山只感觉头重脚轻，身上冷意一阵一阵往四肢百骸钻，喉咙更是刺挠。一刻钟后，他躺在了临时捡回来的破烂床上；两刻钟后，他开始浑身发热。 三刻钟后，他已经烧得迷迷糊糊了，苦口的汤药灌了一碗又一碗。宋潘山仰躺在硬邦邦的床上，盖着薄薄的被子，不禁潸然泪下，直恨不能回到三刻钟前掐死那个乱说话的自己。真是人倒起霉来喝凉水都会塞牙缝。他今天也不知道跟哪路神仙犯了冲，出了一身虚汗。宋太傅才勉强打起一点精神，去药房给我拿之前太医院制作的退热止血丹来，再熬一碗乌鸡参汤。伺候的小厮小心翼翼提醒道：“老爷，您忘了。” 咱们府上昨儿个遭了贼，药房是空的，厨房厨房也是空的，就连您刚刚喝的药都是差人从外面买回来的。别说是乌鸡了，连根鸡毛都没有。老夫人跟夫人还有小姐少爷他们都还饿着肚子呢，厨房里干净的连半粒米都找不到。天杀的小毛贼，最好祈祷别落在他手里，要不然他非要他好看。宋潘山有气无力，不仅头疼，心窝也疼。一想到府里值钱的东西都被搬空，心都在滴血。小四犹豫了一下，老爷。 奴才还有一件事，不知道当不当讲。讲，比起太傅府被搬空，已经没有什么事是能打击到他的了。宋攀山喝了口水，压压嘴里的苦味。奴才在库房外的廊柱上看到了几个字，上面写着：“我一定会回来的。”扑克嗨嗨！宋攀山一口水喷了出来，急火攻心，咳得撕心裂肺，愣是一口气没喘上来，被呛晕过去。老爷，老爷，快来人！老爷他晕过去了。太傅府一阵兵荒马乱。 宋明渊收到宋攀山断绝关系的文书是在晚上，若非他被刺激的昏迷了大半天，只怕这封断绝关系的文书中午就已经送到他手里了。文书是托了关系让狱卒送进来的。宋明渊一点都不意外，毕竟能把亲生女儿送上绝路的，能是个什么好东西？陆家被流放、断绝关系是早晚的事，他怎么会让他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拖累宋家？宋明渊很平静地接下了这份文书，倒是陆家几位夫人义愤填膺，替他感到不值。这宋攀山简直不配为人父。 但凡有点良心的人都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来。宋明烟是他的女儿，明渊就不是他的女儿了。明明知道陆家就要被流放，还把女儿送过来。若非他们陆家做事厚道，也不知道明渊要吃多少苦，受多少罪。这还没出一天呢，就赶着来断绝关系，生怕明渊过得太好，还是怎么的？几位夫人心中气愤不已，就连向来好脾气的陆大夫人都觉得宋潘山委实做得太过分了。媛媛，你放心，宋家不要你，我们陆家要你，你一点都不比宋明烟差。对啊。 谁罕他们似的？等咱们到了流放之地，安定下来，日子未必就过得很差。陆武夫人见他低垂着一颗脑袋，诞生道：“这种父亲，你且当他死了。往后陆家就是你的家。”陆老夫人摸摸他的头：“孩子，这样的爹不要也罢，断绝关系就断绝关系，没甚要紧的。他对你不好，多的是人对你好。”宋明渊想，如果元身没有死在花轿上，如果元身有幸能听到这些话，该有多开心啊！他敬仰的人会点亮那个自卑又怯弱的他。 我不难过，宋潘山才不是他爹，他有世界上对他最好的爹爹。只可惜他不小心把他弄丢了，找了好久好久都找不到。第十三章，饭菜有毒。陆老夫人跟几位夫人一见宋明渊的样子，就知道他是强颜欢笑。瞧瞧，眼睛都红了，这哪里是不难过？这么贴心懂事的孩子，也就那宋家不当人，怪不得好好一姑娘死活不肯回去，要陪他们流放。想来是对宋家失望透顶了。陆老夫人叹了口气。 只搂着他，轻轻拍着背，像哄孩子似的。陆培安几个小的也凑了过来，默默蹲在他身边陪伴。见宋明渊半天没说话，陆思宁皱着小眉头，深思熟虑道：“嫂嫂，你要是不开心，很想要爹爹的话，我们不当你夫君了，我们当你爹爹，这样你就有四个爹爹了。”童言稚语一下就打破了压抑一整天的沉闷气氛，众人忍俊不禁，差点笑出声来。陆二夫人板着脸：“宁宁，爹是不能乱当的，快给嫂嫂道歉。”陆思宁茫然的眨了眨眼：“魏森吗？” 为什么不能给人当爹？小姑娘百思不得其解，却还是乖乖听娘的话，认真的给宋明渊道了歉：“嫂嫂，对不起，你就当我刚刚放了个臭屁。”陆二夫人眼角一抽，苦口婆心道：“宁宁啊，姑娘家家不能整天把屎啊屁呀、啊、挂在嘴里，没有挂在嘴里啊，娘你胡说，宁宁没有吃屎。”陆思宁瞪圆了眼，一副你怎么能冤枉我的模样。陆二夫人深呼吸，干脆背过身去，不教了，教不了。宋明渊肩抖了抖，他很难过，他也不想笑的。 真的，他清了清嗓子，压下到嘴边的笑意。没关系，宁宁就算放屁也是香的。你不能当嫂嫂的爹爹，但是可以当别人的爹爹。陆思宁眼睛一亮，凑近了点，悄咪咪问：“比如说？”宋明渊说道：“比如说，谁欺负你，你就当谁的爹爹。但是前提是你得打得过他。那我要是打不过怎么办？”小姑娘有点气馁，她都还没开始学功夫呢，她最多也就打得过小蚂蚁、小蛐蛐。你喊嫂嫂来。陆思宁惊喜。 望着宋明渊，满眼星星，可以吗？当然可以，怎么不行呢？你能打过就以大欺小，打不过就以多欺少，懂了吗？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输了不丢人。陆思宁，哇，嫂嫂，我懂了。众人，等等，孩子是这么教的吗？宋明渊将那封断亲书扔进了空间里。他们已经将近一整天没吃过东西了。到了饭点，狱卒提着食盒，拿着热腾腾的饭菜送了进来。陆老夫人，这是国公爷让小人送来的饭食。 国公爷在朝堂上为陆家进言，引皇上不喜，如今被罚俸挨了二十大板，怕是不能来相送了，还望老夫人珍重。陆老夫人忙站了起来，令儿媳将几个食盒接过。国公爷有心了，我知道他放心不下佩兰，你且转告他，佩兰我会替他照顾好的。佩兰是陆大夫人周氏的名讳，在宁国公府也是备受宠爱长大的。此刻将军府落难，他不能陪伴在父亲身边尽孝，还劳他一把年纪还要为自己担惊受怕，不免红了眼眶。我爹他可还好？大夫人放心。 国公爷并无大碍，只是需要卧床休养。画小人会替老夫人带到的。此行流放途中艰苦，万望,望老夫人与几位夫人保重。狱卒说完，不敢多留，朝陆家人深鞠一礼，便离开了。陆大夫人就是担心也无法。食盒一共有五个，里面装了满满当当的饭菜，大家都饿了一天了，特别是几个小的，闻着饭菜的香味，肚子就止不住咕噜咕噜的叫。陆老夫人一一将饭菜摆了出来，竟还在食盒底层发现了几张银票，一共三千两。 想来是为了留给女儿和外孙流放路上傍身用的，正要将银票交给儿媳，陆大夫人却摇头说道：“娘，这银票你拿着，我信你。这是你爹特地给你留的，我拿着算什么事？你且收着，待需要的时候，娘再问你要便是。”推脱不开，陆大夫人只能暂且将银票收着。这是他爹宁国公送来的，料想这些狱卒便是瞧见了，也不会冒着得罪国公府的风险将这笔钱搜出来昧下。有了这笔钱之后，那些藏起来的事物拿出来也就顺理成章了。陆老夫人招呼着大家。 过来吃饭吧，莫等饭菜冷了就不好吃了。宋明渊牵着陆思宁靠了过去，三个小的跟在他后头。陆三夫人手脚麻，利用盛菜的碟子将饭菜均匀的分成了好几份，碟子数量不够，陆老夫人便让四个小的与自己亲娘同用。嫂嫂，我要跟你一块吃。陆思宁黏糊的很，养着软软的小脸蛋，眼巴巴的模样看着就让人无法拒绝。你这小鬼头，有了嫂嫂便忘了娘是吧？陆老夫人笑称一句，将自个的饭食往宋明渊碗里摊了摊。 陆老夫人没动筷，谁都没动筷，便是饿极了。良好的教养还是刻在骨子里头的。饭菜飘散的香味让人饥肠辘辘。宋明渊察觉到一丝异样，凑近些闻了闻，见陆老太君正要吃，他想也没想，轻着向前将碗拍掉了。瓷碗碎裂的声音引得众人心头一惊，不明所以的看着他。渊渊，陆老夫人却是没有呵责他的意思，反倒是看着洒落在地上的饭菜，沉了脸色。宋明渊这时才开口说道：“别吃，有毒。” 几位夫人纷纷变了脸色，见孩子们还端着碟子，茫然不知所措，吓得赶忙将盛着饭菜的碟子挥开了。牢房内一片狼藉，陆二夫人缓过神来，这才心有余悸的说道：“怎会？这是宁国公打点人送来的，他不可能谋害我们。”宋明渊没说话，而是走到角落里，从洞中揪出了只老鼠，将地上的饭菜喂老鼠吃下。不过几息，那只鲜活的老鼠就中毒身亡了。陆大夫人当下就白了脸，惊得喉咙发紧，说不出话来。 他看向面色冷沉的陆老夫人，好一会儿才颤着声音说道：“娘，必然是有人想要借刀杀人，栽赃嫁祸宁国公府。我爹绝对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陆三夫人将碟子踢开，汗毛都竖了起来。究竟是什么人这般狠毒，非要置我们陆家这些老弱妇孺于死地？陆四夫人跟陆五夫人都没有说话，他们看着地上的饭菜，一个已经吓呆了，一个浑身冒着冷意。第十四章变出大鸡腿。娘知道不是国公爷做的，娘还没糊涂到这种地步，怕甚？ 陆老夫人握住了儿媳发抖的手，安抚道：“这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国公爷又不是个傻的，毒死人还要落下画柄。”陆大夫人能想到的是，陆老夫人自然能想到，背后之人有此举动，想必是冲着宁国公府去的。我们陆家被举家流放，便是想要对付我们，也不会选在这个时候动手。陆大夫人定了定神，思忖片刻，脸上浮现了些许担忧：“娘，你说会不会是狗皇帝？”几位夫人一下就明白了大嫂的未尽之言，毕竟如今只有狗皇帝有最大的嫌疑。 宁国公府跟郑国公府是姻亲关系，素来亲近。狗皇帝因此想要借此除掉宁国公府，也不是没有可能。要不然，他们实在想不出来，还会有谁对他们下此狠手？你的猜测不无道理。下毒毒杀我们，既除掉了陆家，又能把宁国公府拖下水，可谓是一石二鸟。陆老夫人顿了顿，又道：“不过这样做也太明显了。他这般重视自己的名声，判了我们去流放，便是想斩草除根，也只会等到咱们上路之后动手，而不是做这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蠢事。” 毒杀我们在牢里对他并没有好处。众人沉默了。如今这种敌在暗我，在明的处境，实在叫人难安。如果不是狗皇帝，那又会是谁？可惜我们身在牢狱之中，没办法带出消息，让国公爷防患于未然。宋明渊扔掉断了气的老鼠，用桌上的水洗干净手。他的举动惊醒了一众沉浸在低迷情绪里的人。陆大夫人缓和了紧绷的脸色，舒了口气，才发现自己背上出了一层冷汗。方才还好渊渊机敏，要不然咱们一家子怕是难逃今日死劫了。 陆大夫人根本不敢想象，那饭菜要是吃进肚子里去了会如何。无论是陆家还是宁国公府，都是她最为重要的亲人。若是因此遭了黑手，她怕是死都不能瞑目。她有多庆幸，此刻对宋明渊就有多感激。陆二夫人跟陆三夫人、陆四夫人都是有孩子的人，想到自个孩子险些丧了命，心中就后怕不已。是以对阻止了这场毒杀发生的宋明渊，同样心怀感激。多亏了渊渊，可真是吓死我了！要是没有渊渊提醒，这饭菜就让孩子们吃下去了。 这背后之人着实可恨，不过渊渊如何知道饭菜被投了毒？宋明渊不受宋家待见，这事大家都是知道的。可他变毒的本事实在叫人惊讶，众人都朝他看了过来。宋明渊面不改色说道：“幼时学过一些。”嫂嫂真厉害！陆思宁捧着小脸，满目崇拜。他也想成为像嫂嫂这么厉害的人，虽然他不懂其中厉害，但他知道嫂嫂救了他们。这么厉害的人是他嫂嫂，嘿嘿。陆培安也与有容蔫，挺着小胸脯神气道。 不厉害怎么能拥有我们四个夫君呢？我们嫂嫂就是最厉害的。陆培远好奇问道：“我们幼时学的都是扎马步、打拳，嫂嫂幼时也学这些吗？”“不，她学的是打人，把人捆起来给她扎花辫子。我幼时都不学这些，我幼时是个安静斯文的女孩子，现在也是吗？”宋明渊迟疑了一下，看了一眼被丢到一边的老鼠，脸不红心不虚，异常肯定的说道：“是的，没关系的，嫂嫂，你不会打拳扎马步也没关系，以后我们保护你。对啊”“对呀、啊，对呀。” 我们都会扎马步打拳，以后肯定也会像大哥那样厉害的。陆思宁慌了，危机感顿生，一把抱住宋明渊的胳膊：“嫂嫂，虽然宁宁不喜欢打拳扎马步，还常常偷懒，但是我宣你，我也会保护你的。”方才的惊险后，怕在几个仔叽叽喳喳的欢快话语声中消散，紧绷的气氛放松下来。几位夫人忍不住眼唇偷笑。如果流放路上也是这般和乐便好了。饭菜撒了一地，还被投了毒，自然是不能再吃了的。一家人只能挨着，好在只是一晚上，也不是不能忍。 入夜之后，牢房外传来了一丝响动。宋明渊正在引空间里的灵气，缓慢地涤荡经脉，巩固才修炼出来的那一丝丝灵力。他五感灵敏，几乎那人蹑手蹑脚走过来的时候，就已经睁开了眼。牢房内光线昏暗，这一天发生的事情让陆家人身心俱疲，已经靠在一起，互相依偎着睡过去了。周围很是安静，只时不时传出几声老鼠滋滋的叫唤。来的是一个面生的狱卒，他停在了牢门外，鬼鬼祟祟的往里张望了半晌。 见到散落在地上的饭食，又看了一眼没有毒发身亡的陆家人，不声不响离开了。可见是被人派来探查情况的。剧情里，陆家人是全虚全已踏上流放之路的，并没有今天这么一出。若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便是他搬空了将军府，到了皇宫，搅得京城一片混乱。想来是这些环节里面出了差错，才招致背后之人对陆家痛下杀手。宋明渊一时也想不出来谁有这么个动机，干脆不想了。他将留着哈喇子抱着他的腿喊鸡腿的陆思宁拍醒。 嫂嫂，陆思宁迷迷糊糊半睁开眼，又闭了起来，让宁宁先吃一口。嫂嫂有鸡腿。陆思宁噌的一下就睁开了眼睛，手脚并用爬了起来，整个人都清醒了。知道小姑娘指定饿坏了，宋明渊也不含糊，当下从空间里拿了个香喷喷的鸡腿出来，都是早上从御膳房偷来的，里面赶早起来给狗皇宫和后宫妃子们做的熟食，全都被他卷进了空间。看到凭空出现在嫂嫂手,手里的鸡腿，陆思宁小姑娘眼睛都瞪圆了，她才梦到鸡腿嫂嫂。 就给他变了个大鸡腿，很香很香的大鸡腿。吸溜，他伸手接了过来，小小咽了咽口水，看着宋明渊的眼神已经充满了膜拜。嫂嫂，你是怎么做到的？太神奇了吧！嫂嫂莫不是个仙女？很简单的，就这样这样，再那样那样。宋明渊一本正经地糊弄着满脑子问号的小姑娘，忍着笑摸了摸她的头，吃吧，不够还有。说完，又将另外几个睡成小猪似的崽子叫了起来，一人赏了他们一个鸡腿。 陆培安三个娃呆呆的接过，呆呆的看了宋明渊一眼，呆呆的抱着鸡腿啃，活像是在梦里。陆大夫人睡得不安稳，稍有动静就醒了，看着几个娃在吃东西，以为他们捡撒在地上有毒的饭菜吃，吓得心都跳到了嗓子眼。你们在干什么？第十五章，捡了个宝。陆大夫人紧张的叫唤，直接就把浅眠的陆老夫人和另外几位夫人给惊醒了。待看清几个娃手里拿的鸡腿，他们怔愣了一瞬。狱卒送来的饭菜里可没有鸡腿。 陆老夫人怀疑自己老眼昏花了，这大半夜的，他们还被关着，唯一吃的东西都到地上去了，哪来的鸡腿？她这样想，便这样问了：“你们的鸡腿是从哪里来的？”满脸油的小崽子们羞羞羞的看向宋明渊，什么意味不言而喻。陆老夫人一颗心落定下来，眼角漾开慈祥的笑纹。渊渊什么时候藏了鸡腿，我们都没发现。你这孩子，东西藏得可真严实，竟连奶奶的眼睛都瞒了过去。要知道，陆老夫人的眼睛可是出了名的厉。 虽说不如当年在战场上的时候，但一般人想藏东西还真没能逃过他的眼，更别说是在身上揣了这么几个大鸡腿了。这孩子机灵劲儿随他们陆家，真是越看越叫人喜欢。多好的孩子啊！宋家人真是瞎了眼。陆二夫人也夸道：“还是渊渊聪明，早早在身上带了吃的。不过你也别只顾着弟弟妹妹，反倒饿了自己。”渊渊能给几个娃吃的，陆二夫人心中很感动，但她也不是个只顾自己孩子的，在她看来，渊渊也是个需要照顾孩子，是以不免多叮嘱了两句。 二婶，放心吧，我还有很多，怕他们不知道自己有多多。宋明渊从空间拿出了蒸鸡、猪蹄、馒头、糕点、羊汤，一碟接着一碟，精致又丰盛，摆放在牢房中唯一的一张陈旧木桌上，还冒着热气。他竟然凭空拿出了这么多吃食！陆老夫人当场镇住，几位夫人目瞪口呆，就连很少有情绪的陆武夫人都像是石化了一样。陆二夫人失神叨念：“一定是起猛了，对，一定是刚刚起猛了。”陆三夫人神情恍惚。 我倒觉得是还没睡醒，程玉，你快掐我一下，看看这是不是真的。哪怕陆武夫人此刻心中已是惊涛骇浪，但听到这话，还是快速伸手一揪，啊，痛痛痛！痛还是陆老夫人见惯了大风大浪，没有一惊一乍，起先震惊过后，很快就回过神来。见宋明渊一连端出了八九碗，还有往外拿的趋势，他赶忙道：“哎呦，我的乖乖，别再往外拿了，别再往外拿了，奶奶知道你有很多吃的了。”我的傻姑娘，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 什么都敢暴露，陆老夫人着急、提心吊胆的，生怕外面的狱卒过来巡视撞见了这么一幕。她团团转了两圈，做贼一样到牢门边上，举着脑袋探看，牢外寂静无声，走到旁边的壁灯，散发着微弱的光芒。隔壁牢房时不时有鼾声响起，狱卒不见人影，安全的很。见陆老夫人此番模样，宋明渊弯了弯唇：“奶奶，你放心，不会有人看见的。”他拿东西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探查过了周围的情况。牢房外面有几道呼吸，有几个是睡的。 他都清楚，他若是不想，谁都发现不了他有空间，便是暴露了，招来杀身之祸，死的也只会是别人。咱们明天早上要赶路，今天晚上得吃饱睡好，要不然路上人多眼杂，咱们也吃不上什么好东西。陆老夫人这才坐了回来，宋明渊被陆老夫人拉到身边，那一桌子饭菜他也没开口让儿媳们动，只是沉默了半晌，在二个儿媳心怀惴惴的时候，才语重心长道：“渊渊把自己的能力暴露在我们面前，是对我们的信任。他有这样的能力。” 相信在哪一处都能活得很好。我们陆家不是知恩不报的，渊渊放弃留在京城，跟随我们去流放，现在又将生死攸关的本事让我们知晓，想必也是存了照顾我们陆家的心思。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我希望你们不要辜负这份弥足珍贵的帮助和信任。陆家几位夫人都是至情至性之人，要不然也不会随着陆家共存亡了。听得陆老夫人这话，也知道她在担心什么，当即表态道：“娘，你放心吧，这件事情除了咱们这些人。” 绝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几个娃年纪小，不知事情轻重，我们会好好告诫他们的。对，渊渊是我们的恩人，若不是他，只怕我们都被毒杀了。没有渊渊，就没有我们。陆家有恩当记，身为陆家媳妇，绝不会折了陆家的风骨。以后我们就拿渊渊当女儿。宋明渊低头看了一眼陆老夫人覆盖在他手上苍老却温暖的手，沉默了好久。有没有可能大家对他有什么误会？他其实没有他们想的这么好的，的会帮陆家，仅仅只是因为原来的原身对陆家的敬仰和爱戴。 还有为保住谢儿小命与陆培峰做的交易，他暴露空间也只是因为自己无所畏惧。哪怕他欣赏陆家，但如果他们对他抱偿一丝恶意，他也会毫不手软把他们杀了的。但他们好像都把他当成了个纯粹的良善之人。宋明渊皱起了眉头，要不然装一下。众人吃上了热腾腾的饭菜，陆三夫人嘿嘿直笑，乐得都想抱着宋明渊，在他脸上狠狠亲上几口。他们将军府真是捡了个宝啊！谁能想到呢？他们在牢房里。 吃的比在外面还好，吃饱喝足，又有阵法加持，有了盼头的陆家人暂时撇开心头的愁云，踏实的睡了个好觉。翌日一早，牢门锁链被打开的声音唤醒了还在熟睡的众人。狱卒一脚将门踹开，恶声恶气道：“都起来，该上路了，快点的，别磨蹭。”宋明渊看了那狱卒一眼，是昨天晚上半夜偷偷摸摸过来探查情况的那位，估计是看陆家人好好活着，让他很恼火。他收回了目光，等陆老夫人他们走出去，才迈开步子。 陆思宁跟在他身边，寸步不离。陆培安几个由大到小排着队跟在他身后，像条小尾巴似的。陆老夫人跟几位夫人出了牢门，并没有马上走，而是等着后面的娃儿。陆培安是排在最末尾的，虽然才半大点的孩子，但他手脚上也都被戴上了镣铐。许氏不适应脚镣，出门的时候他绊了一下，一个趔趄，重心不稳，朝站在门口边上的狱卒倒了过去。第十六章，她是个妖女。见他倾倒过来，慌张的想稳住身体。开门的狱卒脸上陡生一股歹意。 恶毒的将才六岁的孩子一脚踢飞出去，小小的人儿痛叫一声，倒飞回牢里，直直冲着角落那堆碎裂的瓷碗砸去。啊！听到响动的陆四夫人陡然回头，目眦欲裂，她脑袋一片空白，近乎本能疯了一样朝儿子跑过去。然而有一道身影比他更快，几乎眨眼就进了牢里，没等陆培安摔下去，就将他稳稳给接住了。众人揪紧的心一松，嫂嫂痛屋。陆培安抓着宋明渊的袖子，蜷缩起身体，一张小脸惨白。 他捂着肚子，疼得冷汗直冒，身体都在发抖。望着他的眼里噙满了委屈跟眼泪。陆四夫人甚至都不敢碰他。狱卒见陆培安没砸下去，啐了一口：“瞎了眼的狗崽子，看不见路吗？谁给你的胆子往我面前撞？”宋明渊冷了眼，捏紧了拳头。狱卒仍继续咒骂：“不长眼的东西，怎么就不摔死你呢？摔死了也是活该，不叫你长长记性，还真以为我好脾气？”他笃定了陆家人不敢反抗，所以才敢肆意妄为。 看到陆老夫人一众隐忍怒意的样子，可得意了。曾经的镇国将军府又怎么样？如今还不是被他一个小小的狱卒踩在脚下？四神，你先带小安出去。宋明渊将忍着眼泪的小孩交给陆四夫人，装，他装个屁呀、啊！装！今天要是不弄死这狗东西，他就不叫宋明渊。两步上去，将叫嚣的狱卒一把拽住，空间戒狱铺展开来，隔绝此方世界，封禁，升职。你想要干什么？狱卒没料到他有此动作，顿时挣扎了起来。 却惊恐地发现自己明明说了话，可一点声音都传不出来。月初认知的恐惧一点点侵袭全身，他抖如筛糠，吓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宋明渊按着他的脑袋，狠狠往墙上一撞，立时头破血流，血花迸溅。下辈子头出生道的时候，记得长个眼。犹如死神般冷冰冰的声音响起，被磕破头的狱卒瑟瑟发抖，疯狂求饶，可他的声音就像是消失了一样。妖女，她是个妖女。狱卒完全没了刚才的嚣张气焰。 睁大双眼，恐惧到了极致。宋明渊根本没给他后悔的机会，就结束了他的性命。等他将尸体扔进空间饲养毒物的时候，空间戒于破除，原地干干净净，连一滴血迹都没留下。等在牢外的陆家老少只看到他跟狱卒凭空消失。等他在现身的时候，身边已经没有了狱卒的影子，就像是从没有出过这么一个人一样。如果不是亲眼看见，大家都不敢相信。他们渊渊是神仙吧？众人陷入深深的震撼中，一时竟忘了反应。看到他们眼中的敬畏。 宋明渊以为他们是害怕了，眼中的明亮渐消，淡淡道：“走吧。”陆培峰身披血色球衣，等在外面，看到的就陆家人与宋明渊疏远的样子，他抿了抿苍白的唇，眉头轻轻皱起，只以为是因为替嫁的缘故，陆老夫人跟几位夫人替他不忿，才会这般。怪他昨天早上走得太匆忙，没跟他们解释清楚。他舌尖抵着牙根，强撑着身上伤口撕裂的疼痛走了过去。奶奶、娘、婶婶，看到他这一身的伤，陆大夫人哪里还记得刚刚的事？ 当下便红了眼，分儿，他伸手扶住了他。陆培峰立于风雪之中，衣衫残破，发丝凌乱，俊美的脸上还沾着血污，倒是少了几分冷锐，多了几分战损之美。他看着娘跟婶婶们担忧的眼神，缓缓道：“我没事。”大哥，小崽子们声音哽咽，眼中凝泪，看着他这一身的血，懂事的没哭出声来。疼不疼？陆家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陆家了，他们不敢哭。陆培峰摸了摸他们的脑袋，不疼，你们要坚强一点。 他看向站在几步开外的宋明渊，正在开口说些什么，后边的官差就开始催促了。宋明渊率先走在了前头，陆培峰一顿，知道此刻不是说话的时候，只能压下想要缓和两方紧绷关系的心。城门口已经戒严了，陆家三族流放，三族包括父族、兄族、子族，是以除了本家以外，还有许多族人被牵连。不过他们并未被下狱，而是直接被抄家，通知流放，浩浩荡荡多达一百人，此刻就等在城门口接受盘查。呸！ 还好意思自诩是将门之后，一群卖国贼，真给咱们北魏丢人！畜生啊！就因为你们临阵叛逃，害死了三万兵将，我儿子就再也回不来了。祁城，你们也不怕那些无辜枉死的百姓夜里同你们索命？你们不得好死，不得好死！砸死这些卖国贼，给我北魏阵亡的将士们报仇！沿途的都是些不明就里、群情激愤的百姓，他们没有辨明是非的能力，自然人云亦云。其中亦不乏有始终相信陆家忠骨的人，为陆家声张。 镇国将军府守护我北魏数百年，我不信他们会通敌叛国，这一定是冤枉的。对，一定是冤枉的，冤枉。说的好听，既然是冤枉，那他们为什么不喊冤？还不是心里有鬼。他们就是卖国贼，给我砸死他们！砸！臭鸡蛋、烂菜叶不住的往陆家人身上飞。他们似乎忘了，若非有陆家汉不畏死，几代人前赴后继，威震列国，北魏只怕早就沦陷在战火里了。 有悄悄送行的人不忍看见这一幕，只能背过身去，红着眼抬头看向青天。陆家人悍不畏死护下的百姓，如今却听信愚昧之言，将矛头对准了他们。他们如何不想喊冤？可喊了就能改变被流放的命运吗？陆老夫人眼里噙着泪，任由鸡蛋跟烂菜叶砸过来。百姓蒙昧没有错，错的是愚弄他们的那个人啊！虽然知道这个道理，可面对百姓们激愤的像是看杀父仇人的眼神，陆老夫人苍老的脸上终究还是带上了一股哀莫大于心死的灰败。 陆家几位夫人同样不好受，然而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护紧怀里的孩子。混乱之中，谁都没有发现，臭鸡蛋全往哭天抢地的陆家族人身上去了，只有菜叶子扔在了陆老夫人他们身上。陆培峰听着耳边各种诋毁陆家的言论，手死死握紧成拳，血液沿着崩裂的伤口滴落在地上，溅开一朵朵血花。待看到一个直直冲着陆老夫人脑袋砸过来的臭鸡蛋，愣是在半路拐了个弯，不知为何，悲恨的心情突然消散了几分。就在这时。 一辆马车缓缓驶了过来，停在了城门口。一个臭鸡蛋修的高高，扬起了一道抛物线，啪的一下砸在了掀开车帘正要往外走的车主人脑门上。啊！小姐。第十七章，败他名声。腥臭的蛋液顺着额角滑下，令人作呕的气味沾了满身。宋明烟脸都青了，一双眼睛阴沉的像是要杀人。宋明渊闻声看了过去，乐了。不痛快的时候，果然要学会给自己找点乐子。于是乎。 往陆家人身上扔的臭鸡蛋，以各种刁钻的角度噼里啪啦往宋明烟主仆身上砸。陆培峰见此，默默朝马车那边挪了挪，打掩护的同时，让急火过来的臭鸡蛋扔得更凶猛了。臭鸡蛋来势汹汹，宋明烟左闪右躲，挨了几下，只能狼狈地缩进马车里。恶臭一阵接着一阵，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近乎咆哮的冲春堂喊：“蠢货，还不赶紧去叫人把这群刁民拦住！”守城门的许校尉是宋明烟的表兄。 原本是有意纵容百姓朝陆家扔臭鸡蛋跟烂菜叶的，这会儿看到宋明烟受到殃及，这才匆匆带人赶来制止。他掀开车帘，着急的问：“嫣儿，你没事吧？”宋明烟呕了好几下，一张俏脸都熏白了。你看我像是没事的样子吗？是表哥的错，你别生气，我这就替你去教训这些刁民。他扭头下令，将那几个扔臭鸡蛋扔得最欢快的人抓了起来，又拿出水囊让春堂给宋明烟擦洗。激愤的百姓知道惹了事，也不敢乱砸东西了。 见官兵们走过来，立时扔下了手中的菜篮子，作鸟兽散。只有少部分看热闹的还留在原地。宋明渊以为宋明烟都被砸成这样了，会打消过来找他麻烦的念头，掉头回去。哪曾想他这么执着，只是在马车里稍作休整片刻，便又走了下来。太傅府都被偷光了，他居然还有这个闲情，看来对他不是一般的恨啊！宋明烟站在车上，目光在人堆里巡视一圈，最终落在像是被陆家人排挤冷落在一边的宋明渊身上。他眯了眯眼睛，颇有几分幸灾乐祸。 今天一大清早，那两陪嫁丫鬟就回来同他说了，这小贱人昨天晚上在将军府过了夜，只怕是给陆培风下了药，才用这等见不得光的下作手段留下来的。看看现在陆家人多不待见他。他走下了马车，遥遥望着宋明渊，泫然欲泣的喊了声：“妹妹，你怎么能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你就算再贪慕虚荣，看我不顺眼，也不能私自迷晕了我爬上花轿啊。陆家要迎娶的人是我啊，你这样做是让太傅府蒙羞。” 让咱们宋家遭世人唾骂，太傅府的名声，你是真的一点都不顾了吗？他身体晃了晃，配上那痛心疾首、我见犹怜的神情，当真叫一个可怜。许俊才当下便心疼坏了，表妹，现在陆家都要被流放了，没必要为这种人伤心。她嫁过去去，岂不是正好？他轻蔑的扫了宋明渊和陆家人一眼，比伯道：“一个不念家门荣辱、不孝不悌的贱人，与这等叛国谋逆、不忠不义的反贼，都是蛇鼠一窝，实乃良配。表妹应当有更好的归宿。” 这等背弃忠良的卖国贼，如何能配得上你？周围看热闹的人这才发现，跟随陆家人一起流放的人竟是宋明渊。前天将军府迎娶宋家大小姐宋明烟，可是人尽皆知的事。然而出现在宋家队伍里的却是宋家二小姐宋明渊，这说明了什么？一时间，不少人对着宋明渊指指点点起来。这种人就是德行败坏，连姐姐的亲事也抢，活该被牵连流放。真是不知羞耻！一个姑娘家的，怎么能有脸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嗨！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听说啊，他生母是个外室，是宋夫人心善，这才收养了他。哪里想到他会做出这种恩将仇报的事情？要不是将军府如今被流放，只怕这少将军夫人的名头就被他给强占了去。真是自作孽不可活，日后可有的是苦头让他吃了。宋明烟暗暗勾唇，可面上却是含着泪失望道：“我也没想到陆家会通敌叛国。我虽不喜妹妹抢亲，但对陆家此等行径同样不耻。事已至此，我也不想追究了。希望你们流放路上安好。” 他这份大度，无疑赢得了一片夸赞。都说宋太傅家生了个好女儿，没嫁进陆家是陆家没这福气。宋明烟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坏宋明渊的名声，让他遭受陆家众人的唾弃，要他即使是在流放路上也不得安宁。洞房花烛夜，他靠着给陆培峰下药才留了下来。如今在坐实他抢婚这件事，陆家这样眼里容不得沙子的，能善待他这个花心机手段进府的人？呵呵，宋明渊，今天就是你悲惨生活的开始。 宋明烟似乎已经预见了他在流芳路上受到陆家人的排挤，看向他的目光里隐隐带着挑衅和快意。宋明渊双手抱胸，静静的站着，像是独立于这个世界之外，冷眼看着他们这些跳梁小丑自以为是的作弄。那种置身事外的冷静，让宋明烟心中油然生出一股怒火。比蔑视更让人难受的是，对方根本没把他当成一回事。不过一个卑微弱小的可怜虫，他凭什么？宋明烟心头火烧火燎的，差点没被激得失去理智。他怒视着宋明渊，眼神还没瞪过去。 就被人给挡住了。宋大小姐颠倒黑白的本事，实在叫老身大开眼界。陆老夫人挡在宋明渊面前，几位夫人也走了过去，一如在牢中取暖的时候一样，将宋明渊围在中间，挡去了寒风，也挡去外界恶意的猜忌跟视线。陆培峰慢了一步，看着抢先的奶奶跟娘，还有几位婶婶，他顿在原地。这一愣神的功夫，几个崽也风风火火冲了上去。陆思宁气愤的大喊：“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我们要娶的是嫂嫂，才不是你这个丑八怪！不许说我嫂嫂的坏话！” 陆培安也气得小脸通红，生性腼腆的他这会儿满地找臭鸡蛋，捡到一个破壳的就往宋明烟身上扔：“敢冒充我嫂嫂，我砸死你！”陆培清、陆培远不甘落后，实在找不到东西了，气得把鞋子扔了出去，扯着嗓子喊：“欺负嫂嫂，我们跟你拼了！”陆培峰看着一个比一个激愤的家人，等等，是不是有哪里不对？这哪里是排挤不喜，这分明就是维护到骨子里去了。所以他不在的这一个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第十八章：陆家人的维护。 莫说陆培峰，就连旁观的众人都惊呆了。怎么回事？这宋二小姐不是名不正言不顺吗？怎么陆家人对她如此爱戴？宋明渊也没想到陆家老小会一窝蜂涌,涌上来维护她。他们不是怕他吗？既然知道他能让一个人悄无声息的消失，自然也该知道他不会被这些流言蜚语重伤才是。不过这会儿人多眼杂，还真不好让宋明烟凭空消失。宋明烟根本不知道宋明渊心中危险的想法，她慌忙躲开砸过来的东西，见陆家上下皆对她怒目而视。 一张脸红了青，青了白，十分精彩，活像是被人狠狠扇了几个巴掌似的。怎么可能？他们不应该是厌恶宋明渊的吗？看着陆家人无脑站在宋明渊那边，宋明渊恨恨的咬着牙，指甲都嵌进了肉里。可宋明渊嫁进了陆家是事实，冒充我上花轿的明明是他才对，居然说他冒充宋明渊。宋明渊什么身份也配他冒充？陆老夫人怒极反笑，当真是笑话。我们陆家当初明明主意的是渊渊，你们母女俩欺他在府中孤立无援。 连起手来抢了他的亲事也就罢了，我陆家念着你一个姑娘家，说出来与你名声有碍，便也不追究。谁知道如今倒是让你倒打一耙。陆大夫人一冷眼看着他，可不就是这么个理？分明就是你们怕受到陆家牵连，才把渊渊推了出来。她在宋家无依无靠，府上全由你娘许氏说了算。纵有天大的本事，能逃过你们的眼上花轿？说出来也不怕让人笑话。陆二夫人抹着眼泪哭诉：可怜我们渊渊被抬到将军府的时候，全身上下都是伤。 你们宋家人可真是狠毒啊！当初装的这么大度良善，说什么拿渊渊当女儿看待，背地里却如此恶毒地虐待她，都是当爹娘的人，你们宋家怎么能下得去手？几位夫人，你一句我一句，直将宋明烟堵得哑口无言，整个人都懵了。当初提亲时，陆家看中的人是宋明渊，成亲时宋明渊还全身是伤被抬进将军府，他怎么不知道？宋明烟本能反驳道：“这不可能！当初来提亲的对象明明是我，而且……” 宋明渊嫁过来那天明明好好的，你们不要血口喷人。陆五夫人反唇相讥：“你怎知道她是不是好好的？你们做过的事，当然不会承认。”许是陆五夫人嘲讽的样子太过具有杀伤力，宋明烟脑子一热，脱口而出：“我亲眼看着她上花轿的，我能不知道？”她这声一出，全场都静了。宋明渊嘴角弯了弯，显然有被他不打自招的行为愉悦到。被陆家几位婶婶联合起来设套针对宋明烟，也是头一份了，也难为他傻傻往陷阱里钻。 围观的人被这个反转惊掉下巴，我的天，原来陆家大娘子说的是真的。宋家这事做的也太不地道了吧！我还说这宋家的大小姐是个懂事善良的呢，没曾想心这么黑，抢了妹妹的亲事也就罢了，悔婚居然还要把妹妹推出来给自己挡罪。关键是他做就做了，还将脏水往妹妹身上泼，败坏妹妹的名声，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恶毒了。宋明烟脸白了白，看着方才指责宋明渊不知检点的众人，转头议论起他来，气得面目微微扭曲。我没有抢他的亲事。 陆老夫人冷哼一声，眉眼凛然：“这可不是你说没抢就没抢的。你要是不信的话，大可以回去问问你娘，问她究竟有没有这回事。”看着陆老夫人义正辞严的模样，宋明烟满脑子混乱，连自己都不敢确定起来。如果不是这样，他为什么说的这么肯定？又怎么解释他们把宋明渊当成眼珠子护？可如果真是这样，那岂不是说这亲事原本就是宋明渊的？他堂堂宋家大小姐，竟然比不过一个外世子？宋明烟根本不愿意相信。 他瞪着陆家人，咬牙道：“问就问！”说完，再也无法忍受众人异样的目光，一头扎进马车里，心慌意乱地吩咐车夫回府。许俊才狠狠瞪了陆家老小一眼，也追了上去。等看热闹的人都散开，陆三夫人才忍不住好奇地问：“娘，大嫂，当初提亲的时候，真是渊冤,冤。见他被蒙过去，陆大夫人眼唇：“娘故意说的。宋大小姐这一走，提的是谁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今后所有人都会认为他抢了渊渊的亲事。” 可以说，从一开始，宋明烟就被陆老夫人牵着鼻子走。倒打一耙，他们也会。陆三夫人恍然大悟，拍手称快，还是娘厉害，三两句就把人绕了进去。那丫头想往渊渊身上泼脏水，也该让她自个尝尝有口说不清的滋味。等她反应过来重击的时候，都找不到人对峙了。高，实在是高。陆老夫人望着马车离去的方向，冷哼一声：“这等小伎俩，我还不放在眼里，都是他当年玩剩下的。”宋明渊被保护的严严实实，听着陆老夫人的话。 他已经能想到宋明烟跑到许氏面前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许氏是什么脸色了？估计是恨不能把宋明烟塞进肚子回炉重造吧。他以前面对这种都是拿拳头讲道理，是以在修仙界臭名昭著。那些人打不过他，就只能抹黑他的名声了。原来还有这种兵不血刃就能把人气死的方法呀！学会了，陆培峰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他望了望凑成一堆的人，再看了看孤零零负着伤的自己，莫名觉得他才是被冷落的那个。经过这么一出，宋家声名扫地是必然。 所有人都会知道宋家做的事情，无论是宋太傅言而无信、贪生怕死，还是纵容许氏苛待青女、推他进火坑了，临了还要踩上一脚，这些都会成为京城人茶余饭后的笑谈。就算不敢搬到明面上妄议，也会暗地里戳他们的脊梁骨。最重要的是，宋明烟今日的行为，无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日后便是想找一门好亲事也悬了。没有哪个有脸面的人家会看得上他这样秉性不良的。不过这些都与宋明渊无关。 他视线在送行的人群中搜寻片刻，很快就发现了杏儿的存在。第十九章，踏上流放之路。杏儿夹杂在一众奉命前来送行的丫鬟仆,仆人之中，并不打眼。她穿着一件灰扑扑的厚棉衣，手里搂着一个包袱，瞧着宋明渊看过去，眼睛一亮，小脸红扑扑的朝他招手，看着精气神倒是不错。陆二夫人和陆三夫人娘家都派了人来，大老爷们不方便出面，只能躲在暗处看着，由家中女眷前来道别。陆四夫人娘家。 遣了两个丫鬟来送东西，陆五夫人娘家始终不曾露面。宋明渊看向他，却见他面上淡淡，仿佛对这些事情漠不关心。一张清丽出尘的脸，多少都带着点不食人间烟火气来。陆家几位夫人无疑都是美的，并且美得各有各的特色。陆大夫人周氏是高门大族酝养出来的端庄大气，陆二夫人冯氏是江南水乡式的温柔小意，陆三夫人秦氏倒与陆家契合，身上多了一种世家贵女少有的英气。陆四夫人徐氏则内秀慧中小家碧玉。 她的出身是几位夫人中最低的，是平康伯府的庶女，并不得主母待见。陆五夫人谢氏的身世说起来可就复杂多了，她是中武侯府谢家的嫡女，打小就跟陆五爷定了亲。可偏偏命运弄人，在及笄那年被发现是误认的，一夜之间从尊贵的侯府嫡小姐成了侯府的养女，一个身份尴尬的存在。侯爷和夫人为了弥补对亲女的亏欠，所以刻意疏远了她。本该是与陆府一亲的时候，可因为那真正的侯府小姐同样看上了陆五爷。 这门亲事生生拖了三年之久，还是陆老夫人跟陆五爷立场坚定，那边才不得已松了口，但也因此闹僵了关系。这会儿没人来送行，想必陆五夫人与钟武侯府的关系还没缓和过来。有人来给流放的罪民送东西，官差们自然是乐见其成的。罪犯身上的东西越多，就说明他们此行能捞到的油水就越足，是以难得大发慈悲，给他们腾出来一些时间来跟亲人告别。杏儿将昨天宋明渊给的银子悄悄塞给官差。 又朝宋明渊所在的方向指了指，说了几句什么，就被放行了。跟他一样的还有六个丫鬟婆子，不过比起一脸喜色的杏儿，他们大多如丧考妣。流放之路艰苦非常，这天寒地冻，千里迢迢的，谁愿意跟着去伺候啊？陆二夫人跟陆三夫人娘家也给他们安排了沿途照顾的丫鬟仆妇，不过被他们以前途未卜、不想牵扯无辜人为由拒绝了。陆家族人那边倒是心安理得把人收下。杏儿一跑到小姐身边，便将方才从街边小摊买的肉包子从捂着的包袱里拿出来。 小姐，给奴婢知道你没吃早饭，特地给你带了包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吧。宋明渊接过，没忘了给陆家老小一人发两个。杏儿看得可肉痛了，可以想到刚刚陆家老小出面帮了小姐，也罢，这肉包子也不是不能给。宋明渊提着杏儿的包袱发了一圈，包子不够就从空间掏，冷了就扔进空间换成热的，一通操作下来，包子非但没少，还多了几个。陆老夫人已经见识过了他的本事了，可见着他大庭广众之下拿出新鲜出炉的热包子。 还是免不了担心吊胆。这傻姑娘，他们饿一两顿又出不了什么大事，冻得其实也能凑合吃一下的，咋把他们看得嫩娇贵呢？不过看到宋明渊没甚表情的样子，他也不敢说话。圆圆笑起来甜的要命，板起脸也忒吓人，对他们好也是真好。陆老夫人笑眯了眼，包子散发出来的暖意贴着手心，一路传进心底，方才因百姓寒了的心都暖了起来。轮到陆培风时，念他是个伤患，宋明渊多给了他一个。陆培风黑眸盯着他。 十分真诚且认真地说了句“谢谢”，他面无表情，活该的，谢什么谢？如果陆家人能坏一点，他就可以立马心安理得扔下他们了。看着他记仇又别扭的模样，陆培峰嘴角勾起了一丝浅淡的弧度，这细微的表情没逃过宋明渊的眼，立马挨了他一个瞪眼，笑屁啊！陆培峰收敛了些，凝眉问道：“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自己家人自己清楚。如果不是昨天晚上出了事，他们是不会被仅仅才相处一天的人收服的这么彻底的。” 别人也就算了，但刚刚就连性子冷淡的五婶也亲自下场给宋明烟设套，这属实罕见。要知道，他寻常只对五叔跟奶奶的事情上过心。宋明渊随手拿了个包子出来，将包袱递回去给杏儿。有人在宁国公差人送来的饭菜里面下了毒，想要借刀杀人，毒害我们。陆培峰一双长眸陡然间像是淬了冰，他眸色深沉，剑眉冷峭，森寒杀意倾泻而出，宛如刀锋般破人。不过只一瞬。 这千军万马之中锤炼出来的肃杀气息便被尽数收敛了起来。此刻，那双看向宋明渊的眼睛里多了几分郑重。大恩不言谢，等陆家平安抵达流放之地，我陆雁青供你差遣。不消说，陆培峰就知道昨天晚上是宋明渊救了他们。他这一场交易本来就是占了人家便宜的，为他卖命报恩也并无不可。宋明渊却道：“刘路上你，你听我差遣就得了。到流放地之后就算了吧。”行。陆家这边刚刚吃完包子。 押送流放犯人的官差就开始催促着上路了，给他们一炷香的时间话别亲友，已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宽容。见有人拖拖拉拉，亦不再容忍，直接扬起鞭子抽：“快点！”一行人在官差的驱赶下争先恐后走出了城门，生怕落后一步就要挨鞭子。等他们走出去一段距离，回首望着渐行渐远的城墙，才恍然意识到，他们真的要离开京城，自此以后终生不得入京，终生不得入京。也不知是不是对未来的恐惧迷茫。 有人被压垮，崩溃大哭。叛国的是陆丰几个，为什么要我们一同跟着背锅？都怪你们陆家养出来的好儿子，好好的大将军不当，好好的荣华富贵不想，非得跟西楚扯上关系。你们干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干这种不忠不义的勾当？这是要让全族都给你们陪葬啊！流放之地，那就是个吃人的地方。被打上罪名的烙印，他们的子子孙孙将永无出头之日。什么出将入相，什么加官进爵，全都没了。第二十章，为陆家出头。 陆家被牵连的族人皆对陆老夫人一行人怒目而视，面对他们的指责与埋怨，能对得宋明烟哑口无言的陆老夫人和几位夫人连话都说不出来。外头人往他们心口扎刀也就算了，没想到连自己族人也如此。别人还能说他一句愚昧无知，自己的族人，他能说些什么？他又应该说些什么？陆老夫人抿紧唇角，忽然打从心底生出来一股无力，鬓角一夜间多出的许多白发都带着凉意，连跟他们争辩的心思都没有了。陆大夫人气得眼眶通红。 你们还有没有良心？怎么能说出这种话？面对陆大夫人悲愤，陆家族人没有半点羞愧心虚，反是梗着脖子反驳：“我们难道说错了吗？要不是陆风，我们何至于会落到这样的境地？”陆大夫人怒瞪着说话那人，气得胸口剧烈起伏：“我丈夫陆峰顶天立地，上对得起皇上圣恩，下对得起黎民百姓，问心无愧，没有通敌叛国，没有通敌叛国，七成，怎么会到了西楚手里？没有通敌叛国，他们为什么要跑？为什么不死在战场上？” 你们倒是拿出证据来跟皇上说啊，在这里说有什么用？罪诏都下了，金口玉言，难道皇上还会污蔑你们？人群中，三角吊梢眼、高颧骨、薄嘴唇的中年妇人满脸讥诮，看着陆家人，眼里带着一股子毫不遮掩的恨意。陆夫人气得说不出话，其余人听着这戳人肺管子的话，一股子血气直直往头上冲。就在这时，宋明渊快走两步来到那妇人面前，揪住她的前襟，狠狠一巴掌扇在了他的脸上。 啪的一声脆响，人都静了。谢儿惊呆，小姐这么猛的吗？陆司宁静的小嘴都合不拢了，望着嫂嫂的背影，只觉得此刻的她无比高大。陆大嫂刘氏捂着脸尖叫一声，满目难以置信的看着宋明渊：“你干什么？打你啊？你不是欠打？你不欠打我，我为什么要打你？”他扫视了一圈静若寒蝉的陆家族人，冷笑，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的本事学得不错，谁教你们的？好处尽捡了，养的一个个膘肥体壮的。 怎么，吃太多给你们胖出厚脸皮来了？有本事把吃陆大将军家的饭吐干净，再来说这些话！刘氏愤怒挣扎，伸手想挠他的脸。你是什么人，也敢教训我们？宋明渊反手又是一个耳光甩了过去，力道大的抽了刘氏一个踉跄，险些一头栽到地上。他露出一丝轻蔑的笑意，声音凛凛，我是你爹，敢还手，给你脸了！”两个巴掌不仅将刘氏震慑住，也将一干陆家族人震慑住，一时竟都忘了阻止。 陆思宁乌黑的瞳仁陡然绽放出一阵光亮，原来嫂嫂说给人当爹就是这么当的啊！嫂嫂这是在言传身教给他当示范，宁宁懂了，小姑娘现学现用，嗷的一声冲了上去。嫂嫂，我来帮你了！她小小的身体跟个炮仗似的，陆二夫人一时分神，竟没拉住，眨眼就冲到了宋明渊身边。我是你二爹！陆思宁气势汹汹喊完，凶狠的呲着小白牙，一口咬在了刘氏大腿上。哦，这小贱丫头，竟敢咬他！ 真是无法无天了！刘氏痛得面目狰狞，伸手就往陆思宁身上推。小姐，奴婢也来。杏儿抄起一根木棍，啪的一下，正正打在刘氏伸出来的手上。陆培清几个小的见此，也不管不顾，闷头跟着冲，场面顿时一片混乱。陆二老爷看着挨打的儿媳，颤抖着手指指着宋明渊，一张老脸因怒气涨红，反了天了！云生家的，你也不管管他们，就由着他们这样胡闹？陆老夫人冷瞥了他一眼，淡声道。 孩子小不懂事，你这么大年纪了，难道还要跟小辈计较吗？陆大夫人看着刘氏被打得抱头鼠窜，哀声求救，心中只觉得解气。听到陆老夫人的话，方才收回目光。娘说的对，二叔公您先别气，一大把年纪，要是气出个好歹来怎么办？孩子们，我们自会教育他的。这一路上还请你们多多担待了。瞧着陆二老爷青一阵红一阵的脸色，陆老夫人气顺了。若不是身份在这里，还真想摇旗呐喊两声，冤冤打得好。这些人就应该多打打。 要不是同族，他都想抽这些人两嘴巴子了。什么东西？他们在前头出生入死，这些个窝囊废在后头享福的时候，怎么不说？受了他们硬币这么多年，如今倒是怨恨上了，真是一群养不熟的白眼狼。自打宋明渊冲着刘氏去，陆培峰的目光就落在了他的身上。对陆家族人那些话，他心中唯有冷漠。他早就看清了他们的嘴脸。要说意外，还不如说宋明渊替陆家出头更叫他意外一些。在宋明渊甩刘氏耳光的时候。 陆二夫人就悄悄拿了娘家给的碎银去打点官差了。那些个只知道吃喝享乐的族人，可没有陆家人的默契跟团结。刘氏挨打，身为公爹，陆二老爷抹不开脸去跟几个小辈动手；身为丈夫，陆翔在挨了两拳之后就不敢再往上凑了。身为儿女，看到母亲挨打，他们只知道在旁边哇哇大哭。最大的那个都十一二岁了，还不如五岁的宁宁有胆气。亲近的人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会插手了，完全就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 最多嘴上谴责两句，但是宋明渊是那种被谴责就会住手的人吗？谴责一句，他就敢让刘氏嚎叫的更大声。你个小贱人，敢打我，我跟你拼了！你们陆家就是卖国贼，一窝子卖国贼！哦，别打别打了，快松口！你这小逼崽子，你是属狗的吗？救命！快来人把他们扯开啊！反了天了！你们，我可是你们的长辈，敢这么对我，小心遭雷劈！哦，痛痛痛，我错了，我知道错了，别打了。 求求你们别打了！刘氏被折腾得鼻青脸肿，苦不堪言，头发都炸成了鸡窝。头一次见识到陆家这几个小鬼的难缠，想到还要跟他们同行一路，他就眼前一黑。第二十一章，自请除族。回来，宋明渊一声令下，脚蹬着刘氏脸，手拽着刘氏头发的陆思宁立马就放开了手脚，迈着小短腿屁颠屁颠的跑回他身边。杏儿也将棍子一丢，领着另外三个崽子走了过来。刘氏缓缓松了口气，他正要站起身来。 奈何一动就牵扯到身上的伤，痛的眼泪花子都飙出来了。这群小畜生下手可忒狠了！他狠狠瞪了陆思宁他们几个小的一眼，却直接对上宋明渊似笑非笑的视线，吓得一哆嗦，只觉得身上的伤疼得更厉害了。到底是怕再挨上一顿打，刘氏只能悻悻然收回瞪视出去的目光。陆二老爷走到哪里都是被子孙捧着的。陆老爷子去世后，他接任成了族长，便是陆老夫人也得给他三分面子。他说的话，没有哪个子孙敢不听。 可今日却接连在宋明渊这里吃瘪，只觉身为一族之长的威严受到了挑衅。他仗着身份摆出族长的架子，率先向陆老夫人兴师问罪：“杨氏，云生去得早，将偌大的家业交给你来照看，你就是这么替他教养子孙后代的？先是养出几个罪臣，把祖宗基业毁于一旦，现在又把陆家孙辈教养成如此恶劣野蛮的性子，你对得起你宗父的身份，对得起云生临终对你的嘱托吗？”他手指颤颤巍巍的指着陆老夫人，唾沫星子都喷出来了。 你简直枉为我们陆家的宗父！今日你要是不将这几个肆意妄行的后辈按族规处置，我也只能将他们按除族处理了。我们陆家族人里容不下小小年纪就这般不分尊卑、心肠歹毒的。陆家整个族中辈分最高的，除陆老夫人之外，就属陆二老爷了。要不是陆老夫人被褫夺了诰命夫人的身份，陆二老爷哪里敢蹬鼻子上脸这么对他说话？便是他把陆二老爷除族了，也没人敢说一句。但是现在镇国将军府已经倒了，在陆家族人眼里。 陆老夫人及其子孙就是害他们被举家流放的罪人。既然是罪人，当然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供着。陆二老爷之所以会向陆老夫人发难，而不是向宋明渊这些小辈发难，不过是为了彰显自己在族中无人可以超越的地位跟话语权罢了。但凡陆老夫人今天顺着陆二老爷的话低头，这些人明天就能踩在他们头顶上作威作福。低头是不可能低头的，今日势必要做个了断了。陆老夫人环视一圈，见没一个站出来替他们说话的，终是狠了狠心：不用你除族，我们自请除族。 既然不能荣辱与共，那日后便各走各的阳关道吧。”他冷声说道，“你也别说我教的子孙如何，他们就算再差，也比你那些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废物好一千倍、一万倍。我话就放在这里了，日后陆云里这一脉的兴衰皆与你们无关。是兴，你们别想再沾半点光；是衰，我们也不会巴巴凑过去，在你们嘴里讨食。”陆培峰正以手为笔，以血为墨，在撕下来的球衣上写着字。听到陆老夫人的话，不紧不缓的动作都快了几分。几笔写完最后一个字。 陆培峰将血书往陆老夫人面前一递，仿佛慢一步他就改变了主意似的。奶奶，立约为证。陆老夫人瞪了孙子一眼，他话都说出去了，难道还会收回不成？你的这么快，怕不是早有此念头了。所幸他也算是看清了这群人的真面目，断了便断了。这等只能同富贵不能共患难的东西，要来有什么用？好，立约为证。她咬破手指头，落下自己的名字与丈夫的名字，然后将血书甩给陆二老爷，冷淡道：“签吧，你。” 你们，陆二老爷以为自己搬出除族，陆老夫人就会心有顾忌而妥协，哪里想到他这么硬气？他拿着那封血书，一时间颇有些挂不住脸面。陆二老爷深吸一口气，忍着胸腔中的怒意道：“好好好，这可是你们自己说的，你们日后就是后悔，我陆家也绝不收容你们。一干老弱病残，真以为除了族，他们能活得下去不成？”他等着他们跪下来求他，满是恼怒的陆二老爷左右看了看，见没有笔墨，一把扯来儿子，咬破他的手指。 按着在布上落下自个的名字，一身横肉的陆翔疼得鬼哭狼嚎。宋明渊看了看他手指头破的小口，又看了看满身边伤的，却连眉头都不皱一下的陆培峰，嘴角不禁微微一抽。怎么同一个曾祖，相差的这么远？真是侮辱了陆这个姓。怎么了？察觉到他的目光，陆培峰看了过来。他衣服上破了个窟窿，唯一干净的布料被撕下来立约了，稍一动作便隐隐约约露出紧致分明的腹部肌肉线条。见他不说话，他顺着他的视线一看。 素来冷静自持的人，苍白的脸陡然染上了几分血气。好看，宋明渊直勾勾盯着，也不害羞，一点头，十分诚实。好看，如果能给我摸一下就更好了。陆思宁一不留神就错过了两人的话，赶忙追问：“嫂嫂，什么好看？”“咦，大哥你咋脸这么红？”“嗨嗨，热的。”陆培峰扯了扯衣服，不敢与宋明渊对视，强自镇定，撇开了脸。陆思宁一呆：“啥？热的？这种天气哪里热了？” 都能冻死三个宁宁了，小姑娘看了他一眼，忧心忡忡地拽了宋明渊的袖子：“嫂嫂，我大哥该不会是被打傻了吧？我听说被打到脑袋的人很容易变傻，昨天晚上那些人肯定打他脑袋了，怎么办？他还能治好吗？只要不是魂体受损，他残了我都能治。”宋明渊扔了两瓶伤药过去：“擦擦，别在半路上失血过多晕过去了，否则我把你埋雪堆里。”陆思宁挨着他贴了贴，眨巴了下眼睛：“嫂嫂，宁宁一定会坚持到最后的，没事。” 嫂嫂背你，宋明渊轻轻摸了摸她的头，嘴角带笑，随即就将小姑娘拎起来放在了背上。陆培风，他就是个多余的。没过多久，一行人就开始继续赶路了。与之前不同，自请除族后，两队人泾渭分明，一前一后，呈现出了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势。陆二老爷故意领着大部队远远走在了最前面，刘陆家人垫在了最后面。走得远了，刘氏才敢宣泄心中的不快，咒骂道：“什么东西，个死老太婆！” 居然纵容那几个小兔崽子打老娘，还包庇那几个小畜生不自量力，自请除足，等着瞧吧！看那灾星克不死你们。第二十二章许氏的算计。娘，什么是灾星？谁是灾星？刘氏看着陆家一行人冷笑连连。灾星就是专门给别人带来灾厄的，那小贱人就是个灾星。他一进陆家的门，我们就跟着倒霉。刘氏的儿子陆培昌顺着他的视线看去，见是刚刚扇了娘两个巴掌的恶女，想到自己从今往后没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奢靡生活。 不由憎恨道：“原来我们倒霉是他给害的，娘，我要杀这贱人，他死了咱们就不用受苦了。”刘氏哪敢让自己的宝贝儿,儿子去触霉头啊？那贱人连他都敢打，万一发起疯来把他儿子也打了怎么办？刘氏可不敢赌，那小娘皮凶得很，一看就不像是个会对小孩子手下留情的。他眼疾手快，一把将想要冲出去找宋明渊算账的陆培昌拽了回来。杀什么杀？人贱自有天收，看着他们倒霉就行了。没有咱们的照应，他们好不了多久的。 老的老，小的小，弱的弱，说不定碰到一场小灾小病都能要了他们的命。刘氏不无恶意的想着，他收回目光，见落后了队伍十几步，连忙扯着儿子跟了上去。与此同时，另一边，宋明烟的马车也回到了太傅府。陆老夫人的话，他无法不去在意，所以一下马车，宋明烟就直奔去了许氏的院子。娘，陆家之前来咱们家提亲，是向宋明渊提的，你怎么从来都没跟我说过？跨过门槛，还没看到许氏，宋明烟的话就喊了出来。 他急冲冲闯进屋的时候，许氏正在差人从名下的店铺抽掉银钱。打从前天晚上府里被偷到一空，全部值钱的东西一夜消失。这两日府上的吃喝全靠许氏手里头那几个铺子撑着。然而铺子的营收到底微薄，他们的生活质量相比之前简直是一落千丈。两日过去，连房间的家具都没置办齐全。宋潘山气得大病一场，至今仍卧病在床。这两日许氏可谓是忙得焦头烂额，心力交瘁。看到女儿方寸大乱的模样， 他揉了揉胀痛的额头，呵斥道：“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你日后可是要嫁给王公贵胄的人，遇事应当临危不乱，怎能这般没有仪态的莽撞咋呼？”许氏满脸皮色，黑眼圈重的连脂粉都遮不住。接连两日的忙碌让他脑袋滞缓，根本就没反应过来女儿刚刚说了什么。宋明烟执着的追问：“娘，你先告诉我，陆家之前过府提亲的对象究竟是谁？是不是宋明渊？倘若真是宋明渊，那他岂不是个笑话？以后京城里的世家小姐……” 会怎么看他？宋明烟脑子已经乱成了一团，甚至控制不住去想，会不会是宋明渊跟他那个贱人娘还没被接回府之前，有幸结识了陆家才得来的机缘？他眼也不错的盯着许氏，紧张的等着一个答案。谁告诉你是他的？许氏冷哼一声，凭他那低贱的出身也配？一提到宋明渊，许氏就没了好脸色。见女儿脸色异样，他安慰道：“你放心吧，有为娘在，他这辈子都不可能越过了你去。你外祖母与陆老夫人自幼相识。” 曾多次帮助过陆老夫人，这门亲事是我特意求了你外祖母给你争取来的，与宋明渊半点关系都没有。你问这个做什么？我宋明烟一瞬间将所有事情联系起来，顿时脸色煞白，慌得六神无主。陆老夫人说，陆家是过来向宋明渊提亲的，他说我抢了宋明渊的亲事。什么？许氏拍案而起，怒上眉梢，真是岂有此理！他当真如此说？宋明烟不敢有一丝隐瞒，一五一十将刚刚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他白着一张脸哭诉道。 娘，宋明渊不知使了什么手段，让陆家老少都维护他，他们几个合起伙来设计我。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是我亲眼看着他上花轿的了，这可怎么办？那死老太婆故意的，她故意说出这些话激女儿回来问你。现在外面不知道把女儿议论成什么样了，这些话要是传开，女儿哪里还有脸出去见人？一想到外面全是对她的流言蜚语，宋明烟就恐慌。她要的是宋明渊身败名裂，而不是她自己身败名裂啊！宋明烟又恨又怕，她像是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许氏的衣袖。 慌张不安的啜泣道：“娘，你一定要替女儿想想办法。”许氏深吸了好几口气，才忍住没一巴掌甩到宋明烟脸上。她怎么就生了这么个蠢货？别人当着她的面挖坑，她都能闭着眼睛一脚踩下去。人家让她回来问，她，就真的回来问。他是没有脑子吗？心中在如何恨铁不成钢，到底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也没法看着不管。而且比起恼恨女儿不争气，许氏更恨给他们下套的陆家。他耐着性子道：“别哭了，再哭下去眼睛都哭肿了。” 事已至此，再后悔也无用。你这段时间得先待在府里，不要出去，更不要对这件事做出回应。等这阵劲头过去了，自然就不会有人再提了。娘，难道就这么算了吗？宋明烟不甘心，向来只有他见彩设计别人的份，还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这要他如何咽得下这口气？宋明烟已经是彻彻底底记恨上宋明渊跟陆家了，甚至已经开始在想买凶杀人的可行性。如果宋明渊跟陆家人能死在流放路上就好了。许氏冷哼一声，微微眯起了眼睛。 当然不能就这么算了。陆家人敢替那小贱人出头，就是在跟我们作对。他们指不定是因为记恨我们没把你嫁过去，害得他们颜面尽失，所以才想了这么个损招，败坏你的名声。既然他们敢做，就要有承担后果的准备。许氏从来都不是个好相与的人，要不然当年也不会把宋潘山的原配生生折腾成外室，还让他郁郁而终了。知道娘不打算放过宋明渊跟陆家，宋明烟心中一喜，有娘亲自下场帮他对付宋明渊跟陆家，他们完了。娘，你打算怎么做？ 第二十三章，风雨亭。宋明渊根本不知道自己被许氏母女俩给盯上，正琢磨着要他跟陆家付出代价呢。不过就算知道了，他也不会放在心上。一切阴谋诡计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都是纸老虎，对方敢来，他就敢让他们有来无回。一行人走的是官道，积雪覆盖的路面并不好走。放眼望去，白茫茫一片，地上还结了冰，一不小心踩上去就能让人狠狠滑个跟头。陆二老爷带领的队伍走在前面，他们一个个都是养尊处优的。 没吃过什么苦，才走了半个时辰不到，就冻得唇子脸青，脚上像绑了秤砣一样，行动迟缓龟速。刘氏一连摔了好几个屁股墩，他揉着摔痛的屁股，好一阵龇牙咧嘴。瞧见后面安然无恙的陆家老少，反应过来什么似的，猛一拍大腿：“他们是不是傻啊？竟然走在前面，专门给人探路，害自个摔得人仰马翻，七荤八素。看看人家走在后面，屁事没有，就该让他们走前面啊！”刘氏也不揉屁股了，立马朝陆二老爷怂恿道：“爹。” 咱们走慢点，让他们先走。前面路滑，他们给我们开道正好。等他们摔了，我们再走过去。被仆妇背着的陆培昌一听就兴奋了：“娘说的对，让他们先走。他们害我们吃这种苦，就该让他们在前面探路。最好摔死他们这些祸害跟灾星。”陆二老爷本意是想着看陆家走在后面挨官差的鞭子抽的，可这都走一路了，也没见他们挨上几鞭子，反而是他们这些走在前面的摔得要死要活。陆二老爷心里头哪里能好受？此刻听到刘氏的话。 当然也想看陆老夫人一行倒霉，于是赶紧招手让人停下来。背着陆思宁的宋明渊将刘氏母子的话一一听进耳里，他嘴角缓缓扬起一抹笑，想让他们摔事吧？那好啊，嫂嫂，宁宁休息好了，放宁宁下来走一走吧。要是累到嫂嫂，宁宁可是会心疼的。陆思宁见嫂嫂停顿，以为是自己太胖她，她背不动了，立马蹬着腿儿下地。行，嫂嫂拉着你，将小姑娘放了下来。宋明渊拉着他冰凉的小手，灵力运转，替她抵挡下了一部分寒冷。 路过刘氏母子身边时，留给他们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刘氏遭过他的毒手，脸还肿着呢。宋明渊一靠近，他就像避瘟神一样，下意识连连退了好几步，可见已经被那两大耳瓜子打出了心理阴影。等宋明渊走过去，刘氏才敢拿愤愤不平的目光瞪他。宋明渊每一步都踏得极稳，他们这一行人每走出一步，脚底下的结冰的区域就会悄无声息的消失掉，等他们走过去，又会恢复成原状。这些举动，宋明渊都做得十分隐蔽。 好在他对空间的运用已经炉火纯青了，做起来倒也不难。陆老夫人和几位夫人腿脚都冻得快要失去知觉了，根本察觉不到这细微的不同。反倒是陆培峰迈出去的脚步停顿了一下，很快又恢复如常了，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都停在这里干什么呢？还走不走了？打抽是不是？看到陆二老爷一行人停住，官差凶神恶煞的将鞭子啪的一下甩在雪地上，踩着黑色官靴走了过来，让你们休息了吗？还不赶紧走？晌午之前赶不到风雨亭。 你们就别吃东西了。官差将鞭子攥在手里，没往人身上抽，只等着这些人自个识相一点，掏银子让他们行方便。奈何陆家族人无不是被人奉承惯了，哪里有这种意识？见着官差挥着鞭子过来，吓得一瑟缩，也不敢停留了。你推我挤，连忙往前移动。要知道，刚刚陆家人落在后头，陆二夫人可是时不时打点着的。都说吃人嘴短，拿人手软，官差们拿到了钱，态度自然不会太恶劣。 如今见陆二老爷他们一点眼力见都没有，官差心里哪能愉快？于是不再客气，一鞭子抽了过去。快点，都给我跑起来！磨磨蹭蹭的像什么样子？还想不想休息了？凡是落后的动作慢的，就没有不挨上一两鞭的。那鞭子挥得飒飒作响，直抽的他们连滚带爬，手脚并用往前冲。刘氏看到官差前后截然不同的两副面孔，整个人都惊呆了。这些官差莫不是看脸下菜碟的？怎么那小贱人在后面走的时候，他们不动手？ 轮到他们就催魂似的催，仅仅只是慢了一拍，刘氏就挨了一鞭子，他哀嚎一声，见官差又扬起了鞭子，吓得不敢多做停留，一头扎进了人堆里。众人脚上都戴了脚镣，有的在赶路的过程中脚腕都磨出了水泡，一双腿更是酸痛无力，就跟不是自己的一样。因为锁链的限制，他们跑得一点都不快。然而面对官差的鞭子，他们又不得不跑，一时间苦不堪言。陆二老爷根本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眼看着官差挥舞着鞭子离自己越来越近。 他白了脸，慌张道：“快跑到最前面去！”他不出声还好，他一出声，所有人都跟着往前冲。人群一乱，哪里还顾得上刘毅脚下的地？有人踩到冰上滑倒，瞬间铲了一大片，接二连三的人跟着栽了跟头，哎呦哎呦的痛叫声不绝于耳。宋明渊回头看了一眼，正好看到刘氏踩中滑冰，阿亚叫着挥舞着手臂，一头扎进了路边的雪堆里。嘿，hey, 真惨啊！就这一点道行也敢算计他们？陆老夫人也回头看了两眼。 不过跟几位夫人一样，俱都是冷眼旁观。这会儿他十分庆幸自己的果断，早早跟他们断了关系，要不然跟这些人为伍，他说出去都觉得丢人。队伍又走了一个时辰，才到风雨亭。风雨亭是京外二十里路，通往胶州三岔路口的一座凉亭。据传当年逼退戎狄，打得他们元气大伤、节节败退的武威将军班师回朝时，途经此地。当时他在擒获戎狄王首级时，不幸中箭，撑到这里已是强弩之末，都来不及回去见亲人最后一面。 就刻然长逝。元康帝为了纪念他，特地让人在此建了座风雨亭，立上一块石碑，亲手写下“忠魂永驻”这四个字，令工匠刻上去。这碑文记录了武威将军的生平。如今因风雨亭年久失修，石碑已经完全沉没在白雪之下了。此刻，风雨亭里站满了人，有老有少，更有缺了胳膊、满脸刀疤的男人。第二十四章长亭送别。凉亭外面已经升起了火堆，架起了热锅，几位穿着朴素、包着头巾的妇人正忙前忙后熬煮着食物。 流放队伍还没走近呢，就闻到了食物飘出来的香气。他们赶了半天路，现在又饥又冷又累，只想坐下来好好吃点热乎的。看到那几口支起来的锅，刘氏等人就像是饿狗看到肉骨头一样激动。还没等官差发话，就闻着味儿一窝蜂涌,涌了上去。娘，我饿、呃，我想吃东西。陆培昌迫不及待从仆妇背上跳了下来。如果不是被伺候惯了，看到食物的那一刻，他就已经扑了上去抢了，而不是像少爷一样等着人送到面前。怎么是粥啊？ 粥能顶饱吗？咱们赶了那么久的路，就不能煮点好的？这几锅粥哪里够咱们这么多人分啊？这也太少了吧！这里面放的是什么？才这么几片肉，连我以前喂狗的都不如，这让人怎么吃？陆家族人以前无不是锦衣玉食，吃喝样样都精细讲究，这种粗糙的东西根本就入不了眼。煮粥的那几位妇人被推搡开，尴尬的手足无措站在旁边。他们没想到，一心熬煮的热粥，居然会被嫌弃成这个样子。陆二老爷看到那几锅青菜叶子。 跟肉一起乱炖，卖相并不怎么好看的粥，也是直皱眉头。难怪都说流放路上条件不好，果然就不应该抱有什么侥幸。这给他们吃的是猪食吧？虽然不满，但是眼下这些已经是他们唯一能吃的食物了，不吃根本就支撑不了他们下午不间歇的赶路。只不过确实是少了点。陆二老爷当即扭头朝还没走近的陆老夫人道：“杨氏，这几锅粥我们先到先吃，你们没有意见吧？既然已经除了足，这些吃的我们就不分出去了，你们自行解决吧。这不是商量。” 这是通知，似乎料定了这边人多势众，他们不敢与之相争一样。陆老夫人险些都要被陆二老爷的无耻气笑了。他以前怎么不知道这些人能不要脸到这种地步？嫂嫂，他们是不是仗着人多欺负我们人少，居然不给他们饭吃？陆思宁小姑娘很生气。宋明渊问：“如果是的话，你会怎么做？”陆思宁气鼓鼓，小奶音凶狠道：“道那宁宁就往锅里扔几把沙子，不让我们吃，大家就都别想吃。”不错，没让他失望。宋明渊笑了起来。 两人的对话一点都没有要避开陆二老爷的意思。听到如此明目张胆的话，陆二老爷气得不轻。你敢！小小年纪就如此歹毒，简直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若非看在你们自请除族的份上，我非拿族规教训你不可。你若敢行事这般猖狂，别怪我没念着曾经是同族的情分给你们好看。有嫂嫂在身边，陆思宁就有十个胆子，根本不怕他。他扮了个鬼脸，略略略几声，笑嘻,嘻嘻道：“嫂嫂，你看，他急了，他急了，你。” 陆二老爷气得够呛，双手都在轻轻抖动，浑黄的老眼更是着陆思宁，怒容满面，可不就是急了吗？宋明渊冷笑，虽然他并不在乎这么点吃的，但不代表别人就能不经允许强占过去。宁宁说的对，不让我们吃，那就一个都别想吃。道理是跟讲道理的人讲的，面对不讲道理的人，当然得比他们更不讲道理。两方剑拔弩张，谁也不肯让步。就在这时，煮粥的那几位妇人走了过来，为首卫那位圆脸妇人。 看向陆二老爷的眼神带着几分不善。这位老爷，我想你是误会了什么。这些粥是我们专门给老太君准备的，不是给你们准备的。他们是附近村子的村民，一听到消息便以最快的速度赶过来了，用仅剩不多的时间做这些力所能及之事，为的就是在陆老夫人一行人路过的时候能喝上一口他们熬煮的热粥。听到陆二老爷想强占的话，也是气愤的不行，而且他们居然敢将老太君除足。一时间，等在风雨亭的人都对陆二老爷怒目而视。 陆二老爷难以置信：“你说什么？这不是给我们准备的粥？那些个官差不是说到了风雨亭就能休息吃东西吗？如果这些粥不是他们的食物，那他们吃的东西在哪里？”这时，亭子里的官差扔了一桶冷硬的黑窝窝头出来：“你们吃的在这里拿吧，一人两个。要是被发现多拿，你们就等着挨鞭子吧。”看到被他们随意丢在雪地里散落出来的像屎一样的玩意，陆二老爷傻眼了。他颤巍巍地指着黑窝窝头，瞪着眼睛。 苍老的脸颊隐隐抽搐，你们，你们就让我们吃这个？陆家族人全都傻了，他们以为吃的是那锅令人毫无食欲的粥，结果却告诉他们吃的是眼前这连粥都不如的黑疙瘩。这确定是人能吃的东西吗？官差可不惯着他们，爱吃不吃，不吃拉倒。真以为自己还是高高在上的大老爷啊？有的给他们吃都不错了。官差回首看向亭里的村民，缓和了脸色：“姚大娘，你们有什么东西就赶紧送吧，送完快点离开，这里不能多留。” 姚大娘知道邓良能让他们在这里等，已经是看在同村交情的面子上破例了，也不叫他为难，赶紧提了自己准备的一篮子鸡蛋，招呼了大家拿了东西，走出亭子，来到陆老夫人面前。老太君，看着曾经瞻仰的人，如今沦落到这种境地，大家心里都很不是滋味。富人们更是未雨便先红了眼睛。老太君，陆家护我们这些卑贱之人得以安稳偷生，如今陆家落难，我们却不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这是小妇存下来的鸡蛋，家里面也就这些还算值钱。 老太君莫要嫌弃，拿在路吃吧。百姓没有忘记你们。年逾古稀的老太太携着自己的三岁的孙儿，身后是拿着东西的儿子儿媳。老太君，这是村民们自个新买来留着过冬的棉衣，听到你们会从这里路过，便匆匆翻出来让我带过来了。这一路山遥路远，天寒地冻，您穿着可别冻着了。我们都盼着您带着小将军们回来，你们一定要平平安安的，一定要平平安安去，平平安安回来。大家都等着呢，都等着呢，你一定要记得回来啊！老人家眼中含着泪。 说着说着，声音就哽咽了。面对陆家被诬告通敌叛国，陆老夫人不曾落泪，被千夫所指，背负叛国贼的骂名，陆老夫人仍然坚强，哪怕是族人被刺，她也咬牙挺下来了。可这会儿看着一张张淳朴的面容，她却泪如雨下，止都止不住。几位夫人也都哽咽难言，喉咙发堵。他们陆家现在还能拿什么承诺他们的百姓啊？第二十五章，穿上厚衣服。陆老夫人擦了擦泪，轻轻推开二媳搀扶的手。 郑重的朝村民躬身一拜。陆家有家规，不得取用百姓一衣一物，但是我们现在确实需要这些东西。老身代陆家上下拜谢各位。陆老夫人不是个愚昧不知变通的人，她可以受苦受累，但不能让孩子们也跟着受苦受累。规矩是死的，没有什么比活下去更重要。他这一拜，身后陆家所有人都跟着拜了下去，就连陆思宁也不例外。这样双向奔赴的守护确实值得尊敬。宋明渊也跟着一拜，送行的村民立马跪了下来。 齐齐举手挡住了他们往下拜的动作。老太君，使不得啊！您这是折杀我们了。我们今日所做不足昔日陆家之万一。陆家护百姓安危，身为百姓，我们却护不住陆家。您这一拜，我们受之有愧啊！他们只是略尽绵薄之力，而且也都知道，如果不是万不得已，陆家是不会要他们的东西的。可越是这样，反而越是叫人心酸。陆老夫人一一将人扶了起来，眼含热泪：“老身不敢承诺你们什么，不过有生之年，倘若还有机会……” 我们陆家子孙仍旧会不遗余力为百姓谋福祉，为百姓逐强敌。虽然他也曾怀疑过，也曾动摇过，但没有哪一刻是如此坚定陆家一直以来的信念。陆家不悔，老太君一路安顺，夫人和诸位小将军们保重。村民们擦拭着眼泪拜别，尽管再不忍，也只能转身离开。坐在亭里休息的邓良起身叫住了姚大娘，从身上翻找了一会儿，拿出了一袋银子。大娘，我这一趟来去最快也要大半年时间，这是银子。 你拿回去交给我娘，孩儿不能再跟前尽孝，他腿脚不便，就劳乡亲们多多照顾了。姚大娘接过，温声道：“好孩子，你不提我们也会的，放心去吧。”她凑近了些，瞥了陆家族人一眼，压低了声音：“你娘说让你多多照顾一下老太君一家，但也别做的太明显，毕竟你也不容易，只别让他们给人欺负了就行。你看吧，特别是陆家那些个白眼狼，你没事的时候多抽抽，有事的时候也忙里偷空多抽抽，不用给他们面子。”说完。 姚大娘又给邓良塞了些东西，这是你娘差我给你拿的，都是些菜干、腊肉，你拿着路上吃。大娘就先回去了呀。临走前，姚大娘还不忘朝陆二老爷那边瞪上一眼，才跟着村民们离开风雨亭。陆家族人看着村民送给陆老夫人的一大堆东西，十分眼热，刘氏更是恨不能上手去抢了。那可都是棉衣啊，还有腊肉跟鸡蛋，全都是他们现在急需的东西。可现在这些东西全都是陆老夫人他们的，连锅里的热粥都是。陆二老爷心中煎熬不已。 甚至都隐隐后悔太早让陆家人除族了。如果没有除族，现在他们还能分上一杯羹。他张了张口，杨氏，陆老夫人连看都没看他一眼，而是朝宋明渊道：“渊渊，你们快都过来把棉衣裹上，待会奶奶给你们煮几个鸡蛋，拿着路上吃。”他从一堆棉衣中挑了合适的。村民都很用心，连孩子们的棉衣都准备了，颜色并不鲜艳，都是深色的，耐脏又厚实。摸着一个个冻得冰凉的小手，陆老夫人也是心疼。这天寒地冻的。 他这把老骨头都支撑不住，可孩子们愣是没喊过一句苦一句累，懂事的让人心里不落忍。好在日子虽然苦，可一家齐心协力，千难万难也总能克服的。陆老夫人将棉衣给孩子们套上。宋明渊想，他根本不需要穿棉衣。纸画还没出口，便被陆大夫人都头罩了一件下来。渊渊，娘也给你穿，别冷着了。小姐，冬帽。有一种冷，叫大家都觉得你冷。到最后，宋明渊连围脖都给系上了，裹得严严实实，再凑火堆边上一口。 即便是不用灵力抵御，也不觉得冷。一家人全都齐整地穿上了大袄子，只有陆家族人在冷风中瑟瑟发抖。眼见着还剩下两件多出来的，陆二老爷忍不住又喊了一声：“杨氏，那两件衣服既然你们不穿，穿咋都不穿？”陆老夫人冷笑一声：“我留着晚上给孩子们当被子盖，再不济还能烧了取暖。你一大把年纪了，不会连孩子们御寒的衣服都要抢吧？”“想要？想屁吃！我们到底都姓陆，打断骨头还连着筋。” 陆老夫人冷哼：“你把手伸出来，我看看打断了还能不能连着筋。要是真连着筋，这两件衣服我就白送给你们穿。”陆老夫人懒得再搭理他们。被刺的时候怎么不说打断骨头连着筋？有好处占了就是一家人了，真当他们好欺负似的。她转身去张罗起了孩子们的口粮，几锅粥他们十三个人肯定是吃不完的。陆老夫人拿了旁边村民们早早准备好的竹筒，盛了粥让孩子们给凉亭里休息的官差送过去。看到陆老夫人宁肯把粥给官差。 也不给他们这些同族。陆二老爷脸色铁青，愤然拂袖离开。娘，我饿，我要喝粥，我要喝粥。看到自己讨厌的人全都有粥，和自己没有，陆培昌闹腾起来。刘氏一个头两个大，哎呦我的小祖宗，他们不给咱们吃，娘去哪里给你弄粥？哇我、哦、我不管，我就要喝粥，我就要喝粥。陆培昌一屁股坐在地上，撒起泼来，哭嚎声如同魔咒。平整的雪地被他蹬腿铲秃了一块，全身都在使劲。 可就是没有一滴眼泪。看见裸露出来的沙子和石头，陆培昌哭声一停，忽的恶从心头起，抓起一把就朝熬粥的铁锅跑了过去。刘氏离他最近，本来可以抓住他的，可就是没动手。知子莫若母，陆培昌拿沙子的时候，刘氏就知道他想干什么了，根本没想过要阻止。看着他跑过去，甚至暗暗希望他能把沙子撒进锅里。这可是他们自己教的，他们吃不上，谁也别想吃。第二十六章，棍子拿早了。 刘氏已经想好了，他们要是敢对他儿子动手，他正好有理由讹他们，让他们将得到的东西让出来。他才不想吃那些像屎坨坨一样的东西。宋明渊坐在火堆边的木头上，陆培昌一有动作，他就注意到他了，当然没漏过了他手里拿的沙子。好不容易坐下来喝两口粥，还要过来打扰，这不找抽的吗？他转身找了根木棍拿在手里，冲还在往这边跑的陆培昌咧嘴笑了笑，眼里都是跃跃欲试。这一棍子下去，这小兔崽子应该哭得很大声吧？ 哪知原本牛犊子一样，忙忙往这边冲的陆培昌，看见他拿起木棍，中途一个急刹，满脸惊恐的撒腿就往回跑，吓得半道连手里的沙子都扔了。宋明渊嘴角的笑容渐渐消失，坏事了，棍子拿走了，扫兴。他撇了撇嘴，将手里的木棍一扔，看向缩在刘氏身后的陆培昌，被兜帽裹着的嫩白脸蛋略略带了几分遗憾。他不看还好，一看陆培昌，吓得又往刘氏身后缩了几分，生动诠释了什么叫做胆小如鼠。 刘氏都看呆了，他儿子什么时候这么乖过？不是，他平时不都恶霸一样的吗？怎么到关键的时候就这么不顶用？难道他是个窝里横？恶人的计划最终还是在儿子掉链子的速度上夭折了。刘氏也不敢亲自上去找不痛快，可他实在挨不住饿、呃。经过好一番挣扎之后，最终捡起了地上的黑窝窝头，尝试着咬了一口，差点没把牙齿给崩掉。哦，黑窝窝头清苦的味道算不上好吃，刘氏尝到位就给扔掉了。 对于他们这些吃惯山珍海味的金贵人来说，这种东西实在难以下咽。反观宋明渊这边，已经喝上了热乎乎的肉粥。陆老夫人跟陆培峰都是行军打仗过的，艰难时连树皮都吃过。这充满农家烟火气的米粥，对于他们现在的处境来说，已经算得上人间美味了。夫人们虽然没吃过最受过苦，但也不挑。这周娘跟小峰都吃的，他们如何吃不得？况且还是村民一心为他们煮的。 也不知道在这天寒地冻的室外忙活了多久才熬出来的这几锅粥，光是这一份心意就已经是至美了，更别说这粥还很香。陆家人跟二十多个官差分食了满满三锅粥，不多不少，刚刚好。娘，我去把锅刷了。小峰，你看着点火。娘，我去帮大嫂。我和程玉再捡些柴火。喝完粥，几位夫人勤快的行动起来，他们清楚的知道自己已经不是仆妇成群的贵门夫人了，从今以后一切都得靠自己的双手，就算没做过这种粗活。 也要尽早适应。好，莫要跑远了，注意安全。陆老夫人喝出一口冷雾，笑着叮嘱。她正要到边上拿鸡蛋，等儿媳刷完锅回来煮了，给孩子们拿在路上吃。然而才撑着站起来，膝盖就传来一阵阵钝痛，针扎似的。陆老夫人按住膝盖，揉了揉，面上却并未流露出一丝异样，直到坐的久了，腿都麻了。像是知道她要干什么，宋明远猛地站了起来，将手里的烧火棍一扔：“奶奶，我去拿。”说着。 他就跑去了凉亭边上放置物资的地方。哎，慢点，雪地滑，别摔着喽！陆老夫人一叠声唤着，眉开眼笑。多好的孩子，都知道心疼奶奶了。宋家那黑了心肝的，定是他们没有福气。除了棉衣，村民送的最多的就是腊肉、鸡蛋和菜干，还有半袋大米。拿的都是家里最好的。鸡蛋没有数，满满的一篮子。宋明渊用衣服兜了十三个，正好一人一个。拿走了十三个，他又从空间里放回去七个。有了村民们送来的这些东西。 从空间里拿东西的时候可就方便多了，以后做东西吃也不会引人怀疑。将鸡蛋拿回去没多久，几位夫人也回来了。他们拿雪刷了锅，捧了几捧雪回来煮水，一个个手冻得通红。陆培风沉默不语，只默默给伤口涂着药。赶路时裸露在外面的伤口都冻住了，这会儿坐在火堆边一暖和，就又开始渗出了血。他只有快点养好伤，才能帮得上忙。陆大夫人烤暖和了手，就过去帮他上药。那一身的伤，看得他眼泪都差点掉出来了。 其他几位夫人也是不忍，不过一切伤春悲秋在流放路上都显得十分多余，所有的一切在活下去面前都微不足道。如今他们一家尚还能在一起，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两瓶药根本不够，陆培峰身上的边伤实在太多。宋明渊偷偷将陆大夫人手里的空药瓶塞进空间，给换上了两瓶新的。陆大夫人也不声张，只跟宋明渊对视一眼，一切尽在不言中。看着他们在自己眼皮子地下完成交易的陆培峰，他跟他娘已经熟到这个地步了吗？ 竟然连自己最大的底牌都暴露出来，就这么信任他们陆家？察觉到儿子看向宋明渊的复杂目光，陆大夫人只当他不知道渊渊的神通。他注视着儿子：“刚刚你都看到了什么？”死亡凝视。陆培峰默默移开了视线：“我什么都没看到。”识时务者为俊杰。陆大夫人满意地点点头，又担心他会误解，补充了一句：“渊渊是天上的神仙，不是什么有的没的，你不要误会了。”陆培峰，宋明渊，这误会好像有点大。 在修仙界，别人都叫她妖女的。陆家这些夫人真是难得的好人，看来早上是她误会他们了。看到她凭空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没，还能把她当成神仙，可见都是心地善良的。然而就是这么好的人，却要吃尽流放的苦。狗皇帝真是太坏了！官差只给了半个时辰的休息时间，一行人刚刚煮好鸡蛋，将东西收拾干净，就又得启程了。村民送来的东西都被装进了锅里，用几根布袋绑着背走。宋明渊跟杏儿还有几位夫人轮流换着背，有了前车之鉴。 陆二老爷也不敢使心眼子了，一启程就领着队伍走在了最前面。比起掉在后面挨鞭子抽，他们宁愿走在前面，就是摔跟头也好过被催着打。第二十七章区别对待。路过背着大包小包东西的陆家人的时候，陆二老爷冷冷看了他们一眼，可见还记恨着他们刚刚把粥给官差吃的事情。其他陆家族人也满满都是怨气，陆家的这事做得实在太不应该了。挨饿受冻的族人不帮，却偏帮根本不需要的官差，没见着那些官差都自带了干粮吗？ 我看他们估计都以为舔着脸凑上去讨好，这些个黑心的官差就能给他们行方便呢。哼，等着看吧，那么多东西没有咱们搭手，他们一个个负道，人家要怎么背下去？众人看着前方负道的白雪，就等着看好戏。这种路人都难走下去，更别说是背着重物。陆家几位夫人是没干过重活的，但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别人越想看他们笑话，他们就越不能让他们如意。二婶，换我来背吧。不用，你背宁宁。 这口锅二婶今天就是拖也要拖到地。三婶，不用，我今天就要让这些个软脚虾们看看，我们陆家的女人有没有重。宋明远左看了看，又看了看，算了，不劝了，直接把锅内的东西收进了空间。背上一轻，婶婶们忽的一惊，没等掀开锅盖看，陆二夫人率先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略躬了躬身，一副不堪重负的模样。这锅可太沉了。她这声一出，成功阻止了陆三夫人跟陆五夫人想要掀锅盖看的冲动。 两人脑海中电光石火之间闪过了什么，多年的默契让他们瞬间就领会到了对方的意思。陆三夫人脸一皱，对啊，可真沉，嘶，勒得我肩膀都痛，可能是装的东西太多了吧。看着他们一个比一个能演，不擅长演戏的陆五夫人脑子卡壳了一瞬，下一秒就道：幸好我天生力气大。二夫人、三夫人，同为陆家的女人，你怎么能这么优秀？陆老夫人是最熟悉他们的，正常情况下他们一般不会说这样的话，除非情况不正常。 他这些个儿媳，只有算计人、糊弄人，还有想要遮掩什么的时候，才会演技飙升。那锅指定有问题。陆老夫人稍琢磨了一下，就已经能猜到个大概，定然是渊渊使仙术把锅里装的东西变没了。这一联系起来，陆老夫人就想到了将军府消失的东西，还有把张时明砸成重伤的大门。原来在他们不知道的时候，渊渊就已经帮助他们良多了。一定是老天爷看他们陆家太苦，才给他们送来了渊渊这么个宝贝。陆老夫人心中暗暗打定主意。 绝不能让渊渊的能力有一丝暴露的可能，从而让他陷入无穷无尽的危险之中。看着背锅的几位儿媳，他抿抿嘴角，眉头一皱，就流露出了几分心疼的神色。这可咋办？路还这么远哩，你们要是撑不住，就让娘来背。娘虽然上了年纪，但还顶用。只有陆四夫人不明就里，成功被糊弄过去。她急忙道：“娘，这哪能让你背？不是还有我吗？我背。”如果不是知道锅里没有东西，宋明渊都要以为里面放了个大秤砣。不过他也知道。 大家这是在小心翼翼地保护他。这个世界除了没有爹爹，其实都挺好的。陆家族人一直都等着看他们体力不济倒在路上，甚至已经做好了他们要是求上门就狠狠奚落他们的准备。但是他们没等来陆家人倒在路上，反而等来了官差的鞭子。陆家族人都惊呆了，有没有搞错？他们落后的时候挨打，走在前面了还挨打？他们是不是故意搞针对？有人涨红脖子，愤愤不平地质问出声：“你们怎么能这样？我们都走在前面了，凭什么还打我们？” 他们走得这么慢，你们应该抽的不是他们吗？同样是流放的犯人，你们怎么能区别对待？还有没有公道天理了？就算你们是官差，也不能这样吧？邓良一鞭子抽了过去，一双漆黑的眼瞳里显露的是与清秀外貌不符的狠辣。我打你们还需要理由？他的同伴哈哈大笑，就是一群流放犯也想要公道跟天理，落到我们手上，我们就是天理。兄弟们，给这小子长长眼，让他看看什么叫天理。 立马有官差上去，将说话的那个年轻人拽着囚服强拖了出来，像扔麻袋一样往旁边一扔。住手！你给我住手！你要干什么？放开我儿子！一位妇人从人群中冲出，疯了一样抓闹阻拦的官差。能押送犯人流放的官差可不是什么善茬，一脚就将他给踢开了。臭娘们，敢挠老子，想死是不是？他们不打陆家人，那是给邓良面子。这些人又是什么玩意？想要我放过你儿子？成啊，拿钱来赎。 一百两银子，少一两，老子就抽他一遍。我没有银子。富人是三房的人，顶头两个老人已经去了，丧事还是陆老夫人主持操办的。三老爷子唯一的儿子是赌成性，欠下一屁股债，被人打死了，只留下如今的儿媳朱氏跟孙子陆培盛。这富人便是朱氏，他家中的银子，包括陆家每月只给三房的钱，都用来还债了。抄家时身上仅剩的三百多两也被搜了去，只带出了二十两，哪能给他们要了去？吴达见多了朱氏这样的人，以为他们不知道。 他那点小心思，不给是吧？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给我狠狠打！几名官差扬起鞭子朝陆培盛身上抽了过去，那力道每落一下就是一道触目惊心的血痕。几下之后，球衣都被打烂了，陆培盛惨叫不止，在地上翻滚求饶：“娘，你把钱给他嘛，儿子要被打死了！”看着爱子皮开肉绽、痛哭流涕，朱氏慌忙道：“别打了，你们别打了，我给钱，我给钱，快住手！”吴达一抬手。 其余人就停下了动作。我这里最多只有二十两，都给你们，放了我儿子。吴达将朱氏递过来的钱塞进腰包，根本不理会他的祈求。我说了，少一两就抽他一边。没有，你可以想办法。我只给你一刻钟的时间，要是还拿不出来，你就等着给你儿子收尸吧。第二十八章祸水东引。朱氏没有办法，只能将求助的视线投向了陆二老爷。族长，你救救阿胜吧！你救救他吧！我们真的拿不出钱了。阿胜也是你侄孙，你帮帮他吧。 直媳求你了，他一下就朝陆二老爷跪了下来，唉声哭求。陆二老爷皱起了眉头，救陆培盛就意味着要拿出八十两银子交给吴达，他身上拢共就带出来一百多两，怎么可能拿出来给朱氏赎人？可要是不拿，朱氏心里指不定怎么记恨他呢。这女人要是发起疯来，那可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直媳啊，不是我不想救阿盛啊，阿盛是我打小看着长大的孩子，我就算不念在亲缘上，也会念在同族的关系上帮他。但凡我身上有一两银子，不用你求我都会拿出来。 只是抄家抄的突然，伯公身上也没能带出个一分半钱来，就是有心也无力啊。见朱氏白了脸色，陆二老爷满面愁苦，像是实在不忍的样子。要不然这样吧，大家能拿的就拿点出来凑凑，看看能不能凑够。如果凑不够，伯公也是真的没有办法了。朱氏原本陷入无望的心，陡然又升起了几分希望。他感激涕零的说道：“谢谢伯公，谢谢伯公。等救下阿胜，我一定让他拿你当亲爷爷一样孝顺。”哎，说什么见外的话。 陆二老爷假惺惺地说了一句，然后转身看向身后的族人：“大家要是有钱就拿出来吧，都是自己人，总不能见死不救。”族长都发话了，众人就算再不情愿也得表示一下。可要他们将自己大半的钱都拿出来救陆培盛，那是绝无可能的。最后拼拼凑凑，一百多号人竟只凑出来二十七两，加上朱氏原有的二十两，也才四十七两，连一半都没到。朱氏看不出来，可吴达心里头却是门清。他押送的流放犯人，没有十次也有八次了。 特别是京城里的有钱人，这些人随随便便往身上藏个玉佩都不止一百两，这么多人他就不信一个能拿出来的都没有。清楚归清楚，可吴达却没有丝毫要提醒朱氏的意思，只将筹到的钱收下，瞥了朱氏一眼，还差五十三两，你的时间不多了。走投无路的朱氏一下瘫坐在地，恨恨捶胸痛哭：“你们这是要我的命啊！给不出五十三两，他儿子就要挨上五十三鞭。若是有心下狠手，哪里挨得住？五十三两。” 他上哪里再去找五十三两？陆二老爷当然不可能错过这个祸水东引、给陆老夫人添堵的机会。他皱起眉头，叹了一声气：“侄媳啊，我们是真拿不出来了。不然你去问问杨氏那边娘家，给送了不少银子。他们要是愿意，阿胜肯定是能救回来的。那边要是不给，正好让朱氏恨毒他们；要是给了，焉知那些官差心里怎么想？说不定还会收回对他们的偏袒呢。无论他们怎么选，都是一种损失。”队伍一停下来，等了片刻，不见走动。 宋明渊这边索性就原地休息，包起了鸡蛋，根本不关心前面发生了什么。他们现在是能抓紧时间休息就抓紧时间休息，能补充体力就补充体力，否则一下午的路程可实在是吃不消。两队之间相隔不远，哪怕不刻意去听，宋明渊也已经了解了事情的始末。自打修炼了灵力，周围稍稍有点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的眼，更别说前面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了。他坐在路边吃着剥好壳的鸡蛋，见朱氏从前面走来，一双眼睛眨也不眨的看着他。 想看看他究竟有多大的脸。朱氏一来就扑通一下给陆老夫人跪了下来，哭求道：“大伯娘，你救救阿胜吧！阿胜是你侄孙，你不能看着他活活被打死啊！以前他爹被人活活打死，你袖手旁观也就罢了，但是三房现在就剩下这一根独苗了，你就看在三老爷的份上帮帮我们吧！”陆老夫人定定地看了他一眼，冷笑一声说道：“我袖手旁观，害陆喜活活被打死，你也是真敢说！你这忙我帮不起，陆家已经自请除族，与你们再无干系，你求错人了。” 许氏被陆老夫人的态度激到，许氏心中积怨已深，诸事哀求，脸色转瞬间全都化为了怨恨。杨氏，你怎么能这么狠心？我们只要五十三两银子，你连五十三两银子都不肯给吗？陆老夫人沈笑，这些年来我们给你们三房的银子还少吗？你摸着你自己的良心问问，我们给你三房擦了那么多次屁股，你们可曾心里有过半分感激？肉包子打狗，狗都尚且对你摇一下尾巴，你们不思感恩戴德，反倒是怨恨上了。我陆家被指责唾骂的时候。 你三房怎么没见给我们说过半句话？我陆家自请除足的时候，怎么没见你们站出来替我们声张？朱氏自知理亏，哭道：“只这最后一次，大伯娘，你就当行行好吧。”陆老夫人不想给，可也不想结这个愿。她知道朱氏的秉性，有道是宁可得罪君子，也不可得罪小人。朱氏这种人就像是毒蛇，被他记恨上，什么时候伺机咬你一口，你都不知道。百密总有一疏，就怕防不胜防。不给。 宋明渊将蛋壳一扔，拍干净手，站起身来。他逆眼瞧着陆家人，冷笑：“谁敢拿一分钱给他试试？”这一个扫眼横过来，所有人都羞的一下收回了目光，目不斜视，就连陆老夫人放进袖口的手都悄悄缩了回来。而后左看看右看看，就是不看朱氏。他刚刚想什么来着？哦，对，圆圆喜欢吃鸡蛋，晚上多给他煮两个。无视朱氏怨毒的眼神，宋明渊说道：“要银子没有，白扔了也不会给你们。你那儿子不是嫌我们没挨鞭子抽吗？” 我可是很乐意看他被抽的。他冷哼：“别拿这种眼神看我们，好像我们多对不起你似的。帮你是情分，不帮是本分。你儿子就算死了，也跟我们没关系。不敢怪罪到那些官差头上，反倒把我们这些毫无关系的人臆想成害你儿子的罪魁祸首，欺软怕硬，你也弄错对象了吧？”第二十九章：记仇不记恩。朱氏那点阴暗的心思被宋明渊三言两语剖开晾晒在大庭广众之下，一张脸全是羞愤和难堪。如果说刚刚他对陆老夫人有所不满跟怨怼， 那么这会儿恨意全部都转移到了宋明渊身上。我求的是大伯娘，又没求你。你不过一个入门不足三天的新媳，大伯娘尚且都还没有说话，你怎敢越过他拿主意？莫不是你以为陆家落魄了就能轮得到你当家做主不成？朱氏瞪着他连声质问，目光像是刀子一样，充满了仇视，恨不能把人活弯了。嗨嗨，陆培风以手底唇咳了两声，随后抬起冷冽的眉眼看向朱氏：“我们家阿渊说了算，对我们都听渊渊的。”陆家众人根本不受朱氏的挑拨。 陆老夫人更是对朱氏横眉怒目：“我纵的你这般激动，莫不是对我们陆家有什么意见？”刚才陆老夫人还能忍忍，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朱氏的妄图挑拨离间的行为已经触了他的底线。他冷眼看着朱氏：“当年陆喜烂赌，陆家三番几次帮他清了赌账，他被人打死，我念着你们母子俩不易，给他还清了上门追债的欠款。谁知你儿子又步上了他的后尘，若非有陆家看着，你儿子早就不知道在外面死多少次了。我们对你三房已是仁至义尽。” 你既然不曾站出来维护过我们，只言片语，怎有脸面过来让我们给你儿子摆平事端？更何况这事端还是陆培盛不平官差对他们的袒护引起的。自己不去思考怎么适应环境，跟官差打好关系，反倒怨怪他们得到的优待太多。陆老夫人已是厌烦极了这些人的嘴脸。我们陆家不欠你们分毫，也没有义务给你们做这种事情。滚吧！朱氏低垂的眼里充满了怨憎，心中恨意滔天，一双手用力收紧，指甲几乎嵌入手掌心里去。 自知再留下去也只是自取其辱，他踉跄着站了起来，一言不发，转身离开了。陆大夫人皱眉，这种人典型的记仇不记恩，说的再多他也听不进去，只怕是记恨上咱们了。要是陆培生被打死，也不知道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情来。咬人的狗不叫，会叫的狗不咬人。虽然朱氏刚刚没撂下什么狠话，但临走之前那副阴沉的样子，可不就是恨毒到了骨子里？宋明渊见不得大家皱眉头，当下迈步：“我去弄了他。”众人深沉的表情一崩。 手忙脚乱将他拉住，我的小祖宗哎！杀鸡焉用牛刀？一个小小的猪氏，让奶奶来对付。是啊是啊，渊渊、啊、别冲动，记恨就记恨，记恨咱们的人多了去了。他要是敢有什么坏心思，婶婶一根手指头碾死他。咱们能尽量不用就不用。啊，听话。陆老夫人跟几位夫人是真怕他一言不合就冲过去，使仙术把人变没了。他们知道渊渊很强，但这本该是陆家要承担的事情。如果事事都要渊渊替他们出头。 焉知哪一天他们对渊渊的感情不会沦为理所当然的利用？他们不希望渊渊最后变成别人利用的工具，哪怕这个人是他们自己。哦，宋明渊应声又乖乖坐了回来。他也不想的，可奶奶叫他小祖宗啊。那就让朱氏多活几天吧，等他对陆家生了歹意，他再偷偷做掉他。没有凑齐银子，陆培盛自然免不了一顿毒打。只不过吴达并没有狠下死手，尽管如此，五十三鞭抽下去，陆培盛也是奄奄一息了。这是陆家族人第一次直面官差的残酷。 也才意识到流放路上比他们想的还要惨无人道。陆培盛被队伍里几个年轻力壮的同族抬着，有了他这个例子，再无人敢多加质疑一句官差的不是。而陆家虽然得了优待，却也没忘乎所以，之前怎么打点官差，之后同样怎么打点官差。吴达对他们的识时务很满意，又加之有那一碗热粥的交情在，自然对他们多了几分宽容。陆二老爷也学聪明了，一看到陆家人的做法，也跟着有样学样，银钱到位，身上挨的鞭子总算少了许多。 你还能撑得住吗？宋明渊看见陆培盛不省人事，被抬着走，便问陆培峰。他表现出来的坚毅，几乎让他快要忘了他是个身受重伤的人。事实上，他身上的边伤一点都不比陆培盛要少。换成是其他人，估计已经上担架抬了，偏他还能硬撑着，强忍剧痛走了这么远的路，意志力之强悍，就连他都心生佩服。想着陆家长辈对他这么好，也不好对陆培峰的惨样视而不见，于是伸手握住了他垂在一侧的手。 眼前已经出现重影血色的陆培峰，脚步一顿，差点维持不住平衡，一个趔趄栽下去。好在宋明渊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了他，还顺嘴调戏了一句：“怎的？你还没被女孩子摸过手啊？”含笑说着，还不忘往他身体渡去灵力，温和的灵力自相贴的掌心传入，游走在经脉之中，陆培峰昏沉的灵台都清明了几分。他诧异的看了他一眼，想到他说的话，闷不吭声了一会儿，还是回答了他：“没有。”宋明渊玩心大起，促狭道。 是没有女孩子摸过，还是没有我说的这件事情？看到他耳尖漫上的浅红，他几乎压不住大笑出声。谁能想到呢？一个冷冰冰的将军，居然是个纯情男。陆培峰睨了他一眼，似乎知道他指定在心里笑话他，抿了抿唇，不说话了。但是他的形象在宋明渊眼里已然崩塌。他越是这样，他越是憋不住笑。瞅着他脸色越来越黑，宋明渊清了清嗓子，压下笑意，不逗你了。我牵着你走，晚上再给你疗伤。这时。 陆培峰突然冷不丁地问：“你摸过很多男子的手？”虽然不懂他为什么这么严肃地问，但他还是实诚道：“当然，没有一百也有八十。毕竟修仙界的空间那界，大多数都是戴在手上的。他不摸人家的手，怎么享受粗暴地抢走别人东西的乐趣？”第三十章，河边插鱼。陆培峰又不说话了，他居然有种想砍了那些人的手的冲动。他皱了皱眉头，觉得这种敌意委实来得有些莫名其妙了些。跟在后面的陆家几位夫人见小两口牵着手走。 虽然觉得渊渊不会无缘无故做这种事情，但看到这幅画面，还是忍不住眼唇偷笑。流放的日子太苦了，他们得学会给自己找糖吃。路上细雪纷飞，雪沫夹杂着冷风，跟冰刀子似的往人的身上刮。走到最后，一行人已经三三两两互相搀扶着艰难前行了。超负荷的行走让陆老夫人膝盖传来一阵阵尖锐的疼痛，这是她昔年在战地上落下的旧伤。天气稍冷一点的时候便会发作。她觉得自己可能撑不到雍州了。 只不过还能往前走一步，他就不会倒下。冬日天黑的早，走了将近三个时辰，天色便一点点暗了下来。因为在路上耽误了些时间，一行人在天黑之前都没能抵达驿站，只能在路边的山林里过夜。几乎是官差一说休息，精疲力尽的众人就呼啦啦倒了一片，有的唇青脸白，双眼涣散，好半天都没缓过来。你们活动的区域只有这片林子，谁要是敢走出这片林子，直接视为逃跑，抓到一律打死。谁能第一时间揭发逃犯？ 我们会给他奖励一套棉衣、一套生火做饭的工具，还有半袋白米、两斤肉。你们最好都安分点，逃跑的人我见多了，能成功从我吴达手里逃掉的人至今还没有出现过。要是让我抓到，你们就想想怎么死的吧。一番敲打过后，吴达就带着官差们进了山洞，俨然对这里的地形很熟。宋明渊看了一眼人群，中有好几个不把吴达的话当一回事的，甚至是官差前脚一进山洞，他们后脚就有了行动，假借在山林找吃的，便脱离了队伍。 雪天本来就难掩藏踪迹，他们又戴着手镣脚镣，是绝对不可能逃得掉的。想要逃跑，无疑是死路一条。官差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杀鸡儆猴的机会。果然，没过多久就有人揭发了他们。吴达只派出了六个官差，用时不到两刻就将人抓了回来。陆老夫人不想孩子们看到血腥残忍的画面，便喊了大家挑了东西挪了个地。画面是看不见了，可那令人不寒而栗的鞭打声跟惨叫声却是经久不绝。陆家是将门，后宅和睦，几位夫都被保护得很好。 甚少遇到这种事情，此刻听着那凄厉的叫声，不免脸色发白。几个小孩也都吓得静了声。宋明渊看了眼，直接就用空间将干扰他们的声音隔绝了。杏儿也害怕，可听八卦的本能让他愣是阻止不了那些声音往耳朵里钻。他捂了捂耳朵，下一秒这些声音全都消失了，连呼呼刮着的风声都没了。杏儿悚然一惊，立马就朝身边人看去，只见大家一个个面色如常，似乎根本没察觉到异样。联想到早上包袱里突然多出来的包子。 杏儿瞬间紧张的牙齿打颤，他身边有鬼。阿弥陀佛，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退退退退退退。恰在这时，看到宋明渊带着几个小崽子去捡柴，杏儿急急道：“小姐，奴婢也去。”只有待在小姐身边，她才有安全感一些。走吧。宋明渊带上了他。流放队伍落脚的地方是一块靠近山崖的平地，围绕在平地周围的是一片占地约十五亩的树林。宋明渊已经观察过了，他们营地前不远有一条河。 出来捡柴火是假，弄吃的倒是真的。他一边领着孩子们捡柴火，一边往河那边走，期间还看到了在林子里拿弓箭打猎的邓良，他的准头极好。宋明渊路过的时候，正好看到他将一只出来觅食的野兔扎死在雪地上。看到宋明渊几人，邓良一顿提醒了一句：“前面是条河，已经没有路了。”他以为宋明渊不知道这里的地形，然而事实上，他连哪里有河湾都清楚。多谢。宋明渊朝他点了下头，却没有要止步的意思。 见他还继续往前，邓良皱了皱眉头。这么冷的天气，他带着几个孩子往结了冰的河边走，简直是在找死。他提着兔子跟了上去。宋明渊回头看他，眸光略带几分疑惑：“你跟着我们干嘛？有这么一双眼睛盯着，他还怎么从空间里拿东西出来？”宋明渊虽然不在意，但陆家一众长辈小心翼翼替他遮掩，他至少要收敛几分的。眼前这个人不能杀，那就只能让他自己离开了。邓良道：“我去河边插鱼，行吧？”宋明渊让开了道。 转了个方向，往河的下流走。他一走，邓良也跟着走。宋明渊觉得他是故意的，他忍不住道：“你不是去插鱼吗？你跟在我们后面干什么？”杏儿这会也警惕地看着邓良，他家小姐这般好看，他该不会是想图谋不轨吧？这样一想，便也顾不上疑神疑鬼了，连忙将小姐往身后挡了挡。邓良越过他，直视宋明渊，面无表情地说道：“你们会插我的鱼？”别说杏儿，就是宋明渊也被邓良的话给惊呆了。这人长得有鼻子有眼的。 怎么能说出这么不要脸的话来？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这条河里那么多鱼，难道还不让人插了？他怕不是过来找茬的吧？宋明渊似乎是第一次开始正视起了邓良这个人，他微微眯了下眼睛。你确定？面对他不善的目光，邓良笔直的站在那里，半点没有要挪动脚步的意思。我确定。小子，有种！宋明渊忽而笑了笑。你说我要插的是那条最大的鱼吗？他伸手往河里一指。 杏儿跟几个小崽子立马齐嗖嗖的往他指的方看了过去。鱼？哪里有鱼？邓良也下意识朝那边看，不过他很快就察觉到了不对。只不过不等他防备，宋明渊就一个手刀将他给劈晕了。杏儿跟几个孩子惊觉回过头时，就看到邓良朝他们所在的方向倒下，顿时像是快要被砸中的小鸡仔似的，一哄而散。哇！吓死宁宁了，差点被这大个子压扁。还好宁宁跑得快。他晕过去了，咱们要挖个坑把他埋了吗？怎么办？ 他要是醒过来，肯定不会放过嫂嫂的。咱们还是把他埋了吧。第三十一章，鬼又出现了。几个崽子神经一绷，立马蹲了下来，手里悄悄抓上两把土，只等嫂嫂一声令下，他们就给邓良铺上。注意到他们的小动作，宋明渊嘴角一抽，这种脏活累活可不欣赏，赶着去干的。他连忙道：“不能埋，他跟送咱们东西的村民认识，也算帮过咱们，咱们不能恩将仇报。等会儿喊人把他带回去就行。至于会不会放过他什么的，宋明渊倒不是很在意。” 知道邓良跟那些善良可亲的村民们有关系，大家立马将手里的沙子扔掉，收起了严肃的表情，只觉得刚刚不讲理的人这会儿看着都顺眼了些。他不给咱们去河边插鱼，想必一定有他的道理。就是可惜了，原本还想着去河边捞几条鱼来着，说不定运气好能碰到几条被冻住的。杏儿有些遗憾，看来今天晚上是没办法改善伙食了。他这念头才升起来，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当着他的面啪叽一下摔在了地上，拍着尾巴在雪地里蹦跶了起来。 蹲在地上，猝不及防被甩了一脸水的杏儿，鱼鱼，那只鬼又出现了！杏儿瞪大了眼睛，猛然抬头左右看了两眼，可在场就这么几个人，别说是鬼了，就连鬼影都没有。就在他四处找鬼的时候，四小只已经激动的嗷叫着朝那蹦跶的大鱼扑了过去。宁宁涨红小脸，好不容易吭哧吭哧的将比他半个身子还大的大鱼抱起来，下一秒又有两条鱼扑腾着掉在了地上，他手一滑，抱着的鱼刺溜一下就又挣脱了。 急得他一屁股坐在了鱼身上。哦，抓到了，抓到了！嫂嫂快看，我也抓到了！陆培远兴奋地举起鱼来，正要炫耀，鱼一下就挣脱了他的手，还让他摔了个屁股蹲。可恶，吃我一拳！几个小崽子沉浸在抓鱼的乐趣中，完全忘了前头的事情，恢复了往日的鲜活劲儿。等将三条鱼全都抓起来，他们已是一个个灰头土脸，脏成小花猫了。杏儿找了根藤条，将鱼串了起来，三条鱼条条个大肥美，足有八九斤重。 让一家人吃上一顿鲜美的鱼汤绰绰有余。一想到这只鬼给他们送来了这么多肉馅儿，原本还有些畏惧的心顿时就不怕了。如果他身边有鬼，那一定是只好鬼。宋明渊往外扔了三条鱼，便没扔别的了。再多吃不完还浪费。一行人回到营地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宋明渊喊陆培青去通知官差，把邓良带回营地。陆培青应声便放下柴火跑了去。他与陆培远同岁，在一众兄弟里面排行第三。比起陆培远的勇猛。 他的性子要机灵许多，一见到官差，只说看到邓良在河边晕过去了，其他的事情只字不提。好在官差也没有多问，跟着他去把邓良带了回来。刘氏抓到落单的陆培青，逮着他就问：“小青啊，快告诉唐婶，你们家那几条鱼哪里来的？他刚刚可是看见了陆家那边煮起了鱼汤，满满的一大锅，又香又鲜。”刘氏已经饿了整整一天了，原以为晚上那些官差能给他们吃点好的，谁知道又是那屎疙瘩一样的玩意。 他们吃的差也就算了，偏偏陆家这边大鱼大肉，刘氏都快嫉妒疯了。陆培清警惕地看着他：“你想干什么？你告诉唐婶那鱼是从哪里得来的，唐婶就放你走；要不然，你今天就别想从这里过去。”刘氏堵了路，对上宋明渊他不敢，对上一个七八岁的小屁孩，他却是不怕的。你可不能这么自私啊！自己有吃的，却看着自家人饿肚子。你堂哥可是一口吃的都没有。陆培清板起小脸提醒道：“我们已经除足了，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要在我面前以堂哥、堂婶来自称。嘿，你这死孩子，你到底说不说？刘氏脸色一沉，上去就要抓陆培青。看到他伸手，陆培青立马冲着他身后喊道：“嫂嫂！”刘氏吓得一个机灵，转头看去，后面哪里有宋明渊的影子？臭小子，竟然敢炸他！刘氏面色发狠，察觉到陆培青想跑回营地的意图，扭身就追，三两步追上去，把不小心滑倒的陆培青按住：“放开我！”陆培青挣扎了起来。 奈何刘氏力气大的出奇，他被反剪住双手，根本挣脱不开。他当然不可能告诉刘氏鱼真正的来路。奶奶跟娘还有婶婶都叮嘱过他了，要是说出来，嫂嫂肯定会有危险的。那鱼是我们从河里抓的，你要是想要，就自己去抓。不过别怪我没提醒你，河面结冰了，天这么黑了，小心掉河里面去。我都说了，你可以让我回去了吧。陆培青动了动，碎石跟积雪卡在他脸上，让他十分不舒服。刘氏一把将他粗暴地拽了起来，推搡他。 你带我过去，他理直气壮的说道。你人小身轻，就算站在冰面上也不容易掉下去，你给我抓。激火烧长的刘氏已经不去想陆培青要是掉到河里有什么后果了，他现在只想吃鱼。陆培青咬牙，实在有被刘氏的无耻给气到，但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尽管害怕，他还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就在这时，他看向路边，眸光忽然一闪，扫扫，你以为我还会上当吗？刘氏满眼不屑，连头都不回一下。 傻子才会在同一个坑摔两次。他不耐烦地推了陆培青一把，瞪眼威胁：“别想耍心眼子，要不然我把你丢到河里去喂鱼。”刘氏一出现在陆培青周围，宋明渊就察觉到了。他当然不可能真的放心让一个孩子到处乱跑。极恨他们的人这么多，怎么知道这些个东西会不会丧心病狂到对孩子下手？所以打从陆培青离开视线范围，他就在他身上留了一抹意识。见小孩没有危险，宋明渊就没浪费灵力。 待他步行走到这边时，正好看到刘氏推着陆培青往河那边走。听到刘氏大言不惭的话，他声音幽冷道：“你要把谁丢河里去喂鱼？”第三十二章，走恶人的路。熟悉的声音自身后传出，如果不是宋明渊突然出声，刘氏都不知道自己身后什么时候站了个人。他狠狠吓了一大跳，一颗心都蹦到了嗓子眼。这灾星怎么来了？刘氏两腿虚软，冷汗涔涔，被两巴掌甩得找不着北的恐惧再次支配了他的身体。 连头都不敢回，说啊，你想把谁丢到河里喂鱼？宋明渊缓步走上去，把陆培青从刘氏手里解救出来，一得了自由，陆培青一溜烟跑到宋明渊身后，揪着他的衣服，怯怯道：“嫂嫂，他要我站在冰面上给他捞鱼，还拦着我不让我走。”宋明渊捏住了刘氏的腕骨，冲他笑了笑：“不是要去捞鱼吗？让一个孩子带你去算怎么回事？来、哎，我带你去，现在就去。”手腕传来钻心的痛，刘氏脸都皱成了一团。 只觉得骨头都快被捏碎了，偏生宋明渊的手跟铁钳似的，他连甩都甩不开。他惊惧道：“不，我不去，你快放开我，我要回去。怕什么啊？”宋明渊笑意烧脸：“你刚刚不是很想去吗？河水那么深，那么冰冷，人掉下去肯定是上不来了，说不定等明天早上就会变成一具浮在水面的冰雕。你要不要试试？”刘氏仿佛听到了恶鬼在耳边低语，吓得腮帮子绷紧，汗毛直竖，三魂都丢了七魄。 他拼了命想将自己的手从宋明渊手里拽回来，眼神闪躲。我我不去，我不去，都都是误会，误会，我真的不去。你大人有大量，放我走吧。我不吃鱼了，我真不吃鱼了。他脸色苍白，牙齿打颤，连说话的声音都是磕磕绊绊的，可见被吓得不轻。鱼肉那么香，为什么不吃？走啊！刘氏看着宋明渊拽着自己往黑漆漆的林子走，连头发丝都在表达着抗拒。我不要，我不要。 我不要去河边！救命啊！救命啊！竟是吓得瘫软在地，直接哭了出来。站在边上的陆培青见刘氏眼泪鼻涕呼了一脸，看得一愣一愣的。嫂嫂真乃非常人也，这么个恶人都能被他吓哭，看来他是比恶人更厉害的存在。陆培青看了眼惨兮兮的刘氏，在心中暗暗点头，学会了对付恶人就要走恶人的路，让恶人无路可走。渊渊，小青，快回来吃饭了！瑶瑶听到陆老夫人的叫喊，宋明渊一脚把刘氏踹开。 踩着他的手，用力碾了碾，冷声警告：“再有下次，我直接在你身上绑上石头，让你沉河。”说完，也不管刘氏面目扭曲的痛叫，转身牵着陆培青离开了。等回到营地时，陆家几位夫人跟信儿已经用今天中午喝粥的竹筒盛好了热腾腾的鱼汤。陆老夫人看到两人回来，拉着他们到火堆边暖手：“怎么回来的这么迟？是出什么事了吗？”他刚刚送鱼汤过去的时候，官差那里邓良早就回来了。若非渊渊找了出去，他只怕也坐不住。 宋明渊说道：“碰到了刘氏，他又整什么幺蛾子？”陆老夫人皱了皱眉头，对刘氏很是不喜。在她眼里，这些人就没一个好东西，找上他们指定没什么好事。看咱们抓了鱼，眼红着呢，这不不敢来找咱们，把小青堵在路上了。听了宋明渊的话，陆老夫人眉头深锁。他们如今确实太招人眼了些。要是都落魄也就罢了，可独他们一份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可不就让人心里产生不平衡了吗？这世上最不缺的就是见不得别人好的人。 似乎知道陆老夫人在担心什么，宋明渊说道：“奶奶，您放心吧，我既然敢把东西拿出来，就不怕他们嫉恨。总不能因为他们的嫉恨，咱们就要节衣缩食去迎合他们。”呸呸呸，不许说拿出来！陆老夫人小心翼翼的看了一周，拢了拢宋明渊的手，压低了声：“奶奶知道你有本事，但是咱们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咱们少吃两口没什么要紧的，反正饿不死。今天这几条鱼还能勉强解释解释，可不许再拿别的什么东西了。你可知，你每拿一次东西。” 奶奶这颗心就要跳上几跳，照这么下去，她还真担心在流放路上吃胖了，那可真就有嘴都解释不清楚了。宋明渊听进去了，事实上，陆家人完全可以不用这样小心翼翼，就算被发现，只要把他推出去，他们一点事都不会有，说不定还会因为他的存在被顺安帝重视，从而以此为条件为陆家沉冤昭雪。可他们没有这样做。如果在来到这个世界前，有人像陆老夫人这样谆谆的叮嘱他，关心他胜过关心自己，他想。 他是不可能在来这里的第一天就莽撞的将自己的能力暴露在陆培峰面前的。从前他无所畏惧，但现在有人关心他，他也不想让关心他的人牵肠挂肚。宋明渊软和了脸色，奶奶，我和你保证，一切都在我的安全前提之下。哎，好,好，好，好。陆老夫人眉开眼笑，哎，奶奶特意烧了热水，擦个脸，洗个手，咱们吃饭。晚饭吃的是铁锅炖煮的鱼汤，还有用大米煮的白饭。陆老夫人还特地给宋明渊单独煮了两个鸡蛋。 一家子围在火堆旁，在露天的雪地里吃上了流放后的第一顿晚饭。入夜之后，大家都挤在炭火边上睡。宋明渊尝试着将空间里存放的丹药拿出来，然而尝试了好几次都没能成功。直到他拿了品质最差、品阶最低的一气丹，这才成功拿出。果然是他刚刚修炼灵力尚弱的缘故。一气丹是补血益气、强身健体的，对陆培峰身上的伤正好有用。他给陆培峰递了过去，吃了。陆培峰也不问是什么。 拿了过来，张口就咽了下去，一点迟疑和犹豫都没有。你不怕有毒啊？宋明渊故意逗他。陆培峰看了他一眼：“你要杀我，不用多此一举。他打不过他，特别是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宋明渊一看到他一本正经的样子，就忍笑。我还以为你特别相信我呢，原来不是。第三十三章，这是糖豆。陆培峰脸上的冷峻有点维持不住。正当宋明渊以为他又要不说话了，好一会儿才听他憋出两个字：“相信。”你说什么？ 宋明渊惊讶地眨眼看他，似乎根本没听清的样子。事实上，心里都快要笑翻了。陆培峰定定看他，默不作声。他眼睫如鸦羽，眸色四点七，褪去了一贯的冰冷凌厉，显得格外纯粹幽静。宋明渊被他盯得如坐针毡，撇开眼，虚张声势道：“看什么看？伸手！”他怎么会心虚呢？他心虚什么？他都给他治伤了，逗他两句怎么了？这样一想，宋明渊又变得理直气壮起来，都不等陆培峰有所动作，就将他的手拽了过来。 掌心相贴，灵力一点一点传递过去，将益气丹的药效催化。陆培峰只感觉掌心微微发热，很快身上的寒意便被驱除了，身体像是浸泡在温水里一样，舒适温暖的感觉浸透四肢百骸。不到半刻钟，伤口的痛感渐渐消逝，升起了丝丝痒意，那是伤口愈合的前兆。这样的奇效，哪怕是陆培峰接触过的最顶级的金疮药都没有的疗效。陆培峰想，比起偏向于宋明渊，不是原来的宋明渊。 他更偏向于他是无意间侵占了宋明渊身体的异界之人，只有这样才解释清他为什么会拥有宋明渊的容貌，还会这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东西。就是不知道他原来生活的那个世界是怎样的世界。等宋明渊睁开眼睛，陆培峰已经收回了探究的视线。好了，明天晚上再来一次，应该就好的差不多了。不过未免引人起疑，你还得装上一装。想象不出陆培峰戏精起来是什么样的，宋明渊怕他装不出来，又拿出了一瓶药丸，这个是能让人看着气血亏损。 经脉紊乱的，你明早把它给吃下去，一天吃一粒，不能多吃。看完陆培峰，宋明渊又去看陆培安，他今天早上被狱卒踹了一脚，整个肚子都是淤青的。虽然已经上过药了，但看起来仍旧触目惊心。小家伙涂的是陆三夫人娘家给准备的药膏，中午休息的时候，陆四夫人给他涂过一次。宋明渊拿出了跟益气丹同品次的化瘀丹，这种丹药有通经活血、化瘀止疼的功效。他丹书没少看，但从未练过丹药。空间里之所以有这么多品次不一的丹药， 都是某位丹修夺了他的药职，他抢了他名下好几个药堂的成果。后来那名丹修还加入了追杀他的大军，说他偷走了神医门的镇山之宝神草。狗屁！他连那神草长什么样都没见过。为了不背黑锅，他一气之下又去搬空了他好几个药堂。比起修仙界鸡飞狗跳的日子，宋明渊觉得这里的日子不能再安逸了。给你糖豆，陆培安信以为真，接过放进嘴里嚼吧嚼吧，顿时整张小脸都苦兮兮的皱了起来。嫂嫂，你骗人！ 宋明渊脸不红心不虚，我说的是这药的名字叫糖豆。陆培安啊,啊了一声，傻乎乎地说道：“真的吗？那这药的名字也太不负其实了。”他甚至怀疑药都没怀疑他。宋明渊笑出了声，他替他催化了药效，摸了摸他的头，睡吧，一觉起来就好了。小家伙情绪忽然低落下来，垂着脑袋闷闷不乐。嫂嫂，我睡不着，我想爹爹了。宁宁也想，嫂嫂，我们的爹爹还能回来吗？几个小家伙都红了眼睛。 黑暗能放大人的脆弱，哪怕白日表现得再坚强，也终究不过是半大点的孩子。突然出了这样的事情，哪能不害怕呢？听着孩子们略带哽咽的声音，陆老夫人心都揪疼起来。他又何尝不是死死压住心中对儿子的想念，甚至连提都不敢提。对于他们来说，没有消息其实就是最好的消息了。陆家几位夫人一难忍心中酸涩，避开脸，暗暗擦拭着眼泪。能回来的，只要咱们好好活着，总有一天能跟他们团聚。 宋明渊替小家伙们擦去眼泪。那个画本子他是随意翻看的，如果知道自己会穿越过来，他一定逐字逐句仔细阅读。这会儿他除了知道陆家结局，还有陆二爷和陆五爷活着以外，别的能掌握的消息其实也不多。但是有希望总归是好的。如果全部都阵亡，宋明渊都不敢想象陆家人该承受何等的打击。听到嫂嫂的话，几个小崽子安心了些。嫂嫂那么厉害，他说爹爹能回来就一定能回来，抱着这样莫名强烈的信任。 疲惫奔波了一天的孩子们很快便撑不住眼皮，沉浸在了睡梦中。宋明渊一边修炼着灵力，一边注意着给火堆加炭。他只能用阵法隔绝开一小部分寒气，用空间的话消耗的灵力太大了，根本支撑不了长时间运作。不过线下穿着棉衣又有火堆，倒也不是很冷。四周聚集，唯有炭火时不时溅出一丝火星。火堆的亮光笼罩下，一家人蜷缩着身体睡得正酣。夜色渐深，积雪被踩踏的细微响动传来，宋明渊耳朵一动。 几乎跟陆培峰同一时间睁开了眼，有人往这边来了。两人对视一眼，都没有声张，而是重新闭上了眼睛，选择按兵不动。很快，几道鬼鬼祟祟的黑影就出现在了营地附近。宋明渊偷偷睁开眼睛看了一眼，脸熟，叫不出来名字，不过可以确定的是，陆家的那些族人。他们的目标十分明确，一来就直奔他们放置食物的地方，明显是过来偷东西的。眼见对方就要乱翻他们的东西，宋明渊想也没想。 捡起旁边万粗的木柴，用力扔了过去，伴随着一声闷响，木头直接砸中一人的后脑勺，那人捂着被砸中的地方痛叫一声：“好啊，敢来偷我们的东西！”陆三夫人睡眼模糊中被惊醒，看到站在前头的几个人影，吓了一跳，意识到他们想干什么，登时就怒了。他抄起一边的木头就冲了上去，其他几位夫人也被他的怒声惊醒，看见吓得转身欲跑的几人，起身就喊：“给我站住！快抓贼啊！别让他们跑了，他们也不怕。” 一想到这几人差点偷走他们赖以生存的食物，火气蹭蹭的就上来了。几位夫人拿木头的拿木头，拿锅铲的拿锅铲，就连素来柔柔弱弱的陆四夫人都四下寻找，找了个石头作为趁手的武器，冲了上去。第三十四章，偷东西的贼。宋明渊惊呆了，陆家的婶婶们战斗力都这么强悍的吗？不愧是将门之家，果然一个两个都不是吃素的。挨千刀的，孩子们的活命粮都偷，看我不打死你个手脚不干净的脏东西！ 真当我们陆家老弱妇孺好欺负是不是？偷到你姑奶奶头上，今儿个要是不把你打成猪头，我陆秦氏的名字倒过来写！别跑！过来偷东西的人被陆家几位夫人气势汹汹的样子吓得惊慌四窜，眼看着他们就要跑远了，宋明渊跟陆培峰一人一个小石头扔过去，正正弹中在他们的腿上，当场让他们摔了个狗啃泥。几位夫人抓住机会，冲上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陆三夫人出身武将世家，手上的力气是一点都不小，只打得他们一个劲的哀嚎。 连声求饶，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偷东西，我让你偷东西！陆老夫人拢着几个孩子，站在安全的地方打量，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三人是陆家二房的庶出子弟。虽然不知道这是跟陆二老爷有没有关系，但必定是那老霍默许的。他也不阻止，只等儿媳把人打得鼻青脸肿了，才厉声警告道：“这次就算了，再有下次，休怪我们打断你们的狗腿！回去告诉他们，谁想偷尽管来，老身倒要看看是你们的腿骨头硬，还是我手里的木棍硬。” 三人遭了一顿毒打，哪里还敢起别的什么歪心思？停都不敢多停留，便连滚带爬离开了。陆三夫人冲他们的背影狠狠啐了一口，气愤道：“这些个畜生东西，陆家还没被流放路上的困境难倒，他们倒先给咱们上了一课。”陆二夫人略带忧心的皱起眉头：“这次是偷，下次说不定就是抢了。他们要是仗着人多势众过来抢，这可怎么办？”陆二夫人对陆二老爷这些人已经不抱有希望了。这种事情不用怀疑，他们真能做得出来。放心吧。 只要咱们跟官差打好交道，就是他们想抢也得掂量掂量。自请除足的时候，陆老夫人就料到了会有这样的情况，要不然也不会又是粥又是鱼汤地往官差那里送，不过是为了混个脸熟罢了。有这份关系在，谅那老货再有胆子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来。只不过陆老夫人也知道，这并不是长久之计。那些官差能被他们收买，自然也能被陆二老爷他们收买。现下那老货还没有回过未来，等他们回过未来，必不可能看着他们占尽方便。 陆老夫人没把这些说出口，免得大家跟着徒增烦扰。事实上，有宋明渊这张最强大的底牌在，他们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些。但是陆老夫人觉得他们的渊渊是仙人，仙人不能身负业障，这么些个跳梁小丑还不配让渊渊折了福气去对付他们。休息吧，明天还要赶路呢。一家人重新挤在一块，然而还没等他们闭上眼睛，天上就飘起了大朵大朵的雪花。宋明渊望着快要熄灭的火堆，正要用空间隔绝越下越大的飞雪，一只苍老干燥的手就握住了他的手。 他看了过去，便见老人家叹息一声，目光温和又包容。乖乖，莫要使用那么多仙力，仙力哪里是这么容易修炼的？今早他看到渊渊让那狱卒凭空消失出来，脸色都有些发白，显然是耗的仙力过度了。他不知道仙力怎么来，不过却知道渊渊一定为修炼仙力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罪。要不然他们渊渊这么柔软的心肠，怎么会在处置那狱卒的时候连眼都不带眨一下的？宋明渊似乎从那双包含千言万语的眼眸中看出了疼惜。 他不知道怎地就觉得眼睛有些发酸，于是低下头来，不再继续。陆老夫人，咱们头儿让你们进山洞歇一晚。恰在这时，一名官差举着火把在山洞外面喊。陆家人落脚的地方离山洞不远，官差一喊，他们就听到了。陆老夫人心头一喜，料想是今天送吃送喝的动作起作用了、啊，也不磨叽，当下卸了官差，让大家伙收拾了东西，轻手轻脚进了山洞。洞里燃着几个火堆，好些个官差都裹着大衣睡觉，只有少数几个是醒着的。 他们也不敢发出太大的响动，只安安静静的找了个地儿，放下东西，猫在一块。没了风雪的侵扰，人都安宁了不少。宋明渊一坐下，就察觉到一道极为强烈的视线，抬眼看去，正好看到邓良悠悠盯着他看的目光。他冲他笑了笑，无声做了个口型：“鱼汤好吃吗？”“好吃，怎么不好吃？”邓良摸了摸自己隐隐作痛的脖子，目光锐刺刺的，似乎想把宋明渊盯出个花样来。他怎么都想不明白宋明渊是怎么把他敲晕的。 甚至连同伴问起，也只敢说是不小心摔晕的。比起摔晕，被女人打晕更丢人。这女人看着手无缚鸡之力，没想到劲儿还挺大。陆培峰瞥了邓良一眼，眉心微蹙，不动声色挡了挡他看向宋明渊的目光。邓良看了陆培峰一眼，略一停顿，才收回了目光。毕竟是有夫之妇，他这样当着他的面看他媳妇儿，确实冒犯。雪下来的时候，许多人都被冻醒了，看到官差允许陆老夫人一行人进山洞。 一个个心中又是羡慕又是嫉妒，陆二老爷脸都青了，也不知是被冻的还是气的。他信心满满的等着陆家人过来求他，谁知道对方愣是咬牙扛着那么多东西走了一路，不仅喝上了鱼汤，还住上了山洞。他们过得越好，陆二老爷就越堵心。看到鼻青脸肿的几个庶孙，就更堵心了。他冷得牙齿打颤，连个东西都偷不回来，要你们有什么用？现在好了，人都都进山洞里去了，就算想偷也偷不了。你们这些个废废物！ 那三个树孙也是冷得身体直打颤，他们生的火堆早就被寒风夹着大雪吹灭了，若非雪地映射出来的微光，连人都看不清。众人无一不是又冷又饿。爷,爷，怎么办？这种天气，在外面待上一夜，咱们咱们都会被冻死的。要不然，咱去问问问，能不能花银子到山洞里住住上一晚？陆二老爷立马心虚的看了朱氏一眼。陆培盛今天挨打的时候，他们可是说了没有钱的，现在拿钱出来。 可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第三十五章驿站捕获。但是雪下的这么大，暴露在这这冰天雪地里冻上一整晚，既没有御寒的衣物，又没有取暖的火堆，只怕还没到天亮，他们就冻成了一具尸体。陆二老爷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他一点都不想死。去问多少银子都都给，只要让我们住上一晚。朱氏就在旁边。临天黑前，他找到了一堆干草铺垫在地上。浑身是伤、奄奄一息的陆培盛，即便是垫着干草，依旧被冻得脸色青紫。 或许是听见了陆二老爷的话，也或许是没有听见，朱氏一动不动跪坐在没剩多少气息的儿子面前，身形陷在黑暗中，看不太清楚脸色。周围的人嫌将死之人晦气，都离得远远的。他们看着山洞，只盼着去问话的人能带回来好消息。陆二老爷顶着严寒等的焦心，很快跑进去问的人就回来了。他们说可以进去，但是要一人交二两银子，没有银子可以拿其他值钱的东西抵。如果换作是以前，大家肯定不会想到有朝一日要花银子去住山洞。 但是现在他们根本没得挑，哪怕再不情愿，也只能给。陆二老爷率先拿出了银子，交给官差，让自己一家人进了山洞。其他身上藏了银子的，也都开始往外掏钱。有碎银子的，就给二两银子，让自己进去；没有碎银子的，就抱成团，将值个十几二十两的东西抵押给守夜的官差。不到半刻钟的时间里，外面的人就走得没剩下几个了。雪越下越大，没有半分停歇的意思。原本想咬牙硬撑的几人，冻得身体发僵，眼见着这么个情况。 也抖抖索索，忍痛掏出了为数不多的银钱，进了山洞。最后，雪地里竟只剩下了朱氏和他那出气多进气少的儿子，母子俩身上一分钱都没有，谁都不想搭理他们这两个累赘。呵呵呵，朱氏颇有些癫狂的笑出声来，这笑声在寂静的雪夜格外森冷鬼魅。若说朱氏原先对陆二老爷他们尚存一分感激，那么在亲眼看到这些口口声声说没钱救他儿子的同族掏出钱的时候，他心中只剩下了灭顶的仇恨。 假仁假义的东西，陆家这些人就没一个好的。他好恨，儿子，娘一定会给你报仇的。无论是加害你的人，还是袖手旁观的，娘一个都不会放过。娘一定会杀了他们，以为我儿的在天之灵。朱氏双眸赤红，一字一句都充斥着蚀骨的仇恨。他留恋的看了儿子最后一眼，缓慢伸出冻得红肿僵硬的手，死死捂住了陆培胜的口鼻，一点点结束了他残存的性命。看着失去最后一点生机的人，朱氏含着眼泪。 恨得几乎咬碎了牙根，陆家这些人，还有那些害死他儿子官差，他定要他们血债血偿，此仇不报，誓不为人。朱氏是被出去解手的管差带进山洞的，他低着头，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可眼里深藏的刻骨仇视却逃不过宋明渊的眼睛，都不用想就知道他此刻经历了怎样的一番心路历程。陆二老爷这些自私虚伪的人肯定不会帮助毫无价值的母子俩，抛弃他们是迟早的。虽然不知道朱氏是怎么说服官差带他进来的。 但是这种时候，宋明渊也不会去落井下石。只不过朱氏要是想让他和他身边的人为他的仇恨买单，也别怪他先下手为强了。收回视线，宋明渊便开始心无旁骛，闭目修炼起来。一行人在山洞休息了一晚，第二天晨起的时候，厚厚的积雪都覆盖到了洞口。看着外头白茫茫的一片，饶氏押送经验丰富的吴达也不禁爆了粗口：“草他娘的，这鬼见愁的天气，明年秋天都到不了雍州。如果不能在规定的时间里将犯人送达，” 他们这些押送的官差会被判定为失职，也要受罚。真他娘的晦气！队伍里有人小心翼翼地问询道：“官爷，这雪都到膝盖了，咱们能不能等雪化了再走？”吴达心情正烦躁，也没个好脸色：“等什么等？外面就是下冰雹，你们也得给老子爬到雍州！”可是官爷，队伍里好多人昨天感染了风寒，都发着热，就是走也走不了啊！吴达沉着脸回头一看，果然，队伍里几乎有一半人都是病歪歪的，特别是小孩居多。 都是娇生惯养，没吃过什么苦的。昨天风里雪里赶了一天的路，晚上又遇到这么极端的天气，别说是小孩了，大人都扛不住。以这么个身体情况，根本不足以支撑到雍州。吴达皱起了眉头，不耐烦道：“往前五里地有个驿站，到那里你们可以自行补给货物。”许氏被压迫了整整一天，众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喜砸得晕头转向。刘氏当即就抱起了已经烧晕乎的儿子，激动道：“太好了，太好了，咱们快点走吧！”他身上藏了不少银子。 如果能买到东西，那这一路上可就轻松多了，至少不用再挨饿受冻。其他人也纷纷面露喜色。陆家几位夫人赶早起来给孩子们煮了鸡蛋，此刻正应官差们的吩咐，往他们随身携带的水囊里倒热水。见此，大家都催促着要走，赶忙加快了动作。比起队伍里其他的孩子，吃了宋明渊糖豆的陆培安，别说是风寒了，一醒来连精神头都是足足的，丝毫不见疲惫。只有另外三只没吃的，像是打了霜的小葱一样蔫了吧唧的。 宋明渊见此，一人给他们吃了一粒糖豆，又给了陆老夫人和几位夫人一人分了一粒。你们吃的什么？我能吃吗？一名官差凑了过来，好奇的看着宋明渊手里的药丸。他刚刚好像听到了他们说这是糖豆，看着怎么那么像药丸呢？真是糖豆！他的目光有种清澈的愚蠢。宋明渊于是拿了粒糖豆出来给他，要吗？林东拿了过来，有些迟疑的看了宋明渊两眼，然后伸出舌头舔了舔，眼睛一亮，甜的。还有吗？ 被苦到的众人脸上皱巴的表情还没来得及露出来，就硬生生扭转成了一副笑脸，是吧？真甜！陆思宁三两下就把糖豆咽了下去。宁宁从来都没吃过这么甜的糖豆，可好吃了。宋明渊瞧他们一个个说着违心的话，笑着给了他们一粒甜的，压压嘴里的苦味。等官差们的水囊都装好后，陆家人便收拾了东西，跟随在队伍后面启程了。大雪封山的路极难走，五里地一行人走了将近半个时辰，才看到驿站的影子。也不知道是不是一颗糖豆的交情。 一到驿站，林东就领着他们去补物资了。你们跟着我去，多少能便宜一点？宋明渊没明白这便宜一点是多少点，直到他看到刘氏拿着一件棉衣问价的时候。第三十六章埋伏。你说什么？你说这件棉衣多少钱？刘氏瞪大双眼，手里拿着一件深灰色、略有些旧的大袄子，难以置信的问一程，那一程是个留着八字胡的中年男人，满面油光，大腹便便，一双绿豆大的小眼睛贼溜溜的。 看着流放队伍里的人，就像看待宰的肥羊一样。面对刘氏的质问，他面上有些不快。驿站本来是不给做这种营生的，我冒着被查的风险跟你们做买卖，当然要贵一些，十两银一件，不讲价。你们可得考虑清楚，要就赶紧买，不然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到时便是你们想买也买不到。这种平民百姓一百多文钱就能买到的破袄子，居然要十两银子一件。他在京城里买的品质好一点的冬衣也才七八两。刘氏都惊呆了，没想到这么个偏僻的小驿站。 居然能黑心至此，可要是不买，接下来的路只怕会被冻死。刘氏已经被冻怕了，他再也不想体会昨天晚上那种骨头缝都冒着冷气的感觉，哪怕心不甘情不愿，也只能咬咬牙，用娘家人接济他的银子买了七八件棉衣，不多也就百来件的样子，没一下就被抢光了。朱氏在旁边冷眼看着他们往外掏钱，内心压抑的仇恨又像是沸腾的毒汁一样冒了出来。但凡他们昨天一人施舍半两银子，他儿子都不至于被打成重伤不治儿死。 他们可是同族啊，血脉相连的亲人。想到今早儿子被大雪掩埋的尸体，朱氏便心如刀割，对陆家这些人更是恨入骨髓。除了棉衣之外，驿站还有干粮、水壶、烧锅和黑炭，基本流放路上能用得到的，这里都有。驿站还给流放犯人提供吃食和住宿。吴达难得大发善心，特地让他们留下来用过午饭再离开，也就是说，他们有整整两个时辰的休息时间。娘，咱们要不要也买一些？陆大夫人手头有不少银钱。 可以说，他几乎是陆家乃至整个队伍里最富有的存在，当然，除了宋明渊。论起富有，现在连狗皇帝都不如他富有。得买。陆老夫人眼明心亮，看了门外的官差一眼，压低了声：“这驿站跟押送咱们的官差有点关系，咱们买东西的银子，起码有一半是进他们腰包的。别人都买，咱们也不好太扎眼，少少都得给点面子。为着省这么点银子，让官差不喜，实在划不来。看着需要什么就买些吧，也不用太多，买了就行了，起码有个态度。” 陆大夫人领会他的意思，想了想，眼下他们既不缺吃也不缺穿，这里卖的东西还没有村民们送给他们的好，于是便只挑了几个水囊和粗瓷碗。然而，哪怕有林东提前跟一城打过招呼，这几个普通的小物件也花了足足二十八两，真是贵得离谱。宋明渊却没有注意这些，他一进来就察觉到了这驿站有埋伏，对方起码有三十个人，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迟迟没有动作。等会儿你别出手，这些人交给我。宋明渊一天不打架就觉得不舒服。 在修仙界，三天一大架，两天一小架都是常有的事。来到这里，他就没活动过筋骨。眼下有人要过来送死，他当然激动啊，甚至恨不能摩拳擦掌，畅快地打上一架。不行，人太多了。陆培峰想也没想就拒绝了。宋明渊咬牙瞪他：“你别忘了，你现在是个伤患，哪有伤患一挑十的？”陆培峰抿了抿唇，看了他一眼：“我可以把他们打趴下，再装成重伤。而且就算重伤，他也能把他们打趴下。他厉害。” 然后呢，装成重伤，让我们这些老弱妇孺抬着你走？宋明渊呵呵一笑，想得美！你要是敢这么做，信不信我让奶奶办到，把你丢了？陆培峰既没说答应，也没说不答应，宋明渊也没再说什么，反正他总有治他的办法。两人凑在一起窃窃私语的时候，刘氏他们已经买好了东西。也是这时候，刘氏才顾得上给孩子找药，于是就问一成：“你们这里有治风寒的药吗？我儿子生病了。”一成斜看了刘氏身边被妇人抱着的陆培昌一眼。 捻着八字胡子笑了笑，当然有，看在你们这么照顾我生意的份上，要我们就免费送你们了，还附赠你们每人一碗姜汤。你们先在大堂歇着等吧，我这就吩咐后厨准备。众人大喜过望，连刚刚大出血的肉痛也没了，对着一程千恩万谢。一程摆摆手，让人带他们移步大堂。很快就有人把热腾腾的药和姜汤给端上了桌。姜汤一入手，宋明渊就觉察出了不对，里面被下了蒙汗药。陆老夫人也是当过将、带过兵的人。 这点小伎俩怎么会看不出来？他面色凝重，不动声色碰了碰大儿媳的手肘。姜汤这么烫，亮亮再喝。陆大夫人瞬间便明白过来，暗暗给了妯娌一个眼色。众人都十分默契的没有喝下那碗姜汤。而刘氏那边的人几乎是一捧到汤碗就迫不及待的喝了起来，也不怕烫嘴。他们昨儿个一天都没吃什么东西，现在哪怕送上来一碗白开水都能喝得津津有味。一碗姜汤喝完，不过片刻就有人倒在地上昏迷不醒，一个、两个、三个。 几个呼吸间就陆陆续续到了一大片。门外听到动静的邓良一回头就看到了大堂里陆家族人东倒西歪的情形，他心中一惊，正要冲进来，却被吴达一把抓住了手臂。这种事情不是咱们能管的，想活命就别意气用事。见邓良眸中闪过挣扎，他又道：“你要是死了，可没人给你娘养老送终。有人要买陆家人的命，他们凑上去也只是送死。如今能做的只有明哲保身。如果陆家人被杀光了，说明他们运气不好。” 他正好不用继续这等千里押送犯人的苦差事，吴达不无冷漠地想。邓良握紧了手中的刀柄，眸光明明灭灭，盯着没有晕过去的陆老夫人一行人，也不知道在想什么。陆老夫人端坐在长凳上，将一众孩子拢到身后，气势威严。诸位既然来了，便现身吧，何须像鼠辈一样躲躲藏藏？他话音一落，拿着刀剑埋伏的三十个黑衣人就冲了出来。第三十七章力退重敌。陆老夫人一看这人数，便面色一沉，那些个烟臜东西。 真是不遗余力也要置他们陆家于死地啊！这欲要将他们斩草除根的架势，是生怕他们陆家留后反扑吗？原来亏心事做多了，也知道担惊受怕。黑衣人训练有素，现身之后也不多话，目标十分明确，径直朝陆家人所在的地方举刀杀了过来。奶奶，看好您的大孙子，他身上的伤好了，要是被发现，我的能力就瞒不住了。宋明渊传音结束，把陆培峰往陆老夫人身边一按，随手给他们套了个保护的结界，迎着直冲面门的刀。 宋明渊断开手镣脚镣，双眸噌亮，来得好！他一步不退，劈手夺过一把刀，迎面冲进了人堆里，跟黑衣人缠斗了起来。陆老夫人狠狠捏了一把汗，双眼眨了不眨的看着在黑衣人中灵活穿梭的身影，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他想把大孙子踹上去帮忙，可一想到渊渊交代他的话，这脚伸也不是缩也不是。见大孙子猛地站了起来，动作比思想更快一步，抓住了他的手：“你不能去！”陆老夫人此刻的心像是烙饼一样，两面煎熬。 渊渊真是给他出了个大难题，几位夫人一脸紧张，陆三夫人扛起长凳就想冲上去帮忙，被妯娌联手死死按住了。你这三脚猫功夫上去也只有被切菜的份，还劳渊渊分心照顾你。陆三夫人蔫了，头一次恨不能自己长了三头六臂，他怎么忍心看着渊渊一个人单打独斗啊？都怪他没用。陆三夫人心里像是堵了一团无法发泄的火，又紧张又懊恼。几个小孩大气都不敢喘，一双双眼睛死死盯着刀光剑影中的嫂嫂。 只恨自己太小了，帮不上忙。嫂嫂可千万不能受伤啊！陆培峰每看着宋明渊与刀身险险擦过，好几次都忍不住想吹响哨,哨子，让追随而来的青海长云帮忙。可看着他眼中的雀跃与兴奋，还有越战越勇的战意，到底还是忍住了。只是双眸却始终没从他身上移开，准备随时救场。偌大的厅堂似乎成了宋明渊一个人的舞台，仅凭一己之力，生生把杀气腾腾的三十个黑衣人变成了伴舞。他身姿矫健，灵活如猫。 手起刀落间，便能完成一次完美收割。骑士之凶猛，竟逼得一众黑衣人不得寸进，连陆家人的身都进不了，更别说是杀了黑衣人。杀招越发凌厉，也越发急躁。偏偏宋明渊稳而不乱，生至的灵力在体内运行越发灵活自如，越是沉静，灵力就越是如鱼得水。三十个训练有素的黑衣人，竟无一是他的对手。撤！领头的朝宋明渊掷去手里的刀，趁刀直袭面门，他侧开脸闪躲的间隙，大喝一声。 仅剩的十三个黑衣人迅速破窗跳出了驿站。宋明渊躲过那把飞来的横刀，正要去追，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惊叫：“大人小心！”他扭头一看，就见他避开的那把刀正惊险地朝离大堂门槛几步之遥的一对主仆飞了过去。来不及多想，他直接把手里的刀扔了出去。锵的一声，兵刃相撞，两把刀擦着那公子的脸颊飞过，带起的风撩动了他两侧垂落的一缕发丝。那小童才像是找回了呼吸一样惊醒，煞白着脸问道：“大人。” 你没事吧？无事。清脆好听的声音如玉落珠盘，刀都差点削掉脑袋了，居然还能如此镇定。宋明渊好奇的打量的来人，只见他一袭青衫，披着厚裘，气质清雅，相貌脱俗。极为夺目的是他眼下的一点红痣，像是白玉染上了朱砂一样，两种极其浓烈的色彩相撞，见之便叫人惊为天人。在下沈剑，多谢姑娘援手。他笑容温雅，如春风般和煦。宋明渊从桌上跳了下来，不客气。 你本来就是被无辜殃及的池鱼，就是可惜了，他还没打过瘾呢。沈健笑了笑，只觉得这姑娘说话有趣的紧。见黑衣人逃出去，陆培峰便吹响了口哨。此刻听到驿站外传来的打杀声，瞥见宋明渊眸光一亮，赶忙两步上前，握住了他的手腕。别打了，下次再打。触碰到人，他才惊觉自己手心出了汗，竟是连打仗都不曾这么提心吊胆过。陆培峰眸子深了深，还没想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么紧张，就被一道声音打乱了思绪。 陆少将军，幸会，沈大人。陆培峰这才发现沈剑的存在，转过头冲他微微颔首致意。陆家早已今非昔比，这声少将军，陆某担当不起。英雄不问出处，少将军之威名早已深入人心，不必自谦。沈剑目光移向陆老夫人，燕之一早便听闻老夫人会停经此地，特等后再次拜见。日前将军府流放离京，燕之有事在身，抽不出时间相送，实在惭愧，还请老夫人见谅。面对这个谦和有礼的后辈。 陆老夫人是十分欣赏的，她缓和了脸色，示意他坐下，便温声道：“燕之有心了，不过你怎地不在朝中，反而出现在了这里？”在北魏，驿站是传递官府文书与军事情报，以及未被贬谪的官员途中提供食宿换马的地方，一般不收留流放犯人。不过一些偏僻的小驿站，少了约束，自然随意了些。沈建是去岁的新科状元，如今在翰林院任职，正是仕途晋升的时候。现在何该是在京城的，说来惭愧。 沈某不慎触怒圣颜，所作为陛下不喜，已被革职贬官为崇明县县令了。哪怕被贬官，沈建话语里也听不出来多少落魄，反倒很是随和淡泊。崇明县就在雍州隔壁，同样是鸡不拉屎、鸟不生蛋的蛮荒之地。陆老夫人惊讶了一瞬，又沉默片刻。可是因为陆家的事情，沈健浅笑着说道：“也不全是，老夫人莫要自责。燕之只是不忍让北魏的将士们寒心。今日哪怕不是陆府，燕之也同样会为之进言。” 他自知自己说出口会引来什么样的后果，但若不说，便违背了自己做官的初衷。是以，哪怕被贬，他也是不悔的。文臣死谏，武将死战，将军尚且都被蒙冤抄家，他这又算得了什么？第三十八章，沈大人拜见陆老夫人，叹了一声，惋惜道：“燕之这等才华本事，自当趁着大好年华，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抱负。沦落到崇明县当一个小小的县令，岂非埋没？”知道陆家不是孤军奋战。 陆老夫人自是千般情绪涌来，同时也感动于沈剑的大义。可到底惜才，穷达皆由命。剑只知做好当下的事情，至于是得是失，无愧于心即可。燕之心性之豁达，老身佩服。沈剑笑笑，说明了来意。此行顺路，老夫人腿脚不便，不如与家母一道坐马车同行。想必押送的官差不会为难一个兢兢业业为北魏杀敌无数的暮年将军。最后一句话，沈剑是刻意说给门外的官差听的。老身谢过燕之好意。 直播眼下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此行必不太平。你若与我们同行，只怕危险重重，惊扰了令堂。陆老夫人不愿把她牵连进来。沈健能给陆家说话，他已经很是感激了，岂能再将她拖累？你且先行，咱们到雍州再见。替我向你母亲问得好。沈健想到自己母亲确实不宜掺和进来，若他一个人也就罢了，可携着亲人也要顾念亲人的安危。只是知道陆家人这一路还会像今天这样惊险，心中不免有几分沉重。他素来聪明。 只稍稍一想，便隐约猜到了一些。他拜别陆老夫人和陆家诸人，携小童出了大堂。小童回头看了一眼，见到满地的浮尸，忍不住道：“大人，难道咱们只能眼睁睁看着陆家遭遇不测吗？”陆家满门忠烈是值得世人敬仰的存在，光一想到有人要对他们赶尽杀绝，将陆家仅存的希望也斩于刀下，严叔就觉难受。沈坚淡淡一笑：“怎会？我们只是不能与之同行罢了。若是碰巧遇上路见不平，别人也不能说什么。” 明镜山庄少庄主如今在清河县，他身边善武者众，待我修书一封给他送去，邀他同行。严叔挠了挠头，憨憨地问：“可是大人，云县少主不是不掺和朝廷的事情吗？他会来？投其所好便是。投其所好。”严叔眼前一亮，云县少主好情，而他家大人最擅长的便是酌情之术，如果以此为引，邀他必来。太好了！严叔平复心头激动，又想起刚刚的惊险一幕，便道：“大人。” 刚刚那位姑娘也厉害，我还从没见过这么能打的女子。她也是将军府的人吗？怎地从未见过她？如果不是她把飞向大人的刀掷落，大人脑袋都要开花了。他家大人可没习武。沈健往停放在后院的马车缓步走去。日前陆少将军刚刚大婚，想必她便是新进门的陆少夫人。宋大小姐。沈健顿了顿，不是宋二小姐。马车车帘微微掀开，两鬓苍苍、衣着朴素的妇人探出头来。两人止住话头，加快了脚步。<laughs> 阿健、啊，可是见过陆老夫人了？妇人一脸病容，明明是跟陆大夫人差不多的年纪，却已生了不少白发。娘，你怎地出来吹风了？沈健连忙上了马车，拉上了车帘，看着妇人病气渐重，他宽声道：“老夫人安好。”他约定好了与我们雍州相见，这里离清河县不远了，咱们去访了医术高明的苏大夫再出发。嗨嗨，我这病看了多少大夫都不见好，为娘已经接受现实了，不必再为此事费心周折，总是吃药，娘苦你也苦。 沈健听不得他这般丧气的话，其他事情都可以听娘的，但这件事情娘得听我的。孟氏自知儿子犯起倔来劝不动，只能无奈叹气：“好好好，听你的。”沈健用车上的炉子给孟氏温了药，又让严叔将马车上备的吃食点心给陆家送了些，这才吩咐车夫赶路。另一边，官差跟驿站的人已经将大堂里的尸体清理干净了，那些倒地的尸体全都是被一剑封喉的。吴达心中惊骇，已然不能再用寻常的目光去看待宋明渊了。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差役，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这样武力值惊人的人，他是万万不敢得罪的。吴达收起之前的轻视，对陆家多了几分尊重。就连奕成也挤着笑脸，将之前从陆家人手里收的二十多两银子还回了一大半。他擦了擦头上的冷汗，扑通一声给陆老夫人跪了下来，颤巍巍的请罪：“老夫人，将才我等也是被逼迫的，咱们小人物一个，要是不按照他们说的做，驿站所有人都难以死，还请老夫人饶恕则个。”奕成当真是怕极了。 甚至觉得脖子凉飕飕的，特别是在宋明渊目光扫视过来的时候。给咱们安排一顿好的饭食，我们要你后院那辆拉货的驴车，还有后厨的食材，另外给我们准备几床被子。陆老夫人并不打算追究易成的责任，易成未卑却也是官，杀了他还要引陆家人罪加一等，犯不着，倒不如趁火打上一劫，谅他也不敢不应。陆老夫人心里算盘拨得叮当响，一个易成的小命能换下这些东西，让自家人接下来的路程过得舒坦一些，值了。易成哪敢说个不字。 能以这些东西换自己平安，已经是要烧高香了。毕竟他刚刚的所作所为，甚至算得上是那些黑衣人的同谋。他谢过陆老夫人，一点都不敢耽搁，便下去准备了。陆老夫人这才拉过宋明渊的手，将他从头到尾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见他只是后袄子划了几道浅浅的口子，并没有伤到皮肉，这才放心。他看了两眼周围，凝眉悄悄问：“渊渊，你老实告诉奶奶，仙人造了杀孽，会不会折损仙缘？损仙缘的话，他下次就是拿着拐杖上阵。” 也不让渊渊动手了。宋明渊意识到这一问话是关着自己往后的幸福生活，立马连连摇头：“不损不损，打坏人有功德，还能增长寿命和仙术。”“真的？你可别糊弄奶奶。”陆老夫人将信将疑，小声嘀咕。宋明渊前所未有的认真：“真，您看我刚刚是不是越打越灵活，越打越强？这就是因为我打他们长了功德，功德增进了我的武力，所以这种事情多多益善。”第三十九章：凭实力吃饭。 功德什么的都是宋明渊信口胡诌的，但越打越强却是真的。这具身体之于他，就像一把亟待开发的宝剑，只有越用才会与他越契合。如果说之前宋明渊只能发挥出自己以前十分之一的实力，那么现在起码达到了三成。当然，在灵力方面还是有待长进的。知道打打杀杀不会折损仙缘，陆老夫人也就放心多了。渊渊想打就打吧，他开心就好。希望对方多来两批，让渊渊练,练练手，多刷刷功德。如果能让渊渊功德加深， 也是好事一件。这样一想，陆老夫人便觉得狗皇帝也不是那么面目可憎了。反正亏的怎么都不是他们。驿站很快就备上了好饭好菜。见识过宋明渊凭一己之力对抗三十个黑衣人，还反杀了对方十七个，一成已经不能再老实了，几乎对陆家人有求必应。他兢兢业,业业，只想伺候好他们，让他们吃完之后赶紧启程，好趁早送走这么个煞星。宋明渊一行人吃饭的时候，陆二老爷队伍里的人还晕着。一成擦了擦头上的汗，一时间有些踌躇。 不知道应该叫醒他们，好饭好菜伺候着，还是放任他们继续躺着？他也不敢问。还是吴达看出了他的顾虑，扫了昏迷的人一眼，说道：“不用管他们，该怎么收银子还怎么收。”这话一出，易成就知道面对陆二老爷这些人时应该拿什么态度了。他看向陆家族人的眼神带着丝丝怜悯。有大腿都不懂得抱，那么多条路里，偏偏选择了将人得罪的最彻底的一条。看吧，陆家人吃肉，他们连口汤都喝不上，也是够可怜的。 知道陆家人不会管他们，一成便也不对他们客气，直接让人拿水把人泼醒。想吃热饭热菜就赶紧的，二十两银子一桌，不吃就到后面的马棚里去，别待在这里影响别人吃。被泼醒的人还懵着，根本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听到一成说不吃就要把他们赶去马棚，脑筋还没转过来，就先喊道：“吃吃吃！”他们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怎么不吃？二十两一桌，七八个人凑凑也不是凑不出来，先填饱肚子再说。刘氏从地上爬起。 一眼就看到空了的桌子，瞬间警醒。我们的药跟姜汤呢？你们刚刚是不是往我们姜汤里下药了？刘氏这么一说，其他人也反应过来，纷纷对易成怒目而视。好啊，你们这黑心的驿站，竟敢下药害我们！我们是流放犯，不是死刑犯。你们坑钱也就罢了，这是要谋我们的命啊！不行，必须报官。对对对，报官！只要陆家人不给他们撑腰，易成是一点都不虚的。面对众人高涨的怒火，他轻蔑地笑了笑。我要是想谋你们的命？ 你们还能完完整整站在这里吗？刚刚不过是误把装老鼠药的锅用来煮姜汤了，吃不死你们，要报官尽管去报，看看是我故意谋害性命，还是你们虚报冤情。老鼠药，刘氏一阵反胃，抠着嗓子眼就冲出去吐了。哦，丧天良的东西，竟然敢用装老鼠药的锅给他们煮吃的！吐了好一阵，刘氏指着围在桌边吃饭的宋明渊等人，愤愤不平道：“那他们怎么没事？”食物诱人的香气让他嘴里止不住的分泌唾液。 连肚子都发出了雷鸣般的响声。一成不耐烦，他们没喝姜汤，当然没事。姜汤跟药我会重新补给你们的。谁要吃饭，赶紧报上名来，我可没有多余的时间跟你们在这里瞎耗。众人看着宋明渊一行人丰盛的饭食，就没有不眼馋的。卤猪蹄、花生米、烧鸭、白菜煮粉条、瘦肉炒冬笋、排骨炖萝卜，满满一大桌，光是看着就要咽口水了，更别说他们还吃得津津有味。陆二老爷抬起下巴，像是一个土财主，区区二十两银子。 他们能吃，我们自然也能吃。难道他还会过得比他们差？陆二老爷开了口，陆陆续续又有人报名了，八人一桌，他们一共订了九桌。剩下一部分人都是没钱的，或是舍不得花钱的，他们只能在外面用刚买来的锅支起架子，烧水泡干粮吃。宋明渊两桌人吃饱擦嘴的时候，他们那边的饭菜才刚刚送上来。第一道水煮白菜，第二道白面馒头，第三道小葱炖萝卜。别说是肉了，油花都不见一个。 跟他们这边的大鱼大肉简直没法比，刘氏傻眼了、啊，你们就给我们吃这个？陆二老爷脸色隐隐发黑，他们为什么能吃得这么好？显然宋明渊这边得到好的待遇，又戳到陆二老爷的痛处了。他不甘心自己处处落了下乘，看着陆老夫人一众人自请除足之后过得这么好，比杀了他都难受。这岂不是说明他们就是废物累赘？没了他们，陆家人只会过得更好。陆二老爷当然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没等一成说话，宋明渊就笑意盈盈说道。 我们凭实力吃上的饭，有本事你也凭实力吃啊！你们当了这么久的陆家族人，该不会还是个什么用都没有的废物吧？啧啧，我都替你们觉得丢人。陆二老爷队伍里的族中青壮子弟，少说也有十来二十个，但凡他们之中有几个顶事的，都不至于过得这么差。以前陆家大房养着他们，他们就理所当然的受着，不思进取，贪得无厌，什么都让大房出头，最后还反咬一口，说他们废物都是好听的。陆思宁打了个饱嗝，擦了擦满嘴的油光，眨巴着眼睛，人畜无害的问。 嫂嫂，他们为什么不吃肉呢？是因为肉不好吃吗？宋明渊的话给陆二老爷扎刀，陆思宁的话就是绝对完美的补刀。陆二老爷涨红一张老脸，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像是被人狠狠甩了两个耳光。欺人太甚，简直欺人太甚！你们最好别有求到我们的时候。陆老夫人冷哼：“如果真有那么废物的一天，我们会提前自我了断的。”第四十章，十个镣铐也靠不住他。陆二老爷连口头便宜都占不到。 气得胸口起伏，憋屈的涨紫了脸色。就在这时，对他们不屑一瞥的易成舔着脸，点头哈腰，毕恭毕敬朝陆家人道：“老夫人，诸位，你们要的驴车我已经差人牵出来了，一应货物也都被齐全。要不要出去检查检查？要是有什么遗漏的跟缺的，您现在就说，我立马让人给你们准备。”这前后不一的狗腿模样，看着众人一愣一愣的。他们晕过去的一会儿功夫，陆家的连一成都收买了。陆老夫人也不去看他们复杂的眼色，朝易成点了点头，领着一家大小。 迈步往外面走，路过邓良时，宋明渊朝他伸出了挣断手镣的双手，要不要再铐一个？邓良，陆培峰朝他伸去了手钥匙。邓良看向陆培峰，他冷若冰霜，一双鹰隼般的眼眸尽是漠然，似乎根本不担心他会拒绝。邓良最终还是的钥匙交到了陆培峰手上。钥匙有十多把，陆培峰接过之后，拉过宋明渊的手，一一试着，试到第三把的时候，就将他手上的镣铐解开了。宋明渊正要接过他手里的钥匙解脚镣。 却见他屈膝半跪在他面前，干燥的手拿着镣铐，认真细致地开启了锁。那双手修长匀称，虎口处冻裂开了细小的口子，微微用力，手背上便显露出浅浅的筋骨。这次比开手镣还要快上一些，试到第二把便打开了。陆培峰将钥匙扔回去给邓良，拉着他跟上了陆老夫人的脚步。你怎么能私自给钥匙？他们把镣铐打开，他们要是跑了怎么办？吴达皱起眉头，对邓良不经商量就决定的行为很是不满。若是流放犯人中途逃跑， 他们这些押送的官差可是要受重罚的，一个镣铐根本限制不住他们，而且他们要是想逃，凭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阻止。邓良看向吴达，眸色平静。刚才逃跑的那十三个黑衣人都被杀了。吴达心中一咯噔，后背瞬间惊起一阵冷汗。看见他面色发白，邓良继续道：“从我们离开京城起，就有人在后面跟着。能领三千骑卫将匈奴王庭打穿的人，你觉得他会没有自保的势力和能力？他要是想逃跑，我们早被杀完了。” 刚刚他并没有给自己和陆老夫人他们解镣铐，就说明他们目前没有想逃跑的意愿。再者，以宋二小姐的能力，十个镣铐也铐不住她，戴与不戴没什么区别。吴达坐立难安，那等到他们想逃跑的时候，我们岂不是？邓良握着刀柄，将视线转向门口。他们不会逃跑，如果逃跑，皇上就能名正言顺地下通缉令，全境追杀。不会有人想终日过着躲躲藏藏的生活。况且，陆家累世留下来的功名也不允许他们跑。 他们只要还想沉冤昭雪，就不能做这样的事。可以说，陆家一逃，等同于给了上位污名化、抹黑他们，以及光明正大绞杀他们的机会。若是不能在上位者倾尽全力的追杀中存活下来，那么陆家将会永远背负通敌叛国的骂名。吴达问道：“你觉得陆家人是被冤枉的？”邓良沉默了。他不仅觉得陆家是被冤枉的，他还觉得今天的这些黑衣人是顺安帝派来的，甚至是此行他们这些押送的官差大概率会没命。吴达只当他默认了。 瞪了他一眼，训斥道：“你小子嫌自己命太长了是不是？真是什么话都敢说！这话在我面前说说也就算了，要是传出去，你有几个脑袋都不好使。”知道陆家人不会逃跑，吴达到底安心了不少。反正只要他们不逃跑，其余一切都好说。一成让人将驴车停在了驿站门口，那驴被他们养得油光水滑的，拖着一辆结实的板车。此刻，板车上已经放了好几床捆扎起来的棉被，另有两袋粮食和两个箩筐装的食材。 油盐酱醋这些陆老夫人没有特别吩咐准备的调料都装袋上了，连喂驴的饲料都有。驴车的车轮更是套上了防滑的锁链。不得不说，议程除了黑心一些，办事还是靠谱的。宋明渊没有对这不是特别富裕的驿站有想法。他们现在在流放，如果把驿站搬空，不是明晃晃告诉狗皇帝偷了他皇宫的贼就在流放队伍里吗？依照狗皇帝的尿性，指不定要给陆家冠上同谋的罪名，到时候就不是流放这么简单了。宋明渊不知道的是。 他放弃搬空驿站的行为，让他们的队伍成功规避掉了一次暴露的风险。一行人是在午时启程的，鹅毛般纷飞的大雪已经停下来了。陆老夫人赶着驴车，她年轻时连战车都赶过，赶个驴车简直是小菜一碟。陆思宁几个年纪小的孩子都坐在了驴车上，陆培峰要装病也被推去跟弟弟妹妹们挤在了一起，不用背小孩，也不用拿东西，对于几位夫人而言，很是轻松了不少。甚至在驴车行的艰难时，还能帮忙推上一推。相比之而言。 陆二老爷的队伍就难过的多了，虽然穿上了棉衣，但他们每个人买的东西都不少，臃肿的棉衣加身，大包小包的背着在雪地里前行，简直要了老命。众人看着一辆驴车解决所有事情的陆家人，心里五味杂陈。他们没有东西吃的时候，陆家大鱼大肉；他们有东西吃的时候，陆家人开始坐上了驴车，似乎怎么赶都赶不上人家好。已经有人开始埋怨起陆二老爷之前为什么做事做得这么绝，没留一分情面了。要不然他们搭上陆家，肯定过得比现在好。 不过，纵然心里千般不是滋味，众人也只敢想想，让他们去挑衅陆二老爷的威严却是不敢的。流放队伍一离开驿站的小卒，就给京城快马加鞭传了信。信件传到京城，已经是一个时辰之后了。看到自己派去的人全军覆没，顺安帝脸色阴郁，一张信纸都被他青筋暴露的手给攥成了一团。他语气森寒，目光宛如刀尖：“你说，陆燕青娶过门的夫人，凭一己之力杀了朕十七个影卫，第四十一坛崩了没？三十个影卫。” 竟有半数折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女人手里，而且派出去的人连陆家人的衣角都没摸到。连日来的不利让顺安帝心火渐旺，挥手就将纸团子砸在了地上，声音带着沉沉的怒意：“陆彦清的夫人是谁来着？”回皇上的话，帝信的人小心翼翼道：“陆少夫人出身大富府，是在宋夫人许氏名下的二小姐。”顺安帝怒拍玉案：“宋潘山养的好女儿，前两日早朝之时口无遮拦，乌鸦嘴说皇宫被盗，养的女儿还坏他好事。” 他这太傅之位，怕是坐得太久了。顺安帝强忍怒意，再去盯紧陆家，但凡发现他们想要逃跑，即刻来禀。另外，再重新调派人手在路上设伏。朕不希望看到陆家人平安抵达雍州，只有趁早将陆家斩草除根，才能避免夜长梦多。要不然，他做那么多全白费了。陆家人必须死！顺安帝阴沉着脸，陆燕青身边的爪牙都尽早除了，他的势力恐怕不小，已经发现，宁可错杀，也绝不能放过。 若是让他们平安抵达流放之地，以陆燕卿此人的能耐，必将成为朕之心头大患。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将他处死。这人去明山书院将陆培川控制住，只要有陆培川在手里，不怕他不束手就擒。是皇上，待人领命离开。顺安帝召来心腹太监，传朕旨意：宋太傅既然身体抱恙，连朝都上不了，当时病得严重了，让他在家好好休养半年，手里头的事务交由少傅暂管。另外，宣进军统领与左辅都尉觐见。 宋明渊并不知道自己小小的一个行为，从侧面打击到了渣爹。比起宫中的风起云涌，陆家这一小队可以说得上安逸了。有了驴车，谁走的累了都能坐上去歇一歇，吃点东西，喝点水，补充补充体力。再有驴车行进速度比背着东西的陆二老爷他们快多了。每走上一段路，就要停下来等一等。冷了还能把被子翻出来盖上，用小炉熬点姜汤驱驱寒。他们不像是流放，倒像是携家带口出来长途旅行的。虽然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有些不厚道。 但是看着陆二老爷一行人累死累活的样子，这种惬意舒适简直成倍增长。宋明渊利用空间，把盖着不松软的棉被内里全换成了新的、更厚实的新棉套上就被套，从外面也看不出来。被子裹上，人手往里塞一个暖炉，别提多暖和了。大哥，陆思宁小姑娘从被子里探出脑袋，即便是冰天雪地、吹着寒风，她的小脸也是红扑扑的。听到陆思宁叫唤，闭目养神的陆培峰睁开眼睛，侧过头淡淡看他，何事？ 见他将奋力伸出小短手去掀开头上蒙的被子，他伸出手帮他往下扯了扯。陆思宁一脸期待地看着他：“大哥，我突然想起来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问你。”陆培峰薄唇轻启，简短地吐出一个字：“问。”他没有看陆思宁，只收回了手，复又合上了眸子。他的冷淡没有打消陆思宁的热情，反而想到接下来要问的事情，黑圆的眼眸越发灼亮：“大哥，你那天跟嫂嫂谈的怎么样了？”陆培峰睁眼看他，嫂嫂说：“要是跟你谈不拢。” 她就嫁给我们，让我们当她的夫君。陆思宁小脸都在发光，所以你到底跟嫂嫂谈崩了没？陆培峰面无表情的看了陆思宁两秒，然后直接伸手扯过被子兜头把她盖住，来了个眼不见为净。陆思宁吭哧吭哧想要往外钻，他却把被角按严实了。大哥，我被绑住了，你快点帮帮宁宁！没听到动静，陆思宁又叫三哥、四哥、五哥救命啊！宁宁找不到出路了，这个被子怎么都没有破绽的？ 三兄弟看了裹在被子里像是毛毛虫一样扭动挣扎的妹妹一眼，对上大哥清冷的黑眸，悚然一惊，齐刷刷扭回了头。挣扎的气喘吁吁的小姑娘半天都没挣破牢笼，总算察觉出了问题，气得小拳头都捏紧了。大哥，你快放宁宁出来，要不然我告诉奶奶你欺负我。没动静，大哥，你要是再不放开宁宁，我可喊大伯娘了。没动静，嫂嫂<扫>，立竿见影，效果显著，将她裹得严实的被子嗖的一下就散开了。 得以重见天日的陆思宁，顶着炸开的头发，嗷的一下就朝坐得笔直的陆培峰扑了过去。宁宁跟你拼了，大坏蛋！听到陆思宁喊声的宋明渊一回头，看到的便是气呼呼的小姑娘拽着陆培峰的头发扯。他在制止小姑娘还是可怜陆培峰之间，他选择了视而不见。陆思宁雄赳赳气昂昂的给自己报了仇，看到大哥比他还要乱的头发，叉着腰仰头鹅鹅鹅笑了起来。再敢欺负宁宁，我就让嫂嫂揍你！ 其余人看着这一幕，也是忍俊不禁。陆家人的欢乐让朱氏看得尤为扎眼，心里恨不能把这一张张笑脸给摧毁了。他儿子被活活打死，曝尸荒野，连入土为安都不能做到，他们怎么还能笑得出来？知道他们为什么过得这么好吗？陆二老爷被突然出现在他身边的朱氏吓了一跳，恼怒正待发作，听到他这句话，怒火中歇，迟疑问：“为什么？”这一直是陆二老爷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明明同是流放犯，他们凭什么过得这么好？ 当然是因为他们懂得如何讨好官差啊！朱氏敛去眸中的阴郁，冷笑。从一开始，他们就又是送吃又是送喝的给官爷，大事小事都会花银子打点，自然在官差面前得脸。你要是在这方面多费一下心思，未必就过得比他们差。陆二老爷满眼警惕，你有这么好心提醒我？自打昨晚陆培盛死后，他就开始看不懂这个女人了。明明儿子才刚死不久，他转头就能曲意逢迎，傍上官差，甚至一分钱不花住进了山洞。 更甚至是今天还穿上了棉衣，吃上了饭。听到洛二老爷的话，朱氏心头讥诮，面上却是露出了一丝被曲解的委屈。伯公这说话的，我能依靠的儿子都去了，如今唯一能仰仗的就是你们这些族人，当然得盼着你们好。我只是看不惯大房那些人得意，他恨声说道：“都是同宗同族的，我儿那日再怎么说，伯公爷都少少尽到了心意，可他们却眼睁睁看着我儿挨打，我怎能咽得下这口气？如今我孤苦无依，只希望伯公爷看在今天提点的份上。” 日后能让同族多照顾几分。第四十二章，不是他的小姐，朱氏一副对陆家人恨之入骨的样子，让陆二老爷打消了怀疑。如果没有人帮衬，他一个女人确实难以在流芳路上存活下去。他不想死，向他们投诚也说得过去。不过总归是做了亏心事，怕朱氏怀恨在心，伺机报复。陆二老爷还是不能完全对他放下戒心。你真是这么想的？当然，我虽然傍上了全勇，但始终不是长久之计。现在我在他那里还算说得上话。 久了可就未必了，我总要为自己打算一下的。全勇是除了吴达和邓良之外，在官差队队里颇有话语权的。陆二老爷知道朱氏傍上了官差，但并不知道具体是哪一个。此刻一听到他说是全勇，心里头便活泛起来。如果朱氏真的能在全勇那里说得上话，对他来说也不是一点价值都没有。伯公也不是那种迂腐的人，你为了自己的生计迫于无奈对那全勇献媚讨好，我也能理解。之前我们也不是真的见死不救，只不过现在谁都不容易。 你也见到了，咱们都靠着手里头的银钱活命，就得了阿胜。改天要真有什么万一，谁又能救得了自己？你也别怪同族们心狠，谁都不想看着自己的族亲死去，都是被逼无奈啊。陆二老爷说的情真意切，不知道的还以为拿出半两银子能要了他的命，实则朱氏心里对陆二老爷的恨意比对陆家人强烈的多。说什么但凡身上有一两银子，不用他求他都会拿出来救阿胜，惺惺作态，假模假样，让人恨不能扒了他虚伪的皮。不过眼下不是跟他们撕破脸的时候。 哪怕是心里恨极，朱氏却不得不挤出一丝笑来，说道：“这些我都能理解，也没有要怨怪大家的意思。你们能拿出钱来，我已经很感激了。怪只怪我的阿胜没有这样的福气。你能这么想就好。阿胜已经走了，你也要往前看，节哀。”陆二老爷敷衍的安慰了两句，便开始琢磨着怎么讨好官差了。如果这一路上能得到官差的庇护，陆家那些个老弱妇孺又算得了什么？有了朱氏的提醒，陆二老爷也算是开了窍。实在累得走不动了，便花点银子让队伍停下来歇一歇。 队伍停下来，陆家人也不好脱离队伍自个走，只能跟着停了下来。宋明渊取了空间里以往收集到的灵露，用水稀释过后装进水囊里，喝了一口，确认过里面蕴含的能量在人体承受范围之内，才给大家递出去喝点。陆思宁双手接过水囊，咕噜咕噜喝了两口，瞪大了眼睛：“咦，嫂嫂，这水怎么是甜的？我在里面放了糖，喜欢就多喝两口，没了再调。”宋明渊将另外一个装好灵露水的水囊递了出去，陆老夫人接过。 没有碰到壶嘴，仰头喝了一口清甜的水入喉，一尝就知道这不是糖水了。哪有糖水喝下去能让人神清气爽，连膝盖的疼痛都能缓解的？这效果比他以前吃的药还灵，必定是渊渊拿出来的仙物，顶顶好的东西。陆老夫人将水囊递给了儿媳，轮到杏儿时，她微微睁大了眼睛，显然也意识到了喝的水不同寻常。想到小姐在驿站时显露出来的惊人身手，她心中沉默了一瞬，可以确定眼前的是她的小姐，又不是她的小姐。 他的小姐很有可能已经没了。杏儿眼圈微微发红，鼻子也开始跟着发酸，豆大的眼泪啪嗒啪嗒掉了下来，可把众人吓了一大跳。杏儿，你这是怎的了？我奴婢。杏儿看了宋明渊一眼，眼泪掉得越快了，她忍不住呜呜呜,呜。宋明渊叹了口气，把她拉起来，朝担忧的众人道：“我有些话和他说，很快回来。”他知道杏儿很快就会察觉到的，毕竟他从未想过隐藏。宋明渊把杏儿带到了路边的林子。 找了块远离队伍的地，才松开信儿。你有什么想说的就说吧。杏儿眼眶红红，我小姐，你小姐在花轿抬到将军府之前就已经香消玉殒了。她是被打晕了送上轿的，只不过下手的人不知轻重，所以很遗憾，占用这具身体并非我的本意。所以那只鬼其实是……那你之前也是？那个字有点难以说出口，不过宋明渊却明白他想要说什么，毫不避讳道：“是死了。”杏儿又想哭了。为什么好的人总是不偿命呢？小姐是。 成为他小姐的鬼鬼也是，他一边抽抽噎噎的掉眼泪，一边泪眼朦胧看着宋明渊，哽咽地安慰着：“你别难过，虽然你死了，但是现在又活了。小姐如果知道自己死后还能挽救一个人的性命，她也一定会很开心的。小姐很好，很善良，你也是。”谢儿知道宋明渊那么厉害，到哪里都能过得很好，完全可以不用管他的死活，带上他这个什么用都没有的拖累。可他没有这样做，他真的有为小姐考虑，所以救出他，带上他。宋明渊不难过。 但是看着信儿，听到他死了，比他这个死的人还要难过，有些无奈。你怎么知道他会开心？万一他不开心呢？换位思考，如果他死后有个人占用了他的身体，他虽然做不到敌视，却也实在开心不起来。信儿脸上挂着泪，却很认真的说道：“别人我不敢肯定，但如果是你的话，小姐一定会的。因为从来没有人为他做过什么，也从来没有人为他着想过。除了信儿，小姐她其实一无所有。她已经很努力在活着了。如果小姐有在天之灵，一定也很想看到。” 有人为他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来。宋明渊沉默了好久，才看着杏儿说了一句：“谢谢，你不用觉得有负担，做你想做的事情就好。”哭过一场，杏儿的心情好了许多。他有些踌躇的问：“我还可以继续留在你身边吗？”话都已经说开了，按理说他不应该留下，可他也想看看，看着他冲破四四方方的牢笼，摆脱宋二小姐命运的桎梏，活出精彩，就当是小姐也活了一遍似的。第四十三章：馋哭隔壁小孩。看出了杏儿的拘谨和小心翼翼。 宋明渊莞尔一笑，当然，只要你愿意，以后便不用以奴婢自称了。相识一场，也算是缘分。如果不是这一场穿越，他跟他们永远都不会有交集。他死了便死了，不会遇到陆家，更不会有幸被人这样珍重的对待。好，两人一前一后回到队伍里，大家都没有多问什么。有时候不过多询问别人的隐私，也是对人的一种尊重。杏儿姐姐，来看宁宁给你表演翻跟斗。你那不是跟斗，我翻的才是跟斗。四哥，你走开，你挡到宁宁了。 杏儿一下就笑开了。陆培峰坐在板车上，见到杏儿红肿的眼睛，略一思索就明白过来是因为什么事了。他下意识朝宋明渊看了过去，就见他挨着车员，兴致缺缺，明显神思不属的模样。好看的剑眉皱了皱：“你很好，不用成为别人。”宋明渊只是在想事情，想得有些出神，因为调戏陆培峰的习惯，下意识就脱口而出：“成为别人？什么人？你的妻子？”陆培峰闭了嘴。宋明渊这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讪讪咳了声。 我当然不会成为别人了，罪过。他怎么把调戏他当成习惯？他不说还好，一说陆培峰脸就黑了。他就这么不想。陆培峰扯了扯嘴角，我刚才说了什么？他面容俊美冷沉，哪怕现下脸色苍白，也不损身上千军万马中淬炼出来的破人气息。被他这样直勾勾看着，宋明渊略有点心虚。不用成为别人。上一句，宋明渊迟疑，我很好。呵。 队伍又走了将近一个半时辰的路程，才在距清河县十里外的驿站落脚。看到驿站的时候，流放队伍里的人撑着两条酸软的、像是面条一样的腿，再也坚持不住了，一屁股坐倒在地上，半晌都没能站起来。流放队伍一天最少要走五十里路，他们今天在驿站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一整个下午被催着赶着走了足足三十里。锦衣玉食、娇生惯养的众人什么时候受过这种苦？连着走了两日，他们连死的心都有了。赶紧起来，今天晚上歇在驿站。 都给我从后门进去！天已经完全黑了，官差们手拿着火把，扬着鞭子驱赶。不得已，陆二老爷一行人只能强撑着打哆嗦的两条脚继续走。赶着驴车的陆家人已经提前到了驿站后门，陆老夫人将驴车赶进了院子拴住，一家人开始把车上的东西往下卸。后院里还停了几辆马车，估摸着是为朝廷奔命的官员的马车都停放在棚子里，由专人看着，并不给流放队伍的人靠近。吴达收了鞭子，例行警告道：“晚上吃的你们自行解决。” 驿站里只有大通铺，想住的二两银子一个床位，不允许到前面去。若被发现谁不经允许擅自离开，跑到前头惊扰在此住宿的官员，犯者十鞭，直系连坐五鞭，逃犯直接打死。扔下这番话，吴达留了几个官差看守，便与其余官差到驿站前堂吃饭喝酒，好好痛快了。后院两边一排过去都是大通铺，一间能住十二个人，里面空间狭小，环境简陋，睡觉的地方是一个积了灰的土炕。 唯一一张矮脚桌上放了一个水盆和一个烧黑的、看着脏兮兮的铁壶，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宋明渊挑了一间靠边的，他们十三个人里有四个都是小孩，挤挤刚好够睡。驿站当然也有好一点的房间，只不过以他们如今流放犯人的身份，显然是没有资格入住的。陆老夫人有条不紊给大家派着活儿：老二媳妇，你给我垒灶烧火做饭，咱们今天晚上也要吃点好的，把那几根腊肠和白菜拿来煮了，再煎上几个鸡蛋。奶奶今晚给你们露一手绝活。 有了宋明渊给准备的灵露水囊，陆老夫人赶了半天路，精神矍铄，整个人都不见疲惫的。这会儿说起话来都中气十足，干劲满满。老大媳妇、老三媳妇，你们去支锅烧热水，给娃几个洗洗脸和手。老四、老五媳妇把房间打扫干净喽，晚上睡着也舒服一些。咱们虽然被流放了，但再难的环境，也要在有限的条件里用自己的双手让日子过得敞亮。婶婶们一叠声应着，被陆老夫人话语里的振奋劲儿感染，也跟着面带笑意忙活开了。奶奶。 那我干什么？做饭，宋明渊肯定是不会的。上辈子他把丹药当饭吃，根本不做饭。但是他可以帮其他的忙。陆老夫人朗声一笑：“你们几个呀，等着吃就好了。奶奶给你们烤两只鸡，保准吃了第一回还想要第二回。”宋明渊听着，便把驴车旁边的两箩筐食材搬了过来，里面有白菜、萝卜、冬笋、土豆，还有两只处理好的鸡和一块五花肉。天气冷，这些肉还都是新鲜的。宋明渊默默往里多放了三只处理好的鸡，两只根本不够分。 四只纷纷还能一人吃上两口，反正空间里挺多的，不吃白不吃。他又给拿了一堆地瓜，火还没升起来，就偷偷给摆在了灶边上。陆老夫人看着那多出来的三只鸡和地瓜，眼皮子一抽，渊渊又给他们加餐了。天天大鱼大肉，他们流放完怕不是要长十斤膘。但是对着渊渊乖巧瞅着他的眼神，让他收回去的话却是怎么都说不出口的。孩子馋，孩子想吃，那有什么办法？陆老夫人叹气，笑眯眼，慈祥的哄：“等着呀。” 等饭菜做好了，奶奶用火炭给咱渊渊烤地瓜。宋明渊又默默把调味料摆了出来，箩筐里有的没的都摆了，然后跟几个仔蹲成一排，眼巴巴等吃。当烤鸡的香味、辛辣刺激的香味飘散在院子里的时候，隔壁小孩都馋哭了。呜哇，我要吃肉，我要吃肉，没肉吃我不活了！你现在就去给我烤。呜呜，我不要再等等，我要你现在就去。呜呜，呜呜，你打我干什么？我想吃块肉你都不给，你还打我？你以前从来都不打我的。 你还是我娘吗？你怎么这么狠心？第四十四章，你确定？宋明渊跟几个孩子蹲坐在垫地的木板上，人手一个鸡腿，看着传出嚎叫的那间大通铺，撕咬着烤肉，吃得喷香。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刘氏都开始打儿子了。他们鸡腿才吃一半，热闹也才看一半，陆培昌就砰的一声摔门，扯着嗓子嗷嗷哭着跑了出来。能听得出来，他真的很伤心，伤心到仅仅只是看了这边的烤鸡好几眼。 便哭着蹲到角落里去了。他好怜，咱们给个鸡骨头他吃吧。听到宁宁的话，陆培昌哇的一下哭得更大声了。宁宁吓一哆嗦，鸡骨头都掉到了地上。鸡骨头沾上泥巴的瞬间，震耳欲聋的哭声更添了几分伤心欲绝。你别哭了，我我给你捡起来还不行吗？小姑娘都给他整手足无措了。他真的哭得好大声，呜、嗯！陆培昌已经自闭了，他哭得停不下来。宁宁又道：“鸡屁股给你，你吃不吃？” 我们家都没有人吃鸡屁股的，可以让给你吃。呜、嗯，嗯、他怎么可能吃鸡屁股？他不可能吃鸡屁股。虽然陆培昌哭得很大声，但是宋明渊真的很想笑。他对宁宁说道：“看他哭成这样，肯定是不想吃鸡屁股的。”哦，不吃啊，那就算了，那让他继续哭着吧。宁宁眨,眨了眨眼，略有些疑的将树枝上串的四个鸡屁股收了回来。能给他分出鸡屁股，已经是他对他最大的同情了。然而就在这时，蹲在角落的陆培昌一边哭一边跑。 一边急急道：“我吃，呜，呜，我吃，你别收回去。”宁宁愣了一下：“鸡骨头你要不要？”“我不要鸡骨头，我只要鸡屁股，呜呜。”宁宁把鸡屁股串串递过去，陆培昌接到手里，哭着张嘴咬了一块，浓郁的调料香味跟烤的焦香的油脂在嘴里爆开，滋滋冒油，直接就把陆培昌香迷糊了。好刺，太好刺了！他已经没出息的忘了哭，一串鸡屁股狼吞虎咽吃完，陆培昌抽噎着意犹未尽的问：“还？” 还有吗？他还想吃，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鸡屁股？宁宁挥挥手，没了，你走吧。哦，陆培昌一步三回头，最终还是被赶出来的刘氏拉回了屋里。陆老夫人也没说什么，两口吃的，他还不至于如此吝啬，对着孩子到底硬不下心肠。陆培昌离开后，陆老夫人跟有一手好厨艺的陆二夫人很快就把晚饭做好了：四只烤鸡，一锅鸡蛋炖白菜汤，一碟腊肠炒冬笋，还有一堆香喷喷的烤地瓜。 流放队伍里不允许带刀，切菜做饭用的还是陆培风用坚硬的石片磨了半天才磨出来的石刀。陆老夫人用石刀将烤鸡分了，虽然已经尝过了味，但几个小的还是对奶奶的手艺赞不绝口，彩虹屁都吹上天了。奶奶做的烤鸡，别的地方都没有这个味道，这鸡皮焦黄酥脆，太好吃了。第一，必须第一！我吃完奶奶做的烤鸡，就再也吃不上别人做的烤鸡了。哪怕宋明渊不重口舌之欲，吃到了也难免惊艳。 特别是烤地瓜，又香又甜又软又糯，热气腾腾，焦香扑鼻，让人恨不能把舌头给吞下去。好吃！陆老夫人立时笑得见牙不见眼，颇为骄傲的说道：“这有啥？下次奶奶做叫花鸡，那才是顶顶好吃。当年阿、啊、奶奶可是凭靠着一手好厨艺才把你们爷爷拿捏住的。我只要拿出我的叫花鸡，我说一，他就不敢说二。哇，奶奶也太厉害了！”小崽子们惊叹声一片，目露崇拜。你们要好好学学，以后要是遇到自己喜欢的姑娘， 就猛猛的练厨艺，把他的胃口养刁，这样他就吃不下别家的饭了，只能吃你一家的饭。陆家几位夫人掩唇偷笑，唯独陆培风包着地瓜皮的手顿了顿。一家人欢快热闹的吃完一顿晚饭，将院子收拾好，一应物件搬进房间，便洗手擦脸睡觉了。陆四夫人跟陆五夫人把房间打扫得很干净，炕铺全都用热水打湿的抹布擦过，驴车上的棉被也早早抱进来铺上了，被子一共六张。房门关上后，宋明渊又重新在空间里拿了六张，一床垫的一床盖的。 大通铺中间隔着一个过道，两边都都是铺位，一边有六个，每个铺位都刚刚好容下一个人睡，六张被子铺下去都能铺到墙根。陆老夫人跟陆家几位夫人睡一头，其余的都挤在另一头，两人盖一张被子，挤在一起，哪怕炕不热也十分暖和。杏儿跟宁宁在一边，陆培青三兄弟在另一边，炕铺中间是宋明渊和陆培峰的位置。看到只有一床的被子，宋明渊想想跟陆培峰同处一个被窝的情形，咻的一下。 又从空间里掏了一床，还好他掏空了贪官名下的布装，被子足够多。陆培峰看到他躺下去盖好被子，他才不紧不慢脱去外袍，躺进了被窝。房间里起初还有陆思宁叽叽喳喳的声音，不过很快便安静下来，响起了平缓的呼吸声。大家都陆陆续,续续睡去，宋明渊才忽然想起来，忘了给陆培峰吃药。再吃一次，他身上的伤应该很快就能结痂脱落了。也不知道是不是一家子住大通铺的体验太过新奇，陆培峰没有睡。 宋明渊从空间里拿出一粒益气丹，伸手递给他，指了指自己嘴巴，无声示意他吃。屋子里很黑，窗户开的也不大，微弱的光透进来，只隐隐约约能看到人的轮廓和动作。宋明渊忘记了这个世界没有灵力，不是所有人的夜视能力都如修炼了灵力的他这么强的。陆培峰虽然也有夜视的能力，但并不足以让他看清他手里的药丸，只能看到他黑亮的眼睛和指向自己嘴唇的动作。头一次与一个姑娘如此近距离的躺在一起。 天生还是能乱人心神的宋明渊，这让陆培峰思绪比平时略迟钝了片刻。见他此番模样，他喉结一滚，带着几分迟疑：“确定？”第四十五章，祭出长明灯。宋明渊点头：“吃个药而已，有什么好确定不确定的？他昨天不是都跟他说今天晚上还要再吃一次药吗？还需要确定？”陆培峰眸色微深，见他久久没有行动，他小声催促：“你吃啊！药还没递过去，眼前一片阴影落下。” 柔软的唇瓣顿时印上了一抹温热如诗。宋明渊倏而睁圆了眼睛，脑袋登时卡了壳，什么情况？宋明渊人傻了，见他半晌没有反应，陆培峰迟疑着动作深入了些，含着用力碾了下他因震惊而微张的唇瓣，可以了吗？他退开了些，唇上似乎还停留着令人心悸的柔软，呼吸间俱是清甜的气息。陆培峰黑暗中半隐于发间的耳朵已然红得滴血，连气息都带着不稳。宋明渊猛到头一次说话都带着磕绊，我让你吃药啊！ 他在干嘛？他居然……他摸了摸自己微麻的嘴唇，有瞬间的无语。感情他以为他让他吻他呢？真是个呆子！陆培峰足足愣了三秒，而后是一阵无言的沉默，紧接着缓慢又僵硬的扯过了被子，将看着他欲言又止的宋明渊蒙住，似乎这样就能掩盖住那震耳欲聋的心跳声和血液往脸上冲的羞窘与燥热。宋明渊奋力挣脱了被子，拿看稀有物种的眼神瞅他，似乎想要在他的脸上钉出个洞来。 只把对方看得浑身僵硬，才淡定地将药递过去，传音道：“嗯、吃吧，你还要亲吗？”陆培风机械地拿过药吃下，这句话让他如梦惊醒，略显仓促地背过身去，怕吵到睡着的人。宋明渊将头埋在被子里，才憋住几乎破口而出的笑声：“哈哈，这么纯情，是怎么敢有勇气亲他的？哈哈，笑死他算了。”他忍笑忍的双肩轻轻颤动，这让陆培风十分郁闷又无可奈何，身上的热度好半天才往下退。 听到身后扰人心乱如麻的呼吸声，干脆闭上了眼。好半晌，宋明渊才忍下了笑意。他看了陆培峰一眼，瞧他似乎睡了过去，才轻手轻脚掀开被子下了床。路过陆思宁的铺位时，见小姑娘蹬了被子，给她仔细掖好，才推开门走了出去。他一离开陆培峰就睁开了眼睛，双眼清明，哪里有一丝睡意？他看了门口一眼，迟疑片刻，最终还是决定尊重她的隐私，没有选择跟上。院里一片冷寂，靠近门口的棚子燃了火堆。 几个守夜的官差昏昏欲睡，连宋明渊走出屋子都没察觉。宋明渊看了他们一眼，身姿轻盈如飘雪，一跃跳上了墙头，翻到了驿站外。今天晚上，他要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在驿站后山找了块无人打扰的地，宋明渊利用空间封锁这一方小界域，取出洗髓丹吃下，坐在雪地中运转灵力调息起来。经脉被拓宽的藤翼渐渐蔓延到四肢百骸，坚持了半刻钟后，体内的杂质一点点排出，附着在皮肤表层，凝结成了一层浅浅的黑色污垢。 宋明渊提前屏蔽了嗅觉，等到洗髓丹最后一丝药效吸收完，才挥手放出一个澡盆子，注入热水，跳进去洗干净。刚刚修习灵力，并不完全足以支撑他使用清洁术，也就是说，打从抄家流放开始，他便没痛痛快快的洗过一次澡了。如今洗精伐髓结束，又舒舒服服的洗了个热水澡，全身的皮肤都变得干净通透起来，简直身轻如燕。不仅如此，境界还往上窜了一小节。按照以前的境界等级算，他如今已是出灵境二级的修为了。 但是宋明渊没忘记今天晚上出来这一趟的真正目的，为原来的宋明渊引灵，换上干净的衣服，解除封锁。宋明渊尝试着将琉璃殿灵宝阁里放作装饰用的长明灯取出，许是灵力提升的缘故，很轻易就把灯取了出来。长明灯有引魂的作用，这盏灯是他在爹爹失踪之后寻来的，但是从来没有点燃过。这一次，他拿着原身的旧物焚烧的灰烬化水充当灯油，几乎不费什么功夫就把灯点燃了。双层结构的精巧莲灯散发着幽幽光芒。 火光如豆，忽明忽灭，似乎随时都有可能灭掉。将灯置于雪地中间，宋明渊以皑皑白雪为底，专心致志地用木棍画了个繁琐的引灵阵。法阵一成，中心灵灯明明灭灭的火光都跟着强盛了不少。片刻之后，星星点点的微光从四面八方朝长明灯汇聚而来，像是散开的千百只萤火虫一样，在这寂静的雪夜中，有一种别样的惊心动魄的美丽。很快，微光环绕几圈，便会做七股流光注入长明灯内。 在灯光的上方凝聚成一只扇动翅膀的半透明灵蝶，成了。宋明渊心头一松，这是他第一次引灵成功。这样的办法，他只在他爹还有元身的身上试过。死的时间越短，点燃长明灯引灵成功的几率越大。有长明灯助力，头七天成功率最大。距离他到这里也才四天的时间，也就是说，元身才刚死。在此之前，宋明渊从未想过让元身回归这里。但是今天听到杏儿的一番话，他思考了整整一个下午。 才终于做了这个决定，不过他还是决定问一问对方的意愿。于是轻轻托起灯上的灵蝶，问道：“你还想活着吗？如果不想，我可以送你入轮回。”灵蝶周身萦绕着微光，朦胧又好看。听到宋明渊的话，他扑棱着翅膀飞了两圈，又停在了他的指尖。宋明渊不解其意，便道：“你想的话就扇一下翅膀，不想的话就扇两下。”灵蝶在他的注视下，最终轻轻扇动了一下翅膀。想活着，那便是还有什么没有完成的遗憾。 那你得跟着我。你现在只有一魂三魄，离开了我，你是存活不下去的。林蝶又轻轻颤动了一下翅膀。宋明渊眨了眨,眨眼，但是我有个条件，你得叫你以前在乡下时候的名字。记忆中，他以前是叫宋玉言的，后来回到京城，入了太傅府才改的名字。林蝶又扇动了一下翅膀，似乎只会这一个动作一样。宋明渊迟疑，难道是魂魄不全？他其实并没有自主意识。宋明渊有点不确定，尝试着叫了一声“大花”。 第四十六章，没银子拿驴车来抵。大花是宋玉言在乡下的小名，这名字一出，无疑是威力巨大的。林蝶飞速震了两下翅膀，绕在宋明渊身边飞了起来，十分急切的样子，全身上下都透露着抗拒。宋明渊笑了起来，没有再戏弄他。好吧，不叫大花，那我以后叫你阿言。林蝶这才又落回他的指尖上，似乎有些羞怯，动了动触角。那你先跟着我，等我找回你所有魂魄之后，再让你复活。 他空间里有许多让人引魂复生的天才地宝，长明灯只是其中之一。爹爹离开的三年里，他拼命学习各种让人复活的法子，到处搜寻能让人重获新生的东西，然而一次都没有用上过。因为千万次的尝试，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他能引回别人的魂魄，却始终引不回他所念之人的魂魄。想到这里，宋明渊嘴角的笑容淡了几分，心头稚闷起来，一双明眸都失了片刻光彩。灵蝶感受到他的悲伤，又焦急乱窜飞了起来。 浮现在身边的微光都跟着乱成一团，很快他就飞回了宋明渊手心，蔫了吧唧的停着，啪的一下将漂亮的翅膀折断了一截，还拿脚踹了踹宋明渊。这安慰人的方式有点吓人。用灵力把翅膀接上，宋明渊无奈道：“别闹，好不容易凝结出来的，等会散了怎么办？你是要进空间里，还是待在外面？”将地上亮着的长明灯收进琉璃殿，妥善安置。宋明渊问他，灵蝶扇了两下翅膀，不等宋明渊想。 怎么安置他？他的虚影便坠在了乌黑的发丝上，收敛了通身光芒，变得与普通事物一般无二。宋明渊伸手抚摸了一下别在耳朵上方的蝴蝶，含笑道：“成吧，待在外面，你只能在我身边三丈以内的范围活动，知道了吗？”灵蝶光芒乍泄，震了下翅膀，将雪地上画的繁琐图形销毁。宋明渊带着灵蝶回了驿站。第二天一大早，宋明渊是在刘氏的哭嚎声跟陆二老爷的叫骂声醒过来的。我孙子昨天晚上就是吃了你们给的鸡屁股，才变成这样的。 你还想抵赖？他昨天一整晚都不得安生，又是吐又是泻。你个黑心肝的老娘们，竟然将那等不干不净的东西给裴昌吃，你这是要害了他啊！你还是个人吗？他推门出去，就看到陆二老爷子指着陆老夫人，激动的脸红脖子粗，破口大骂。他深陷的眼睛怒气冲冲，黝黑干瘦的脸上尽是愤慨，手指都快怼到陆老夫人脸上了。他一个孩子哪里招你恨了啊,啊？你竟这般对他！看看我可怜的孙子都被你害成什么样子了！ 他昨天吃过药材，刚刚好一点，现在可好，连人都醒不过来了。要是有个什么万一，你赔得起吗？这事你们得负责。陆老夫人弯腰将鸡蛋下了锅，擦干净手上的水渍，冷冷看着口沫横飞的陆二老爷：“你想怎样？”陆思宁也被吵起来了，看到院子里的情形，小脸上露出了几分内疚。他拉住宋明渊的袖子，扬起脑袋，澄澈明净的眼睛里全是忐忑。嫂嫂，宁宁是不是给咱们家惹麻烦了？早知道他就不给鸡屁股陆赔偿吃了。 他不应该可怜同情他的，不关宁宁的事。宋明渊摸了摸他的头，别担心，有嫂嫂在，会解决一切的。陆二老爷怒意沉沉，我想怎样？你们把我孙子害成这个样子了，不得赔钱？他都烧得说胡话了，也不知道会不会烧傻。日后要是落下什么病根，那可是一辈子的事。好不容易抓到了陆家人的小辫子，陆二老爷怎么可能善罢甘休？你们得赔一千两，没有银子就拿驴车来抵。流放路上一辆驴车可比银子有价值多了。 他们要是拿不出银子，就只能给驴车一千两，是吧？好，一千两。陆老夫人怒极反笑，抄起木棍就朝陆二老爷打了过去。我先打断你的腿，再赔这一千两。你还真是大清早的吃了屎了，满嘴放屁！怎么不说我们给你孙子吃的是毒药？几个鸡屁股还能把他给吃成这样？明天是不是得喝鲜露吃鲜米才能养活？陆二老爷躲避不及，结结实实挨了一棍子，气得发抖。你个蛮妇！见陆老夫人再次举棍朝他打来。 慌张的陆二老爷抱头鼠窜，身形狼狈的在院子里逃躲。刘氏只知道抱着儿子哭，看到陆老夫人如此彪悍的样子，连哭声都吓小了不少。陆翔这个孬的就更不敢出声了。十二岁的女儿陆香如同样如是。陆老夫人举着棍子在陆二老爷后面追：“你有种就别跑！不是要银子吗？我现在就给你拿银子！”速度没陆老夫人快的陆二老爷又挨了几棍，他一边躲避挥过来的棍子，一边扯着嗓子大喊：“救命！老毒妇打人了！” 来人啊！来人啊！哎呦喂，救命、啊！全勇一进到后院，看到的就是这样乌烟瘴气的情形。他皱着眉头，脸色一沉，都怎么回事？大清早的干什么呢？陆二老爷见到他，像是看到了救星一样，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诉：“官爷，这蛮不讲理的老妇不仅害我孙子，如今还要打我，你定要给我评评理啊！”他握住全勇的手，借着身体的遮挡，悄悄往他手里塞了十两银子。昨天晚上。 就是这老妇给我孙子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害得我孙子变成了现在这般半死不活的模样。我只不过是向他讨要赔偿，他却想要将我的腿打断。陆二老爷恶狠狠地瞪视陆老夫人，如此凶蛮，要是不给他点教训，只怕之后各个个效仿，对内不得安生啊！流放本来就禁止犯人打斗，他这么做简直不把官爷放在眼里。陆二老爷一番言语挑拨，果然引得全勇不息。他目光沉沉地看向陆老夫人：“谁允许你打架斗殴的？” 宋明渊打杀黑衣人时，全勇并不在场，而是与朱氏私会去了。若是知道有这么一座杀神在，给他十个胆子也不敢对陆老夫人这么不敬。陆二老爷挨打的时候，宋明渊没动，只等现在才走了过去。他说：“是我们给的东西吃坏了陆培昌的肚子，纯属空口污蔑。如果我能证实陆培昌生病跟我们没有半点关系，他这顿打是不是挨得理所当然？”第四十七章全勇的觊觎。他目光直视着全勇，没有错漏过刚刚陆二老爷往他手里塞钱的小动作。 你要怎么证明、啊？全勇目光在宋明渊脸上多停留了两秒，对比起他来，半老徐娘的朱氏俨然有些索然无味了。只不过看到过宋明渊长乖刘氏，全勇便知道这是个性子刚烈、不容易搞定的女人。但越是这样的，越能激发男人的征服欲。打从第一天开始，全勇就已经惦记上了，这些天也一直都在按耐着寻找机会。就在他用龌龊的心思想着怎么征服眼前这个美人的时候，心头陡然升起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 出于对危险的感知，全勇猛地朝陆培风的方向看去，正好对上了他冷沉锋锐的目光，带着冰冷的警告与毫不收敛的威慑，不免叫人脖子发凉。全勇眼神瑟缩了一瞬，紧接着又反应过来，对方不过是一个身负重伤的流放犯，而他可是押送流放犯的官差，路上悄无声息弄死他都是轻而易举的事，何须怕他？于是对陆培风露出了个轻蔑的笑容，像是挑衅一样，打量宋明渊的眼神越发不知收敛起来。 陆培昌被眼睛红肿的刘氏抱在怀里，已经烧得神志不清了，双手都是痉挛抽搐的，瞧着十分可怜。宋明远扫了他一眼，说道：“他是风寒入体引起的发热惊厥，病气未愈，昨天晚上定然是受了凉才引发的高热不退。不信的话，可以请个大夫来看一看，便可知晓我说的是与不是。他昨天晚上着凉才是致使他病成这样的主因，就算什么东西也不吃，他也会高热不退。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他昨天夜里子时就已经发热了。” 一直到今天早上都没能得到及时的处理。陆老夫人对宋明渊的话是百分之百相信的。听他这么一说，哪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当即怒从心头起，扬着木棍就往陆二老爷身上抽。好啊，你们自己家的小孩都看顾不好，夜里害他着凉生病，反把锅甩我们头上来了。还一千两，还驴车，我呸！就你这驴样，给你张棺材板你都不配。我们看这孩子可怜，才好心给他一口吃的，没想到竟然被你们这么污蔑。这种昧良心的事情都做。 也不怕遭了报应，你且看着，看到时候谁还敢帮你们？陆家几位夫人对着陆二老爷的无耻作态也是满脸鄙夷。孙子都病成这样了，还想着拿他当由头讹人，真是越老越不要脸。摊上这么个爷爷也是倒霉。他要是真在乎孙子的死活，现在早该去找大夫了。陆二老爷急急躲开陆老夫人挥来的木棍，梗着脖子反驳道：“就算是风寒入体，那也是吃了你们给的东西才引起的内亏。要不然他昨天晚上刚吃过的药，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发作？” 死猪不怕开水烫，宋明渊冷笑。既然这样，那就请大夫吧。你孙子都病成这样了，反正也是要请的，就让大夫过来看看，究竟是不是那几个鸡屁股把他害成这样的。陆老夫人也道：“对，请大夫。”老婆子就不信几口肉还能给你吃出毛病来。如果证实错不在我们，你倒赔我们一千两。一听到要请大夫，陆二老爷就心虚了。这件事情当然不能请大夫，不请大夫还能一口咬死是被他们给祸害的，一请大夫。 理亏的那一方就是他们自己了，这怎么能行？宋明渊哪里会不知道他在打什么如意算盘？他似笑非笑道：“你不是怀疑你孙子是吃了我们的东西才吃出的问题吗？怎么一说到请大夫就不敢吱声了？还是说你们自己把人整成这样，故意嫁祸给我们？”原只是随口一说，哪料到这句话刚落下，陆二老爷就变了脸，整个人的情绪都变得激动起来：“你胡说什么？我怎么可能去害自己的亲孙子？” 你以为人人都是你们这样的恶人吗？宋明渊一开始是没有怀疑的，但看着像是被踩到尾巴的陆二老爷和只知道抱着陆培昌哀哀戚戚哭的刘氏，要说这其中没有什么猫腻，他是不信的。正常情况下，陆培昌出了毛病，刘氏早就闹个鸡飞狗跳了，比起陆二老爷，只怕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现在也仅仅只是他单方面的猜测，并不能够确定。那就找大夫，你不会连个大夫都不让你孙子找吧？莫不是你想等他病死了再说是，是我们害死了你孙子？ 宋明渊不是没有药，相反他空间搜刮了大把。但是他们既然打定主意了要讹陆家，那么自然不可能让他治好陆培昌。不仅不会，还会千般万般阻挠他治，如此费力不讨好，不如找个大夫实在。面对如此尖锐的逼问，陆二老爷无法，只能将求助的目光投向全勇。他料到了所有，就是没料到宋明渊能一言道破陆培昌的病情，甚至可以说是了如指掌。要不是他，陆家这次只能吃了这个哑巴亏。 全勇也看出来了，陆二老爷想要讹诈陆家人，他刚拿了陆二老爷的十两银子，自然站在他这一边。何况他本就觊觎宋明渊，好不容易抓住这个机会，怎么可能放过？于是帮腔道：“诸位莫不是忘了自己是在流放途中？真以为自己还是曾经那个说一不二的贵人啊？说请大夫就请，不过是戴罪之身，竟然还妄想请大夫，做什么白日梦呢？”嘲讽过后，他又接着道：“就算把大夫请来了，又能怎么样？只能证明他是个医术不精的庸医。” 并不能证明这件事情跟你们没有直接关系。再说了，对内禁止打斗，你们却当着我的面一犯再犯，谁给你们的胆子？有泉涌撑腰，陆二老爷觉得这几日积压下来的怨气都一扫而光了。看着陆老夫人他们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模样，颇有种扬眉吐气的得意。官爷，这种恶劣的行为绝对不能纵容，必须得罚，罚他们狠狠的挨鞭子，要不然他们不长记性。还有，他们必须赔给我一辆驴车，我孙子都被他们害成这样了。 肯定是走不了路的，得坐驴车。第四十八章，瞎了眼了。陆二老爷跟陆老夫人起争执的时候，就有不少陆家族人围观。看到这里，不免有些幸灾乐祸。如果陆家人也像他们一样累死累活就罢了，可这几天他们过得实在太好，好到所有人心里都不平衡。他们过得这么差，他们凭什么过得好？陆家人明明有这个能力，可偏偏只管吃独食，大鱼大肉，有东西讨好官差都不知道帮扶他们一把。正因为如此，不知道有多少人心里冒着酸气。 看着他们倒霉呢。此时看到全勇发难陆家，心里没有半点同情怜悯不说，甚至还隐隐窃喜。宋明渊将他们的恶意尽收眼底，冷笑了一下，抬眼朝全勇看去：“你想怎样？当然得罚。按照队里的规矩，凡是先动手的都得挨十鞭，如果拒不悔改的，再加五鞭。”全勇肆无忌惮的打量着宋明渊，长得倒是一等一的好，可惜了身子包裹的这么严实，也不知道玩起来怎么样。他别有意味的说道：“不过我也不是什么不讲情面的人。” 如果你愿意跟了我，那陆阳氏这十五鞭就免了。要不然，他冷哼一声，就挨了这十五鞭，再赔一辆驴车。就是不知道这十五鞭打下去，以陆阳氏的身子骨，还有没有命活了。全勇不觉得陆家的人会拒绝，他又不是没这么干过。以往押送流放犯的时候，表面上再怎么团结和睦的一家人，到最后还不是为了各种利益出卖了彼此？一条命加一辆驴车，这分量足够让人就范了。就算宋明渊不同意，陆家人会不同意？对于宋明渊。 全勇志在必得，只不过这话无异于捅了马蜂窝。别说是陆老夫人怒发冲冠，就是陆家几位夫人看向全勇的目光都在喷火。我呸！想让我们冤冤跟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看看自己那癞蛤蟆恶心人的样子，配不配？你这鞭子要是敢扬起来，今天就看看是你死得快还是你的鞭子打得快！怒气冲冲的陆三夫人拿起了墙角的砖头，仿佛全勇敢有一下动作，她手里的砖头就能砸爆他的头。大大小小，严阵以待。 反观陆培峰就平静多了，只是淡淡的看着全勇，脸上什么情绪也没有。陆二老爷急了，官爷怎么能这么轻而易举就放过他们？如果宋明渊真的跟了全勇，那他岂不是什么好处都没捞着？而且虽然不愿意承认，但是朱氏跟宋明渊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如果全勇喜新厌旧，放弃了朱氏，那他们在全勇这里还有什么说话的余地？陆二老爷急得嘴都起了燎泡，他设计这么一出可不是为了给他人做嫁衣裳的，官爷，他还想再劝。 被陆家人不识好歹的行为激怒的全勇，直接就迁怒到了他的头上。我做事难不成还要向你请教？陆二老爷可不敢得罪全勇，立时就歇了声。全勇没被人这么落过脸，尤其是他押送的队伍，哪次不是被这些流放犯捧着供着的？什么时候受过这种难堪？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全勇今天倒要看看，便是打了这老太婆，你们能奈我何？全勇怒极，抽起鞭子，一鞭子就直直朝着陆老夫人的面门抽了过去。那鞭子裹挟着怒气，出世之猛。 都能听到破空声，可见是使了十成十的力。宋明渊离老夫人最近，没等鞭子打到陆老夫人，便徒手握住了鞭尾，鞭子瞬间绷紧成一条直线。全勇心头一惊，想把绳子从宋明渊手里扯回来，然而他涨红了脸，使出吃奶的力气都拽不动，对方力气大到难以想象。全勇骇然地看向宋明渊，下一秒鞭子脱手而出，手掌心火辣辣一片，他惊惧的后退一步，强壮声势道：“你想干什么？我可是官差。” 你要是敢动手，就是公然与朝廷作对。宋明渊反手一鞭子抽在了他的眼睛上，做了自己一开始就想做的事情。这对讨人厌的招子，他早就想弄瞎了。速度太快，全勇根本避无可避，只能眼睁睁看着鞭子在他眼前骤然放大，最后啪的一声，眼球爆碎，剧痛如潮水般袭来。啊！全勇一声惨叫，捂着眼睛弓下身子，入手一片湿热，鲜血淋漓。全场都被他这狠辣的一鞭子吓得噤若寒蝉。 更是被全勇的惨状吓得心都抖了三抖，陆二老爷脸色苍白，连腿肚子都在打哆嗦。宋明渊淡声道：“不让我们请大夫，那你自己请大夫吧。”啊！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啊呀！我要杀了你！全勇状若疯魔，猛地朝前扑了去，不过因为辨不清方向，扑了个空。胆小一些的孩子已经被他那两个血肉模糊的眼睛吓哭了，胆子稍大一些的也是害怕的牙齿打颤，僵在原地。只有陆思宁几个。 把自己娘亲捂住他们眼睛的手，扒了又扒，抽的好嗷嗷，嫂、哦、嫂厉害。吴达、邓良大清早天还没亮就出发去了清河县采购，二人才回到驿站门口，就看见守夜的林东白着一张脸，慌慌张张的跑过来。吴达皱眉便问：“什么事急成这样？”“有人跑了。”报信的林东气都喘不匀，“不是，没跑。”吴达不快：“没跑你这什么急？害他以为天都要塌下来了呢。”林东哭丧着脸：“我能不着急吗？老大，你快去看看吧。” 出大事了，陆家那个长得很漂亮的小娘们把全勇眼睛给抽瞎了。吴达眼睛一瞪：“你说什么？草他奶奶的！老子才出去不到一个时辰，全勇这王八孙子没事去招惹那个女魔头干什么？真他娘的会给老子找事！”他把手里的东西往林东手里一塞，火烧屁股一样就往后院跑。林东着急喊道：“哎，老大！”他还没有说完，全勇那厮纯粹是旱厕里点油灯，一心找死啊！怎么回事？ 邓良没有急冲冲跑去后院，只皱着眉头问：“听林东将事情经过快速说了一遍，他才将他手里的东西接过，冷静吩咐：驿站里有马，你去县城里请个大夫，快去快回。第49章”第四十九章不慎打伤。驿站门口距离后院也才几步路的距离。吴达火急火燎赶到的时候，就看到全勇顶着血窟窿一样的眼睛，掐住陆二老爷的脖子，疯狂摇晃：“我杀了你！我要杀了你！”陆二老爷被他掐得窒息，翻着眼白，喉咙不停发出霍霍的声音。 放手，你掐错人了！救救命救命！救命然而被血污染的面目全非的全勇早已疯魔，满脑子只有弄死宋明渊这一个念头，哪里听得见他说什么？死，去死！你这个贱人！众人都被全勇此刻的模样吓呆了，没有一个上去援手，还是吴达叫来几个官差，才硬生生把全勇跟陆二老爷分开。死里逃生的陆二老爷捂着被掐红的脖子，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而全勇像是完全失去了理智一样，还想朝人扑去。 嘴里不断重复着“杀了你”，吴达只能让人将他打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强忍着满腔的怒气道。全场寂静，没一个人敢站出来说话。见过宋明渊的雷霆手段，谁都不敢去当这个出头鸟。但是陆二老爷却觉得吴达是来主持公道来了。宋氏竟敢胆大包天，打伤押送官差，他完了！嗨嗨，官爷，是他，是他抽瞎了全官爷，我们大家都亲眼看见的。陆二老爷颤巍巍的伸出手指着宋明渊，嫉恶如仇道。 你闭嘴，陆阳氏，你来说。呵斥完陆二老爷，乌达原本是让宋明渊给他的解释的，可以想到昨天中午他杀死十七个黑衣人仍然毫发无伤，心里就发怵，终究不敢以命令的语气对他说话。实不相瞒，这女人他也怕，真不知道全勇吃了几个雄心豹子胆了，竟然敢犯到他手上，没丢掉小命都是他上辈子积了福。陆老夫人一点都不觉得打全勇有什么错，只杵着刚刚拿来打陆二老爷的棍子，斜看了一眼贼心不死的陆二老爷。 冷哼一声，方才振振有词道：“他身为差吏，不思尊规守法，却在大庭广众之下口出妄言，滥用私权，逼良为娼，此为藐视北魏律法，乃大罪。另，他还当众收受贿赂，伙同这老狗往我陆家人身上泼脏水，污蔑陷害我等，谋害其孙儿性命，不分青红皂白要打杀老身，罔顾人命，此为贪赃枉法，罪加一等。他以老身性命要挟，逼我孙媳就范，我孙媳坚守忠贞，不堪受辱，才不慎伤了他的眼睛。” 便是告官，我们也有理去说。陆老夫人三言两语就逆转了局势，不仅把罪状撇了个干干净净，还义正词严给全勇安上了一顶又一顶罪名，直叫在场之人看得一愣一愣的。好一个不慎！如果不是亲眼看到宋明渊甩鞭子那利索劲儿，他们真就信了。就连宋明渊都叹为观止，果不愧是当过老太君的人，这用词就是妙啊！他怀疑这智勇双全的老太太，要是继续说下去，全勇都得当场处死了。陆二老爷言辞激烈，你放屁！ 全官爷是为我孙子主持公道，明明是你们不服管教才动手伤的人。他看向吴达，胆战心惊道：“官爷，你可别听他们一派胡言，什么污蔑他们根本就是没有的事。反倒那老太婆对我喊打喊杀，连番辱骂。他污蔑你们什么了？”吴达问陆老夫人。比起陆二老爷的话，吴达私心更偏向于相信陆老夫人的话。毕竟陆二老爷是什么做派，他这几天也看得清楚。而且他与全勇共事多年，多少都了解一点全勇的脾性。以往押送犯人的时候， 流放队伍里的女人可没少遭他祸害，只不过这次他算是踢到铁板了。陆老夫人语气嘲讽：“他说是我们给他孙子吃的鸡屁股，害他孙子病成这样，非得让我们陪他驴车。”吴达都无语了，这个两个的怕不是脑子有坑吧？招惹谁不好，偏偏招惹队伍里最不能惹的存在，嫌自己命太长了。姗姗来迟的邓良刚好听到陆老夫人的话，扫了陆二老爷一眼，说道：“我已经让人去请大夫了，很快就到。”陆二老爷脸色一白。 娜娜不言。一刻钟之后，林东就把县城药铺的大夫请了回来。在吴达的授意下，大夫到昏迷过去的陆培昌面前给他探起了脉。刘氏脸色不太好，看到儿子烧得通红的小脸，到底还是心疼占了上风，只搂着他默不作声。风寒入体，加之身体过于虚乏，才病成样，与吃什么东西并无多大关系，是天气寒凉招致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孩子昨天应该冻了一晚上。你这当爹娘的也太粗心了些。大夫的诊断跟宋明渊别无二致。 众人可能会怀疑宋明渊话里的真实性，但并不会怀疑大夫的话。一时间，大家看陆家二房的眼神就变得微妙起来。昨天中午补货的时候，他们可是亲眼看到二房掏银子买了不少棉衣的，除了棉衣，还让跟随的仆妇拿了两床被子，这样还能让孩子冻着，怕不是不给孩子盖棉被吧？大夫到底同情孩子这么小就遭罪，朝刘氏道：“待我多开几副药，你且带在路上给孩子每日煎服。只不过这病来势凶险，我也不敢断言能治好。” 还有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大夫，你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你救救我儿子！求你救救我儿子！刘氏急红了眼睛。大夫叹了口气：“医者父母心，并非我不想救他，他本该是要好了的。若不是昨天夜里冻得那么厉害，开几副药吃下去就能好。”他摇了摇头，不再理会刘氏的哭诉，转身去看起了泉勇。驴车没了指望，又看到儿子烧得通红的小脸，刘氏终于绷不住，痛哭起来：“怎么会这样？我的孩子，都怪娘，都是娘的错。” 是娘害了你啊！想到致使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刘氏双眼通红，猛地朝陆二老爷看去，一双眼睛里尽是愤恨跟埋怨。你不是说只要让我儿子动上一晚就能换到驴车吗？都是你出的馊主意，都是你出的馊主意！他又哭又骂，都怪你们，是你们害得他如今连大夫都看不好了。我儿子要是有个什么万一，我就跟你们拼命。第五十章，猪比他们可爱。听到刘氏自爆的话，众人震惊到失语。原本以为只是一场意外。 只不过是被他们加以利用嫁祸陆家，谁知道竟是他们自己处心积虑设计的，拿自己的亲孙子的安危去算计，让本就病气未过的他活生生动了一个晚上。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众人纷纷朝涨红了脸色的陆二老爷看去，像是第一天认识他这个人一样。陆老夫人也是万万没有想到，为了算计他们，陆二老爷竟能这般不择手段，连自己亲孙子都下得去手，真是最黑不过人心啊！各色各样的鄙夷目光落在身上，陆二老爷难堪至极，脸色铁青。 陆翔看到老爹阴沉的脸色，慌张道：“闭嘴！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说什么？我说我不同意。是你，是你和那老不死的非要我儿子冻死。我半夜给他盖了被子，你们还要拿走？你们父子俩还有没有心？”刘氏撕心裂肺，像个疯婆子一样对着陆翔又打又骂。吴达冷眼看着这一场闹剧，这一下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见陆二老爷不出声，他对他这个搅事精也没什么好脸色，转而朝陆老夫人问道。 你们想如何处置他们？现在去见官显然是不现实的。陆老夫人道：“让他们赔钱，然后该怎么发落怎么发落。”糟老心的东西，害我鸡蛋都煮糊了。他骂了一嘴，赶忙去掀锅盖。陆老夫人的意思就是全权交给他负责了。吴达也不敢掉以轻心，询问了一下宋明渊的意见。宋明渊想了想，说道：“我听奶奶的。”他一般有仇喜欢亲自报。吴达于是放了心。参与到这件事情里的主谋十五鞭，共犯各打五鞭。 另赔陆家一百两银子，立即执行。吴达话一落，就有官差过去把陆二爷一家抓了起来。一听到要挨鞭子，陆翔腿都软了，痛哭流涕，喊着：“官爷饶命，饶命啊！官爷，这不关我的事啊，这都是我爹的主意。”陆二老爷咬牙：“官爷，不是我，主谋是朱氏，朱氏撺掇我这样做的。他不断给朱氏使眼色，想让他替他顶锅。如果主谋是别人，他就能少挨点鞭子了。” 原本在一边看他们狗咬狗的朱氏，一看火烧到了自己这里，连忙低头说道：“官爷明鉴，这事可跟我没有关系。我只是说鸡屁股吃多了不好，谁知道他会丧心病狂做出这样的事情。何况他们家里的事，哪里是我一个无依无靠的妇人能插手的？”吴达懒得听他狡辩，使唤了官差，把他也带下去当共犯处理，鞭五下。朱氏捏紧了拳头，心里头压制的恨意差点没控制住，不过终究还是强迫自己忍下来，挨了这五鞭子。 吴达和邓良都偏袒陆家，便是再多费口舌，也处置不了他们。他忍，总会让他找到机会的。二房这些蠢东西。很快，院子里就响起了陆二老爷一家此起彼伏的痛叫声。陆思宁吃着鸡蛋，笑嘻嘻道：“嫂嫂，他们叫的真好听，跟大过年杀猪似的。”宋明渊也吃着鸡蛋，坐在屋檐下围观。可不，不过猪比他们可爱多了，猪还能让咱吃上一口肉，他们只能给人添堵讨嫌。全勇伤了眼睛，是不能再继续押送队伍了的。 吴达只能将他留在驿站里，让人代为照看。大夫去开药的时候，被吴达带回房间的全勇就已经从昏睡之中醒过来了，眼前一片漆黑，半点光亮不见。剧痛让他情绪失控，不愿接受自己瞎了这一事实，第一时间就想冲出去找宋明渊算账，生撕了他。知道昨天中午那些黑衣人都是怎么死的吗？都是陆家那小娘们杀的。你要是想活命，我劝你最好自认倒霉。被吴达留下来照看的官差好心劝阻道：“你消停一点吧，人没杀你都算好的了。” 你是没看见，昨天中午他砍那些黑衣人，一刀一个跟切麻瓜似的，我们都不敢招惹他，你还赶着往上凑。现在他们已经启程了，就算你想追也追不到。等接应你的人到了，我还得赶回队里去。你先冷静冷静，我去给你取药。官差说完，便把全勇一个人留在了屋里。此时全勇已经冷静下来了，可他不甘心，不甘心就这么放过那个贱人，他害他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废人，他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就在全勇仇恨难消，满心想着把宋明渊挫骨扬灰时， 房间里传来了一丝响动，他看不到，只以为是取药的同伴回来了。你帮我杀了他。你家里不是最缺钱吗？只要你帮我杀了那贱人，我就把我的全部身家都给你。屋子里静悄悄的，什么声音都没有，仿若刚刚那一刹是他的错觉。正当他以为屋子里没人的时候，声音又响了一下，刀具故意碰撞发出的脆响，让全勇瞬间头皮发麻，全身血液都凉了下来。屋里有人，真的有人。他咽了咽口水，绷紧了身体。谁？ 谁在装神弄鬼？潜入房间的青海一巴掌拍在长云后脑勺上，蠢货，速战速决，主子还在等着呢。你才蠢货，我这不吓唬吓唬他吗？敢要我们少夫人的命，我下也把他给吓死。长云看着泉涌那双瞎了的眼睛，大为赞叹：少夫人的鞭子甩的就是漂亮，一鞭子抽爆两颗眼珠，这么精准无误的鞭法，我只在少夫人这里见到过。少夫人果然是我等凡夫俗子仰望的存在。少拍马屁，青海难掩嫌弃。 两人对话毫不避讳。全勇，少夫人，少夫人是宋明渊，他们是来杀他的。全勇一瞬间吓出了冷汗，想也不想，连滚带爬的扑下床，张嘴就要叫人，只不过声还没喊出来，就被长云一把长刀抹了脖子，尸体滚在地上，血流如注，就这么死了，还真是便宜你了。如果不是现在不方便，他非得让他尝尝他们将军府审讯犯人的十八般酷刑不可。敢觊觎他们少夫人，哼！确认过人断了气之后。 青海和长云才回去复命。此时流放队伍已经离开驿站二里地了。宋明渊跟陆思宁凑在一起，你说给他们吃巴豆好还是吃痒痒粉好？第五十一章升级版巴豆的威力。搜来的东西都被宋明渊分门别类的囤放在空间的环保阁里。金银首饰这等黄白之物囤一个角落，食材果蔬囤一个角落，药材和其他生活用品也囤一个角落。贪官名下的药铺子他全都搬空了，皇帝私库也搜刮出来不少珍藏稀罕的名贵药材。 他以前在凡界待过一段时间，这些药材跟凡界的并无多大区别。宋明渊基本能认个全，知道要搞事情。昏昏欲睡的陆思宁登时睁开了眼睛，坐直了歪倒的小身板。嫂嫂，什么是巴豆？宋明渊掏出一小把棕黄色的豆子给他看，就是吃了能让人拉肚子的，这就是巴豆。如果搭配上笑笑散，有奇效。好神奇啊！我试试。陆思宁胖乎乎的手指头揪起一粒就要往嘴里塞，宋明渊一懵，这虎妞儿怎么这么生猛呢？ 真是啥都敢往嘴里塞，他捏起了一颗，我也试试，先尝尝看，万一没有效果呢？一颗巴豆进肚，坐在驴车板上的姑嫂俩大眼瞪小眼。陆思宁拧着小眉头，咂摸着嘴回味了一下：“嫂嫂，这豆子好像是坏的。”随时准备着清毒丸的宋明渊，不是坏了，是药效发作太慢了。有的人吃下去立竿见影，有的人吃下去三五天才见效。他捏了捏手里的豆子，若有所思：效果是差了那么点，如果能立即见效就好了。 宋明渊想到自己空间的黑土地，以往种的灵植经过灵植经过孕育，药效都会有所提升。也不知道种个巴豆能不能改进改进。这样想着，便把手里的巴豆种进去，调动空间里的灵力催芽生长。很快，绿植上就挂起了一颗颗成熟的黄棕色果实。他将里面的豆子取了出来，对比了一下，豆子外形颗粒饱满，除了大一些，形状更匀称一些，跟之前拿出来的没什么两样。眼下正好有拿来当实验的。宋明渊坐在驴车上。 目光在流放队伍中扫视一圈，落定在被担架抬着的陆二老爷身上，唇角浮现出一丝笑意：“就你了。”隔着远远的距离，他看准时机，手腕一转，咻的一颗巴豆弹射过去。陆二老爷被两个树孙抬着，正张着嘴巴，哎呦哎呦痛叫，还没看清楚什么东西，便觉嘴巴一痛，条件反射咽了一下，巴豆便滑进了食道里。哦，咳！什么东西？他吞了个不知道打哪里飞来的虫子。陆二老爷像是吃了屎一样，脸都绿了。 突然，他肚子一阵绞痛，菊花一紧，脸色猛然涨红扭曲，那一股毒也堵不住的血意憋得他额头青筋直冒。我我停停！噗噗噗，带着味道的巨响声，隔大老远的距离，宋明渊都听见了。他呆了一下，跟金的眼儿、圆圆嘴巴、圆圆的陆思宁对视一眼，双双抬起手，毫不犹豫把清毒丸吃下去。妈耶，这也太吓人了点！熏天的臭味传出来的瞬间，陆二老爷身边所有人都恶寒的掩着鼻子，自动离了他一丈远。 大庭广众之下，众目睽睽之下，他拉了，他拉裤子里了。陆二老爷颤抖着嘴唇，感受到裤裆里的如诗与巨臭和摇摇欲坠的晚节，恨不能从没出现过在这个世界。让他死吧，也好过活着面对这种令人尴尬到窒息、窒息到绝望的处境。噗噗，响声一阵接着一阵，周围人嫌弃、鄙夷、恶寒的种种模样，对此刻的陆二老爷而言，无异于精神上的凌迟。这一拉，直接就逼停了整个流放队伍。啐！ 老不要脸的，嘴上当众拉屎也就算了，流放路上还这么埋汰。陆老夫人一脸嫌弃，见靠近陆二老爷的人纷纷捂上了鼻子，赶忙驱着驴车离开。走走走，赶紧载着奶奶的乖宝贝们走，可千万别被这老东西放的毒气熏着喽！闻上一口晚饭都吃不香。宋明渊也没想到改良版的巴豆威力大成这样，幸好他还没有给刘氏他们每个都吃上一口，要不然这一路下去岂不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陆思宁皱着小鼻子，像是已经闻到味儿了一样。 嫂嫂，咱们还是给他们吃养羊,羊粉吧，他们饿得巴巴，比宁宁的还臭。行，宋明渊一点头，又开始调制起了加强版的养羊,羊粉。吴达也不想留在队伍里闻那熏人的臭味，与邓良还有林东二人快走几步，赶到停放驴车的上风口透气。陆老夫人，这是陆翔一家拿出来的赔款，他拿出了一百两银子，对待陆老夫人的态度也是恭恭敬敬的，不敢摆一点官差架子。这一百两银子若是放在之前，肯定到不了陆老夫人手里的，但是现在。 既然人家送过来了，岂有不收的道理？陆老夫人拿过钱袋子，没有理所应当的忽视吴达提供的帮助，拿出了五两银子给他。辛苦吴官爷了，这小小心意拿着给兄弟们吃酒吧。要不是有你们帮助，只怕今天这事还不好解决。银子该花就得花，人该夸就得夸，有时候人脉交情就是这么来的。陆老夫人心里拎得清楚。吴达受宠若惊，老夫人，这我们怎么好意思收？那都是应该做的，是我等分内之事。比如我强的时候。 给银子就是有意讨好冯莹，吴达心里也不会有多大的感触。但是现在陆家人完全有底气，可以不用把他们这些身份低微的官差放在眼里。可陆老夫人还是一如既往对他们这些小人物宽和有礼、平等相待，这让吴达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什么叫陆家人的气度和胸襟。这样的人家教养出来的儿子会通敌叛国吗？陆老夫人笑道：“拿着吧，往后的路啊，还要多受你们照顾呢，莫要同我们客气。”吴达对陆老夫人不再是浮于表面的敬意。 略一拱手说道：“谢老夫人，那我就替兄弟们谢过您老人家了。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就行。”不远处的林子传来几声乌鸦的鸣叫。收下银子的吴达下意识往那边看了一眼，心下狐疑：这大雪天的，人都快冻死了，还有乌鸦叫的吗？第五十二章放倒一大片。邓良也朝那边看了一眼，转身时正好看到陆培风也从那片林子淡淡收回目光。见他目无波澜的看过来，邓良一顿，朝他略一颔手致意，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觉得气味应该散得差不多了，才与吴达迈步回到后边的队伍里去。气味已经没有一开始那么大了，但还是时不时传出来。吴达让陆二老爷那两个不情不愿的树孙把他抬到队伍最后面。刚准备让大家继续赶路，一阵马蹄声传来。他回头一看，就见留在驿站照看泉勇的兄弟急急拽住了缰绳，翻身下马，快步奔来。走得近了，才压低声音说道：“老大，泉勇被人给杀了。我前脚去拿药，他后脚就死在了房间里，一剑封喉。” 想到端着要推开房门时看到的情景，赶来禀报的官差仍然心有余悸。如果他刚刚跟全勇待在一块，还好他去拿药了，要不然只怕小命都得交代在那里。听到这个消息，吴达一惊，抬眼就朝陆家人所在的方向看去。全勇早上才跟他们发生过争执，不到一个时辰就被杀害在驿站里。除了陆家人的手笔，他想不到还有谁会对全勇起杀心。吴达知道他现在应该让队伍停下来，配合清河县衙的调查，甚至是说出自己的怀疑，但是。 他犹豫了，全勇得罪过的人不少，有想要他命的人也不奇怪。你先归队吧。邓良打发了报信的官差，他握着刀柄思忖了片刻，才朝吴达道：“人是陆少将军派人杀的，刚才那几声鸟叫应该是他们队的暗号。”吴达皱起了眉头，习惯性询问他的意见：“那我们要不要报官？这事不是我们能管的。”邓良冷静道：“陆家人现在就在流放队伍里，没有在场证明，而且他敢杀，未必没有让自己摆脱嫌疑的办法。” 为了全勇得罪不该得罪的人，这笔买卖并不划算。全勇死了，对他来说就跟死了只老鼠没什么区别。你说的对，若是我们报官，陆家事后要是真追究起来，我们不定能脱得了关系。想到队里的宋明渊，还有不知道潜伏在何处的陆家下属，吴达心中摇摆不定的念头顿时就消了。这还真不是他们能管的事情。陆家人就算落魄成了流放犯，也不是他们这些虾兵蟹将能招惹的存在。要怪就怪全勇不自量力，觊觎不该觊觎的人。 队伍很快就又启程了，依旧是陆家的驴车走在前面，官差们驱赶着队伍走在后面。昨天已经因为暴风雪耽误了行程，连规定的五十里都没走完，他们今天必须补上。吴达对陆家人客客气气，可不会对陆二老爷这一队的人客气，走得慢了直接抽鞭子甩，一点都不给面子。众人身上的钱财多半都在驿站用来添置了货物。昨天下午打点官差的银钱都是陆二老爷向队伍里的人挨个收取的，但是今天二房已经赔出去了一百两，哪里还肯再掏银子出来？他们不给。 队伍里的人就得挨鞭子抽，每挨上一鞭子，大家心里对陆二老爷一家的怨气就大上一分。这一来二去，人心涣散，二房在队伍中的地位更是一降再降，最后连担架都没有人愿意去搭手了。宋明渊将这一切看在眼里，觉得不用他出手，陆家二房都能把自己给作死。但是他们倒霉是他们的事，并不影响他给他们倒霉的生活雪上加霜。他拿出调制好的加强版养痒粉，利用空间精准投放，除了妇女和孩童，全都给撒了一遍。 就跟炒菜放盐似的，撒多撒少，完全看心情。至于朱氏，宋明渊自行把他开出了妇女的行列，把巴豆粉和痒痒粉搅和搅和，对他重点关照了一番。于是乎，队伍里窜稀的人又多了一个，全身上下发痒，恨不能把皮肤挠穿的人多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四十九个。痒痒死我了！快给我挠挠！怎么会突然这么痒？我也痒，怎么回事？这到底怎么回事？该不会是你传染给我的吧？天哪！你这得的是什么病？ 传染发作的这么快，该死的，我身上也开始痒了！救命！流放队伍瞬间乱成一团，不少人直接倒在雪地里滚，似乎这样就能缓解那深入骨髓的痒意。其余人吓得连连退了好几步，生怕自己也被这突发的病症给传染了。就连官差都心头悚然。几个娃听到动静，速度奇快的趴在高高垒起的箩筐上，伸长脖子探头往后面瞧，看到后面七扭八歪倒了一大片，娃子们都惊呆了：这这这，痒痒粉的威力这么强大的吗？ 宁宁眼睛蹭亮，我学到了一个不用武功就能放倒一大片的法子。我以后要跟嫂嫂学做很多很多痒痒粉，谁敢欺负我们，宁宁就拿痒痒粉放倒他。陆培远问：“那你要是学不会呢？”小姑娘皱起了眉头，似乎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没事，学不会没关系的。宁宁再努力努力，要是还学不会，那一定是因为宁宁还不够努力。宋明渊认真观察着加强版痒痒粉的药效，跟巴豆粉一样，都是沾上就发挥作用的，最迟不过五息。 不用像原有的那样，要等上一时半刻才发作。他可以多准备一些，虽然杀伤力不大，但是打群架有奇效。人群中，有官差偷,偷偷将这些异状记录在了一页纸上，上面已经写了密密麻麻的字，包括今天早上驿站的那一出闹剧，还有泉勇的生死，事无巨细。等一众人的药效退去，已经是一刻钟之后了，吴达也才反应过来，他们这样的症状不是得了病，而是中了药。有人在他眼皮子底下给流放队伍下了药，他甚至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下的。 也许是在驿站，他们吃东西的时候；，也许是更早之前。不过可以确定的是，除了没重要的富人孩子，陆家人的嫌疑最大。而陆家所有人里面，能悄无声息做到这种程度的，宋明渊的嫌疑最大。第五十三章《榆木疙瘩》。这一瞬间，吴达从接手陆家队伍那一刻开始，到现在飞速回忆了一遍自己有没有哪里得罪过宋明渊的地方。幸好，除了收过陆家人打点的银子之外，他并没有刁难过他们。 吴达看了眼陆二老爷滚得满身是屎的惨样，险险给自己捏了一把汗。招惹谁也不能招惹宋明渊啊！其余人也不是没有像吴达一样怀疑自己中了药，但是可能吗？队伍里吃的东西都是差不多的，如果是入口的东西有问题，那为什么女人和孩子没事？排除吃的东西，那就是沾到身上的了。但是他们一路走来都是混杂在一起行走的，为什么就偏偏他们这些男的中了招？这一怪症来的突然，去的也突然，一众人根本找不到原因。 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休整过后，队伍又重新开始启程。吴达一早就说了，他们今天最少也要走六十里地，并且中间只允许短暂停留，不再给其余的休息时间。路上体力不支的人倒了一个又一个，但都被鞭子抽了起来。等天黑，走到清河县跟扶阳县交界处落脚的时候，队伍里一大半人都脱力倒地不起了。有驴车的陆家人都有些遭不住这么长时间的长途跋涉，如果不是有零露水顶着，比起他们来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地方偏僻。 这里的驿站比他们先前住过的还要破烂，就算是官差也只能住大通铺。吴达做主将一间单独的通铺让给陆家人，至于其他的不够住，全给安置在了院外。一回生二回熟，这次都不用陆老夫人刻意去吩咐，几位夫人就利落的各自忙活开了。陆老夫人舀了积雪，清洗干净铁锅。陆二夫人也用找来的砖头简单搭了个灶。看到箩筐里没剩多少的木柴，陆二夫人说道：“娘，咱们明天在路上捡些柴火吧。”她压低了声：“柴火不够用了。” 渊渊虽然能拿出来，但是咱们该做做样子，还是得做做样子，不能因为渊渊有，他们就什么都不做，这样下去迟早会被发现的。宁可路上辛苦一点。行，待会儿我再腾一个箩筐出来，明天沿道上捡一些。陆老夫人把锅擦洗干净，刚想架在灶上，一扭头就被不知道什么时候坐在她身后的大黑影猛地吓了一跳。这会儿大儿媳、三儿媳在整理货物，四儿媳、五儿媳在收拾房间，渊渊跟小崽子们玩打雪仗。他身后这个还没看清楚。 陆老夫人就举起锅铲就抽了过去，呔！什么鬼东西敢吓唬人？锅铲用力之猛，都挥出了响声。只不过还没落下，就被挡住了。铲子被一只手拨到一边，露出陆培峰那冷峻却又带着一丝丝无奈的脸。奶奶，是我。陆老夫人眼睛一瞪：“你没事坐我后面干什么？找抽啊！再晚上一点，他这铲子就抽下去了。”陆培峰面不改色：“我来烧火。”陆老夫人收回锅铲，狐疑地看着他。 你还懂得帮我烧火了？他这孙子向来都是冷冰冰的，沉默寡言，一副对什么都不热络的样子。陆老夫人都担心他继续这样下去，渊渊嫌弃他不解风情，扭头去找个善解人意的，有空都不知道去陪媳妇儿，来帮他这个糟老婆子烧火，能有前途吗？陆老夫人心中嘀咕两句，也不阻拦，拎着锅走到一边，那你烧吧，烧好我再把锅放上去。陆培峰并不知道老太太心里对他的吐槽，只把旁边的木柴捡了放在灶里，一一摆好。 用火折子点燃引火的干草，他行军打仗多年，时常要露宿野外，生个火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其他人都已经累瘫了，根本没有力气忙活。此刻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挤在院子里，谁都没有点火。陆培峰这边火一燃起来，整个院子都亮堂不少。陆老夫人将锅搭上去，驱赶道：“走走走，一边去，别杵在这里碍事。”陆老夫人用完就扔，没有一丝丝犹豫。他希望他有眼力见一点，去跟媳妇儿培养培养感情。 哪知道这木头小子杵在旁边一动不动。陆老夫人，坏菜了。他这大孙子是个榆木疙瘩。陆老夫人握着锅铲，试探问：“你就没有别的什么事情要做了吗？”陆培峰沉默了一瞬，在陆老夫人希冀的目光下，想了好一会儿，缓缓道：“没有。”陆老夫人不死心：“你再仔细想一想。”见他略有几分疑惑不解的样子，他提点：“跟渊渊有关的。”火堆炸响了一声，陆培峰视线落在烧红的铁锅上：“奶奶，锅。” 油盐不进，陆老夫人气道，都不想理他，咋就这么缺根筋呢？瞧瞧他爹，跟流氓似的油嘴滑舌，哄起媳妇儿来一套一套的。这木头小子是半点没遗传到啊！算了，有心不用他撵，无心他撵也没有用。陆老夫人放平了心态，开始做起饭来。昨儿个鸡都烤来吃了，还剩下一块五花肉，几条腊肉。除开肉以外，还有一些菜干、地瓜、冬笋、白萝卜。利用现有的食材，陆老夫人做了一锅地瓜焖饭。 再来一道菜干五花肉，腊肉炒冬笋。他手艺了得，简简单单的菜色，经过他的手烹制，也能做得十分美味，色香俱全。他炒了多久菜，陆培峰就在边上站了多久，还时不时给添个柴，打打下手。这殷勤劲儿，要是用在讨媳妇儿欢心上，他不知道有多欣慰。吴达闻着香味就从屋里出来了。这里的驿站条件比昨天晚上落脚的那间驿站差了些，因为错过了点，驿站并没有给他们专门准备饭食，只能吃自带的干粮或者自己动手。 然而，队里主菜都是烧开水直接一锅乱炖的，比起陆老夫人与陆二夫人的手艺差了可不止一星半点。兄弟们闻着陆老夫人做菜飘出来的香味，都饥肠辘辘垂涎不已。吴达只能厚着脸皮过来问了：“老夫人，驿站没有准备吃的，咱们能不能跟您家搭个伙？您放心，我们自己带了米粮，也不白占便宜。就是闻着味儿太香了，才想吃顿好的。如果您愿意帮做的话，我们多给您一袋米。第54章”第五十四章天道好轮回，一袋米。 在院子里躺尸的陆家族人坐不住了，一骨碌爬了起来，出声道：“官爷，我手艺也好，让我给你们做呗。你那手艺喂猪猪都不吃，可别出来献丑了。我的才好。官爷，我给你做，我不要一袋米，半袋就成。官爷，别听他的，我来。我只要一顿饭就行了。我的手艺可是被京城福来酒楼的大厨亲口夸过的。他们一致把吴达率先询问的陆老夫人给忽视了，争先恐后抢着这个既能讨好官差又能填饱肚子的机会，为此甚至不惜互相拉踩抹黑。” 吴达语气不善，又没问你们，你们出什么声？他自认不是个好人，但同样打心底瞧不起陆家这些个族人。何况吴达也想借此机会拉近一下跟陆家人的关系。如果能得到陆家人的帮扶，那么这一路上就安全多了，哪怕遇到匪寇也不用慌。无论是出于人情还是出于利益，吴达最先考虑的都是陆家人。大伯娘，你们家也不缺吃的，我们家还等着米下锅呢，就把这个机会让给我们吧。对啊，你就可怜可怜我们吧。 你们每天都能吃好喝好，可我们已经三天都没吃过一顿好的了。见动摇不了吴达，众人纷纷转向了陆老夫人，开始卖起了惨。他们也确实挺惨的，但如果陆家没有本事，没有渊渊一直保护着他们，他们只会更惨。要真是那样的话，这些人能把他们给狠狠踩到死，踩到烂。陆老夫人没有一点动容。我凭什么要把自己争取到的机会让你们？就因为那一文不值的同情心？哼，未免太拿自己当回事了。我可不是你们的什么人，不让。 记恨就记恨吧，又不会少块肉，让了也不见得他们会有多感激。留着做腊味饭、鸡蛋粥给渊渊跟孩子们吃，它不香吗？没有理会对方投来的怨怼目光，陆老夫人朝吴达说道：“你把食材处理好，都拿过来吧，趁着现在锅还热，我给你们做。”好，谢老夫人，我现在就去招呼弟兄们过来帮忙干活。吴达面带笑容，应声就转回了屋子。他带着几个官差去驿站后厨拿了许多用剩的肉跟米粮，又在院子里架了几口锅，只等一英东西都准备好。 才让陆老夫人过来掌勺，陆老夫人做了一个大锅的饭，又做了三个大锅的菜，土豆、萝卜、骨头、肉块一锅炖，熬出香浓的酱色汤汁，一勺下去能干掉满满一大碗饭。一众官差吃得相当满足，这一顿饭比他们以往吃过的所有饭菜都香，能在流放路上吃到这样的美味，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宋明渊虽然吃过摆盘精美的玉膳，但是他还是觉得奶奶烧的饭更香更好吃，多了一种热闹跟烟火气，这是他孤零零一个人从来没感受过的。 他很喜欢看到陆老夫人跟官差们有说有笑，宋明渊仿佛看到了那个年轻时坐在篝火旁跟士兵们开怀畅饮、意气风发的女将军。他真是越来越喜欢这个小老太太了。吃饱喝足之后，宋明渊把官差踹去洗锅碗瓢盆，没一个敢有怨言，手脚都麻溜的很。吴达不仅给了陆家一袋粮食，还把用剩下的食材都给了他们。知道陆培峰身上带着伤，还给了两瓶他们随身携带的伤药，诚意不可谓不足。看见陆家上下跟官差们打成一片。 陆家族人就是再有怨气也不敢表露出来。如果他们没有跟陆家人决裂就好了，他们吃肉，他们好歹还能喝上一口汤。都怪你们二房，干什么不好，非要逼得大房除了族。现在好了吧，人家吃香喝辣都没有我们的份。就是，要不是你们之前瞎带队逼走了大房，我们用得着吃这种苦？跟你们还不如跟着大房呢。我们这样都是你们给害的。刘氏都被他们的无耻给惊呆了。过得好的时候，个个都舔着脸上来；过得差了，锅全是他们二房的。 当初大房要除族的时候，怎么没见他们挽留？骂大房通敌叛国，怎么没见他们收声？现在就成他们二房把大房逼走的了。他们这些人难道没有参与进来？刘氏看了眼陆家人在的方向，又看了眼他们家现在的情形，心里涌现出一股极其复杂的情绪，也不知道是悲还是什么。突然就又哭又笑起来。天道好轮回，天道好轮回啊！报应都是报应。他们现在的处境跟大房当初的多像啊！当初指责埋怨大房拖累他们。 现在轮到他们二房被指责埋怨了，或许用不了多久，他们二房就会像大房一样被排挤、被除族，但是他们却不会拥有大房那样的本事。哈哈，大房当初除族除得好啊，你们就是一群蛀虫，是烂到根子的朽木，你们已经无药可救了。哈哈哈，可笑，他曾经还是他们中的一员。疯子，过来发泄怨气的人被刘氏癫婆的样子吓了一跳，唾骂一声就离开了。宋明渊将这一幕收入眼中，一点意外都没有。 没了陆家大房这根定海神针，他们屁都不是，散伙是迟早的事情。依照这些人欺软怕硬的习性，今后陆家二房在队伍里的日子可就难过了。他们会把之前对付过他们的手段通通用在二房身上，有热闹看了。宋明渊正要牵着困乏的陆思宁回房间，余光却看到一个身形矮小的官差从另一间大通铺走了出来。看到他的时候，他明显绷了一下身体，眼神闪烁了一瞬，才露出一个笑来，朝他打了声招呼。虽然他很快就调整好了面部表情。 但宋明渊还是看出了他笑容里带着一丝丝不自然的僵硬，他也冲他点了下头，像是什么都没发觉似的，带着小家伙进了房间。捕捉到那名官差往前堂去了，才说道：“我出去一趟，嫂嫂，快去快回，宁宁给你暖被窝。”陆思宁打着哈欠，困到说话都是含糊软糯的。好，待会嫂嫂回来跟宁宁一起睡。宋明渊离开后，陆老夫人看看已经暖起被窝的陆思宁，又看看毫无行动表现的陆培风，糟心。 比不上亲爹就算了，连五岁的宁宁都比不上。他们陆家怎么就出了这么个不解风情的木头小子？第五十五章双杀。通往钱塘的路黑漆漆一片，只有几盏糊着褪色纸张的灯笼散发着幽幽光芒，时不时被风吹动，灯光忽明忽灭。驿站里的异族已经在驿舍里歇下了，只留下一两个人值守。宋明渊悄无声息的跟在那名官差的身后，看着他推开旁边杂物室的破门走了进去。木门被推开的吱呀响声，在这寂静的夜里尤为渗人。 宋明渊没有进去，却对屋内的情况一清二楚。有了灵力与空间配合，他都不用摸瞎了。屋里还有一个人，看模样像是驿站里的异族官差，将记在纸上的消息传递到那异族手中，咽了咽口水，紧张道：“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这里？你们答应过我事成之后让我当巡检的，消息我已经记在上面了，是不是可以离开了？折什么急？这才几天，你只要留在队里继续安安分分给我们传消息，好处少不了你的。可可这太危险了。” 陆家那小娘们就不是个好惹的，你是没看见那天她怕什么？你不过是传递个消息，就算被发现了，她也不会杀了你。难道你不想要那五百两的赏银，也不想当巡检了？王二怎么不想？他做梦都想，机会就摆在他面前。如果不做，那押送流放队伍回来之后，他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差吏，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这是他唯一能往上爬的机会。王二心里经过一番犹豫挣扎，终归还是存了侥幸的心理，答应下来。异族又道。 你把流放路上发生的事情记得详尽一些，最好多观察观察宋氏，他的武功来的奇怪，背后可能藏着别的势力。如果你能查出来，绝对是大功一件。到时别说一个小小的地方巡检了，就是你想当京官都成。听闻此言，王二心头鼓噪，手都捏了起来。能在京城任职，这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抑制住心头振奋和激动，王二连忙说道：“我知道了，我会盯着他的。”行，你回去吧，别被人发现了。王二应声。 转身朝狭窄的门口走去，想到事成自己能当金官，脚步都飘了起来。只要他小心一点，再小心一点，肯定不会被发现的。被发现他就卖惨求饶。那宋氏再厉害，也不过是个女人，妇人心肠最容易被蒙过去。瘦猴一样的脸渐渐露出一抹笑，似乎已经看到自己成为金官光宗耀祖那一日了。王二推开了木门，猝不及防，正对上门外不远处半隐在黑暗中的人。他吓得心脏收紧，浑身血液骤凉，脸上的笑意悉数化为了惊恐。 一颗裹挟着灵力的豆子，以极迅猛、恐怖的速度直冲面门，扑哧一声没入眉心，穿透后脑，转眼化为了齑粉。王二的惊叫声还没从发紧的嗓子里冲出来，就瞪大了瞳孔缩小的眼睛，僵硬紧绷的身体轰然倒地，死不瞑目。宋明渊越过尸体往里走去，那一族已经意识到了不对，转身就想破窗逃跑，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一只无形的手扼住了他的咽喉，将他狠狠甩了回来，咔嚓一声，骨头碎裂，直接拧断了脖子。 同样死不瞑目。宋明渊走过去，将异族手里的纸张捡起，看了一眼，字可真丑，这狗巴一样的，真能看得懂吗？很快，那张纸就在他的手心里无火自燃起来，把异族跟王二身上值钱的东西都顺走，宋明渊才离开这间黑暗狭小的屋子。院子里，慕天席地的陆家族人大多都已经蜷缩着身体，挤在一堆昏昏欲睡了。宋明渊没有直接进屋，而是悄无声息解决一批潜伏在驿站外面蠢蠢欲动的黑衣人，才清洗干净身上的血腥味。 回到驿站，他钻进小姑娘给他暖好的被窝，搂着她暖烘烘的身体，渐渐睡去。第二天清晨，众人还没从睡梦中醒来，一声尖锐刺耳的惊叫声便响彻了整个驿站。有早起的一族发现了杂物房里的两具尸体，吓得面无血色，连滚带爬去禀报。众人听闻惊叫声都醒了过来，很快就有人匆匆过来叫走了吴达和邓良。留在院里的众人惶惶不安：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我刚刚好像听到了尖叫声，该不会是有歹人闯进驿站行凶吧？ 听到这里，哪里还有人能躺得住？大通铺里的陆家人也醒了过来，只有宋明渊跟四个小崽子睡得一个比一个香。陆老夫人做了个噤声的动作，轻手轻脚穿好棉衣，走了出去。天色灰蒙蒙的，大清早的寒气无孔不入。陆老夫人刚刚踏出门口，就撞见对面屋子里走出来的林东，见他面色凝重，问道：“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我们队里一个叫王二的官差死了，有个异族也死了。”林东总觉得最近不怎么太平。 他们押送流放队伍上路还没几天，就已经接连死了两名官差，闹得人心惶惶的。几乎是一瞬间，陆老夫人便将这件事情跟昨晚渊渊的离开联系起来。你是说昨天晚上有人闯进了驿站行凶？何方来的歹徒？还好我们一家人都待在屋子里没出去过，得亏是在前面而不是在后院，我们才没撞上。陆老夫人一脸后怕，那心有余悸的模样惟妙惟肖，根本看不出来是演的。林东没有怀疑，只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 不过这一时半会儿应该是出发不了，老夫人，你们先做早饭吃吧。他们得留下来等人报案，配合查明情况。哎，好，好，你们先忙，我给你们煮锅粥，待会儿你们忙完过来吃就行。林东离开，陆老夫人转身进了屋子。渊渊又杀人了，也不知道长没长功德。能让渊渊动手杀的，一定有他必死的理由，死有余辜。陆老夫人去墙角的篮子里摸了几个鸡蛋出来，看到那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堆得满满当当的鸡蛋，立时眉开眼笑起来。 甭管外面闹成什么样，他还是安安心心给渊渊和孩子们煮鸡蛋粥吃吧。继而洗起来了，陆老夫人便让他们小声将一英厨具、米粮搬出去，就着昨天搭的灶，在院里熬起了粥。陆二老爷昨天拉了一天，整个人都虚脱了，休息了一个晚上，才勉强提起一丝精神。闻着满院子的米香味，饿得前胸贴后背，肚子不停叫唤。他已经提不起力气去嫉恨陆家人过得这么好了，只虚弱喊道：“大祥，拿点米出来煮粥。”陆翔转身去拿米。 看到那空空如也的位置，一个机灵，起太早的睡意都吓醒了大半。第五十六章不可能这么幼稚，爹爹！爹他颤着声喊：“吃的东西不见了，我们的米和干粮没了！”什么？疲乏无力的陆二老爷惊坐而起，动作太猛，瞬间扯到了身上的鞭伤，疼得他老树皮一样的脸一阵扭曲。可他已经顾不得这些了，瞪着一双眼睛问：“你说什么？咱们吃的东西不见了？昨晚还放在那里好好的，爹呀、啊，这可怎么办？” 咱们以后吃啥啊？陆翔一副天塌了的样子，差点没哭出来。流放前他养了一身的膘，然而不过才短短几日的功夫，整个人就肉眼可见的瘦了一圈。没吃过一顿饱的不说，还要天天像牛马一样赶路，根本就不是人能接受的。你们偷拿了我们的粮食，陆二老爷第一个怀疑的就是陆家人。见他恶声恶气的凶横样子，陆老夫人差点没给他翻了个白眼。你是不是偷东西偷惯了，看谁都是偷子，真是屎揣多了，张口就拉。 你那康糟玩意，我吃下去都嫌卡嗓子。你昨天要是还没拉够，今天就再拉一点，免得拉不干净还得靠一张嘴巴输出。你不嫌丢人，我都替你觉得丢人。这一通抢白，字字句句都直戳痛脚，气得陆二老爷一张脸都涨成了猪肝色。不是你们偷的，还能有谁？前两日他才叫了人去偷他们的粮，今天他们的粮就不翼而飞了，哪有这要巧的事？定是他们怀恨在心，想要报复。陆老夫人冷笑：“按你这么个意思，除了我们是人？” 你们就不是人了呗？你们要不是人的话，那这粮食就是我们偷的。陆二老爷狠狠噎住，张口还要说些什么，陆老夫人已经扭过身去熬粥了，明显一副懒得搭理他的样子。他一口气憋在心口，无处发泄。若是之前，刘氏肯定要把自己的银子拿出来，让陆二老爷去跟族人换粮。但是经过陆二老爷做主拿陆培昌的安危去设计陆家人一事，刘氏已经恨透了他们。他这公爹之前可是打头阵针对陆家人的，跟其他狼心狗肺的族人没什么两样，一样黑心烂肝。 他再不留个心眼子，自己跟儿子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对于陆二老爷自讨苦吃的行为，刘氏就跟没看见似的，默默给自己儿子熬着药。陆二老爷又饿又痛，浑身难受，看了一圈，没一个人给他声张的。想到陆家人跟官差融洽的关系，只能拉着张老脸愤然走开，没人管他。陆老夫人熬好了香喷喷的鸡蛋粥，就让二媳去喊渊渊跟孩子们起床了。吴达那边没有一丝进展，连杀人的凶器都没有找到，只在驿站周边发现了四十余名黑衣人的尸首。 来到现场的时候，他心里一咯噔，虚汗都冒出来了。昨天晚上他根本就没听到有打斗的响动，这些人死得悄无声息，浑身上下看不出来一处伤口，比宋明渊之前以一敌众反杀十七个还要恐怖。若非他们全都死在这里，昨天晚上驿站只怕免不了一场无差别的屠戮。邓良扫了一眼满地的尸体，说道：“王二跟那一族很有可能是被解决这些黑衣人的那一方势力杀的，咱们先将案子报上去吧。这些黑衣人如果是那位派来的，这个案子。” 必然会被压下来，能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把这么多人杀死，陆家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厉害。两人谁都没有怀疑到宋明渊头上，毕竟在他们的认知里，这根本不是单靠个人能力可以完成的。要知道，这些黑衣人可是一等一的高手，一个人打四十个有可能，但一个人悄无声息解决四十个，这得是有多逆天？你说王二昨天晚上为什么会去找那个一族？我怎么没听他说过他在这里有认识人？吴达觉得这是里里外外都透着古怪。 可是他们并没有找到一点蛛丝马迹。邓良顿了一下，他这两天行为反常，一直都有在暗中观察陆家。你的意思是，王二是因为向外传递了陆家最近的消息，被那伙人发现，所以才给杀了？不无可能。吴达脸上浮现出一丝忧虑。王二已死，你说他们还会不会通过这样的手段继续收买我们的人？如果他们不傻的话，就不会。陆家这边已经有警惕了。对话间，两人回到了院子，配合官府对队伍的人例行问询，排除嫌疑后。 他们一众官差和流放犯人才被放行。宋明渊给蔫了吧唧的黑驴喂了一些稀释过零露水，这可是让他们家一路上减少脚程的关键，可不能让他出事了。拿出饲料让驴吃饱喝足之后，一家人合力将东西搬上驴车。除了被子占多一点空间，其余的杂物反而没那么占地方。仍然是陆老夫人赶驴车，宋明渊跟陆培峰还有几个小崽子们坐在板车上。要是走不动路了，就轮流换着坐。都坐稳了，奶奶的乖宝们，出发！出发！出发！ 小崽子们答欢快又响亮，一排坐在陆老夫人身后，左边两个，右边两个，将宋明渊拱在最中间。嫂嫂，你也喊出发，快喊嘛，快喊嘛！宋明渊嘴角抽抽，沉默了一瞬，他不可能这么幼稚，他喊不出来。嫂嫂，你就喊一声嘛，就一声。宋明渊眼睛一闭，出发。幼稚就幼稚吧，他只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三岁小孩，就幼稚的理所当然。爷、yeah，小崽子雀跃的欢呼一声。 随即转头扭向坐在后面的陆培峰，大哥：“该你了，快点快点，你也喊一声，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的。嫂嫂都喊了你，你不能不喊。你要是不喊，就跟我们不是一伙的。以后嫂嫂就是我们的了，跟你没有关系哦。”陆培峰有种想把他们挨个丢下驴车的冲动，但想到宋明渊素来喜爱这几个小兔崽子，他忍了忍，忍住了，至少现在不能动手。这些小崽子是懂得怎么强人所难的。宋明渊都快要笑翻了，突然就觉得刚刚自己喊的那一声不算什么了。 看别人的热闹，往往比看自己的热闹有趣的多。他声音带着笑意，朝陆培峰道：“你喊呀，该不会是不好意思了吧？”第五十七章，去县城捕获。陆培峰脸一僵，只觉得宋明渊看他的目光像是有热度一样，轻易就能让他心中泛起波澜。特别是前天晚上过后，每看他一次，他便无法保持平静。他移开了视线，平淡道：“出发。”咦，小崽子们拉长了声音，满脸嫌弃：“大哥。” 你这说的也太没有感情了，不行，你得重新来过，要像我这样出发，懂了吗？对对对，就跟宁宁喊的那样，大声一点，不许皱着眉头，要笑着说。陆培峰面无表情，妈撒了一下有点按不住的指尖，考虑着要不还是把他们丢下去算了。小小年纪，要求还挺多。宋明渊把扭身往后看的小崽子们拨拢回来，咳了一声，才没有笑出声音。好了好了，不许闹了，要不然挨打我可不帮你们，调皮。 陆思宁顺势斜倒在了嫂嫂身上，闻着嫂嫂身上的淡香，一脸陶醉。那好吧，我抠我的脚丫子吧。刚好听到这话的陆二夫人额角跳了跳，脸上的温柔之色寸寸皲裂。陆思宁，你敢再抠一下你的臭脚丫子试试看？陆思宁吓得捂住了嘴，咻的一下又放下了小胖手。我没有，我只是说说而已。哼，让我再看见我就把你的脚剁了。哪有小姑娘当众抠脚的？宋明渊原本忍住的笑，这会儿却没忍住。 笑得歪倒在陆培安跟陆培远两娃子身上，陆培远男子汉似的伸出手挡在外边，谨防他不小心掉下去。陆培安原本挺直的小身板故意塌了塌，让嫂嫂挨得更舒服些，也悄悄跟着抿嘴笑了起来。他喜欢看嫂嫂开怀大笑的样子，嫂嫂笑起来是最好看的。疲惫麻木的众人看见陆家人个个脸带笑容，眼里尽都是鲜艳。流放路上也只有他们还能笑得出来了。喝了零露水的黑驴今天走起路来格外有劲，都不需要怎么驱赶，就自个哒哒哒走得又稳又快。 陆家几位夫人跟杏儿在后面捡捡柴，累了就到驴车上坐一坐，喝一口林露水。他们捡的也不多，主要目的是为了不引人怀疑。他们驴车跟队伍隔了一大截，捡多捡少也不会有人知道。队伍紧赶慢赶，走了两天的路程，才到扶阳县城外。扶阳县紧挨着清河县，他们为了方便省时，走的都是官道。但是即便路过县城，他们这些罪极犯人也是不能够进去的。正是午时，连着下了好几日雪的天空稍稍放晴，明媚的阳光照射在雪地上。 让覆盖在最上层的积雪缓慢融化。虽然出了太阳，但冷意却没有一点衰减。雪化的时候比下雪天还要冷。官道是不能长时间停留占用的。吴达让队伍在城门口五里地的一片光秃秃的林子里落脚休息，想着等会儿要到县城里采购，他犹豫了一下，朝陆家人所在的方向走了过去。老夫人，待会儿我们要到县城里去一趟，你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帮忙捎带的？宋明渊一听就知道给大家改善伙食的机会来了。 虽然奶奶已经把那几样食材来来回回做了不下十几道的样式，可再好吃也经不住天天吃啊。他看向陆老夫人，奶奶，我想跟着一起去。这一声让原本还在想着让武达给带些什么回来的陆老夫人，转眼就将刚刚记下来的食材给忘了。武官爷，我们渊渊也想进城里看看热闹，你看能不能行个方便？他悠悠叹了一声，哎，这孩子苦啊，都没出过京城，打小就被宋家搓磨着长大，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这难得一次机会，你就带他去瞧瞧呗。 他是个安分规矩、乖巧懂事的孩子，不会给你惹麻烦的。吴达觉得自己要是不答应下来，良心都得隐隐作痛。老夫人大可不必这样睁眼瞎说，把安分乖巧这等跟宋氏不搭边的词也夸出来，更不用卖惨。宋氏像是那种很惨的人吗？他只会让别人惨。即便是让吴达拒绝，他也是不敢的。小事小事，不麻烦。既然这样的话，那等会儿我们就出发吧。你们先商量商量要买什么，商量好了叫我就行。陆老夫人笑眯眯道。 那就谢过吴官爷了。吴达一离开，陆家人就凑在了一起。渊渊，钱给你，我这也有。你想买什么尽管买，咱不缺这点钱。陆家几位夫人纷纷从身上掏钱，银子、首饰都拿了出来，全部堆成了一堆。就是陆老夫人，都把之前藏的物件一一取出，她不怕渊渊乱花，只怕给的不够。几个小家伙有样学样，也往外面掏。嫂嫂，都给你，我也有。哈哈哈，宁宁藏了最多。他们都毫无保留，满心赤诚。 这般处境之下，也只有他们才会全部将值钱的东西掏给他了。宋明渊心中像是他陷了一脚，暖意从裂隙蔓延，很快盈满了整个心房。他眉眼一弯，便笑了起来：“好，我给你们都收着。”他打算换一些更方便使用的散银给他们傍身。这些东西等到了雍州，再跟将军府里的东西一并拿出来。身上什么都没带的陆培峰，他将这两天才治好的竹哨子递了出去，吹三下，两短一长，能联系到长云。他知道哪里有钱。宋明渊顿住。 奶奶他们也就罢了，他难道不知道他空间装了多少银子？还是说他不放心藏银子的地方，想让他替他搬走？他觉得后面这个可能更大一些，于是不再犹豫，接过了哨子。你们要买些什么？我给带回来。陆大夫人将他拉到一边，不太好意思的开口说道：“渊渊，你给娘多买一些干净的月事带回来，你几个婶婶也紧着要用，再买几套换洗的礼衣。除了这些，别的就不缺什么了，你看着买就好。”好。宋明渊将大家需要的东西一一记下。 怕自己离开之后，狗皇帝派的人杀上门来。他在四个角分别埋下一块灵石，然后在一家人活动的范围区域用木棍画了个圈。你们在这个圈里别出去，等我回来。临走之前，又给了他们一些养翔粉才放心。第五十八章头磕的不太标准。知道吴达他们要到县城里去采购物资，队伍里机灵一点的人已经偷偷给官差塞了银子，买通他们帮忙带些东西回来。只不过他们一路上被官差薅得太狠了，能有余钱拿出来买通官差的人并不多。一百多个人里面。 只有七八个。陆家二房前两天丢了米，硬生生啃了好几顿硬的割牙的黑窝窝头，如今已是面如菜色，满嘴苦味了。陆二老爷现在浑身上下都掏不出十两银子，零零碎碎的钱加起来也才七八两，但是没有办法，想要吃上点别的东西，就只能掏银子买。他强撑着浑身骨头像是被拆过一样的身体站了起来，从臭烘烘的脏鞋子里摸出了铜板，与身上的碎银一并放在了手上。宋氏，我把钱给你，你帮我买些粮食和伤药回来。 如果有钱，陆二老爷肯定不会拉下脸来找宋明渊。但是他身上的银子就这么点，连买通官差都不够。就算心不甘情不愿，也只能开了这个口。宋明渊喜欢钱这种有价值的俗物，甚至是钱掉进屎堆里，他都可以拿水冲了洗洗干净捡起来。但是这些沾着陆二老爷脚气的银子，他宁愿徒手去捡掉在屎里的，都不愿接手。杀人不过头点地，为什么要拿这个来恶心他？眼看着陆二老爷就要把那些拿过来，他惊急之下一道灵力朝他膝盖打了过去。 退一退，退退退！维持着地前这一姿动作的陆二老爷膝盖一痛，扑通一下直直跪了下来，手里的铜板像是长了腿似的，全都掉落在地上，咕噜咕噜朝四面八方滚去。宋明渊收回手，惊讶道：“何必给我行此大礼？有求于人，说出来不就好了？我又不一定答应。要不你给我磕个头，我考虑一下。”陆二老爷一派憋屈忍辱的模样，脸色变了几变：“你不要欺人太甚！要不是身上的伤难好，他根本不会求他。我让你过来求我帮忙了。” 宋明渊翻白眼，好笑，自己送上门来的，不就是把脸递上来给他打吗？他好心让他得偿所愿，怎么能够叫欺人太甚？你要是不磕的话，那我可走了啊，少耽误我赶路的时间。求人都没有求人的态度，你求什么人？陆二老爷涨红了脸，很想站起来，愤然拂袖离开。但是，一想自己就这么离开，往后几日吃的都是那些难以下咽的窝窝头和馊饭团，身上的鞭伤还得一拖再拖，瞬间就挪不动步了。然而。 让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给宋氏磕头，又怎么做得到？陆二老爷内心剧烈挣扎起来，一边是脸面，一边是温饱和生存。如果是以前，虚荣又妄自尊大的陆二老爷一定会毫不犹豫选择脸面，但是现在脸面根本不能当饭吃，他已经快要饿得面黄肌瘦了，身上的边伤都溃烂发炎了。见陆二老爷迟,迟迟没有动作，宋明渊转身就走，一点面子都不给。陆二老爷一急：“等等，我磕，我给你磕。” 虽然心里已经做出了选择，但是他面上的屈辱跟愤懑却一点都没有少，只将这身体一点一点弯下了腰，停滞一半。见宋明渊没有喊停的意思，恨恨一咬牙，磕了下去。宋明渊没有要避开的意思，就这么站在他面前受了这一拜。他笑盈盈道：“你这头磕的不太标准啊，也不够响亮，我实在很难不怀疑你求人的诚意。要不然再磕一个。”陆二老爷心知他是借这个机会报复他之前做的事情，心中恼恨非常，但是让他放弃。 他又心有不甘，第一个头都磕了，现在停下来，前面那一个头岂不是白磕了？陆二老爷脸色铁青，敢让长辈下跪磕头，最好来一道雷劈死他！他忍着咬牙切齿的怒意，眼睛一闭就磕了下去。第一个头磕了，第二个头磕起来就容易的多了，甚至为了满足其要求，还磕出了响声。见此，宋明远满意地点点头：“行吧，我感受到你的诚意了。”听到这话，陆二老爷松了口气，紧接着心中又羞愤起来。 要不是为了一口吃的，他何至于此？不过总归是答应了，结果是好的就行。哪知这个念头才一落下，宋明渊就转身道：“既然你没什么事的话，那我就先走了。”什么？走？先走？等等！他眼睛一瞪，难以置信地质问道：“你不是答应了要帮我买东西的吗？我头都磕了，你不帮我买？我什么时候答应帮你买东西了？我只是说考虑一下而已。”宋明渊回过头来，看傻子似的看他。 你该不会以为考虑一下就是答应你了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叫什么考虑？所以，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过要帮他。你耍我！宋明渊看他无能跳脚的样子，笑道：“对啊，你现在才知道吗？你要是不记得陆家自请厨租时说过的话，日后我可以免费帮你刻在坟头。”说完，他不再看陆二老爷气急败坏的脸色，转身就跟旁边欢快的看完陆二老爷整个吃瘪过程的官差们走了。陆二老爷差点没气出病来。 一行人脚程很快，不到一刻钟的时间就赶到了扶阳县城门口。宋明渊举目望去，雕刻着“扶阳县”三个大字的石匾额，经过风霜的洗礼，已经斑驳了。城外围着栅栏，十来个拿着刀枪的守城兵分站两排，对进进出出的百姓例行检查。吴达奇怪道：“这扶阳县守城门的人怎么增加了这么多？以前来的时候，最多也才六个。他们之前到扶阳县采购的时候，这里的守城兵就算检查，也不会太仔细的，毕竟每天进出县城的人那么多。” 个个都要核对一下身份，那得是多大的工作量？本以为这次也是像往常那样，谁能想到看得这么严？见手成兵对进出的百姓一一查验身份，吴达皱起了眉头，这可就难办了。他们查得这么严，少夫人以你最急的身份，他们肯定是不会放行的。他看向宋明渊，商量着道：“要不然少夫人先在这里等着，我们把东西给你买出来。”第五十九章，一个敢卖，一个敢买。不用。宋明渊收回目光，你们买你们的就是了。 出来之后，我们在这里汇合。吴达只带了四个人出来，其余的都跟邓良留在林子看押队伍了。他们都是见过宋明渊那日大显神威的，知道不能以普通人的眼神看他。听他这么说，就明白了他有自己的办法。有陆家人在，吴达也不担心他会逃跑。再说他担心也没有用。行，那咱们半个时辰之后在这里集合。说罢，吴达就带着四个官差先进了城，目送他们离开，宋明渊才迈步往城门口走去。他穿着厚袄衣，戴着一顶尖尖的兜帽。 因为那张白净无瑕的脸，这不伦不类的穿衣搭配也不显得违和。几步之后，整个人就消失在了原地，像是从来没出现过一样。城门口排了一条长队，宋明渊隐藏了身形，旁若无人翻过了栅栏，顶着守城兵嘘嘘扫过的目光，越过正在接受询问的吴达等人，就这么堂而皇之走了进去。扶阳县只是一州下辖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那里并不繁华，比起京城随处可见的画楼云阁，这里稀松平常多了。大街由砖石铺成，长道。 两边低矮的店铺林立，街边支了一个又一个小摊。许是赶集之日，除了支摊叫卖吆喝的，街上还有不少穿着布衣的老百姓往来。包子，包子，热腾腾的包子，两文钱一个，新鲜出炉的包子。老板，你这卖的也太贵了吧？能不能再便宜一点？十文钱行不行？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上等的百年老参，一片下去包治病，两片下去活到九十九。快来看一看，哎，走过路过的千万不要错过。街上到处都是热闹的嘈杂声。 听到还有包治百病的老餐，宋明渊凑到人数最多的那个摊子看了一眼，只见一个肤色黝黑的老大爷双腿岔开坐在小马扎上，一边给人捡餐，一边高声吆喝。他面前摆了一块洗得发白的旧布，上面堆了一摞细细的餐条。宋明渊，这是党参吧？用来包老母鸡最合适。偏偏这个摊子是一众摊贩里最火的，还有不少人真信了大爷的邪，掏银子去买了。宋明渊看了一眼那用黑炭写的歪歪扭扭的价格，五文一根。 十文三根，他，包治百病，活到九十九，五文一根，十文三根。这九十九活的也太随便了吧！真是一个敢卖，一个敢买。然而，这又何尝不是普通人的疾苦？难道他们不知道人参的昂贵吗？怎么可能卖的这么廉价？只是他们终其一生都买不起昂贵的人参，只能寄微末渺茫的希望于人间真的有这样便宜又包治百病的神药罢了。宋明渊转到下一个摊子，一个瘸了腿的老爷爷在卖编织的精巧的草编蚂蚱。 如果说刚刚那个摊子是集市上最火热的，那么眼前这个摊子就是集市上最无人问津的。有钱人家的孩子不会买，没钱人家的孩子不会买。他的摊子有活灵活现的草编螳螂，有栩栩如生的青蛙，有威风凛凛的老虎，一个比一个精致。宋明渊想到了几个小崽子，于是上前问道：“你这些成品怎么卖？”头发苍白、满面岁月刻痕的老人见有人来问，面上稍有几分受宠若惊的意外，他立马放下了手中的半成品。 小新又忐忑的给宋明渊比了两根手指，两百文钱一个。宋明渊没看他，急得抓耳挠腮，继续伸手比一根手指的样子，点了点头，豪气道：“行吧，我全要了。”老人家急坏了，噔的一下站了起来，因为起得太急，小马扎都翻到了一边。他涨红了脸，用手给宋明渊快速比划了一顿，连着比了三次手指，二文钱，二文钱一个。我知道您老人家很急，但是您先别急，您的意思是我猜错了？宋明渊虚心问道。 听到他这么说，老人家眼睛一亮，萌萌点头。就是两文钱一个呀，两百文，把它买了都不值这个价。哦，不是两百文，那就是两千文，行吧？两千文就两千文。宋明渊在他瞬间傻眼的目光之下，将二十两银子一拍，打劫似的把他摊位上的十个草编全部卷走。反应过来的老人家兜起银子就一瘸一拐追了过去，急得摊位都不要了。哎呦，哪里来的败家娘们，真是人傻钱多！ 买十个草编花了二十两银子，我咋没碰到这种冤大头呢？老郑今天可真是踩到狗屎运了，早知道我也卖草编得了。也不知道那败家娘们以后还会不会来。距离草编摊最近的那两家摊主都羡慕不已，普通人一年到头都挣不了二十两银子，真是天上掉馅饼了。这老郑也是，怎么就追出去了呢？真是有便宜都不知道占。许是追不上，瘸了腿的郑老汉很快就折返了回来。旁边八卦的摊主立马凑过来问道：“哎，老郑。” 你真把那钱还回去了？那可是二十两银子，你真还了？郑老汉摸摸兜里的银子，察觉到隔壁摊主投来探究的目光，深知财不外露的道理，点了点头。哎呦喂，你还真是舍得，活该你穷一辈子！这钱都送到家门口了，都不晓得捡。那妇人一脸肉疼，活像还回去的是他的银子一样。郑老汉没理会他，坐回了自己的摊子。宋明渊不知道的是，之后几天，这附近都摆满了草编摊子。 而他难得发一次善心的老人家，每天风雨无阻都在这里出摊。别的摊主在等着他送钱，老人家等着给他还钱。宋明渊逛到了另一条街，这边店面要规整一些，街上很少穿打着补丁旧衣的老百姓。一眼扫过去，连在街边摆摊的都没几个，且开的最多的就是首饰店和酒楼。虽然只有一街之隔，但明显能感受到两者之间的贫富差距。显然这边的东西并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消费得起的，街上走动的都是些衣着体面的人家。 宋明渊走在其间，显得有几分格格不入。你这小娘子长得可真俊。一道轻浮中透着不怀好意的声音响起：“小美人，让哥哥好好疼疼你，陪本少爷一晚上，本少爷给你银子。”第六十章：路见不平，抬脚就走。宋明渊回头寻声看去，就见一个肥头大耳、穿着锦衣的年轻男子堵在了转角的一个小摊前，用折扇挑起了一个姑娘的下巴。那姑娘一身素缟，长得小家碧玉，此刻眼睫垂泪。 颇有几分梨花带雨的可怜模样。公子，奴家是梁家的闺女，请你不要说这样的话。奴家，奴家是不会跟你走的。宋明渊打眼一瞧，见那摊子上写着“卖身葬父”这几个大字，他扭头就走。公子见刚刚还对他十分感兴趣的人，痴迷地盯着某一处，身穿亮眼素衣、头戴精致小白花、楚楚可怜的姑娘，顺着他的视线看去，就见一个戴着兜帽、身形臃肿的女人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行走，因为背对着这边，看不清长相，不过一看就是个胖子。 就在他奇怪林三顺为什么会以那种眼神看向那边的时候，他一脸激动的指着那个背影，焦急的朝身后的随从喊道：“给我拦住他，快点，别让他给本少爷跑了！”公子，陶林情急之下一把抓住了他的手，想将他的注意力拉回来，哪知被他给一把甩开了。他扑倒在地，眼睁睁看着林三顺朝那女子走过去，咬了咬牙，为着今天他可是整整筹备了三个月的。陶林恨恨的捶了一下地。 看着林三顺的随从快步追上去，朝那女子伸出了手，正要张口说些什么，就见毫无察觉的女子突然转过身，猛地一脚踹开了离她最近的人。娇艳夺目的容颜撞入眼帘，陶林危机感顿生，还没反应过来，就脱口而出：“姑娘，快跑！”宋明渊看了他一眼，没动。这时，林三顺已经走到了他面前，油腻的目光色眯眯地盯着那张让人见之忘俗的脸，露出几分猥琐的笑：“美人，这是要上哪去啊？哥哥带你。”哎呀！ 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害哥哥差点就错过了这么个绝色美人儿！这样的破衣服怎么配得上你这张脸？哥哥带你去买漂亮衣服，亲手给你换上怎么样？说着，林三顺的咸猪手就要朝宋明渊伸过去。那位被踹了一脚的随从捂着肚子都没来得及提醒他这娘们的狠劲，就见林三顺的手直接被咔嚓一下扭断了，一声脆响听得人头皮发麻。紧接着是林三顺杀猪般的惨叫，那张满是肥肉的脸上冷汗涔涔。 竟是扭曲的痛色，哪里还有刚刚的轻浮放荡？你怎么长得这么让人倒胃口？姐姐把你的肥猪皮扒下来当地毯怎么样？宋明渊笑眯眯地说道，仿佛那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是什么好听的仙乐似的。你你撕林三顺疼得直抽气，脸上的肥肉都跟着一颤一颤的，眼泪鼻涕直流。大胆！你知不知道本少爷是谁？敢这么对我，你你完了，你全家都完了！我爹不会放过你们的。 你爹是谁？宋明渊问道。他爹是扶阳县县令林金贵。姑娘，你还是赶紧跑吧，晚了就来不及了。陶林白着脸色向他解释，林三顺是他唯一的儿子，林金贵从小就把他当成眼珠子一样宝贝。你断了他的手，他是不会放过你的。你现在逃还有活命的可能。宋明渊看向他，你刚刚为什么要接近他？他欺负过你？陶林愣了一下，忽然间泪如雨下。他遭受了诸多不公。 却从来没有人问过他是不是被欺负了。这句话，他死死咬着牙，红着眼睛，几乎所有的伪装和坚强都差点被这句话给击溃了。我妹妹，我妹妹就是被他害死的。这人渣看中了我妹妹的好颜色，让人当街掳走了她。我妹妹不从，他就强上，因为不肯屈服，他就把她，把她赐给了府中的下人赏玩。我妹妹，我妹妹死的时候全身青紫于痕，是被他们活活虐待死的。桃林字字带恨，声音哽咽的几度都差点说不下去。 看着林三顺已然没有了一开始伪装的怯懦和可怜，全都是浓到化不开的仇恨。他们把我妹妹的尸体抛到乱葬岗，我爹为了给他讨公道，被他们逼着滚了一遍钉板，最后活活打死。他们不是人，我爹不过是想要讨一个公道，他们却当着我爹的面把我娘给奸杀了。他们都是畜生，是畜生。说到最后，陶林已然崩溃，一双漂亮的杏眼里布满红血丝，瘦弱的身体因为消化不了极致仇恨的情绪，隐隐颤抖。 林三顺被他恨入骨髓的目光惊到了，甚至都忘了手上的痛。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小娘皮是故意接近他的。如果刚刚他真的把他带回去……一想到这里，林三顺就禁不住打了个寒战，惊出了一身冷汗。他恶狠狠说道：“好啊，你这贱人还敢设计我！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知道你妹妹跟你娘是怎么死的，还敢凑上来，是不是也希望自己被人轮一遍？你放心，我很快就会满足你的。你们把他们两个给我抓住，那个长得好看的别弄伤了。” 本少爷要亲自调教，敢断我的手，我要让他后悔！几个随从立马一拥而上，陶林本能就想跑，但是还没转身，就看到宋明渊一脚将人踹飞。这一脚比之前还要狠，直接把人踹出去三米远。只这一愣神的功夫，他就被冲来的两名随从抓住了。林三顺身边保护他的都是练家子，抓住一个没有武力的陶林，对于他们来说简直不要太轻松。只不过在他们抓住陶林的时候，宋明渊他手刚好也扼住了林三顺的咽喉。你你你！ 你想干什么？林三顺吓得磕巴，想到宋明渊刚刚拧断他手的利落劲儿，差点尿出来。他怕急了，他一个不小心把他的脖子给拧断了。有话好好说，我放你走，我放你走还不成吗？他努力给随从使眼色，让他们看准时机救驾。但是下一秒就觉咽喉一痛，有种骨头快要被捏变形的感觉。林三顺立马虚了。宋明渊不像是在掐人的脖子，而像是在掐一只鸡，还是那种就要被宰了洗热水澡的鸡。让他们放人。第六十一章。 大卸八块，放，放，放，赶紧放！林三顺眼神闪烁，心脏狂跳，冷汗都浸湿了额头。这贱人敢威胁他，他死定了！随从不敢轻举妄动，杨三顺落在对方手里，要是出了个什么意他，他们也只能吃不了兜着走。两人不敢大意，只能暂且先放开陶林。可以了吧？林三顺紧张的像是脑袋里绷住了一根弦，已经暗暗做好了宋明渊要是放开他，他就立刻摇人来弄死他的准备。 他林三顺什么时候在自己的地盘上被人这么威胁过？不把这贱人玩烂、弄死、剁碎扔去喂野狗，他都咽不下这口气。可以，虽然这般说着，可宋明渊扼住林三顺的手却没有移动分毫。听到他的回答，林三顺松了一口气，肿泡的眼里狠辣稍纵即逝。那你放了我吧，都是一场误会，我保证不会找你们麻烦的。这事就当是这么算了。算个屁！胆敢伤他，他要这贱人出不了扶阳县。站在一边的陶林心下一紧。 生怕宋明渊真的放开林三顺，正要提醒他林三顺的反复无常，说的话不可轻信。就见宋明渊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一样，轻轻笑了起来，那双纯净剔透的美眸带着几分玩味。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放了你了？我说可以的意思是，你可以去见阎王了、啊。这些人怎么总喜欢误解他的意思呢？林三顺身体一僵，满脸横肉的脸瞬间浮现出惊恐之色。然而宋明渊根本不给他开口求饶的机会，手指用力一收，咔嚓一声拧断了他的脖子。 他动作快的所有人都来不及反应，几乎是最后一个话音落下，林三顺的脖子就发出一声令人牙酸的脆响，随即以一个极其诡异的角度歪到了一边。那张脸上还保留着临死前的惊悚和骇然，暴突的双目几乎瞪出了眼眶，似乎到死都难以相信宋明渊真的会动手。四周静默了一瞬，看到这一幕的行人惊呼尖叫着作鸟兽散，原本还有些人气的街道霎时全部都被清空了。林三顺死的太过有冲击力，桃林一震，万万没想到他就这么死了。 还死在了他面前，甚至根本不需要他费尽心机，出卖自己的肉体作为代价去接近他，行报复之事。死了，哈哈，真的死了。桃林忽而落下了眼泪。爹娘妹妹，你们在天之灵看到了吗？害你们枉死的罪魁祸首，终于遭报应了。他蓦地掏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匕首，义无反顾地朝林三顺倒在地上的尸体捅了过去，一刀又一刀，鲜血喷溅在脸上，犹不自知。宋明渊没管他。 而是看向了想要逃跑的那几个随从，四颗豆子齐飞出去，瞬间爆头，咚咚咚咚，四人齐齐倒的气绝身亡。等宋明渊回过头来的时候，林三顺已经被陶林当街给大卸八块了，满地都是血乎乎的碎肉，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味。宋明渊面色如常，似乎这么血腥凶残的一幕对他来说就像是一头死猪被剁了一样。等陶林脱力坐倒在地上，他才开口问道：“你知道县令府怎么走吗？”陶林噔的一下站了起来，一抹脸上的血迹。 秀丽的脸上狠色烧退，我带你去。说罢，他就想提着刀莽过去。宋明渊叫住了他：“等等，你指路，我带你。要是这么莽撞闯过去，只怕还没到县令府就被围了。”他时间紧迫，没有跟狗县令周旋的想法，最好速战速决。他将手搭在陶林肩膀上，带着他一跃就上了屋顶，陡然腾空。陶林惊魂未定，不过很快就适应了。两人一离开，周围虎视眈眈、饿得骨瘦如柴的野狗就凑了上去，他们夹着屁八。 隔着一段距离，在那堆碎肉与残肢附近转了两圈，见身边没有威胁，便窜上去撕扯啃咬起地上的肉来。等一众官兵接到报案赶过来之后，原地只剩下一堆零零碎碎的骨头了。王师爷脸一白，颤声道：“你你你,你，你确定被害的人是是三顺？哎呦，我的师爷，我哪能拿这样的事情蒙你？真的是三顺少爷，我亲眼看到那妖女拧断他脖子的。”看到卷着猩红舌头离开的野狗，王师爷只觉一阵天旋地转。 胃里一阵翻涌，猛地跑到一边吐了起来。他脸色青灰，好一会才擦干净嘴角，嘘声问道：“他们长得什么模样？”这报案的人被问住了，才发现之前脑子十分清晰的人脸，这会儿已经模糊了轮廓。饶是他再怎么努力，也想不起来。师爷，我离得远，看的不是很清楚，只知道他们一个穿着深灰色的厚袄子，一个穿着素白色的孝衣。王师爷找来了附近的人，一一问询，他们说的与报案之人说的别无二致。 似乎只知道行凶之人穿着什么衣服，其他一概不知。立马派人去城门口蹲守，一旦见到这样穿着打扮的人，第一时间扣下。还有县令老爷在府上还没有收到消息，你去通知他来一趟。王师爷一一交代下去。现场五具尸体，只有林三顺是没留下全尸的，尸块野狗啃咬的面目全非，连头都被叼走了。也不知道县令老爷看到这样的场景会遭受多大的打击。另一边，宋明渊已经在陶林的指引下顺利来到了县令府。 等一下，我把狗县令抓了，交给你处置。你出来的时候换套衣服，在这里跟我会合。陶林也没问宋明渊要去干什么，听到能亲手处置林狗，浑身的血液都跟着沸腾起来。好，如果他能成功杀掉林狗，以后这位姑娘就是他桃林立士一辈子都要效忠的主人。宋明渊完全不知道他此刻的想法，只带着他从屋顶侵略而过来到了主院，还没靠近正屋，就听得屋中靡靡乐声飘出，歌姬如黄莺般的歌喉悦耳婉转。两人落在屋顶上。 揭开瓦片一看，就见同样肥头猪耳的林金贵躺在摇椅上。屋中铺设了地暖，中间还放了一个三角顶的暖炉。一名珠圆玉润的女婢穿着裸露的衣裳，跪在摇椅旁边，给林金贵托举着香精的烟杆。他的对面，几名貌美的舞姬腰肢款摆，广袖轻扬。其间，一名舞伎抱着琵琶跪坐在旁边弹唱。林金贵则躺在摇椅上，一口一口抽着烟杆，半眯着眼睛享受着这神仙似的快活，一点都不知道危险将近。第六十二章搬空县令府。 陶林想到枉死的家人，恨得牙根都咬出了血味。好在他还理智尚存，没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来。三个月的时间他都等了，不差这一分半秒。宋明渊把升级版的迷药撒下去，对比于上一次用迷药等了半刻之久，这次只几个呼吸的功夫，里面的人就全倒了。秒秒的乐声一歇，几声重物落地的声音相继响起。宋明渊携着陶林飞落在庭院中，两颗豆子同时飞射出去，正中守门提刀侍从的眉心。这于弹指之间杀人灭口的手段。 即使陶然看过一次，也依旧止不住打从心底拜服。今日若不是有恩人出手相助，他不一定能手刃得了仇敌。见宋明渊走了进去，他连忙跟上。屋里歌姬手里的琵琶滑到了地上，给林金贵托举烟杆的女婢也软倒在地。宋明渊径自越过一众昏迷的舞姬，将歪斜在躺椅上的林金贵提了起来。那肥硕的身体在他手里似乎完全没有重量，轻的像一根羽毛。他扫了一眼晕倒的人，把林金贵提溜到了另一间屋子，往地上一扔。 你可以报仇了。这瓶是哑药，吃了它能烧坏他的嗓子。这瓶是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剧毒，不会让他断气，但会让他恨不能立马断气。还有这把刀，片肉好片，剔骨也还行。给你，宋明渊将东西一样一样往外掏。他记着陆奶奶对他的叮嘱，所以没有堂而皇之暴露空间，而是借着衣服的遮挡往外拿。陶林颤抖着双手接过，并非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无法克制的激动。如果说此前他对这个世界只剩下绝望跟怨憎，那么这一刻。 他无比感激这个世界上有宋明渊这样的人，他不会教他放下仇恨，不会教他怎么从阴影中走出来，他会给他递刀。陶林胸腔中充斥着化不开的浓烈情绪，眼泪一点点晕湿了眼睫。好，他低低应声，只觉得“感谢”这两个字分量太轻了。你只有一刻钟的时间。等陶林迈步走向林金贵，宋明渊才离开屋子。他回到了正屋大堂，把悬挂的山水画收了，装饰的古董花瓶收了，昂贵的檀香木家具收了。 窑已收了，香精烟杆收了，目之所及的值钱玩意全都收了。走出了屋子，又把池里养的锦鲤收了，名贵的花花草草也给收了。随后又造访了府上的库房、仓库、暗示从前院到后院，地毯式的搜刮了一遍，连娇妻美妾的房间都不放过。林金贵宅邸的财物数量虽然比不过京城里的贪官庞大，但林林总总的财宝加起来也超过了一半，可想而知，在位期间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宋明渊一点都不手软。 路过后院的马棚时，还把里面养来上献给达官显贵的几匹油光水滑的宝马给收了，连好好的三辆马车都给改装拆成了方便载货的板车。等报信的人赶到县令府的时候，偌大的县令府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子，府内的护卫跟丫鬟仆从无一例外全晕了过去。他慌慌张张的就往主院跑，还没进去就先闻到了屋里飘出来的血腥气。偏房半掩的门缝，血迹渗了出来，一滴一滴顺着石阶滑落了下来，有的已经干涸了，有的还在往下淌。 看到这样的场景，拿着佩刀奉命前来禀报的官兵瞬间头皮发麻。他壮着胆子走上去，轻轻把门推开。地面上大摊的血迹，猩红刺眼；一副骨架被踢得干干净净，只有关节处还粘连着肉末。内脏器官遍地都是，滚在旁边的头颅被劈成了两半，白花花的脑浆迸溅在地上，跟鲜血混杂在一块，看得人机遇作呕。屋里到处都是挣扎的痕迹，被挠花的桌角，沾着鲜红手印的白墙，血腥又残忍。 映入眼帘的场面，让推门的官兵害得猛然往后退了几步，一个不防栽倒在地，几乎是连滚带爬跑出了院子。来，来人！出事了，出事了！县令大人被歹人杀害了！快来人啊！另一边已经被宋明渊带出县城的陶林跪在地上，朝宋明渊虔诚的磕了个头。从今往后，陶林为奴为仆，心甘情愿供您驱使。奴下别的本事没有，唯有做生意这一门手艺拿得出手。如今大仇已报，主人要是有需要。 陶林可为您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他是真心想要追随他的，但也不想他感到一丝丝为难。追随您是奴下一厢情愿的想法，无论您答应与否，您都是陶林心中认可的主人。您身边要是不缺奴仆伺,伺候，奴下便到别处去。只要您一句话，无论所隔千山万水，奴下都会不远万里向您奔赴而来。从前陶林是为了报仇才苟活于世，此后的每一天，陶林只为报恩，只为一人而活。坠在宋明渊发间充当配饰许久的灵蝶动了动。 又悄咪咪多抱了几缕他的头发。我没有让人当牛做马、为奴为仆的喜好，会帮你只是顺手。你走吧。让杏儿跟在身边，是因为阿言才对他多了两分照顾。他继承了阿言从小到大完整的记忆，便无法对他视而不见。人不能只想着得到而不想着付出。他已经得到了许多，所以帮助阿言是应该的。至于桃林，萍水相逢罢了。这么一想，怎么感觉自己好像那个渣男似的？宋明渊连忙将脑子里偏到一边的不正经想法拍出去。 虽然早就知道了由此结果，桃林眸底的光亮还是暗了暗，难掩失落。但是他不是个会这样轻易放弃的人，他希望自己也能在将来的某一刻帮助到他。于是不再多言，重重扣了个头，退至一边。见他没有执意要当他的仆从，宋明渊以为他是放弃了，心下松了口气。好好一姑娘，怎么能净想着给人当牛做马，为奴为仆呢？他含笑道：“希望你以后能好好生活，事事皆安，不会再遇到像今天这种需要以身涉险的事。” 说罢，略微冲他点了点头，就要转身离开。好好生活，事事皆安。陶林心中默念这句话，咬牙忍住泪意，下意识上前一步：“姑娘，您此去何方？”第六十三章，开除夫籍。害怕宋明渊会以为自己纠缠不休，徒惹他厌烦，陶林小心翼翼道：“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离姑娘近一些，在您即将要去的地方生活。姑娘若是不方便回答，就当我没问。”宋明渊脚步顿了顿，转过身来：“我去的是流放之地。” 那里只有生存，没有生活。流放之地是出了名的穷凶极恶。宋明渊对流放之地有多凶恶并不了解，大抵知道许多犯了罪的人都会被流放到那边去开荒，其中不乏有像陆家一样被冤枉的人，但大多都是真正不好相与的凶恶之徒。在不能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我劝你还是不要去。能知道宋明渊的去向，陶林已经很开心了。听到这话，连忙点头说道：“我知道，此去一别，万望姑娘保重。”嗯。宋明渊应声，没再多留。 转身离开，他找了个无人的角落，将板车放出来，然后一一往上面堆叠货物。首先是吃的，他将刚刚在县令府仓库里搜刮到的精米细面拿了几袋，又丢了一笼鸡、一笼鸭在上面，鸡蛋更是装了满满一个大箩筐。为防止路上磕碎，还在箩筐里续了些甘草米糠作为填充。除了这些，猪肉、猪骨、蔬菜、薯类也没少放，还给驴和马儿准备了两大袋饲料。光是这些就已经占了半个车子了。想着奶奶跟二婶做饭时不方便。 宋明渊又在车上放了一块砧板和一把菜刀，还有几个竹编的精致菜篮子和铜盆，以及一摞碗筷。他已经想好了，要是吴达他们不让带菜刀，那就不给他们饭吃，正好还能让奶奶跟二婶他们减少一点工作量，何乐而不为？腾出位置后，宋明渊再把大家要买的东西一一放上去：换洗的衣服，比厚袄子更暖和的球衣斗篷，贴身柔软的里衣，暖靴都冒不精，以及一些女人家的用物，铜镜、梳子，还有润肤的胭脂水粉。 后面可有可无的零碎小物件都是他自己加上去的。陆家人对他用心，他也要对他们用心。宋明渊也不拿外表花里胡哨、十分精巧的，只拿了朴实无华、不怎么起眼的。等一应货物都装上车之后，才驱着货物载等满满的板车，掐着点往约定好的地点赶。宋明渊回到城门口时，吴达他们才刚刚从城里出来。五人手里都提了大包小包的东西，为了轻装上路，他们买的东西其实并不多，都是些干粮和食物。 且大部分还是卖给流放队伍里的人赚外快的。看到宋明渊那满满一大车货物，几人一呆，差点没把手里的包裹掉下去。陆家人这不是去流放，这是去出游的吧？哪家流放东西配备的这么齐全的呀？瞧瞧，吃的就不说了，还有擀面杖跟蒸笼，连紫砂壶跟茶叶都有，小东西一样一样的。流放路上得享受成什么样子？吴达还看到了板车上挂的砧板跟菜刀，但他只当没看见，一顿饱和顿顿饱，他还是分得清的。而且。 如果一路上能吃上十次八次陆老夫人的手艺，别说是一把刀了，就是再多两把都行。宋明渊坐在板车上，拉着缰绳，见他们大包小包的不好拿，便随口道：“你们先把东西挂在车上吧，等会儿到地拿就行。”吴达有点意外，在此之前他一直都对宋明渊有种忌惮，但现在才发现，其实只要不招惹到他，他还是挺好说话的。谢过少夫人。道过谢之后，吴达便让兄弟们把东西都挂上板车，一人手里只拿着一个不重的包裹，跟在宋明渊家的板车后面。 营地里，陆思宁蹲在圈圈前一厘的边缘，揪着一根草，嘴里念念有词：“嫂嫂离开的一刻钟，想他；嫂嫂离开的两刻钟，想他；嫂嫂离开的半个时辰，想他。”每一句“想他”落下的背后，都有一片叶子遭到他小胖手的摧残。陆培青三兄弟依次蹲在他身边，每个仔都离宋明渊画的圈圈一丁点距离，伸个脚就出去了，将揪的只剩下杆杆的枝条扔掉。陆思宁歪头：“我对嫂嫂喜爱之情，犹如滔滔江水般延绵不绝。”哥哥。 你们呢？陆培安腼腆羞涩的笑了笑，我也是。我对嫂嫂的喜爱之情，就像牢固的磐石一样，不可动摇。陆培远一听小胸脯，我对嫂嫂的喜爱之情，就像是旭日永照一样，长长久久。陆培青认真想了想，说道：“我对嫂嫂的喜爱之情，就像徐徐清风般，此生彼长。”见哥哥们都像自己一样喜欢嫂嫂，陆思宁眯眼咧着嘴儿笑了一会儿，立马又糊起了一张小肥脸。大哥一定是我们之中最不喜欢嫂嫂的，你看他。 杵着看奶奶炒菜都不跟咱们一起等嫂嫂回来，与我们格格不入，肯定对嫂嫂不上心。咱们把他开除副籍吧！我同意，我附议，我赞成。车轮子咕噜咕噜的响声传来，商量着开除陆培风副籍的四个小崽子齐羞羞的抬头看去，见到驾着板车归来的宋明渊那一瞬，四双眼睛齐齐一亮，嗷的一声就冲了出去。眼见自己最先冲出去，却因为人小腿短落到了最后，陆思宁心中一急，腿儿一绊，猛地朝前扑了个跟头，哎呦！ 听到身后的动静，三个哥哥一个急刹回头，看到妹妹久久没站起来，赶忙折返回来。宁宁，你没事吧？摔哪了？疼不疼？宋明渊遥遥看到了这边的情形，正要扔下板车过去，就见半天没起来的小姑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噌的一下站了起来，撒开鸭子就跑。额前细软的头发都被带起的风吹开了，露出一张白嫩嫩的小脸蛋。哈哈，都被宁宁给骗了吧？哈哈，嫂嫂，宁宁来了。 小姑娘扯着嗓门边跑边笑，露出一口细白的牙齿，快乐的跟只放出笼子的小鸟似的。你个小坏丫头，千万别让哥哥抓到你！竟敢炸哥哥，陆思宁，你完了！三小只立马追了上去，一个个跑得超快。陆思宁最先跑到宋明渊面前，踮起脚尖朝他伸出了手，紧张兮兮道：“嫂嫂，抱抱抱！”报报第六十四章城里人善解人意。在另外三个崽子追上来的前一秒，宋明渊将小姑娘提溜了起来，哈哈。 身子腾空飞起，陆思宁小姑娘张着嘴巴笑得喉咙中间的小肉牙都在打颤。宋明渊将她挨着自己在板车上，这种快乐太能感染人了，连平时最容易害羞的陆培安都朝嫂嫂张开了手：“嫂嫂，我也要上去。”“嫂嫂，抱我，抱我。”宋明渊一个不漏将他们提溜了上来，几个崽崽也十分配合。等嫂嫂把他们抱上了板车，一个个小脸上都漾着开心的笑，俨然已经忘了刚刚妹妹炸他们的事情。宋明渊把买回来的草编一人发了一个。 让他们挑了最喜欢的，又将早早准备好的糕点拿出来，人手发了一块。几个小崽子叽叽喳喳，幸福的找不着北。陆老夫人擦干净手上的水，远远看着这一幕，苍老的面庞便染上了慈祥的笑意。渊渊可要把这几个小兔崽子宠坏喽！哎呦，怎么带了这么多东西回来？走走走，咱们也赶紧过去帮忙。宋明渊还没回到营地，陆老夫人他们便迎了出来。其他人听到动静，扭头看到那装了满满一车的货物，都惊呆了。陆二老爷心梗的厉害。 他盼着陆家人落魄，求上门好狠踩他们。结果人家不仅每天大鱼大肉，这小日子还越过越好了。反倒是他自己，日子越过越糟心不说，还被狠狠踩了脸。刘氏没有理会他黑漆漆的脸色，用水煮软官差发放的黑窝窝头就着吃了两口。他偷偷用银子让官差带了一小袋米，留着给儿子吃。陆培昌已经醒来有两天了，虽然人没烧傻，但也伤了根本，看起来病歪歪的，整日就由随行的仆妇背着走。许是知道了那日发生的事情。 他醒过来之后，整个人性情都变了，没有了往日的无理取闹，也变得不怎么爱亲近人和说话。每每看到他这样，刘氏便心疼的落泪。陆香如啃着辣嗓子的干粮，看到他又在抹眼泪，只觉得他没用极了，哭哭哭，就知道哭，哭有什么用？他怎么就生在了这里？如果他是陆家大房那边的，该有多好？看到陆思宁他们几个手里拿的点心，陆香如咽了咽口水，他也好想吃点心。这些干粮他真的吃腻了，如果能抢过来就好了。 宋明渊在一众人各异的神色中，将板车停在了营地中间。吴达几人将包裹卸下，正要走回自己的地盘，扶着货物的陆老夫人就叫住了他：“小吴啊！”他笑眯眯地说道：“辛苦你们照顾我们家渊渊了，待会啊，都带弟兄们过来喝口热粥啊，天气冷，都暖暖胃。”这一大车的东西，无论吴达是出于什么原因才允准带回来的，他们也得成这份情。一顿粥而已，不亏不亏。吴达可不敢鞠躬，脸上露出几分惭愧之色。老夫人。 我们其实没帮上什么忙，这些东西都是少夫人自己带出来的。如果不是少夫人有本事，今天可能都进不了城。陆老夫人听到他们说渊渊有本事，便眉开眼笑，心里乐呵。没事，粥煮多了，你们只管过来吃就行。那成，我放好东西，再叫兄弟们过来。另一边，宋明渊已经被陆家几位夫人团团围住了。渊渊，县城好不好玩？累不累啊？来，先洗洗手，肚子饿了吧？咱们已经做好饭菜了，就等着你回来呢。我的渊渊宝贝。 你可太细心，怎么准备了这么多东西？连梳子、镜子、胭脂、水粉都有。哈哈，咱们可是在流放啊，一般人哪里会想到这些？能有得吃都不错了。渊渊这小脸蛋也用不着这些，一看就是为了他们买的，其间心意不言而喻。陆三夫人感动的给了宋明渊一个熊抱，三婶可真是太稀罕你了。其他几位夫人也是面带笑容，难得的不是胭脂水粉，难得的是在流放路上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还有人为他们用心考虑这些，真是叫人心都软成了一片。 宋明渊被陆三夫人这突如其来的熊抱，抱的头发都乱了，难得有几分反应不过来的猛然。好了好了，你赶紧起开，吓着渊渊了。陆大夫人嗔了他一句，伸手替宋明渊理了理凌乱的头发，眉目透着一股子温婉柔和。宋明渊弯眸笑起来，看着他们，我不累，扶阳城还挺好玩的，就是忘了把陆培峰的财物给端走了。但是不要紧，他把狗县令给端了，里面的人还十分善解人意，对我很友好，知道他这两天没活动筋骨了。 特地送上门来给他收拾，把他们家搬空了也不会生气。陆大夫人不疑有他，笑着说道：“没在外面吃亏受委屈就成，冤冤复冤身后，以后也会遇到更多好人好事的。”我也觉得，这样的好人好事可以再多来点的。他不介意。一众人被他率直的模样逗笑了，陆五夫人也不禁微微弯起了嘴角。只有熟知这一趟都发生了些什么事的林蝶，微不可察的颤动了一下翅膀。杏儿揉了揉眼睛，是他的错觉吗？他怎么觉得这只蝴蝶会动？ 应该是风吹的吧，因为下午还要赶路，一家子也不着急把板车上的货物往下卸，只把驴车空了出来，将煮好的吃食端到拆下来的板车上。老三媳妇抓些饲料喂一下驴和马，老二媳妇跟老四媳妇，你俩去把渊渊带回来的新碗筷用热水烫一烫。陆老夫人跟大儿媳将两锅粥端到板车上，转而吩咐道：碗筷装在一个箩筐里，有四十只巴掌大的粗瓷碗。陆二夫人跟陆四夫人清点了人数，洗了便摆在了板车上。 陆老夫人用大铁勺子一个瓷碗舀了两勺，都是热乎乎的白米粥，米香浓郁，配上炖煮的咸菜干，十分诱人。吴达很快就带着官差过来了，他带了几只在县城里买回来的烧鸡，给陆家人分了一只。众人整齐地排好队，每人领了一碗粥，便坐到旁边，将中间的地留给陆家人。吴达跟邓良还有林东坐得近了些，一口热粥下肚，浑身都舒坦了。老大，你怎么不多买几只烧鸡？我一个人都能干掉一大只。林东吃得满嘴油。 吴达端着粥碗说道：“你当我不想买？就剩最后这几只了。本想到别处去看看有没有的。你猜我们看到了什么？”第六十五章通缉榜榜首。吴达故意卖了个关子：“看到了什么？”林东的好奇心果然被他吊了起来，连手里的鸡脖子都忘了啃。流放这些天以来，难得能听到关于外面的事情。陆老夫人跟几位夫人、孩子也都朝吴达看了过去，将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吴达这才说道：“我们看到了扶阳县张贴了通缉告示。” 我还以为是什么奇事呢，这通缉告示不是年年都贴吗？林东大失所望，还是他的肉香，正要啃鸡脖子，吃了口肉的吴达又道：“这次可不一样，告示上通缉的人可不是以前那些阿猫阿狗，这人啊，偷了皇上的私库和京城许多大人的宅邸店铺，听说还是被一夜搬空的。你说奇不奇？”林东震惊的忘了动作，不能吧？这世界上有这样的神人？那么多东西怎么可能一夜之间搬空？宋明渊淡定喝粥，仿佛事不关己一样。 陆老夫人心头都跳了跳，哎呦喂、哎，他就说渊渊怎么能拿这么多东西出来？想到之前在牢里吃的那顿摆盘精致的饭食，当时没多想，现在想想，那可不就是宫里才有的吗？感情渊渊不仅把将军府搬了，京城许多人的宅邸、店铺搬了，连皇帝私库都搬了，搬得好！虽然不知道渊渊搬的是谁的宅邸，但能被渊渊惦记上的，准不是什么好人。几位夫人跟陆老夫人的想法一致，未免被看出什么端倪，赶忙低头喝了口粥。 吴达也不觉得这世上会有这样的奇人，谁知道呢？但这通缉令是皇上亲口下的，光是悬赏的金额就有千金之多，甚至可直接封爵。这事我看八成是真的。林东倒吸一口气，一千金换算成白银就是一万两，白银万两外加封官授爵，这可是铁了心要抓到那人啊！这世间竟有此等奇人，不知道是何模样。陆老夫人不动声色问道，实则心都提了起来。几位夫人也屏住了呼吸。 心中紧张的不行，林东此刻已经完全忘了手里还有个鸡脖子没啃完的事，能一夜之间搬空这么多家宅邸和皇上私库，这人难不成有三头六臂？吴达道，这也是最奇怪的一点，按理说通缉令都出了，应该有人的画像才是，但那通缉令上张贴的是一个无脸人，身形魁梧的像是个力大如牛的壮汉。听到此言，陆老夫人暗暗松了口气，还好还好，狗皇帝不知道冤冤长什么样。陆家几位夫人也险险捏,捏一把汗，不过都是在深宅后院长大的人。 便是心中千丝百转，面上也没有流露出分毫异色。林东点点头，也对。如果不是身材魁梧、力大如牛，又怎么会有这等本事？光是皇宫，普通人想要进去都难。不过，不知道具体样貌就想要抓到人，这无异于大海捞针。这可未必。吴达扯了个鸡腿，我出城门的时候，听说县令府被搬空了，那狗官跟他儿子一个惨死在街上，一个惨死在府中，被通缉的人估摸现在就在县城里。要不是我们走得快，恐怕连城门都出不来。 陆家人，得，这口气还是送的太早了。一家人的心重新被吊了起来。原来渊渊说的好玩，跟他们所想的好玩并不是同一个好玩。不过渊渊肯定在城里受欺负了，要不然也不会无缘无故搬空县令府。能让渊渊赐他们惨死的结局，一定是因为他们做了很过分的事。那人真的在扶阳县现身了，林东惊得瞠目结舌。那扶阳县岂不是要热闹了？不说官府如何如何，就是奔着通缉令，也有无数人涌进去。 那可是千两黄金跟官爵啊，又何尝不是一种致命的吸引力？何况那个人真的有这样神乎的能力，必定有很多人想将其收为己用。陆老夫人跟几位夫人显然也想到了这一层，不免忧心忡忡。可看到渊渊耐心的给几个小崽子将鸡肉剪碎，面上不但没有一丝急躁，反而很是淡定，莫名的心里就安了下来。吴达将鸡骨头扔掉，擦干净手，岂止是热闹，那可是通缉榜上有史以来悬赏金额最多。 擒获可直接封官的人都已经压过当年赫赫有名的赤脚神偷燕无痕，成为通缉榜,榜榜首了。当年燕无痕仅仅只是被朝廷悬赏了八百金，就被人天南海北的追杀，更不用说现在这个。不过外面就是闹破天，也跟我们无关。咱们还是吃饱喝足，继续赶路吧。也对，这种事情离他们这些底层人还是太过遥远了。那通缉犯要真那么好抓，朝廷哪还用得着发悬赏令？如此神乎的人，就算他们面碰面撞上了，也不可能将其擒获去领赏。 说不定连自己的小命都给搭进去了。林东喝了口粥，伸手朝纸包探去，不料摸了个空气。他定睛一看，包着一只鸡腿的纸包空空如也，顿时呆住。不是我肉呢？他看看吴达，再看看地上干净的鸡骨头，一脸难以置信。听个热闹，他肉没了。我去看守队伍，华爱卿他们几个过来吃。你等会儿让兄弟们帮忙把碗筷洗了。吴达三两口扒完粥，碗筷一放，赶紧提脚就走。林东，他的肉，肉。 肉，见他捧着碗，面上一片天崩地裂的表情，陆老夫人瞧他可怜，给他分了一块鸡胸肉。虽然只有白米粥配咸菜，但官差们都很喜欢，特别是他们要押送队伍背井离乡大半年，这种让人倍感亲切的粗茶淡饭，显得既暖心又暖胃。一顿饭吃完，官差们都帮着收拾东西。陆老夫人用抹布仔细将锅底的水擦干净，吩咐道：“老大媳妇，你们趁着有时间，将驴车跟马车上的物件再归置归置，把空间腾出来。” 驴车上的东西经过这几日的消耗，只剩下棉被和做饭用的锅具，以及两个篓子的木柴。能吃的只剩下几把菜干和那日给官差们做饭送的一袋米。如今多了一辆板车，将东西挪一挪，腾出空间，一家人挤挤也能坐下。哎，娘，我们这就去收拾。第六十六章扣押。活越做越是利索。经过这些天的适应，几位夫人做起事情来已经十分顺手了。她们皆做农妇打扮，素面朝天，乌黑的头发利落地盘起。 挽着一小截袖子，方便干活。两人站在板车上递东西，其他三个站在板车下拿东西，彼此之间配合的很是默契。宋明渊拉着几个仔也去帮忙，力气大的就搬重点，力气小的就搬少点。很快，全部东西就分成了两份，频繁取用物件就放在驴车上，取用的没那么频繁的就放到马车上。每辆车都空出了三分之一的空间，刚好能坐下所有人。一家人齐心协力，效率极高，不到一刻钟的时间就把东西收拾好了。 吴达他们也才刚刚将队伍赶起来，准备出发。宋明渊带着几个小崽子，还有陆培峰跟信儿坐在马车上，陆老夫人载着陆家几位夫人坐在驴车上，一行人陆陆续续走上了官道。路面积雪消融，呼出去的气很快就凝成了冷雾。陆家人已经换上厚球衣和新鞋子，车上还铺了棉被，又有汤婆子暖手。尽管外边依旧寒冷，但一家人全身都是暖融融的。几个小崽子已经打着哈欠躺在板车上，信儿细心地给他们掖好了被子。 也靠在货堆上昏昏欲睡，他决定跟来时已经做好了裴渊小姐吃苦耐劳的准备，谁能想到路上过得这么安逸呢？比他们在宋家还舒坦自由。宋明渊不会赶马车，不过他会御兽，虽然学艺不精，但让一匹马正常走动起来还是不成问题的。他只需要时不时拉拉缰绳，冲个样子。马车还没走出一里地，宋明渊悠哉悠哉拉缰绳的动作便是一顿，他率先察觉到了异样，铺开神识一探，就见两队人马以极快的速度朝他们这边赶来。 已经到二里地外了，人数还不少。队伍里的人一无所觉，只有陆培峰身体微微绷紧，一双幽暗深邃的冷眸朝路口瞥了一眼。很快，马蹄声渐渐逼近，队伍里的人纷纷停下脚步，转回身朝后面看去。就见两队配刀的官兵骑着马冲过来，为首之人大喝一声：“前面的都给我站住，不许反抗，否则就地格杀！”众人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被冲上来的官兵举着刀迅速包围了。怎么回事、啊？ 官兵怎么来了？不是已经下罪让我们流放了吗？难道是突然改了主意，要把我们拉去砍头？这句话一出，队伍里的人一下子就白了脸，个个神色慌张起来。特别是看到眼下这个阵仗，有心理承受能力差的人直接被吓哭。队伍短暂的混乱之后，吴达站了出来，而那名叫嚷着他们站住的中年男人已经打马走到了近前。他身穿官服，目下无尘，坐在马上居高临下看人的时候，自带着一种惧傲与蔑视。不知道大人这是何意？ 吴达押送流放队伍多年，也是头一遭碰到这么个情况。若非是碰到犯人逃逸，他们主动联系地方官差，对方一般不会找上门来。陆老夫人和几位夫人看到官兵的时候，脸色微变，下意识就把这件事情跟扶阳县里发生的事情联系在一起，一颗心直直往下坠。他们第一反应就是渊渊暴露了，一时间紧张得手都攥了起来，在心里念了好几声冷静，才没有自乱阵脚。暂替县令一职的杜方海斜睨了吴达一眼，直接无视了他的问话。 抬着下巴，鼻孔朝天道：“我乃扶阳县新县令，尔等可是罪臣陆丰的亲眷？”这一开口，陆老夫人和几位夫人心里就有了底，是来找他们的，不是来冤冤的。虚惊一场，虚惊一场。正是，敢问……陆老夫人话还没说完，杜方海冷笑打断了他：“是就好，来人，把他们这些卖国贼统统都给本官抓回去。”官兵当然是听杜方海的命令行事，正要动手，拿着佩刀的邓良上前一步：“等等。” 我们是奉皇上之命押送这些人前往流放之地，你们扶阳县的人想从我们手里拿人，总要有个由头吧？邓良的行为让杜方海觉得自己的威严受到了挑衅，当下便沉了脸色。本官自然奉的是皇上之命，你们不配合本官将这些犯人捉拿回去，反倒一而再再而三包庇他们，究竟是何居心？他半眯着眼睛冷哼一声：“莫非你们同他们是一伙的？”面对杜方海的施压，邓良连眼皮子都没抬一下，只是例行一问。 大人多虑了，既然是奉皇上之命，那便请大人将文书呈与在下一看。杜方海勃然大怒：“大胆！你一个小小的差脸，也敢阻挠本官办事？并非阻挠，只是公事公办。”邓良油盐不进，一副没有文书就别想抓人的样子，让杜方海怒不可遏。你王师爷连忙道：“大人息怒，咱们还是办正事要紧。前线老爷尸骨未寒，还等着您回去主持公道，缉拿凶徒啊！凶徒一日未除。” 他们这些跟着林金贵混的，就得整日整日提心吊胆，像是脖子上悬了把摇摇欲坠的刀，什么时候掉下来都不知道。想到他们父子俩凄厉残忍的死状，王师爷便不寒而栗，生怕自己有朝一日也会是那样的下场。杜方海余怒未消，狠狠剜了邓良一眼，愤然拂袖：“本官大人有大量，不与你们这些宵小之徒计较。”来人，呈文书，叫他们好好看清楚，免得说本官已是欺人。很快就有一名官兵捧着一卷文书走了上来，邓良接过。 上面的玉印无误，仔细查看内容后，眉头微不可察的皱了一下。确实是皇上传令，让扶阳县县令将流放队伍暂时扣押下来的，没错。如果不是皇上御令，他或许还能想想办法。将文书还回去，邓良退到一边，让出了路，请便。不明原因的扣押，往往才是最令人害怕的。流放路上虽然艰难，但是他们苟一苟还能活命。如果真的被押回去，谁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见吴达和邓良阻止不了，有人惧怕，真的会被带回去斩首。 竟然直接撞开旁边的官差，跌跌撞撞撒腿跑了起来。第六十七章，在进大牢，其他人不敢轻举妄动。所有人这会儿的目光，这会儿都不约而同的集中在了逃跑的年轻男子身上，既希望他能跑掉，又不希望他能跑掉。宋明渊看了一眼那狗官，正愁没地方出气呢。这种时候当这个出头鸟，无疑是找死的行为。果然，杜方海一看见有人逃跑，刚压下的火气蹭蹭的往上涨。这群刁民简直是在蔑视他。 敢在本官的眼皮子底下逃跑，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来人，把他给本官诛杀，以儆效尤。被冠上罪级流放的人就是这样，性命低贱，微不足道。犯了错不知悔改，便可轻易打杀，没人会去追究。一支利箭飞了出去，带着脚镣的陆家族人还没跑远，就被当场射杀。陆家族人被吓得噤了声。那名被杀男子的亲眷捂着嘴巴，连哭都哭不出来。陆翔则是两腿虚软，一屁股坐倒在地上，脸上惨无人色。好险！ 好险！如果刚刚不是有人先他一步跑出去，死的就是他了。他看着后心中剑趴倒在地死不瞑目的同族，不禁打了个寒战。很快，一行人就被交由扶阳县的官兵接管，被他们押送回去，扣留在扶阳县。目送队伍渐渐远去，留在原地的官差忍不住为陆家目前的处境担忧，一个个急躁的来回走动，总觉得怎么都不得劲。他娘的！皇帝不是下最让陆家人去流放的吗？把人扣押在这里是怎么回事？不会真的临时反悔了吧？不行！ 咱们得跟过去看看，这万一要是真的被问斩了，就算不能救，好歹也能给他们收收尸。老大，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要不咱们琢磨琢磨去劫个狱？我钱万峰这辈子还没干过这么刺激的事呢。对，我黄老三平时虽然贪生怕死了点，但如果是去劫陆家人的狱，就报上我一个名字。我也去，我还有我。以前陆家的英雄事迹听听也就过了，他们这些在底层摸滚打爬的人，只有眼前的生活，说他们目光短浅也好。 说他们自私没有大碍也罢，反正在他们眼里，陆家跟别的流放犯没什么不同。然而这几日接触下来，陆家人彻底颠覆了他们的认知。陆家人跟他们以往押送过的所有流放犯都不同，他们不像有的人落魄了就被打击得一蹶不振、郁郁寡欢，也不像有的人明明都被流放了还一派清高做派，看不起他们这些底层官差。相反，陆老夫人会给他们讲边关风貌，讲茫茫大漠驻守的将士，讲他们一腔壮志死战到底，尸骨无人收敛。 只能沉尸沙场，任由野鸟啄食。蒋娜临战前一封封未来得及送出去的家书，被战火焚烧，看不清本来的面目。蒋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蒋直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有人以血肉之躯将战火挡在了关外，才让他们得以为生活奔命，得以苟活。他们不知道陆家人有没有通敌叛国，只知道陆家老夫人会给他们熬香浓的米粥，陆家几位娘子会给他们缝不小心刮破的衣服。 陆家人也从未说过自己蒙冤，只是举手投足、一言一行中窥见的风骨，无时无刻不再昭示着他们所受的冤屈。如今陆家人被扣押在扶阳县，他们无法坐视不理。我一条贱命死了就死了，但是陆家人不能死。吴达看着他们一个个蠢蠢欲动的样子，恨不得提刀就走的样子，不禁头痛了起来。送死也不是这么个送法的。等等，容我好好想想。他眉头皱成小山，手叉着腰，来回踱了两步。这样，他停了下来。 看向兄弟们，说出了自己的打算。咱们现在还不知道眼下是个什么情况，不宜盲目冲动。我先跟邓良进城里打探打探消息，你们回到刚刚落脚的地方安营扎寨，原地待命。包藏祸心的人都被宋明渊踢出出队了，留下来的人都是对吴达极为信服的，因此都愿意听他的话。行，那我们就在外面等着。老大，你们注意安全，小心行事。有邓良这小子在，你们还不放心吗？商议过后，吴达便跟邓良一起出发，折返扶阳县了。另一头。 宋明渊一行人被官兵催着赶着押回了县衙，因为不知道什么情况，怕东西被没收，他们身上什么都没带，两辆板车也停放在了城外，让林东帮忙照看。杏儿跟几个小崽子早就醒了，只有陆思宁小没心没肺的，还窝在陆二夫人的怀里呼呼大睡。一直到官差将他们押送进牢房的途中，小姑娘才迷迷瞪瞪,瞪半睁开眼睛，看见陌生的官差，还有一排排阴暗逼仄的牢房，陆思宁倒头就闭上了眼睛。她肯定是还没有睡醒，不确定，再看看。 闭上眼睛的小姑娘又悄咪咪睁开一条眼缝，眼前的场景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越发清晰了起来。她噌的一下直起了身子，吓得瞌睡虫都飞了。怎么又被抓进牢里了？嫂嫂呢？嫂嫂呢？嫂嫂呢？哦，嫂嫂还在。陆思宁放心了，身子一倒，眼睛一闭，三秒入睡。陆二夫人，她怎么就生了这么个缺心眼的小笨货？都被抓进牢里了，还能睡得着？心里虽然嫌弃，但还是调换了个姿势。 让女儿睡得更舒服一些。空余的牢房并不多，但是队伍加起来有一百多个人，只能十几个挤在一间。分配牢房时，陆家人花了点银子打点狱卒，才得以一家人单独关在一起。牢房光线昏暗，空间脏乱狭小，比他们之前在京城待的那一间条件还要差。里面甚至弥漫着一股冷潮发臭的味道。宋明渊掏出一颗凝香丸，用火折子点燃，在牢房里走上一圈，空气中难闻的臭味很快便散了。娘，你说那位临时把我们扣押在这里？ 究竟是什么意思、啊？陆家几位夫人面色凝重，也没有心思收拾牢房。狗皇帝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实在叫人心中难安。如果知道对方要做什么，他们尚且还能心里有数，早早防备。可现在根本就是两眼一抹黑。第六十八章，我要见县令。陆老夫人倒没有慌乱，她细细想了想狗皇帝这么做的动机，好一会儿才说道：“无利不起早，他之所以这么做，肯定是与他有利的。将我们扣押在这里，可以切断我们跟外面的联络。” 他不可能让我们就这么死在牢里，这跟在京城毒杀我们没有区别。那么这么做的目的，极大可能是为了把咱们跟暗处的人手分隔开，对他们进行围剿。短短两天，他们已经经历了不下三次刺杀，都是渊渊和青海长云在对方还没有动手之前就把人给清了。在外面，狗皇帝根本就找不到机会杀他们。如今只怕转变了思路，实际先斩断他们的一条左膀右臂，然后逐一击破。那青海长云他们岂不是危险了？两孩子虽然是家生子，但也都是他们看着长大的。 感情自然非同一般，几位夫人不免有些担心。陆培峰说道：“青海长云跟在我身边多年，不会这么容易被抓住的。婶婶们放心，那边派人伏杀接连失利，不用想，肯定也会使别的招数。会针对他暗处的人也在他的预料之中。在此之前，他给青海长云提过醒，二人素来机敏，不可能什么准备都没有。”陆老夫人站起身来，豁达道：“多想无益，他总不可能把我们一直关下去，且就在这里安心待几天吧，少则三天，多则十天。” 总之没那么快放我们出去的，咱们先把地儿收拾了，住着也舒服些。唉，几位夫人没再胡思乱想，纷纷动起手来。娘就是他们的主心骨，渊渊就是他们的福星，有他们在，再大的难关也能渡过去。没有打扫的工具，几位夫人只能靠自己的双手。他们将牢房铺的干草折成了一把简单的扫帚，仔细把牢房里的蜘蛛网和地上的草干和老鼠叼来的碎屑打扫了一遍。虽然看着仍然有些埋汰，但已经比没打扫前要干净多了。陆老夫人环视一圈。 还得去跟他们要几垛干草，这里只有一张床，晚上铺铺给渊渊跟孩子们睡，咱们将就将就都睡地上。牢房空间不大，也只能这样安排了。娘，我去喊人。狱卒肯定不会白帮忙的。陆三夫人这一觉又去了二两银子，好在渊渊给他的碎银多，要不然还真拿不出手。三垛干草很快就被狱卒送了过来，大家都上手帮忙，在干净一点的地方铺上厚厚一层，当成晚上睡觉用的地铺。虽然简陋了些，但现有的条件也只能做到这样了。 晚饭是在牢里吃的，狱卒给提供的饭食用一个包浆的干水桶装过来，盛出来的时候都能闻到那股子馊味。牢房里的饭菜虽然简单，但也不至于要到吃馊了的泔水这种地步，这明显就是欺负人。陆三夫人最先压不住脾气：“你们就打算给我们吃这个？他们也不是挑剔的人，给几个窝窝头都能接受，但这明显是喂猪的东西，还是馊的，侮辱谁呢？”狱卒把勺子往桶里一放，嘲讽道：“这是上面吩咐的，我也没有办法，谁让你们得罪人呢？” 你们要是不吃，那就等着饿肚子吧。说完，他拎着泔水桶就走。等他走到下一间牢房去准备分发泔水的时候，脚下莫名一个打滑，身体失去重心，猛然朝后仰倒。在跌倒的一瞬间，手里的泔水桶因为惯性一下全扑洒在了他的脸上，呛了他好几口。发臭发黄的米粒粘在脸上，呼吸间全都是一股直冲脑门的馊臭味。哦，狱卒忍不住一阵反胃，干呕出来。他呕了好几下都没能压下那一股恶心的感觉。 扔下干水桶，直接跑了出去。哈哈，活该，遭报应了吧？原本还有些生气的陆三夫人，顿时乐得不行。陆老夫人嘴角噙着一抹笑，哪有什么报应，不过是渊渊替他们出气罢了。狱卒离开之后，也没有重新送饭食过来。宋明渊正要从空间里拿，莫地手顿了一下，他察觉到了一道窥探的视线，在他的右侧方，那里是一堵墙，有人藏在墙后面监视他们。对方很小心，连呼吸都极难感知，藏匿功夫一流，若非修炼灵力。 他还真的很难第一时间把他揪出来。宋明渊暂时放弃了往外拿吃食的打算。片刻之后，他确定了一件事情：对方在监视他，而不是陆家。他一有什么举动，那道隐晦的目光总会即刻转到他身上。联想到刚刚狱卒拿过来的馊饭，他一开始只以为是杜方海故意刁难他们才让人送来的。但如果不是杜方海呢？为了验证自己心里的猜想，宋明渊走到牢门边，砰砰砰,砰拍起了门：“快点给我们拿吃的过来！你们这些东西是给人吃的吗？” 把我们扣押在这里，就是让我们吃猪食？什么破地方啊！还让不让人活了？我要见你们县令！这一反常态的举动，让了解他脾气的陆老夫人和几位夫人心里一惊。渊渊向来都是能动手就不动嘴，动嘴的时候必然动手。如此反常的举动，肯定有他的缘由。甭管渊渊想干什么，先配合了再说。于是陆三夫人也冲过去拍起了门：“来人，喊你们县令过来，好好看看，这种又馊又臭的东西是给人吃的吗？你们是不是存心想要饿死我们？” 对，我们要见县令。真没见过哪家牢房是给犯人吃馊食的。几位夫人义愤填膺，小崽子们也跟着扯开嗓子哭嚷：“我不要吃猪食，呜呜，猪才吃猪食！”我们要见县令，太臭了，为什么要让我们吃这些？你们肯定是故意的。我们要见县令，让他给我们个公道。吵什么吵？听到动静的狱卒黑沉着脸走来，用刀柄将门拍得震天响。再吵吵，信不信我拔了你们的舌头当下酒菜？牢房霎时一静。 大家都像是被吓到了的样子，只有陆思宁抹着根本不存在的眼泪，嗷嗷直叫：“我要见县令，我要吃好吃的，我要县令给我好吃的，我不要吃馊饭，我不要吃猪食，我不要吃馊了的猪食。嗯”呜啊啊！我要见县令，犹如魔音穿耳。第六十九章，竹笋炒肉好吃吗？狱卒额角跳了好几跳，忍无可忍，怒道：“闭嘴！大人现在忙得脚不沾地，哪有空搭理你们？等会儿就给你们几个馒头。” 再敢嚎一句，我就把你剁了喂猪！陆思宁可怜巴巴道：“那好吧，你得多拿十个八个，要不然几个我吃不饱的。”狱卒气得转身就走，他就不应该看他年纪小答应他，什么熊孩子！狱卒怒气冲冲离开，再怒气冲冲的提着一笼馒头回来，没什么好脸色，往里一丢，瞪了陆思宁一眼，粗声恶气道：“别让我再听见你的声音，只要饭管饱，生活没烦恼，我答应你吸吸吸！”嘻嘻嘻。陆思宁开心的跑过去，提起放在地上的馒头。 小嘴巴一碰，扬起小脸，甜甜道：“叔叔，你可真是个好人。”狱卒，你吃吧，不许再吵了。也就我脾气好，要不然你多少都得吃一顿竹笋炒肉。狱卒说完，转脚走了回去，竟又颠颠的多拿了两个肉包子过来。全程看着的宋明渊，可以的，小姑娘都会给自己挣口粮了。陆思宁小脸都笑成了一朵花，拿着肉包子，又甜甜的给狱卒道了谢，然后眨巴着眼睛问出了刚刚没来得及问却一直惦记的话：“叔叔。” 竹笋炒肉好吃吗？狱卒一噎，顿时臭着一张脸，没好气道：“不好吃！屁大点小孩，连竹笋炒肉都不知道，还想吃，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狱卒送来了十个馒头，两个肉包，十三个人分一分，勉强能垫垫肚子，根本不顶饱。宋明渊不是个会亏待自己的人，他空间里搜刮了那么多美食，不就是为了吃吗？暗处的视线仍然在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宋明渊面上不显，暗暗掐了几个手诀，调动灵力，施展了障眼法。 只一晃眼的功夫，躲在墙后暗示监听的人就看见陆家人分吃完十几个包子，闲聊了几句，便躺在铺好的干草上面休息了。一切都很正常，没有异动。但实则宋明渊已经将一道道美食端了出来。为了避免香味外泄被察觉，他还利用空间将声音和气味都给隔绝了。自从那日洗精伐髓之后，他修炼灵力越发顺畅，再加上有空间源源不断的灵气补给，修为更是突飞猛进。昨天晚上就已经突破了出灵境三级。 若是之前，宋明渊可能无法同时兼顾空间和术法同时进行，但三级之后的修为足以支撑他做这些事情。宋明渊一边将菜拿出来，一边提醒大家：“有人在暗中监视我们，是从刚刚那名送馊饭的狱卒走之后开始的。”但这话一出，再配上他此刻将食物一叠叠变出来的举动，陆老夫人脸上的笑纹险些一崩。乖仔，你可别吓唬奶奶，奶奶年纪大了不惊吓。他已经忘了渊渊不同于一般人的事实，几乎是下意识的第一反应就是紧张的把饭菜挡起来。 几位夫人也连忙将东西藏了藏，做贼一样的。渊渊，现在这个人还在吗？在。陆思宁一手肉丸，一手蒸糕，正胡吃海喝，呼的一张小脸跟小花猫似的。听到这话，猛地一惊，停顿了有一秒的时间，小脑袋飞速的想着毁尸灭迹的办法，最后嗷的一下将手里的东西一口往嘴里塞，撑得两边小脸蛋鼓鼓囊囊的，一双乌黑的眼睛瞪得溜圆。其他三个小崽子也有样学样，最后一排过去都是一个表情。 像往嘴巴里囤满粮食的小仓鼠一样，又呆又可爱。谢儿也是一脸紧张警惕，只有陆培峰敏锐地感知到暗中窥视的人目光被干扰了。之前他还能察觉到那道隐蔽的目光在牢房里徘徊穿梭，但现在却完全没有了那种感觉。他想，能让监视之人对他们现在的举动不觉有意，甚至是无动于衷，那么对方现在不是失去意识了，就是产生了幻觉。但是陆培峰清清楚楚地知道，躲在暗处的那个人现在的意识是清醒的，他中了幻术。 陆培峰心中吃惊，他看了宋明渊一眼，羽睫的弧度微微下垂。他发现，他对他其实并不了解。难道阿渊真的是天上行事不羁、不受束缚的仙女？这种手段实在惊人。看着众人紧张兮兮、如临大敌的模样，宋明渊有些忍俊不禁，解释道：“没事，吃吧，不用怕。他看不到我们的，咱们可以正常说话。”大家松了口气，想到最开始流放那日，渊渊都能凭空把一个大活人变消失，这会儿糊弄一下暗中监视的人。 好像也不是不可能，这样想着，一颗心就放了回去。这会儿不用担心被别人发现，宋明渊直接摆了张四四方方的桌子出来，把碗碟、筷子一一摆上去，还有饭前开胃菜、饭后消食的茶点。做完这些，又往外面拿了些水果。这些水果都是他在空间里种的，之前从皇宫搜罗来的时鲜水果，每样都种了一点，因为时不时调动灵气滋养果树，生长的速度很快。除了果树，他还在空间开了一块小菜地种青菜，两日下来已经出苗了，没有虫害不说。 长势还格外喜人，晚饭很丰盛，丰盛到如果不是知道这是在牢房，大家都要以为自己是在酒楼了。这又是羊汤猪肚，又是燕窝鱼翅的，酒楼都没吃这么好。谢儿惊呆了，他一直都知道冤小姐总会偷偷给他们补货，那鸡蛋吃了一茬又一茬，鱼捡了一条又一条，仿佛怎么都吃不完似的。但是亲眼看到这种场面还是第一次。谢儿怀疑自己被关进柴房那天晚上就已经被冻死了，所以才会臆想出来死后的世界。可他死后的世界里。 应该也有小姐在的才对。谢儿情绪有些低落，然而这份低落的情绪没能维持多久，很快就被震惊给取代了。他惊怔地看着宋明渊的头发，只见一直别在他乌发上充当发饰、毫无生气的蝴蝶，浑身散发出来一点点荧光，光芒越来越亮，流光溢彩，煞是好看。谢儿人傻了，倏地瞪大了眼睛，伸手指着那只蝴蝶，磕磕绊绊道：“渊渊小姐，你头上的蝴蝶？”他呆呆傻傻的样子，好像活了。第七十章。 被怀疑了，杏儿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众人齐刷刷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那蝴蝶扇动着翅膀，似乎有些害羞，往宋明渊后脑勺挪,挪了挪，遮住了一半的视线。哇，好漂亮的蝴蝶！陆思宁惊叹一声，见他躲了起来，小姑娘一溜烟跑到嫂嫂身后，将自己的小肥脸放大凑了上去，睁着一双乌黑澄澈的眼睛，稀奇的盯着他。她还没见过这样似的，比以往见过的所有蝴蝶都好看。 知道眼前这小崽子是阿渊喜欢的，林蝶用触须轻勾了勾他那张近在咫尺的软滑小脸蛋，又往后挪了挪。宁宁顿时星星眼，哇！他手指头蠢蠢欲动，想摸一摸这只会发光的虫子，但是又怕碰坏了它。这是我的好朋友阿言，宋明渊笑着介绍。阿言活下来本身就要受到诸多限制，虽然不能让他出现在世人面前，但是把他介绍给亲近的人还是可以的。知道宋玉言对杏儿来说很重要，他没有藏着掖着隐瞒信儿。 他也是你最想见的人，他想见的人，他最想见的人。线儿愣住，似乎不敢相信这世上有这样的美梦。她蹭的一下站了起来，颤抖着嘴唇：“小姐，是她。”得到肯定的回答，线儿蓦地一下就红了眼睛：“小姐，真的是小姐？她线儿果然已经死了，她见到小姐了。别人说这样的话，线儿可能会质疑一下，但渊小姐亲口所说，她连怀疑都不曾有。我可以摸一下她吗？”线儿咬着牙，隐忍着哭腔。 宋明渊含笑点头，当然，经过这几天的酝酿，宋玉言的灵体凝实了些，已经比一开始风吹一下都要维持不住的状态好多了。杏儿压抑着心中的激动，还没伸手，就见灵蝶朝自己飞了过来。它飞落在他手上，轻昵的在他手心蹭了蹭。这熟悉的动作让杏儿机遇喜极而泣。他蓦然想起那天下午渊小姐在林子里告知他实情的事。那会儿他身上还没有携带这只蝴蝶，第二天早上才出现在他头发上的。当时他还赞叹过这蝴蝶好看。 原来那天晚上，渊小姐就把小姐带回来了。她以前无数次被打得半死不活的时候，不止一次向上苍祈愿，祈愿有人能带她和小姐脱离苦海。原来真的有心软的神听到了，他杏儿以后要做渊小姐最忠诚的信徒。宋明渊做事情一向随心，如果知道杏儿心中所想，可能会笑出声来。吃饭吧，要不然饭菜都凉了。以后还有很长的时间。好，陆老夫人其实从杏儿这几天突然改变的称呼中，就已经窥见了几分异样。此番看到杏儿的模样。 也猜到了些什么，不过他并没有深究。无论渊渊是与不是之前的宋明渊，他老太婆也只认这一个渊渊。他的渊渊心肠最是柔软，无论是谁都无法取代。因为宋明渊的一句“好朋友”，陆家人戴灵蝶也上心了几分，并没有把他当成普通的蝴蝶看，甚至还给他专门挪了个位置，摆上了他喜欢的水果，不能吃闻闻香味也是可以的。夜晚所有人都睡下后，那道监视的目光才终于消失了。闭上眼睛，铺开神识的宋明渊能清楚看到。 他离开了漆黑一片的暗室，转角离开了监狱。等人离开一段距离捕捉不到的时候，他才收回外放的神识，睁开了眼睛。牢房里光线昏暗，隐隐约约能听到最外边牢房犯人受刑过后的痛苦呻吟。宋明渊睡在床的外沿，陆培峰睡在床脚边铺着干草的地面上。他睁开眼睛的时候，陆培峰也盘腿坐了起来。服用丹药病气犹存的男人靠在床边，问他：“阿渊，你发现了什么？”他知道他不会无缘无故为了一碗馊饭。 就闹着要见县令，一定是发现了不对的地方。其他人都睡了，陆老夫人还没睡，她睡不着，心里头莫名有些不安。特别是看见渊渊一反常态的举动之后，一颗心就不上不下的。刚刚没问出来，只不想大家跟着担心。陆老夫人也坐了起来，怕她不愿意说，压低了声音哄道：“渊渊，你给奶奶透个底好不好？要不然奶奶不放心。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你放心，奶奶的承受能力很强的，就是有天大的事情，我都能扛得住。”见他们都想知道。 宋明渊亲手轻脚下了地铺，与陆老夫人跟陆培峰面对面坐在一起。奶奶，那我可说了，哎，你说，奶奶听着。陆老夫人立马就坐直了身体，将耳朵亲了过去，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宋明渊被他逗得笑了笑，才慢慢说道：“暗中监视的那个人，我怀疑他是监视我的，因为我每次一有动作，他就会特别留意。对方武功很高，跟路上伏杀咱们的人不是一个档次的。这样的高手，不太可能是扶阳县本地的。” 陆老夫人面色凝重了几分。宋明渊说出了自己的猜测：“我怀疑他们很有可能已经把皇宫失窃的事情联系到我头上了。这是里里外外都透着一股子奇怪。他那日跟陆培峰一起搬空贪官府邸，还有皇帝私库的时候，已经做得很谨慎了。按理说应该不会这么快被发现的才对。就算他昨天在扶阳县里不小心漏了端倪，可扶阳县距离京城有好几百里的路程，消息根本不可能传得这么快。扣押他们的那道文书，在他去扶阳县之前就已经下了，要不然。” 也不会才刚回营地没多久就碰到了杜方海带人来抓他们，也就是说，他搬空县令府的事情还没有发生，狗皇帝就已经怀疑上了他，并且下达了文书。陆老夫人脸色一绷，陆培峰也沉默着没有开口说话，低垂的眸子一片冷凝，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宋明渊继续道：“狱卒说，杜方海忙得脚不沾地，自顾不暇，那么那顿馊饭肯定不会是他忙里抽空还特意让人送过来的。除了杜方海，我想不出来还有谁会看我们不顺眼。既然不是他……” 那就另有其人，送馊饭的目的也可能不仅仅只是为了刁难我们，他们很有可能是想看我有没有特殊能力。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接下来几天对方会连着给我们送馊饭。第七十一章养多多的兵，现在也只是在怀疑的阶段，但他们却绝不可能坐以待毙，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如果等顺安帝亲力对付他们，就处于被动了。陆老夫人沉默半晌，浑厚的声音振聋发聩：“实在不行，咱们就反了吧。” 素来稳重的老太太语出惊人，宋明渊都给镇住了。他问：“奶奶，咱们有兵？有。”他眼睛一亮：“多少？”陆老夫人里不知气也壮：“两万。”他再问：“那他们有多少兵？”“六十万。”见宋明渊瞬间不说话了，陆老夫人嘀嘀咕咕：“老婆子手里要是有六十万兵，还能轮得到他当皇帝吗？早在他把通敌叛国的罪名扣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就让他当废帝了。陆家人忠君，他老婆子可不忠。” 他中的是陆家，中的是那个喜欢吃他做的叫花鸡，哪怕糊了沙子也说好吃的老头子。宋明渊站起身来，我还是直接去杀了他吧。说着就要往外走。等等，两道声音同时响起，一声出自陆老夫人，一声出自陆培峰。陆老夫人怕他冲动，赶忙道：“乖乖，现在没兵，咱就养兵。那狗皇帝虽然不是个东西，但是他处在那个位置上，必是身负气运之辈。你杀了他，必然要背上其中的因果。奶奶不能让你担上这样的业障。” 陆培峰虽然没说话，但显然也是这个意思。他们不信这些，所以敢于弑君，但不能因为他们不信，就让他陷入万分之一的凶险。宋明渊没动了。上一世他被雷劈死，未尝没有行事太过肆意妄为的可能。一个世界总有那么些身负气运之人，他砍了这些人，自己当然得承受其中的因果业障。顺安帝深系一国兴衰，现在杀了他，轻则引起朝堂动荡，重则可能让气数未尽的北魏从此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虎视眈眈的其余诸国不会给他们准备的时间。如果是以前被雷劈死就劈死了，区区雷劫他一点都不放在心上，大不了就是死，他怕吗？他一点都不怕。但是现在他不想被雷劈死了，被雷劈死可疼了，还丑，乌漆麻黑的跟块炭似的。万一到时候大家都认不出他来，可咋办？这样一想，宋明渊便缓缓挪了回去，蹲下跟老太太兀自对视一阵子，乖巧说道：“奶奶，那咱们到流放之地就养兵。” 陆老夫人心都化了，眉开眼笑道：“哎，养兵，养多多的兵。”心里却是有一丝隐忧。原本他只是担心，但渊渊的举动无疑说明了杀狗皇帝，他是真的会背负上业障。看来是功德还是业障也分人的，他以后可得多留意一些了。渊渊不能杀的人，他们来，等他们有足够制胜的把握，就是狗皇帝的死期。养兵烧钱，既要兵器，又要马匹，还得准备军粮，不是一年半载就能完成的事情。不过没有关系，事在人为，咱们只要敢做。 就有把他弄下来的一天。陆老夫人之前完全没想过要造反，毕竟陆家的祖训摆在那里。但今天这事给她提了个醒：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就算他们捂得再严实、再小心，渊渊的能力迟早也会有暴露的那一天。不管愿不愿意，他们都会站在顺安帝的对立面。到那个时候，手里没有制胜的利刃，他们连自己都保不住，更别说保住渊渊了。在生死存亡面前，陆家的祖训也没有那么重要，最多等他死后，再到地下跟那群老家伙掰扯。哼 <laughs> 他连狗皇帝都敢反，还怕一群早已入土的老古董？陆老夫人仔细琢磨起养兵的事情，陆培峰也在认真思考有哪些堪当大用的人手。如果要反，肯定得好好打算。宋明渊想了想，又站了起来：“我还是得去皇宫一趟。”见陆老夫人跟陆培峰齐齐抬头看向他，他说道：“我得再去偷一遍，等他皇宫被偷空了，他就不会怀疑这个人是我了。”陆老夫人愣了下神，这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只要皇宫再被偷一遍，那狗皇帝自然以为偷他的人还在京城。 如此一来，放在他们身上的注意力肯定会被分散。渊渊脑瓜子就是灵活，但是要去皇宫的话，这一来一回，最快也要两天的时间。暗中监视的人一旦发现不对，我们很容易就暴露了。不会，我一会儿就回来。宋明渊话音一落，陆老夫人就看到他拿出来一个平平无奇的珠子，然后嗖的一下没了影。虽然早知道渊渊非同一般，但上一秒还说着话的人，下一秒就眨眼间消失了，还是挺挑战人的心理接受能力的。 陆老夫人在心里默念了三声“渊渊不是凡人，不能以常理度之”，才缓解了那咚咚跳的心脏。就是渊渊这孩子跑得太快了些，她都来不及叮嘱他注意安全，顺便叫他找到机会了就偷偷去冷宫看一眼婉珍。就算不能把人带走，知道她平安也是好的。婉珍，陆老夫人叹了口气。这时，旁边传来东西滚落的声音。陆老夫人跟陆培风一起看了过去，只见床上掉了个带着泥的白萝卜。 很快，白萝卜便幻化出来一个跟宋明渊一模一样的人，大到身形轮廓，小到头发丝都别无二致，连呼吸跟胸口起伏都模拟的惟妙惟肖。若不是亲眼所见，根本看不出来那是根普普通通的白萝卜。几乎是这根白萝卜刚幻化成宋明渊的模样的时候，监视的人又从外面回来了。陆培峰警觉，立马用眼神示意陆老夫人。两人前后躺下没多久，监视的人就进了暗室。他在专门预留出来的孔洞扫了一眼，没发现什么异状，才退回去。 另一边，宋明渊已经利用瞬移的灵气遁灵珠，成功让自己离开了牢房。遁影珠是低阶灵气，原本是修士人手必备用来逃命的，因为一次只能瞬移五十里地，这种东西在修仙界很是鸡肋。修为高强的修士神识铺开，就可将方圆百里的动静尽收归眼中，一念之间更是可一步千里。遁影珠只有修为不高的散修和突破不了出灵境的人才会用到，但是在他眼里，东西没有贵贱之分，只有值钱跟不值钱的区别。遁影珠虽然鸡肋，但跟保命沾点边的。 价格都不错，所以他顺手牵羊劫走了，在背后大骂他妖女，说他胡作非为，横行霸道的商队，光盾影珠就劫了三大车，东西多，宋明渊用起来也不心疼，捏碎了七八个盾影珠，终于瞬移到了京城。第七十二章，贤妃。夜色寂寂，皇宫里灯火未歇，六角的宫灯被风吹得轻轻晃动，细小的雪花打着旋儿飘落下来。宫道禁军来来回回走动，每隔五步便有一名执刀的禁军把守。 比起上一次造访，巡逻的禁军增加了不止一倍。隐去身形的宋明渊就这么堂而皇之在固若金汤的皇宫中走动，大摇大摆的在一众禁军面前经过。一回生二回熟，有了上一次的经验，他摸到狗皇帝的寝宫跟私库简直不要太轻松。这次他是奔着搬空皇宫来的，目标有点大，还不能在搬空的途中让人发现东西没了，从而引起过多的混乱。那就只能用幻术先弄点假象，迷惑一下众人的眼睛了。晚上御花园没有人。 宋明渊打算先从御花园开始，他将几对私会的宫女太监找出来打晕，然后连土带泥把御花园里的名花名草给拔了，收进了空间，换上空间里囤放的鸡大箩筐白萝卜，再用幻术把空荡荡的御花园恢复成原有的模样。幻术只能维持一个时辰，他必须尽快行动。宋明渊依葫芦画瓢，依次搬空了御书房、御药房、御茶房、藏经阁、闲就和五方，把上一次来不及搬走的全给搬走了。他速度很快，每扫光一块地都会扔个大白萝卜。 并且越扔越顺手。途中大白萝卜不够，他又造访了御膳房。距离上一次扫荡之后，御书房又充盈了起来，里面屯府鹅掌、驼峰、猴脑、鱼羹等等寻常百姓难以吃上的稀罕之物应有尽有。似乎上一次的搬空对这里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不仅没有，里面的东西反而更多了些。也不知道是不是底下的人知道顺安帝这些日子脾气阴晴不定，所以为了满足他口舌之欲，讨好敬上的宋明渊，统统顺走，又白捡了几筐萝卜继续。就这样。 他把皇宫每一寸角落都扫了个遍，所过之处如风卷残云，寸草不生。来到狗皇帝的私库时，宋明渊看到里面堆放的琳琅满目的金银财宝，一挥手又给收了。他八天前才来偷过一次，短短八天都不到的时间，狗皇帝又把私库的空缺给补上了。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挪用了国库。宋明渊想，与其让他继续挪用，不如让他一次性搬个空。等他养好兵，带老太太干掉狗皇帝，百姓的日子就好过了。要不然有这么个狗东西。 底下跟着的人只知道鱼肉百姓，层层剥削。于是宋明渊把国库也给搬了，他把空间的琉璃殿足足扩大了一倍，才终于把国库里的金山银山给装下去。等他一路扫荡到狗皇帝寝宫的时候，狗皇帝已经跟他新晋的宠妃睡下了。他看了看那貌美如花的宠妃，又看了看狗皇帝，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嘴角缓缓咧开一抹笑，把昏迷的宠妃弄到一边，给狗皇帝吃下一粒药丸。想到话本子里描述的陆家人的惨境，一拳头揍在了他的脸上。 不能杀，又不是不能打，把狗皇帝揍成猪头。想着他醒过来的时候脸色肯定很难看，为了让他开心点，宋明渊善解人意的给他准备了笑笑粉。做好这一切之后，宋明渊把寝宫里的所有物件都给搬了，不仅仅是龙床，他还跑到金銮殿，把狗皇帝上朝时坐的龙椅都收进了空间。从后宫一路扫荡到冷宫，宋明渊想到了留在冷宫的陆婉珍，于是本不想打冷宫主意的他拐道去看了一眼。比起宫道疏疏落落放着几盏灯，冷宫里面连盏灯都没有。 到外都是黑幽幽的一片，冷凄凄的，连雪光都映不出来。这里是整个皇宫中怨气最重的地方。宋明渊一走进去，就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森寒。不过他闯鬼域的时候，路过之鬼都得被他踹上两脚，一点怨气而已，对他根本造不成分毫影响。宋明渊给自己换成了宫女的打扮，没有隐藏身形，就这么径直走了进去。四周都是荒芜一片，蛛丝盘结，木门都塌了半边。还没推开门走进去，一道黑影猛然扑了出来。 宋明渊侧身躲过，我要见皇上！我要见皇上！不是我害的，魏兰珠不是我害的，我冤枉啊！我冤枉啊！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冲了出来，看面庞是一个老妇，莫约是先帝时的后妃，也不知道封了几年，又在这喊了几年的冤。宋明渊没理她，走了进去。他铺开神石，毫不费力就找到了陆婉珍所住的破屋。她看起来状态并不是很好，与陆老夫人有几分相似的面容，病气郁郁，因着小老太太的缘故，还没说过话。 宋明渊便天然的对他多了一份好感。陆婉珍身上盖的被子只有薄薄的一层，身边仅有一名老妇人随侍左右。宋明渊走到门口的时候，老妇人正衣不解带的照顾已经烧糊涂的陆婉珍。听到脚步声，陆婉珍一把抓住老妇人的手，激动道：“嬷嬷，是皇上来了吗？皇上他终于肯来看本宫了吗？”她挣扎着就要坐起来往外面看。宋明渊脚步一顿，有那么一瞬间，他真想说自己是走错路的。杨嬷嬷已经看到了他。 转回头，轻拍了拍陆婉珍的手，安抚道：“不是皇上，不知是哪个宫里的宫女。娘娘，容老奴过去问问。”“不是皇上，那也是皇上派来的人。皇上一定还念着旧情，本宫就知道，他总有一天会让人来接我出去的。”听到陆婉珍的话，杨嬷嬷脸上的疲惫倦怠之色似乎更加重了几分，直脸眉道：“娘娘，老奴先过去问问。”陆婉珍满怀希冀地松开了她的手。宋明渊看得碍眼，直言道：“我不是皇上派来的，我是受过陆老夫人的恩惠。” 所以过来看看你的杨嬷嬷眼睛一亮，脸上的皮翼都少了几分。她含泪说道：“姑娘，不知老夫人他们可还好？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们在宫中鞭长莫及，还被禁了足，连消息都打探不到。能不能托你帮忙打探一下消息？只要让我知道他们平安就够了。”宋明渊没有回答他，而是直直看向陆婉珍。你难道不想知道陆老夫人的近况如何吗？”第七十三章，他的悔恨。陆婉珍苍白的嘴唇嗫嚅了一瞬，眼眸暗了下来。 我当然想知道，当年他为了嫁给李章，与母亲闹了好一通不愉快，甚至为了一己之私，逼得中立的陆家迫不得已站队助李章登基为帝。最后，李章封他为贤妃，他也受过一段时日的恩宠。然而，心中自觉有愧，进宫这么多年，始终没敢回去看过一眼，只敢在暗中偷偷关注着陆家的消息。只不过被打入冷宫之后，他便没有了消息来源，只知道陆家被扣上通敌叛国的罪名，全族上下流放雍州。得知消息那一日，他觉得天都要塌了。 母亲已经这般大的岁数，他未能在跟前尽孝，却要眼睁睁看着他遭受这样的苦难。每每想到这里，陆婉珍心中就一酸，忍不住要落下泪来。他想见皇上为陆家鸣冤，可连冷宫都出不去。宋明渊说道：“他们过得不好，你知道的。老夫人年轻时膝盖受过伤，一到天冷便疼得厉害。流放之地长达三千里，冰雪在道，你觉得他能坚持得下去吗？”他说的也没有错，若是没有他意外来到这里。 那个可爱可敬的小老太太早就倒在流放路上了。陆家会损失惨重，几位夫人跟小崽子们还没抵达雍州，就会葬身在流放路上，无一生还。这个时候，身为陆家嫡系血脉、陆老夫人的亲女、陆家一众小辈的姑姑，她却还在渴望狗皇帝垂怜。宋明渊眸色冷了几分。短短两天时间，你心心念念的好皇上，设计在路上伏杀了陆家整整五次，老夫人几次死里逃生，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被打入冷宫的你。老太太嘴上不说。 可一路上不知道朝京城的方向望了多少次，只是不希望将不好的情绪传递给大家，所以习惯了收敛。这些宋明渊都看在眼里，但是现在看来，陆婉珍根本不配让他们为之牵肠挂肚。陆婉珍被这一消息震得失神片刻，喃喃摇头：“不，皇上不会这样做的，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他脑子里乱糟糟的一片。误会？宋明渊低声轻笑，似乎在嘲弄他的天真：“你是说他亲自下抄家圣旨是个误会？” 还是说他给陆家定通敌叛国罪是个误会，亦或者是说他派人来把陆家人赶尽杀绝是个误会？所以你非要等到亲眼看到陆家人尸体的那天才会知道这是狗皇帝蓄意为之且乐见其成的事情吗？宋明渊疾言厉色的质问，让陆婉珍哑口无言，一时陷入了茫然。他与李青梅竹马一同长大，虽然后面他迫不得已娶了别的妃嫔，但他一直都相信他是对他有情的，他给了他连皇后都没有的殊荣。 整个后宫只有他一人能唤他一声三郎，甚至还对他允诺过，只要他再位一天，就能保陆家荣华富贵、安乐无忧。难道这一切全都是假的吗？放在榻上的手一点点揪住了薄被，苍白纤瘦，手上青筋格外明显。杨嬷嬷见他如此执迷不悟，闭了闭眼，痛心道：“娘娘，事到如今，您还不明白吗？他从前爱重您，只是因为有所图，他从没想过让您生下他的子嗣。老奴以为这些事情，在丽妃算计您喝下绝嗣汤的时候。” 您就应该心中有数了。那时您正值盛宠，若是没有他暗中默许，丽妃怎敢如此行事？娘娘，她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墙头为您折花的三郎了。杨嬷嬷,嬷说这些话的时候，一点都不避着宋明渊。打从这小姑娘大骂李张狗皇帝的时候，她就知道这小姑娘不会是敌人。她看着陆婉珍，面露苦涩，看着打小长大的小姐经历这些，她心里又何尝好受？但是她更不希望娘娘对狗皇帝还抱有希望，于是苦口婆心道。 您当李章是顾念旧情，没有下旨让陆家满门抄斩，留陆家一线生机。其实他只不过是害怕陆家跟他拼个鱼死网破，所以才用这种方式消磨掉陆家的锐气，顺便博一个美名罢了。他要亡陆家的心，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您还不知道吧？当年您腹中刚成型的孩子，就是李章叫人害的。李章将人打杀，不是为了给您出气，是为了灭口。老奴一直都觉得这事有蹊跷，但您说什么也不愿意相信。破旧的木板床上，陆婉珍已然赤红了眼睛，她两眼怔怔的看着漏风的屋顶。 脑子浑浑噩噩一片，往日的事情如走马观花一样从脑海中闪过，一幕幕最终定格成了襁褓里的一抹血色。一股腥甜的血气直冲喉咙，最终被他死死咽下。娘娘，他承诺让您当皇后，执掌六宫，没有做到；他承诺保陆家长盛不衰，也没有做到。您如今还要相信他吗？哼 <laughs>，嬷嬷，我这一生就像是个笑话，就像是个笑话。两人的话无疑把陆婉珍心里对顺安帝的最后一丝希望都给掐灭了。 我对他一腔真心，甚至不顾爹娘反对也要嫁给他，助他登基。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他满眼疯狂，抑制不住心中滋长的恨意，浑身都在颤抖。这么多年，他为他洗手做羹汤，为他心甘情愿变成一只笼中雀，他就是这样回报他的。嬷嬷，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他做错了什么，要被人这样玩弄在鼓掌之间，连感情都要被利用的这么彻底？看到他隐忍地克制着汹涌澎湃的恨意，一双过分苍白的手。 用力到青筋凸起，杨嬷嬷也红了眼睛。娘娘不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是我错了。我不应该为着这么个不是人的东西与母亲生了嫌隙，不该生生蹉跎了自己这么多年。是我害了陆家，是我啊！陆婉珍捶着胸口，哭得不能自已。如果不是他当年执意要跟李章，他也不可能登基为帝。陆家有今天，都是他当初一意孤行害的。愧悔自责如潮水般涌来，几乎要把陆婉珍淹没。若非现下身体虚弱，他真恨不能提刀捅了李章。 第七十四章，误闯皇陵。宋明渊冷漠的站在一边看着，对陆婉珍的不甘跟悔恨一点触动都没有。他原本是想着，陆婉珍要是继续给狗皇帝找借口开脱的话，别说她是老太太的亲生女儿了，就是老太太的亲娘，他都不会管她死活。此刻见她还有点要救，便说道：“老夫人与我有恩，我可以答应你一个条件，你若是想走的话，我可以带你出去。”陆婉珍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给我杀了狗皇帝！”宋明渊。 他要是能杀狗皇帝，刚刚他就已经死无全尸了。似乎也意识到了让宋明渊杀了狗皇帝这个想法不切实际，陆婉珍缓了缓心中的情绪，闭眼说道：“我想托你给我带一些调理身体的药，你不跟我离开这里？”陆婉珍睁开了眼，恨意昭然。要是不能杀了他报仇，那我就老死在这里。宋明渊终于在陆婉珍身上窥见了几分陆老夫人的影子。说实话，一开始他真的以为老太太抱错了女儿。不过，如果陆婉珍真,真的能弄死狗皇帝的话， 岂不是说不用养兵也能达成目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可就来兴趣了。我会帮你的。明天晚上这个点，我把药拿过来给你。对，陆婉珍，宋明渊得考察她一段时间，所以没着急把自己的能力暴露出来。万一到时候陆婉珍不可信，他嘎了他，还要引得老太太为难。是以，宋明渊两手空空来，又两手空空离开，什么东西都没留下。他前脚一走，杨嬷嬷就忧心忡忡地说道：“娘娘，我看这小姑娘并非一般人，她与您对话。” 你我相称，打从进门就没给您过礼，老奴瞧着不像是受了老夫人恩情才过来看望的样子，没有为情所困后，陆婉真的冷静和理智又回来了。嬷嬷放心，且不论是敌是友，这丫头敢在我面前直称李章是狗皇帝，便说明她跟李章不对付。有句话说得好，敌人的敌人也是朋友，只要我们目标一致，他就是我们的盟友。他为李章犯下的错误无法抹灭，那就抹灭李章这个人。想到自己那还没来得及出生就化为血水的孩子。 还有陆家被冠上的莫须有的罪名，陆婉珍就恨不能把李章千刀万剐以泄心头之恨。这么多年的真情实意，他只当是为了狗。李章，他带给他的痛苦，他要他用命来祭奠。宋明渊离开冷宫之后，便捏了个遁影珠，因为一心想着陆婉珍的事情，还没来得及锁定方向，便瞬移了出去。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人已经出现在一个狭小逼仄的通道里了，周围都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连空气都很不流畅。宋明渊从空间里掏出个夜明珠，在灵力的加持下。 通道瞬间亮如白昼，入目是坚固的石头砌成的墙面，石头一块一块嵌连在一起，每隔几步就有一根雕刻着龙凤的精美石柱。通道悠长，看不见尽头，短短一小节就分存了三个岔口，看起来像是地下暗道。宋明渊也不知道自己瞬移到了哪里，因为没有用意念锁定方向的话，遁影珠的落点都是随机的，单看环境根本分辨不出来这里在皇宫的哪个方位。通道里空气极为稀薄，没一会儿，宋明渊便感觉呼吸困难了起来。 但是越是这样，他的猎奇心就越强，也不着急捏顿引珠离开。他在通道里探了起来，通道错综复杂，像是一个迷宫，每隔一段距离就设了一处机关，有毒针、有箭雨、有毒气，甚至还有突然飞出来的尖锐钉耙。不过这些对于宋明渊来说都形同虚设。为节省时间，他直接铺开神石探了起来。这一探，他就乐了。只见迷宫包围之中，那一间间布满金器、银器还有青铜器陪葬品的墓室。 不正正说明了这是座大型的陵寝吗？皇宫附近的大型陵寝，除了李家的皇陵，还有谁敢在皇宫五十里地修建出这么一座大型陵墓？好巧不巧，居然被他给撞上了。傻子才会嫌钱多，都送上门来了，当然不能错过。有神识纵览陵墓的布局，宋明渊几乎毫不费力就来到了中间的墓室。大大小小几百口棺材陈列其中，基本上都是些陪葬的妃嫔与奴仆，奇珍异宝、金银首饰、古玩字画。 翡翠、珠玉这些陪葬品全都在主墓室里，这些东西我都拿走了呀。你们要是不同意的话，那就请站起来说话。既然你们不说话，那我就当你们同意了啊。那我就不客气了。宋明渊一挥手，将墓室里的数量可观的陪葬物品搬进了空间。不止于此，他还用顺来的陪葬宝剑，嚣张的在石墙刻上“到此一游”这几个大字，最后一笔落下，才捏碎盾引珠离开。等他满载而归，回到扶阳县的时候，一个时辰的时间刚刚过去。他隐去身形，进了牢房。 何以躺下，把压着的那根大白萝卜往空间一丢，替换了虚影的位置。一直装睡的祖孙俩看到他平安回来，知道暗中的人很有可能还在监视，也不敢弄出响动。见他安全无虞，等了一个时辰的祖孙俩才敢放心睡去。皇宫里，宋明渊布置的幻术已经渐渐开始失去了效用。只见满是腊梅绽放的御花园里，珍惜的花草像是被抹除了一样，一点一点褪去了原有的色彩，渐渐化为虚无。幻术一消失。 原本赏心悦目的花园，就变成了满目疮痍、坑坑洼洼的泥地，只剩下十几根东倒西歪的大白萝卜。思会被打晕的小太监揉着酸痛的脖子，刚从地上爬起来，看到的就是这样令人匪夷所思的一幕。他两腿颤颤，脸色煞白，就跟撞了鬼似的。无意路过，无意路过，我马上就走。冤有头，债有主，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小太监，别找我麻烦，千万别找我麻烦。小桂子给您磕头了。小太监哭颤颤的跪下来，朝空荡荡的御花园咚咚磕了两个头。 然后软着腿站起来，嗖的一下，亡命般的逃也似的离开了。第七十五章，皇帝震怒。头腿儿，有有情况！水榭边巡逻的禁军一惊，瞬间警觉起来，纷纷拔出了刀剑。然而目光环视一圈，都没发现刺客的踪影。领队一剑柄拍在了那名禁军的脑袋上：“有个屁的情况，在瞎报情况，看我收不收拾你！”不是啊，头儿，你你再仔细看看，水榭下面。 皇上最喜欢的黄金锦鲤，还有差人精心照料的睡莲全没了。什么？领队猛地靠近栏杆，探头往下看去。天太黑，他刚刚光顾着找刺客了，一时也没能看清楚。这会儿集中注意力一看，只见平时成群结队游在廊下灯光处的锦鲤，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别说鱼了，连鱼毛都没看到一条。种在池塘里的大叶睡莲也都消失得一干二净，连对面廊桥下凋谢干枯的荷叶都被翻了根，刨了个底朝天。这怎么可能？ 领队惊得眼珠子都快瞪掉了，知道进来皇宫不太平，他们一整晚都在这边来回巡查，兢兢业,业业，不敢有半分松懈。整个皇宫都被他们守得跟个铁桶一样了，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然而千防万防，竟然还能有人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把水泄糟蹋成这副鬼样子。领队看着原本十分具有观赏性的水狼一片狼藉，内心几乎把所有骂人的话都骂了一遍：“操他娘的，就没见过哪家小贼嚣张成这样，连人家后院的锦鲤跟莲藕都不放过。” 来不及多想，领队急急道：“快去禀告皇上，通知首领，让人堵住皇宫所有出口，定是那天偷皇宫的恶贼又回来了！快，其他人都跟我来，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这猖狂的小贼给我搜出来！”禁军迅速行动。与此同时，寝宫里的顺安帝也在悠悠转醒，他睁开了眼睛，感知才刚刚恢复，便是一阵接一阵刺骨的冷意侵袭而来，正要发怒问罪伺候的宫人，去扯暖被的手一下摸了个空，直接落在了冷冰冰的地面上。 这一下就察觉到了不对，他寝宫里面没有地暖，也有暖炉，地上更是铺着厚厚的毯子，怎么可能冷成这样？顺安帝悚然一惊，猛地坐起身来，因为起势太猛，瞬间牵动到了被打成猪头的脸。他下意识伸手一摸，脸色疏而狰狞，痛得倒抽一冷口气。然而顺安帝已经顾不得这些了，他抬头看向周围，入目是空无一物的寝宫，旁边除了晕着一个他赵信的妃子，宫殿里大大小小的物件摆设全都没了。他脸色骤变，来可。 哈哈，矮 <laughs> <来>人，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知道自己中了招，顺安帝死死压制住破口而出的声音，后牙槽几乎都咬烂了，都没能压下那汹涌来的笑。哈哈哈哈哈哈，空荡荡的宫殿里回响着毫无感情的阴冷笑声，魔魅渗人。前来通禀的太监下一哆嗦，差点没一脚绊到门槛上摔飞出去。皇皇皇上，大事不好了！顺安帝额头青筋暴起，<laughs> 哈哈哈，滚，哈哈哈，滚出去，哈哈哈,哈，给朕哈哈滚出去！ 否则，朕哈哈治你的罪！他脸上阴云密布，一双眼睛阴鸷，像是要杀人。然而一开口，那骇人的气势就大打折扣。哈哈哈！哈给朕传哈哈御医，传御医！哈哈哈！顺安帝怒火滔天，一张脸难看的不成样子。前来禀报的太监还没来得及将皇宫被搬空的消息告知他，便擦着冷汗，连滚带爬去了太医院。很快，太医院值夜的太医就被带到了顺安帝的寝宫。 他还没开始诊脉，就先是扑通一声跪在了顺安帝面前，胆颤心惊道：“皇上，不好了！太医院被人给偷光了，有人打晕了臣，搬空了太医院跟御药房，里面全部药材跟制成品都不见了，医书古籍也被拿走了，里里外外只剩下四面墙壁，连一根银针都没留下。”顺安帝大怒：“你哈哈哈,哈！你说什么？”太医战战兢兢道：“皇上，微臣不敢有所隐瞒，太医院是真的被搬空了。您这状况看起来像是中毒所致。” 有一种粉末吃下去能让人大笑不止，跟您现在的症状一模一样。如果有药，微臣给您开几副药就能缓解。但是现在整个太医院都找不出来一份药材，微臣便是神医在世也治不了病啊，皇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现在是连锅带灶都给人端了，实在束手无策。太医听着顺安帝瘆人的笑声，满嘴苦味跟惶惶不安，只觉得自己短短的一生就要交代在这里了。太医院失窃，他作为职业的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一直到太医院被偷盗一空。 他连那贼人的影子都没看见，这已经不是失职了。如今又撞在气头之上，无命休矣。这个念头才刚刚落下，旁边的太监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同样忐忑惶恐道：“皇皇上，那贼人不单单偷空了太医院、御膳房，也被他搬空了，还有专门饲养牲畜的贤旧和五方。刚刚底下的人来禀，也都是空的。”哈哈！顺安帝一口老血梗在心头，气得想吐血，偏偏一张嘴像是有自己的想法一样，笑声不断。 他气得头昏脑胀，恨不能活活撕了那恶贼！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偷了一次也就罢了，他竟然还有胆敢来第二次，这是赤裸裸的挑衅！三番两次在太岁头上动土，真以为他奈何不了他吗？哈哈！让禁军统领来，哈哈哈,哈见！见朕。一字一句几乎是从牙根底下蹦出来的，声音里咬牙切齿的意味，还有深沉的怒火，一点都不加以掩饰。皇宫四处被盗空，禁军统领忙得焦头烂额，又是带人封锁皇宫各个出口。 又是安排弓箭手随时待命，还得领禁军搜查那恶贼遗留下来的痕迹。只不过除了几大筐萝卜之外，根本一无所获。顺安帝传召他时，他刚好匆匆赶过来汇报情况。听到通传，直接就走了进去。皇上，他神色凝重又慌张，还没来得及告诉顺安帝皇宫所有东西全部被盗窃一空的消息，就见顺安帝狞笑着命令道：“给朕封锁城门！哈哈哈，一只苍蝇，哈哈哈，也别想飞出去。另外。” 哈哈，朕要那恶贼的通缉令，哈，遍布大街小巷。他又气又急，悬赏金给朕翻三倍。哈哈，谁能抓住那狗贼，朕亲封他为万户侯。只要能抓到人，朕可以允诺他任何条件。第七十六章，搬空皇宫的是妖。每笑出来一声，顺安帝心中的怒焰就成倍的往上增长。怒急攻心之下，气得几乎失去理智。禁军统领一想到等会儿自己要说的事情，大冬天的额头上都渗出了冷汗。皇上息怒。 可否并退左右？属下有极重要的事情向您禀报。他甚至已经顾不得关心顺安帝此时的情况了，脑子乱糟糟一片，脸色隐隐发白。能做到禁军统领这个位置，武力和心智缺一不可。如今的禁军统领是顺安帝亲自培养选拔出来的，心理素质自然要合格。看到他慌张的样子，顺安帝心中陡然生出了一股不祥的预感，这种感觉甚至压过了他还在发作的药性。他挥退了寝宫的人，强自压下心中的火气，语气沉沉说：“吧。” 究竟是什么事？皇上，禁军统领单膝跪地，连头都不敢抬，硬着头皮说道：“皇宫上下所有东西，包括后宫，全都被盗了。御书房、藏经阁、金銮殿，甚至是皇后娘娘的鸾凤宫跟太后娘娘的寿安宫，上至各宫娘娘，下至三等宫女，所有人都跟您的寝宫一样，连个像样的物件都没留下。朕的私库呢？国库呢？”顺安帝一把抓住了禁军统领，一张脸犹如风雨欲来般阴沉。禁军统领都被他此刻难看的脸色害了一跳。 皇上，司库跟国库都被搬空了，整个皇宫都没能幸免。顺安帝目眦欲裂，你的意思是，不仅司库、国库被搬空了，朕的玉玺和龙椅也跟着丢了？皇上息怒！顺安帝一下瘫在了地上，气血翻涌，终于没忍住，噗的一口血喷了出来。对方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独独针对他们北魏皇室？顺安帝死死咬住舌尖，才没让自己气晕过去，颤抖着手指使禁军统领，他现在一定还在京城。朕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一定要把他给朕揪出来，其他的都能再造，但玉玺跟国库的钱绝对要追回来。如果说之前禁军统领还有信心抓住那贼人的话，经过今天晚上的事情，他是一点信心都没有了。偌大的皇宫在他们眼皮子底下被搬空，那么多东西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他们居然现在才发现，甚至都不知道对方是怎么做到的。让他去抓这么一个能力莫测之人，其难度无异于登天。皇上，对方进出皇宫如入无人之境，两次我们连对方的影子都没看到。 更不知道他是何模样。他有一夜间搬空皇宫的手段，甚至还能伪造幻境。属下怀疑对方根本就不是人，没有人能做到这个地步。这种神鬼莫测的能力已经超脱人的范畴了。顺安帝眼皮子一跳，瞬间毛骨悚然。你怀疑对方是妖？是。禁军统领见他心中也起了疑，略略松了口气。如果对方是人，他抓不住，皇上完全可以将之归咎是他的问题。说不定一气之下小命不保。可如果是妖的话，能力自然通天。 根本就不是他们这些凡夫俗子能对付得了的，他抓不住对方也情有可原。皇上，如今皇宫守卫这般森严，您的寝宫不只有禁军来回巡逻，更有实力顶尖的隐卫把守，对方却能悄无声息摸进来，属下怀疑这妖孽不仅会幻术，还会隐身术，依靠咱们的人力，想要抓到他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顺安帝慢慢找回了理智，如果能让人这么轻易摸到他的寝宫，他早就不知道死多少次了。可那妖孽不仅摸到了他的寝宫，还对他下此毒手。 若是怀有杀心，他现在岂能活着？你说他为什么不杀朕？若那妖孽对他没有恶意，又怎么可能特地打他一顿，还两次搬空他的皇宫？可要是对他有极大的恶意，又为什么留着他的性命？这一点是顺安帝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也许是那妖孽不能，皇上毕竟是九五至尊，身负龙气，受皇天庇佑，这等妖孽怕是阴邪鬼祟之物，岂能杀您？听到他的话，顺安帝放心了不少。他一点都不希望自己的性命受到威胁。 终日都活在提心吊胆之中，那朕要如何才能杀了他？皇上，对方既然不是人，那我们就不能以对付人的手段去对付他，不如请青天监测算，再请法相大师设坛捉妖。这件事情推出去，能不能捉到职责也不在他身上，他只能协助，却不用担责。禁军统领说道：“法相大师道法高深，想必于此道比一般人多有了解。即日你奉朕之命召法相大师入宫。至于玉玺丢失跟国库被盗这两件事情，切记不可让旁人知晓。” 此事事关重大，你知道轻重。一想到如今皇宫就剩下个空壳子，顺安帝心中的郁气就难以消散。待他抓到那妖孽，定要让他永世不得轮回。是皇上，顺安帝甚烦，退下吧。禁军统领离开后，他看着空空荡荡的寝宫，一想到明天早朝连龙袍都没有，心中恼恨更甚。不过皇宫遭窃，总要让那些个文武百官共同商议对策。他就不信他养这么多人就没一个顶用的。 他召来了人，想到前两天听到的风声，冷声说道：“那妖孽既然还在京城，便不在流放队伍中。你去查查看，背后放出消息来迷惑朕的人究竟是谁？胆敢拿朕当枪使，真是好大的胆子！”遵命。闹了这么一通，天色也渐渐亮了起来，暮色褪去，晨光熹微。陆老夫人率先醒了过来，正要习惯性的赶早起来给孩子们准备吃食，再煮上几个热乎鸡蛋，好叫孩子们路上有个零嘴吃。只不过起来才发现自己还在牢里。 年纪大了，记性都变差喽。陆老夫人不忍吵醒还在睡着的孩子们，就继续躺着没动，只心里却在琢磨着：渊渊大晚上去了趟皇宫，都给搬了些什么？有没有见到婉珍？希望这次陆家被举家流放的事情能给他警个醒。那李章从来都不是良配，如果能让他对李章死心，也是好事一桩。第七十七章九十一个月大。宋明渊醒过来的时候，大家都已经醒了，暗中监视的人还在，除了陆家人睡下后离开过一次，之后就再没离开过了。昨天晚上又搜刮了一遍御膳房。 空间里囤了不少吃的，连专门供狗皇帝随时取用的热水宋明渊都给收进了空间。这会儿刚好可以用上。见小崽子们一个个醒来无精打采的样子，他熟练的给暗中监视的人造了个幻想，然后用干净的铜盆将热水盛了出来，过来排队，一个一个洗。还没醒过神的小崽子们一咕噜就爬了起来，由小到大挨个排在了宁宁后面。除了大一点的陆培青能自食其力外，其他三个小的平时不是由仆妇伺候梳洗，就是由娘亲照顾的，根本没试过自己动手。 换个人来，指定要撒娇耍赖蒙混过关了。但是嫂嫂的话，他们得听。于是几个仔像是一排小企鹅一样，依次往前挪。陆老夫人跟几位夫人看得乐呵，也不上去帮忙。渊渊在教孩子们生活能力，他们如果现在过去插手，那不是在帮忙，那是在捣乱。宁宁最先走到铜盆前，使劲举起自己的小胖手，将袖子薅起来，然后才蹲下小身板，捞起盆里的毛巾拧干，认真又仔细地擦干净自己的小脸蛋。嫂嫂，宁宁洗干净了。 你能香香宁宁干净的小脸蛋吗？陆思宁屁颠屁颠的仰着小脑袋凑到宋明渊面前，陆培安生怕晚了讨不到嫂嫂的香香，赶忙加快了动作，确认擦干净了才害羞的凑过去。看到嫂嫂笑着挨个在陆思宁和陆培安脸上亲了亲，原本想随意抹两下了事的陆培远想到娘亲常常喊自己臭小子的事情，连着洗了两遍，他才不臭。嫂嫂，我也要香香。放下毛巾的小崽子还没走到嫂嫂面前，就被陆培峰面无表情的拎了起来。男女七岁不同席。 手一扬，直接无情丢开。陆培远迅速站稳，嗷的一下冲了上去。大哥，我才六岁零九个月，没到七岁。嫂嫂香香，他头一矮，从大哥身边绕过去，没等他伸手，就死死抱住了嫂嫂，心满意足得到了一个香香。陆培峰脸色一黑，心里不爽极了，只觉得这些小兔崽子是老天派下来专门跟他作对的。他看向一边已经擦好脸的陆培青，薄唇一抿，目光沉沉：“你七岁了，这下总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吧？” 陆培青抬头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嫂嫂，毅然决然道：“不，大哥，我才九十一个月大，还是个小孩。如果你觉得我月份太大的话，我也可以是三岁。”陆培青也想学陆培远，趁大哥不注意溜到嫂嫂面前，不过还没跑过去就被陆培峰拎小鸡仔似的拎了起来。小大人一样的陆培青脸上老成的表情绷不住了，快放开我！他满脸焦急，生怕错过这个让嫂嫂香香的机会，蹬着腿便挣扎了起来。啊！大哥太可恶了！ 七岁怎么了？那是能控制的吗？为什么不能让嫂嫂香香？他就是嫉妒。你一定是没得到过嫂嫂的亲亲，所以也不让嫂嫂亲我。这话一出，咻的一下，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陆培峰身上。好像也是这一路走来七八天了，除了刚开始渊渊偶尔牵一下他的手，两人就没有别的动作了。他们甚至都没看到这小子主动过。他该不会是因为渊渊是替嫁的，所以心里不愿意亲近渊渊吧？陆老夫人脸色严肃了起来。 陆大夫人收敛了眼里的笑，其他几位夫人也都盯着陆培峰，眼神像是要在他身上戳出几个洞。陆培峰很想说他亲过，但一想到那天晚上仅仅只是他单方面的误会，阿渊并没有主动亲过他，就又想把陆培青丢出去了。不仅想把陆培青丢出去，甚至还想把陆培远、陆培安还有陆思宁也挨个丢出去。他冷硬道：“你已经七岁了，规矩不可废。”陆培青被提溜着手脚悬空，眼看就要错失这个机会了，耷拉着脑袋，十分沮丧。 他可以回炉重造的。宋明渊走过去，将他从陆培峰的手中解救下来。他在他脸颊蜻蜓点水香了一下，忍不住笑道：“仅此一次，青青长大后要留着给你的媳妇亲，懂了吗？不可以随便让别的姑娘亲，要不然嫂嫂可是会替你媳妇教训你的。”跟弟弟妹妹一样得了嫂嫂的香香，陆培青心情瞬间飞扬起来。嫂嫂，我知道了，他以后让他的媳妇亲，才不要学大哥，连让嫂嫂亲亲都不敢。陆培峰看了宋明渊一眼，目光幽幽，呵。 他就只知道嘴上调戏他，实际上什么行动都没有。待宋明渊看过来时，陆培风又别开了脸，看向了牢房外。宋明渊只当刚刚幽怨的那一眼是个错觉，用空间换了铜盆里的水，让他们挨个擦手洗脸后，又拿摆出了丰盛的早点。空间里的东西拿进去是什么样的，拿出来就是什么样的，存放东西不用担心会坏掉。上一回在御膳房搜刮来的鸡丝粥端出来的时候，仍旧冒着热气，香味扑鼻。陆老夫人拿着调羹搅和搅和，到底心中记挂，问道。 渊渊，你昨晚到宫里的时候有没有婉珍的消息？你去得快，奶奶没顾得上让你拿点银子到冷宫去看看她。陆大夫人愣了一下，昨天晚上渊渊回京城了？娘，您莫不是老糊涂了吧？京城离这里好几百里地，渊渊怎么可能去京城？陆三夫人惊讶道，她怀疑狼太过担心小姑在冷宫里受苦，所以产生幻觉了。听到陆老夫人提起陆婉珍，几位夫人心情都有些复杂。这位小姑当年对顺安帝有多痴情，他们都是知道的。 如今陆家被害，他们夫君生死未卜。要说对陆婉珍没有芥蒂，当然不可能。但他们也知道，哪怕陆婉珍没有进宫，李章同样会对付将军府。只不过是他利用了陆婉珍走了一条捷径，最后卸磨杀驴罢了。归根究底，小姑也是个被蒙在鼓里的，说怨也怨不上。陆老夫人不高兴了，瞎说！娘怎么会老糊涂？她不知道有多健壮。第七十八章，布局是什么？渊渊昨天晚上是去皇宫了，你们睡着了不知道。 我们怀疑狗皇帝知道了渊渊的特殊，派人过来监视，所以渊渊才会去皇宫引开他的注意力。就是不知道这一来一回要消耗渊渊多少法术仙力，要不然咱们有条件了，给渊渊供奉个小象，让他多吃吃香火，这样也能快点恢复。对于这些，陆老夫人不是很懂，但她知道天上的神仙都是要吃香火的，别的神仙有的，他们家渊渊也得有。宋明渊生怕他真的整出个小象来，一天给他上三炷香，赶忙道：“奶奶，我不吃香火，我吃人间烟火。” 等出去以后，你给我多做些好吃的，我就能恢复了。哎，奶奶记着喽。陆老夫人笑眯着眼睛，慈祥道：“等咱们出去了，想吃什么，奶奶给你整。这鸡四周都没奶奶做的万分之一好吃。咱们离开这里，奶奶给你做一碗顶顶好吃的。”谢谢奶奶。知道老人家放心不下冷宫里的陆婉珍，他想了想说道：“我去看过婉珍姑姑了，她身边的老嬷嬷说，那狗皇帝害了婉珍姑姑怀的第一个孩子，后面又设计让丽妃给她喝下绝嗣汤。我把咱们的这边情况告诉了她。” 他如今已经对狗皇帝死心了。宋明渊觉得这些事情没必要瞒着陆老夫人。作为母亲，她是最想知道，也是最有资格知道陆婉珍近况跟遭遇的。好一个李章！陆老夫人大怒，他女儿如何如何自甘堕落，如何瞎了眼看上李章，那是她自己的事，不代表李章这个狗东西可以这样糟践她。如果说刚开始陆老夫人的反心已有九成，那么这会儿她的反心已经到了十成。要是不弄死李章这个狗东西，她就不叫杨振英。 见他没有第一时间责怪陆婉珍当年做的决定，而是满腔怒火冲着狗皇帝身上去，宋明渊笑了。不得不说，生在陆家有这么一个护短的娘，是陆婉珍几辈子修来的福气。但凡换个人，就跟陆婉珍断绝关系，再不管她的死活了。听到这种消息，最多怨她自作自受，恨她不争气。可哪怕陆婉珍进宫这么多年，做错过那么多事，陆老夫人都没有想过要放弃她。我的女儿可以犯错，但是你不能欺负。小老太太护短，还护得不讲道理。 担心他气着了，宋明渊说道：“奶奶别生气，我给婉珍姑姑报仇了。狗皇帝让婉珍姑姑绝嗣，我就让她不举，她以后也不可能再有子嗣了。”嫂嫂，不举是什么？坐在凳子上喝粥听大人讲话的小姑娘突然发问。一时间，空气都陷入了诡异的安静里。陆二夫人脸一红，臊得恨不能找条地缝钻进去。我的闺女，你怎么什么都敢问？小孩子问这么多干什么？赶紧吃你的饭！宁宁皱起小眉头，满不赞同。小孩子不问怎么知道呢？ 不知道为什么不能问呢？问了不就知道了吗？想知道为什么不问呢？陆二夫人，行行行，好好好，问问问，服了，年纪小小歪理怎么这么多？小姑娘成功说服了娘亲，嘿嘿笑着问嫂嫂，嫂嫂，嫂嫂你快告诉宁宁嘛。可陆老夫人被这一打岔，心中的怒火便降了下来，她哭笑不得，正要开口给渊渊解围，就见宋明渊一本正经的说道：“不举就是说狗皇帝很弱的意思，连个人都举不起来。”这样啊。 陆思宁恍然大悟，宁宁懂了。嫂嫂，大哥现在也很弱，你看他病殃殃的样子，肯定举不起来一个人。他是不是也是不举？小姑娘见大家都不说话了，一副憋笑快要憋死的样子，只觉得脖子凉飕飕的。哎妈呀，怎么突然就冷了起来？陆培峰浑身都冒着黑气，额角青筋直跳，觉得自己都快要控制不住杀心了。他深呼吸了一口气，又深呼了一口气，还是没忍住，从牙根底下蹦出来几个字：陆思宁。 他迟早要被他给气死，哎！陆思宁应得响亮，扭头一看，看到大哥黑沉沉的脸色，瞬间拉响了警铃。他碗还没放下，就噌的一下站了起来，迈着飞快的小短腿，一溜跑到了嫂嫂身后。陆培峰脸黑了黑，行，你有种。宋明渊咳了咳，才忍下到嘴边的疯狂笑意。宁宁这个词不能乱用，是会挨打的，特别是不能用在男性身上。哦，好的，嫂嫂，宁宁知道了。大哥刚刚就想打他。 还好宁宁跑得快，你这丫头！陆老夫人笑嗔了陆思宁一句，知道狗皇帝不举，她心中畅快得很。可看到大孙子黑沉沉的脸色，到底没敢笑。想到刚刚的事，陆老夫人又问道：“既然渊渊见过婉珍了，啊？你婉珍姑姑她可愿意离开皇宫？如果她愿意离开，她说什么也不会把她独自一人留在京城。”宋明渊如实道：“婉珍姑姑说她现在还不能回来，狗皇帝害她如此，她要弄死狗皇帝。”陆老夫人一听。 心中就有了两分安慰，也不觉得失望，只冷哼一声，笑道：“总算还有点陆家人的样子。都已经这样了，要是还敢为那个狗东西要死要活，我就是抗旨也要折回去打断他的腿。他能想开就好。”陆大夫人松了口气，又微微皱起眉头。只不过她如今在宫中孤立无援，想要对付狗皇帝，只怕不容易。她对这个小姑了解的不多，唯一印象深刻的就是她经常追在还是三皇子的李章身后跑，就怕他深陷仇恨之中冲动行事。宋明渊宽慰道：“放心吧，娘。” 有我呢，我会看着婉珍姑姑的。今天晚上我还得去皇宫一趟，给她送些东西。你们若是有什么话想让我带过去的话，都可以告诉我。陆家几位夫人只叮嘱了几句，又各自拿了些银子让带过去，便没别的什么了。反倒是陆老夫人拉着宋明渊的手，说的多了些。吃过早饭后，狱卒又送了饭食过来。不出所料，果然又是馊饭。第七十九章找两个倒霉鬼。陆三夫人气得一脚就过去，把桶里的饭踹翻了。知道还有人监视着，在怒气冲冲的邦邦踹了两脚木门。 欺人太甚，又是馊饭，又是馊饭，他们究竟什么意思？无缘无故把我们抓进来也就罢了，还顿顿给我们吃馊饭，莫不是诚心想饿死我们？我好饿啊！昨晚到现在，宁宁只吃了个包子。宁宁躺在床上，两眼无神，已经把垫着的甘草拿来磨牙了。如果不是知道刚刚吃了两个蛋卷，喝了一大碗鸡丝粥，宋明渊估计都要以为他一粒米都没进肚子。再看另外三个崽，已是一个个揉着肚子，愁眉叹气起来，吃撑了，完全消化不来。 好饿、啊，我也好饿、啊。嫂嫂说暗处有人盯着，不能给他发现他们偷吃喽，要不然会有麻烦。嘿嘿嘿，好玩。他们一定要装的像一点。馊、so、饭被踢翻在一边，肯定是没有人会去吃的。不吃，那就是他们还不够饿、呃，多饿、呃、他们几天就吃了。到时肯定会露出马脚。监视的人想到昨天听到的风声，微微眯起了眼。他昨晚已经让人八百里加急将扶阳县前县令府上被搬空的消息送了回去，相信要不了多久就能送到皇上手里。 若是这几天扶阳县再没有发生府邸被盗空的事情，那牢里的这个就是最大的嫌疑人。届时问出所盗之物的下落，他便亲手处决了他。监视的人透过黝黑的孔洞扫了宋明渊一眼，怎么都看不出来，一个小小的女子居然有这么大的能耐。宋明渊感知到他的目光，却只当不知。皇宫已到，但扶阳县县令府被搬空是事实，想必这件事情很快就会传到狗皇帝耳中。这两件事情发生时间相近，但地点相距甚远。 狗皇帝肯定会误以为这两起事件并非出自同一个人之手，但是这样仍旧不能排除他的嫌疑。毕竟县令府失窃的时候，他就在扶阳县。只是令他始终费解的是，他已经模糊了那些人的记忆，按理说根本不应该这么快怀疑到他的身上才对。宋明渊收敛了思绪，将手里揪着玩的干草扔掉。不管了，他要找个倒霉鬼再搬一次。现在他在牢里，还能给人制造他一直都在牢里的假象。如果这个时候扶阳县再被盗一次，那么基本上就能洗刷自己的嫌疑了。 毕竟可是有人亲眼看着的，说行动就行动。宋明渊传音跟大家说明情况后，便故技重施，捏碎遁影珠，离开了牢房。通缉榜榜首出没在扶阳县的消息已经传了出去，比起昨天，大街上多了许多生面孔，连凶神恶煞、大冷天穿着一件袒胸露背的虎皮衣的江湖人士都有。短短一个晚上的时间，茶馆、酒肆人满为患。听说林金贵跟他那儿子昨天被残忍杀害了，一个惨死大街，一个横死府上，那凶手到现在都没有踪影。你说？ 杀害林金贵父子二人的，会不会就是搬空县令府的人？我看不一定。那人搬空京城那么多家府邸，只取财不杀人。按照他的行事作风，我觉得这两件事并非同一个人所为。你说的也有点道理，但这两件事情发生在同一个时间点，如果不是同一个人做的，那杀害林金贵父子二人的凶手很有可能是唯一见过他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只要找到杀人凶手，就一定能找到他。没错，可是现在谁都不知道杀人凶手长什么样，就是见过的也都忘完了。 这是实在奇怪，不仅茶楼酒肆，便是街头巷尾的人，也都对这件事议论纷纷。告示栏前面更是里里外外围了三圈人，对着上面张贴的那张无脸画像指指点点。宋明渊听了两耳朵，觉得他们都在放屁。什么直取才不杀人？要不是那天晚上时间太赶，又没有修炼出灵力，他就杀人放火了。找了个地方，把自己打扮成身形臃肿、毫不起眼的路人男子。宋明渊混迹在市井之中，打听消息，开始列起倒霉蛋的名单来。前任县令林金贵不是个好东西。 新上任的杜方海也不是什么好鸟，两人算是蛇鼠一窝。除开他们，还有王师爷和其他县官。这些人的官位大多是贿赂讨好林金贵得来的。知道林金贵贪财好色，没少在乡间搜罗颜色出众的女子，用强权压迫他们现身，而且办案只认钱，手下不知道出过多少冤假错案。宋明渊仅仅只是在市井里转了一圈，听到的就有不下数十桩，可谓劣迹斑斑。好巧不巧，他这人最喜欢到的，首先是看不顺眼的人。 其次就是这些贪得无厌之辈了。顶着一张放在人堆里也认不出来的路人脸，宋明渊打听了杜方海和王师爷其他县官的家门，便直奔了过去。他最先造访的就是杜府。杜府与林令贵的县令府只隔了一条街，是座三进的宅院，外面看不出来里面的光景。宋明渊足尖轻点，一个旋身翻墙进去。跟林金贵奢靡豪华的宅邸不同，杜府可就差多了，一眼看过去几乎看不到什么值钱的玩意，光看外在倒真有几分清官的样子。 宋明渊探清了库房的位置，摸了过去。杜方海不在府上，但府中的娇妻美妾和伺候的仆人却是不少。不过这会儿天冷，很少有人在屋外转悠，倒是方便了他。官爷，我们实在交不出粮食了，就让我们见县老爷一面吧。今年粮食收成不好，粮食都交上去，要大伙怎么过这个冬啊？是啊，是啊，咱们家里老老小小几张嘴都等着这点粮食过冬。官爷，要不然跟新任老爷说说，乡亲们真的不容易，能不能宽限宽限？等明年收成足了，我们再给补上去。 路过前院的时候，宋明渊扫了一眼，就看到几个穿着破旧粗布衣的农户跪在雪地里，冻地瑟瑟发抖，恳求着面前穿的厚实的杜府管家。那管家高抬下巴：“你眼看人，老爷说了，没粮食就交银子，一担米交一两银。你们既然死活不交粮，那就拿银子出来抵吧。”第八十章，人心惶惶，农户面露难色：“官爷，咱们乡下种庄稼的，一年到头就盼着地里的收成过活，哪里有什么银子啊？”“是啊，官爷。” 五百文一担，我们还能勉强凑凑；可这一两银子一担，我们是真的交不出来。管家眼神轻蔑，要凉凉没有，要钱钱没有，我看你们就是不想交。若是逾期不交，你们就等着官府的人上门吧。来人，把他们给我轰出去，莫要扰了这里的清净。管家说完，拂袖离去，根本不理会那几名农户的哀求和呐喊。宋明渊没有耽搁，加快速度来到库房，敲晕守在外面的人，闪身进去。库房里金银珠宝不多，杜方海是深知财不外露的道理的。 只不过，就算他把东西藏在地底下，他都能一个不漏的给他挖出来。宋明渊将库房里的东西装进空间，然后推开摆放古董书画的柜子，很快露出了藏在柜后的暗门。沿着悠长的密道走进去，里面是一个暗室。宋明渊一走进去，就看到了那面堆得整整齐齐的金墙，地面全由玉石铺就，光是夜明珠就放了整整八颗，里面的金山银山几乎可以与林金贵府上的相媲美了。许是杜方海经常来这里歇息，暗室里摆放了一张床和一套桌椅。 桌案上有几册账本，不难看出有经常翻动过的痕迹。宋明渊走过去，拿起账簿，上面记录的都是这些金银财宝的来历。有贪污赈灾款项的，有发国难财的。他们从百姓手里收上来的粮，并没有收入粮仓，而是等着哪里发生灾害需要粮食救命的时候，再高价贩卖出去。怪不得能囤下这么多金山银山，这吸的可全都是老百姓的血汗。宋明渊拿着账册，意念一动，就把暗室里的金银，包括铺了满地的玉石，给收进了空间。 出去的时候，顺路把他们囤的粮也给搬了，一麻袋一麻袋，整整两个大仓库。既然要养兵，那钱跟粮食都是必不可少的。宋明渊已经想好了，如果陆婉珍那条路走不通，他还可以走另一条路，双重保障，有备无患。反正是不可能让狗皇帝活到寿终正寝的。钱财取走了，这些狗官的性命，宋明渊也没打算留下。贪的多的直接打死，贪的少的直接打残，将他们因府上失窃变本加厉鱼肉百姓的可能直接掐死。 扶阳县连着死了好几个县官，闹得人心惶惶。就连听到消息准备去勘察现场的杜方海，也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不明物击落马下，以头触地，当场丧命。那几名被管家驱赶出来的农户，怀着最后一丝希望，在街上扛着冷风等了半个时辰，才等来了杜方海。还没来得及开口，就险些被他的马撞飞，从身上踩过。惊魂未定的他们才回到路边，就看到了杜方海被什么东西打中，一头从马上栽了下去，头先落地，脖子都被倒砸缩回去了一截。 死！他们看得倒吸一口凉气，摔成这样，人怕是没了。看到这一幕的路人尖叫着惊慌，往旁边躲开，却又不肯直接离去，只远远地看着。大人，大人！随行的官差白着脸围了上去，不敢去动杜方海，叫了两声没动静，才有人咽着口水上去探鼻息。这一探，喉咙发紧，吓得差点没一屁股坐倒在地上。大人就这么当着他们的面没了？短短两天不到的时间，他们扶阳县接连死了两任县令和三四个县官。 围观的人也意识到杜方海没了，正满心惊惧之时，天空忽地飘落许多纸张，这些飘散的纸瞬间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这是什么？好像是账薄。一条街过去都是做生意的，最不缺的就是懂行的人，只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记账的账本。有人伸手将落在面前的纸张接住，待看清纸上的内容时，刚刚还对杜方海当街遭遇如此不幸而心有同情的他，脸上表情瞬间就凝固了，转而化成了汹涌的怒气。狗官！ 猪狗不如的东西，这是贪了老百姓多少血汗钱啊！我说怎么每年都要征收这么多粮食，竟是被他们吃到狗肚子里去了！畜生，咱们前年旱灾缺粮，田地绝收，就等着朝廷派赈灾粮下来。这些狗娘养的东西，我还真以为朝廷没发放赈灾粮，原来全都被他们压着高价卖出去了。看清这些账目的人，全都怒红着眼睛，恨不能把杜方海揪起来鞭尸焚骨。有不识字的百姓听到这些，牙根都咬了起来，恨恨的瞪着杜方海的尸体。 咱们那年旱灾，因为缺粮死了多少人啊？他们不是人，怎么能这么丧良心？我还想着新官上任，咱们老百姓的日子会好过一些，原来都是一丘之貉，死得好，死得好，老天有眼啊！大街上骂声一片，甚至有人迁怒到官兵身上，直接朝他们扔石头，俨然已经引起了众怒。那些随行的官差脑袋被砸了好几个包，心知这会儿要是公然搜查凶手，只怕会被砸得更狠，只能先把杜方海的尸体抬到义庄，怎么办？ 县令死了，能主事的王师爷和县官也死了，咱们现在要干什么？总不能再找几个上去先暂代吧？这个时候只怕谁都不愿意接手。连着死了两个县令，又死了好几个县官，谁也不知道下一个会不会同样小命不保。咱们县衙不是来了个京城里的官吗？连咱们县令都得管他叫大人。你，你去通知他，让他来一趟。众人看着杜方海的死相，只觉得格外瘆人。宋明渊把账薄沿街发完，就发现自己被许多人盯上了。 现在他还在通缉榜上，要他命的人只多不少，更别说他还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不过他做了乔装，也不担心被认出来，只不慌不忙拐到四通八达的巷子里去，几个拐弯，利用障眼法，顺利甩开了身后的追兵，卸去伪装回了牢房。宋明渊在扶阳县大肆扫荡县官府邸，清扫一个个蛀虫的时候，皇陵被盗一空的消息也由人快马加鞭传入了宫中。作为史上第一个站着上早朝的顺安帝，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怒急攻心，当场气晕在空无一物的御书房里。 他醒来，嘴唇微微颤抖，第一句话便问：“法相大师什么时候进宫？”第八十一章顺安帝的杀心。随侍在一边的太监，嘘嘘的看了脸色阴晴不定的顺安帝一眼，擦了擦头上的冷汗，回皇上的话：“据道清寺的子弟说，说法相大师已经于三天前离开寺庙，到外边云游了，归期归期不定。”嗨嗨，顺安帝气的翻白眼，顺手想抄起身边的东西砸下去，不料抄了个空，这才想起来皇宫上下全被盗空了。 连他身下躺的床，还是那些低贱的奴才睡过不要的。他一口玉气堵在心头，狠狠捶了几下床，又想吐血了。找，给朕去找，无论花费什么样的代价，也要给朕找到法香大师。这妖孽一日不除，朕便一日不得安生。是是，太监点头哈腰，生怕惹怒了如今还在气头上的顺安帝，赶忙叩首退下。顺安帝躺在床上，这床破破烂烂，一点没有龙床舒坦不说，还没有龙床宽敞。 人睡在上面，只觉得床底下呼呼穿着冷风。偌大的皇宫，连床像样的棉被都搬不出来。一国之君竟过得连普通百姓都不如。想到招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顺安帝恨之入骨，对他的杀心甚至都远远超过了陆家。正要叫人来了解一下陆家那边的情况，就有人带着扶阳县的消息回来向他禀告了。皇上，昨日中午，扶阳县县令在府内惨遭杀害，县令府被盗一空，全府上下不留一物。其情况跟昨天晚上皇宫被盗如出一辙。 县令府被盗的消息是以最快速度传回来的。然而，顺安帝听到这个消息时，也已经过去了一天的时间。他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目光死死瞪着前来禀报的人：“你说什么？此消息确信属实。扶阳县县令府昨天中午被盗，皇宫昨天晚上被盗，两地相隔好几百里路，就是快马加鞭也要跑上一天，根本不可能是同一人所为。难道出来作祟,祟的妖孽不止一个？”顺安帝浑身气压沉沉，脸色几经变幻，最后凝结成了眸底森冷的杀意。皇上。 你派过去监视陆家人的玄影大人已经核实过了，也就是说，确有此事。顺安帝脊背一寒，那种不受掌控的未知的危险让他坐立难安。陆家人呢？可是全都押入了大牢。还有宋家那个，最近可有与外界之人接触？回皇上，陆家人已按照您的吩咐，全都扣押在了扶阳县。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宋氏接触过可疑之人。不可能，之前安插的人莫名其妙就暴毙了，而且派出去的几波人手也有去无回。 顺安帝怀疑这些事情跟宋家那突然会武功的丫头脱不开干系，想到之前的传闻，原本已打消的疑虑又重新开始浮现出来。流放队伍刚好经过扶阳县，扶阳县就出了问题。这世上哪有这么凑巧的事？宋潘山那女儿定然跟那些妖孽有联系。这要是放在之前，顺安帝肯定会牢牢抓住这一点不放，毫不犹豫给陆家安上一个勾结妖邪、祸乱北魏的罪名，把他们连同宋氏一起处决了。但是，倘若宋氏真的跟那些妖孽有关系， 那他这么做无疑是打草惊蛇，到时候别说是拿回国库的金银财宝跟丢失的玉玺了，很可能连一个妖孽都抓不到。不行，必须找出那些妖孽的致命弱点，再想个办法将他们一网打尽。然而，没等顺安帝想出办法将宋明渊一网打尽，当晚宋明渊就再次造访了皇宫。他没忘记自己跟陆婉珍的约定，这次来特地带上了药材跟大包小包的东西，有暖被，有米粮，还有能囤着吃的菜干、肉干。 长时间放置也不用担心会坏的地瓜跟芋头，以及油盐酱醋跟一应生活用品，保管他们主仆二人在冷宫也能吃得饱、穿得暖。杨嬷嬷担心宋明渊不会来，今儿个娘娘的病情又重了几分，她在这冷宫里也就靠着之前积累的些微人脉才讨回来两副药。但是人情总有用完的一天，昔日说得上话的姐妹，如今都对娘娘避之不及，生恐或灵己身。他们在冷宫无人照应，举步维艰。这些奴才又个个都是捧高踩低的。 今日杨嬷嬷四处求了个遍，都求不来一次给娘娘诊治的机会。嬷嬷别忧心，嗨嗨，这么晚了，你去歇着吧，我会熬过去的。屋里用废置的木头生了个火盆，杨嬷嬷看着外面黑沉的夜色，摇了摇头，满目忧色。娘娘，老奴得等昨天晚上那位姑娘来，说不定她真能给咱们拿到药。等待的时间无疑是煎熬的，加之又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辰，只觉得等了很久。她许是不会来了，可话音刚落。 荒寂的庭院里就传来了重物落地的声音，紧接着就响起了熟悉的人声：“出来拿东西。”陆婉珍愣了一下，想要靠坐起来，却觉得一阵头晕目眩，无法，只能靠在床头先缓一缓。杨嬷嬷快步走出去，看到宋明渊的瞬间，心里便是一喜：“姑娘，你可算来了。这些是吃的。”宋明渊将早就准备好的熟食递过去给杨嬷嬷：“我去给娘娘熬药，你把这两床棉被拿去，把床铺厚一些吧。”杨嬷嬷热泪盈眶，心中感激不已。 难得他才来一次就注意到了这些细节，还特地给娘娘准备了这些紧缺的物件。虽然还叫不出对方的名字，但杨嬷嬷就是莫名相信这位姑娘不会害自家娘娘。若是有心加害，何必多此一举？于是，一叠声应下：“哎，好，老奴这就去。”多谢姑娘。宋明渊将拿来的东西交给杨嬷嬷，便在屋里支起小灶，用灵露水给陆婉珍熬起了药。还不知道姑娘怎么称呼？杨嬷嬷要铺床，陆婉珍便下了地。她笑容略带几分苍白病弱。 目光在宋明渊身上，不同于宫中的衣裳停留了一瞬，像是什么都没察觉到一样，很快便移开了。娘娘叫我阿渊便是。不得不说，陆家出美人，几个小崽子生得粉雕玉琢，聪明可爱也就算了。陆培峰虽然时常冷着一张脸，但也是独一份的俊美。眼前这位娘娘已是将近四十岁的年纪，看着就跟二八少女似的，未施粉黛也掩不住精致的眉眼，让人看着就觉得赏心悦目。只可惜美人此刻病歪歪弱唧唧的，倒是损了几分好颜色。 你之前说想杀了狗皇帝，怎么杀？第八十二章谋夺江山。嗨嗨，阿渊姑娘跟李章有仇。陆婉珍站在床边，裹紧了身上厚实的棉被，连日冰冷的身子总算多了一分暖意。说起李章，他就像是在谈论一个无关紧要之人，脸上情绪极淡，似乎所有的仇恨都深埋进了心底。灶里的火烧了起来，宋明渊给王里添了两根柴，这才转过头来看向陆婉珍，也没拐弯抹角，直接开门见山道。 他想杀我，所以我想跟娘娘合作，一起搞死他。咱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可以给娘娘提供帮助，就是不知道娘娘现在心里可有张程。这算是他给陆婉珍的一个考验。如果陆婉珍铁了心要弄死狗皇帝，那以后就是自己人；如果在设计杀狗皇帝的过程中，他有一丝犹豫跟心慈手软，还念着跟狗皇帝的旧情下不了手，那他就永远都是外人。嗨嗨，陆婉珍由铺好床的杨嬷嬷搀扶着坐回了床上，眼唇轻咳了两声，说道：“我现在身在冷宫。” 如果想要报仇，就必须从这里走出去，这需要一个契机。他蹙起柳叶般的细眉，李章是不可能主动过来看我的。他既然能对将军府下手，便也不会念着我跟他的旧情，所以这个契机不在他的身上。我的目的只有一个：杀掉李章，替将军府平反，并且要李章亲眼看着他的江山旁落。李章有多在乎那个位置，没人比他更清楚。让他看着江山易主，无疑比杀了他还要更让他痛苦。他家猪在他身上的痛，他要他痛上千倍万倍。 陆婉珍敛去眸底泄露出来的仇恨，抬眸看向宋明渊，冷静道：“不知道阿渊姑娘可能替我请来大夫，如果能治好我身上无嗣之疾，这件事情就容易多了。”几乎是他一开口，宋明渊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有些惊讶：“你想利用子嗣复宠？”是。陆婉珍抿了抿苍白的嘴唇，毫不避讳道：“这是我所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了。如果没有这个作为敲门砖，我肯定连李章的面都见不到。不管是为了杀李章，还是为了将军府。” 他都必须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他得感谢李章让他清醒过来。靠谁都是虚的，只有将权柄把握在自己手里，才能保将军府长盛不衰。要不然，就算把李章杀了，也会有下一个李章出现。宋明渊若有所思，好一会儿才问：“你难道就不担心他会给你送过来一碗堕胎药吗？”这事还真是狗皇帝能做出来的。毕竟为了不让陆婉珍生下孩子，他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能下得去手。不会，陆家现在对李章来说已经构不成威胁了，有我和孩子。 他会认为自己多了一个拿捏陆家的筹码，并且可以在关键时候拿我跟肚子里的孩子要挟陆家，逼陆家就范。依他自私自利的性子，只有等我们母子俩完全没有利用价值了，他才会考虑把孩子剁掉。能蒙住他眼睛的从来都不是李章，而是那个对李章情根深重的自己。如今没有了情，陆婉珍自然也就看清了他这个人。他对他已经没有了期待。我可以治好你的无私之疾，同样也可以给你制造假怀孕的迹象。造假这种事情对于宋明渊来说只是小菜一碟。 根本不用费多大的劲儿。陆婉珍虽然有些意外宋明渊会医术，但还是坚定拒绝了他的提议。不，我需要一个孩子。假怀孕固然能助她脱离冷宫，但这也只是一时的。不管是当下还是长远来看，她都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孩子。她郑重说道：“只要你能帮我治好我的无私之疾，其他的我会想办法的。还请阿渊姑娘替我保守住这个秘密。”见她心意已决，宋明渊便不再多劝。如果陆婉珍生下一个孩子，那么对陆家来说无疑是有利的。 只不过要在狗皇帝不来冷宫的前提下怀上孕，这是要明目张胆给狗皇帝戴绿帽子啊！刺激！宋明渊已经隐隐开始期待起狗皇帝得知这个真相时的样子了，都不敢想象会有多精彩。如果这事能成的话，依照狗皇帝如今布局的情况来看，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这孩子肯定会被留下来的。就算狗皇帝不肯留，有他在也不会有意外。他要保的胎，吃十斤堕胎药都没有用。等到时机成熟，有陆家跟着里应外合。 届时就能把狗皇帝的天下从他的手里夺过来，天下都是自己家的，还用得着担心狗皇帝让人满世界追杀自己？宋明渊一口答应下来。行，那咱们现在救治吧，这事宜早不宜迟，你得尽快有孕才行，要不然时间对不上。看陆婉珍的样子，心里莫约已经有了人选。宋明渊还挺好奇那个人会是谁，不过不着急，迟早都会见到的。将药熬好端给陆婉珍。宋明渊又给她一瓶修补身体的灵药，这些药丸每天吃两粒，不出三日便能恢复。 还有这个行事之前吃下一颗，可以增加怀孕的几率，并且让你一举得男。这种神奇的药丸拿出来，别说陆婉珍，就是杨嬷嬷也狠狠吃一惊。这世上还有这奇药，料外面不得抢疯了。两人皆是喜出望外。如果说之前的计划尚还有待完善，那么这药一出，无疑是稳了。谢谢阿渊姑娘。听到陆婉珍无事之极，还有治愈的可能，最高兴的莫过于杨嬷嬷。对于她来说，只要娘娘还能生育，是不是狗皇帝的都无所谓。 反正有陆家血脉，怎么都是他的小主子。将药丸小心收好。杨嬷嬷想到今天在外面听到的消息，展容笑道：“娘娘有所不知，老奴今天出去的时候，可算是听了件大快人心的事。自打搬进了冷宫，杨嬷嬷就没有这么开心过。刚刚担忧娘娘的身体，没有闲情说这些，这会儿心里大石落了地，自是眉开眼笑。哦，什么事？”陆婉珍擦了擦嘴边的药渍，也来了点兴趣。嬷,嬷嬷都是跟在身边的老人了，难得看到她这般模样。 老奴今天出去的时候，听说皇宫被搬空了。第八十三章金矿。杨嬷嬷高兴的很，老脸上喜意盎然。若不是条件不允许，他高低要拿几串鞭炮出去放一放。狗皇帝，你也有今天！杨嬷嬷压低了声音，听说是昨天晚上遭的贼，被盗过两回了，连龙床和龙椅都不见了踪影。早朝那狗皇帝都是站着上的，做多了孽，真是老天都看不顺眼了。陆婉珍愣了一下，皇宫被盗那次正好是她被打入冷宫之时，没曾想时隔七八日。 竟又被偷了一次，这搬空皇宫的人究竟是何方神圣？陆婉珍哀靠在床头，嘴角噙着一丝畅快的笑：“偷得好，就是可惜不知道是谁偷的。他手底下还有几处派人重兵把守的金矿，如果能一并偷了就好了。”金矿，宋明渊嗖的看向陆婉珍，眼底异彩连连：“哪里的金矿？这狗皇帝还有金矿？都到这了，不给他换个位置，说不过去啊！”陆婉珍说道：“具体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从未被允准进过他的御书房。” 他对陆家防备至此，自然不会将这等机密之事告知于我。金矿这事还是他无意间偷听到的。愿他听信了后宫不得干政这句话，安安分分做一个笼中雀。如今只恨当初没听全就退下了。那虚幻的情情爱爱，哪有实实在在,在的五座金矿重要？他此前怕是被朱佑蒙了心。陆婉针对曾经的自己恨铁不成钢，越想越堵心，喉咙发痒，忍不住偏过头去眼唇咳了几声。杨嬷嬷见状，赶忙替他顺气。不知道就算了。 既然知道这件事情，那么宋明渊是绝对不可能眼睁睁看着狗皇帝再把金矿运进皇宫的。他搬空皇宫，不就是为了让狗皇帝不再过之前挥霍无度的日子吗？一番良苦用心怎么能被糟蹋？宋明渊弯唇笑笑，如果能搬了狗皇帝的金矿，就算杀不了他，也能把他活活给气死。那还真是可惜了。陆婉珍也是为错过这个给狗皇帝添堵的时机而心生惋惜，叹了口气说道：“只怪我当初昏了头脑，可不是昏了头。堂堂镇国将军府嫡出大小姐。” 爹娘皆是赫赫有名的大将军，上头五个哥哥,哥叱咤风云，亦是一个比一个有出息。作为他们如珠如宝宠爱着长大的姑娘，要家世有家世，要相貌有相貌。陆婉真嫁什么青年才俊不行，偏偏眼瘸看中了李章，为他折了一身傲肯，甘愿成为后宫三千佳丽中的一个，最后落得个被打入冷宫、亲族流放的下场。所幸如今醒悟的也不晚，往事已经过去，再后悔也无济于事。人生短短几十年，要走那么长的路，谁还没在路上踩过几次狗屎？ 娘娘不妨大胆往前看，陆婉珍跟杨嬷嬷好险没被她这话给逗笑。这丫头是真的敢啊，竟然把一国皇帝比作狗屎。不过，可不就是一坨恶心人的狗屎吗？你说的对。陆婉珍看宋明渊甚是合眼缘，脸上的笑容都多了几分。我会振作起来的，击不垮本宫的，终有一天会成为本宫的垫脚石。杨嬷嬷是见过陆婉珍刚被打入冷宫那会儿意志消沉、郁郁寡欢的，此刻见她这般斗志昂扬的模样，没忍住侧过身抹了抹眼泪。她得感谢阿渊姑娘 若不是有阿渊姑娘，他都不知道娘娘能不能走得出来。对了，杨嬷嬷像是突然想到什么，擦了擦眼泪，赶忙从墙角挖出一个木盒子。她擦拭干净上面的土，双手捧着递给宋明渊：“这是我跟娘娘一起藏下的私房钱。流放路上艰难，不知道阿渊姑娘有没有办法帮我们送到老夫人手里？他们一直惦记着老太君，只是无奈找不到可信用的人，至今连句话都带不出去。老夫人有人照应，你们在冷宫行事多有不便，还是留着自个傍身吧。” 宋明渊不仅没接，反而还把陆老夫人他们给陆婉珍准备的银钱拿了出来。这些银钱是他们托人让我带给你们的，两张五百两的银票，外加一些碎银。陆婉珍鼻子一酸，是他不懂事，害娘跟嫂子们至今还要为他操心。不过不会了，自此以后，他跟李章势不两立，就是死也要洗清将军府身上背负的冤屈。还望阿渊姑娘差人告知他们，我在这边很好，叫他们照顾好自己。将军府会有沉冤得雪的一天，我们也终将会有团聚的一天。好。 天色这么晚了，娘娘吃过药便早点歇息吧。我有时间再来看你。宋明渊还记挂着金矿一事，所以没在冷宫多留。跟陆婉珍和杨嬷嬷道别之后，便离开了。按陆婉珍所说，狗皇帝很有可能将记录金矿的消息藏在了御书房。御书房已经被他搬空了，说不定找找能找到线索。宋明渊捏碎盾引珠顺移离开皇宫，意识沉入空间，只一个念头，御书房所有的物件就出现在了琉璃殿空旷的大堂中间。东西还挺多的，桌椅玉案。 幔帐珠帘，连同没有批阅的奏折，全都给堆放在了一起。宋明渊没有挨个去翻找，空间与他魂体相连，在这里他的意志大于一切。只神识一扫，一个上了锁的红木盒子就从一堆物件中飘悬在了半空。虚拟的灵体一劈，红木盒子便化成了粉末，露出里面的一幅卷轴。宋明渊将卷轴从空间取出来，打开，明黄的纸上画着一幅地图，上面标注了五个点，旁边几行小字赫然标注了金矿所处的位置，其他四处分布较散。 只有一处坐落在京城脚下，离他现在所处的位置比较近，地点居然就在宋家后山那一片地。五年前就被狗皇帝化成皇家猎场，表面上是个消遣的场地，实则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只怕宋潘山到现在都不知道后山藏的金矿。宋明渊将卷轴扔进空间，咧嘴无声笑了笑，挺好的。搬完金矿还能顺道回一趟家，多日不见甚是想念。也不知道他离开的这段日子，宋潘山一家几口过得如何了。人生处处有惊喜。 得给他们多制造点惊喜。他轻巧跃上屋顶，熟门熟路地朝宋家所在的位置飞掠而去。第八十四章，是年老色衰，还是他无能？与此同时，皇宫里，顺安帝用在臣子那里以各种理由筹集来的资金，终于给自己安排上了一张像样的床。有了钱的第一时间，他就让人扔了御膳房里的几大筐萝卜，并且下了禁令，不许有关萝卜的一切出现在他面前。那几筐萝卜就是赤裸裸嘲讽他的存在。只要看到萝卜， 顺安帝就会想到被搬空的皇宫，简直是他这一辈子都洗刷不去的奇耻大辱。顺安帝头痛的躺在床上，桌上放着一碗冷掉的姜汤。以往他龙体欠安，有各种可口的药膳补汤，如今只有一碗难以下口的姜汤。心绪大起大落，更是辗转难眠。朕吩咐你们看的金矿，可有出现纰漏？皇宫眼皮子底下被偷了两次，顺安帝已经被整出心理阴影了。手里有金矿，却是一点都不敢动，只生怕前脚才将金子运进皇宫。 后脚就又被那些防不胜防的妖道给偷走了。昨天晚上那顿毒打，顺安帝脸上的青紫还没消去。早朝都是戴着面具去上的，这会儿身边更是寸步不敢离人，里里外外安排了近百名武功高强的隐卫守候。皇上放心，金矿的事情少有人知，那妖道就算手眼通天，一时半会也不可能找到金矿的确切位置。何况我们已经遵照您的旨意，在矿洞设下天罗地网，只要那妖道敢去，必定让他有来无回。顺安帝总觉得不放心。 金矿里确实铺设了许多防盗的机关，没错，可那是针对一般盗贼的。那妖道连皇陵都敢闯，防盗贼的机关如何能防得住他？不行，御书房都被搬空了，那记录金矿的卷轴肯定落入了那妖道的手中。他要是没发现还好，要是发现了，肯定不会放过搬空这些金矿的机会。说到这里，他猛地一下坐了起来。对，要是被发现了，那妖道肯定不会放弃搬空金矿的，这不正是他引蛇出洞的大好机会吗？顺安帝顿时激动起来。 那妖道一夜搬空了他皇宫这么多东西，一时半会儿肯定没那么快发现他藏在御书房里的金矿分布图。毕竟他又不是先知，能提前知道他御书房里藏了这样的东西。而且就算知道了，那么多东西挨个寻找也得找上十天半个月。这些时间足够他布置了。顺安帝当机立断，你们赶紧将金矿里熔炼出来的金条给转移了，现在就去。等金库转移了，再重新针对那妖道设伏，等他自投罗网。最好是能活捉，如果活捉不了的话。 无论是火攻还是水淹，都要让他死在矿洞里。谁要是能抓住那妖道，朕重重有赏。属下遵令。守在附近的影卫立马撤去了一半，抓妖道有望。顺安帝阴沉了好几日的脸总算露出了一丝欢颜，只觉得精神头都好不止一点。当下就让人召了丽妃过来侍寝。皇上，您可算想起臣妾了。丽妃柳叶眉杏仁脸，纤腰款款，一张美人脸含嗔带怨，竟是小女儿的娇态。实则她已经年近三十了，但顺安帝偏偏,偏还就吃她这一套。 知道皇宫近来不太平，丽妃很识趣，没有提扫兴的话。虽说她寝宫被盗一空，也是满腹牢骚，但若是在这当口不合时宜抱怨，恐怕会引皇上不快。毕竟整个皇宫都被盗了，要论糟心，谁能比皇上更糟心？不过那妖道着实可恨，竟然连后宫都不放过。丽妃一想到今天吃了一整天的水煮萝卜，顿时面如菜色。不过面对顺安帝，很快又巧笑嫣然起来。见顺安帝朝他招手，他顺势依进了他怀里。皇上这些日了，定是累极了。 臣妾给你按按，皇上乃天命之子，自当有神佛庇佑。那些只敢在暗处作乱的邪祟，必有逃不过圣裁的一天。皇上要保重龙体才是。丽妃的温声细语让顺安帝很是受用，他闭目养神，让她按了一会额头，舒缓了疼痛，才搂住她的腰肢，带着暗示性意味的捏了捏。不必按了，就寝吧。丽妃心中一喜，是皇上，臣妾这就服侍您。都说男人床上好说话，如果将皇上伺候好了，说不定能讨一个恩宠。如果可以。 他一定要陆家人不得好死。他弟弟张时明那日在将军府抄家，被轰然倒塌的大门砸了个半身不遂，至今还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生生被砸成了个残废。虽然只是个意外，但丽妃却是新仇旧恨，连同这笔账一起记到了陆家人的头上。在他看来，要不是陆家人拒不配合，他弟弟又怎么会被门砸到？都是他们将晦气沾染给了他弟弟。两人一同滚到了床上，丽妃已经想好了，待会儿要怎么开口给陆家人狠扣帽子了。然而，使尽千般手段。 都没能让顺安帝举起来，莫非他年老色衰，对皇上已经没有吸引力了？皇上，丽妃握着他揉了几把，使劲浑身解数痴缠，叫声更是一声比一声酥媚入骨。然而动了半天，顺安帝一点反应都没有，对着那张青青紫紫毫无美感的脸叫了这么久，已经是他的极限了。皇上，您今天是不是累了？顺安帝一开始也以为是自己连日心力交瘁、精疲力尽所致，但是折腾了两刻钟都没有动静，他脸色渐渐难看起来。滚！ 还在使劲的丽妃，猝不及防被一把掀翻到了床下，惶然抬头，皇上，臣妾哪里让您？她话还没说完，便被面目狰狞的顺安帝咆哮打断。朕让你滚！丽妃什么时候见过他如此吓人的样子？身子控制不住抖了一下，顾不得此刻衣衫不整的模样，赶忙跑了出去。顺安帝眸色阴沉，酝酿着风暴。来人，赵信徐美人。还没走远的丽妃听到顺安帝的声音，差点没一脚踩空摔下台阶。她难以置信的回头。 自己不但被皇上赶出来了，前脚刚走出门，后脚皇上就召幸了别的美人。他身形摇摇欲坠，一把抓住了就要去传召的太监公公。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总不能是皇上就此厌弃他了吧？第八十五章没有治不好的急症。丽妃心慌意乱，太监也不敢揣测皇上的意思，只觉得丽妃事情被赶出来这事多少都有些奇怪。毕竟丽妃深得圣宠，这样的事情怎么想都不可能发生在她身上。 但是，一招从云端跌落的人又不是没有，前头的婉妃不就是这样的吗？这丽妃多半是要走婉妃的老路了。心中虽是这般想的，但面上却不敢表露出分毫，只低垂着眉眼，用尖细的声音说道：“娘娘，咱家也只是听命行事，做奴才的万万不敢逾矩，擅自揣测皇上的心思。您不如先回去吧，这外面天冷，仔细别冻着了。”丽妃一点都不想走，她要是走了，明天她失宠的消息肯定会传入那几个死对头的耳里。 到时候免不了被奚落嘲讽一通，而且失去圣宠的妃子最后是什么下场，没有人比她更清楚了。她才不要老死在深宫，一辈子孤苦伶仃，任人欺凌。丽妃不相信皇上真的对她这么狠心，裹紧了身上的衣服，咬咬牙，顶着刺骨的冷风，膝盖一弯，对着寝宫门口跪了下来。太监见她执意要留在这里，也不多劝，只垂手行了个礼，便绕过她去传召徐美人了。徐美人是半个月前被提拔上来的，年轻貌美，颇有几分姿色。以前丽妃从没把她放在眼中。 只把他当成一个胸大无脑的蠢货，可是现在却要被这样一个人夺走侍寝的机会。看着被人裹了被子抬进去的徐美人，跪在殿前的丽妃满腹心酸，狠狠剜了他一眼。这贱人，以往真是小看他了。不行，她不能坐以待毙。丽妃死死盯着眼前合上的门，心中危机感越发强烈，只觉得再不行动，恩宠就要被徐美人这狐狸精给抢走了。届时失了圣宠，她连自己都保不住，更遑论替弟弟报仇。丽妃一狠心。 猛地掐了下大腿，立时豆大的泪珠子便从脸上滑落下来。皇上，臣妾知道错了，惹您不快，一定是臣妾哪里做的不够好。臣妾跟在您身边这么多年，自以为皇上知臣妾性子愚钝，若有哪里做的不够好，还请皇上指正，臣妾一定会改的。您不能什么也不跟臣妾说，就冷落臣妾啊！皇上，皇上，皇上，这么多年的情分，难道臣妾就不配得到一个解释吗？丽妃苦求半天，人都快冻成冰雕了，寝宫里一点动静都没有。 他心有不甘，又觉得委屈极了，一点都不知道自己究竟错在了哪里。正要继续哭喊，一声阴冷至极的暴怒声就传了出来：“滚！”丽妃吓一哆嗦，冷不防一屁股跌坐在地，吓得静了声。完了完了，皇上更加厌烦她了。正当丽妃以为顺安帝那一声怒吼是对着他的时候，寝宫里忽然传出徐美人被吓哭的声音：“皇上，妾身已经尽力了，真的已经尽力了，您饶了妾身吧。妾身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皇上。” 这不关妾身的事，要不然您再给妾身一次机会吧，这次一定能行，妾身会好好服侍您的。住口！顺安帝额头青筋直跳，目光阴鸷，满是暴戾。徐美人吓得瑟瑟发抖，一点都不知道自己连着踩了两个雷，慌张哭诉道：“皇皇上，这真的不关妾身的事啊！要不然您请个太医过来看看吧，说不定是您的身体出了问题。对，肯定是您的身体出了问题。”跪在殿外的丽妃惊呆了，料想到徐美人蠢。 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这么蠢！这是能直接说的吗？皇上不举，丽妃如遭雷击。一想到自己刚刚跟徐美人同样的状况，唰的一下，脸上血色尽失。啊！皇皇上，救救命！寝宫里传来徐美人的惊惧到颤抖的声音。只不过这叫声仅仅维持了短短的一瞬，很快就消失了。偌大的宫殿一片安静，丽妃整个人如坠冰窟，寒气瞬间侵袭了四肢百骸。看到执着滴血的剑走出来的顺安帝。 他紧张的嗓子都在收缩，皇皇上，他什么都没听到，他真的什么都没听到。他一边摇头，一边缩着身体往后退，惊惧的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顺安帝赤红着眼睛，心中只有无尽的暴虐跟戾气，只消一想到自己那物件用不了了，心就像被火烧了一样痛苦，怒火跟怨恨灼烧着他的理智。顺安帝阴狠地看着丽妃，脸上已经没有了往日的脉脉温情，只剩下杀人灭口的冲动。知道这件事情的人都得死。 他举起染血的长剑，一刀朝丽妃劈了过去。伴随着一声惨叫，温热的鲜血“滋”的一下洒在银白的雪地上，在宫灯的映照下，染成了一朵朵玫红色的花。顺安帝一把将剑扔在了地上，看也不看睁大眼睛气绝身亡的丽妃一眼，处理干净，给朕将太医请来。隐卫迅速将尸体处理干净，一点痕迹都没留下。很快，宫殿就恢复了平静，一如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顺安帝坐在床边，从没有这么一刻对一个人恨之欲狂。 将其扒皮拆骨都不足以泄恨，偷空了他的皇宫，将他打得鼻青脸肿，还用此等卑鄙恶,恶劣的手段让他不举，光是想想就气恨到咬碎一口牙齿。太医很快就被带过来了，替顺安帝探过脉后，又听说了他的急症，大半夜的愣是给吓得后背冒汗。皇上，凭借微臣多年的行医经验来看，您这像是中了毒，只不过这毒看起来颇为复杂，要等太医院院中商议过后才能拿主意敲定治疗的方案。敲定个屁，根本就没有得治。 就连中毒都是信口胡诌的。凭借他多年的行医经验来看，根本看不出来中毒的迹象。但是就这么当着皇上的面把话说死了，他离死也就不远了。顺安帝阴郁的脸色稍缓：“你是说还有得治？皇上，这世上没有治不好的急症，只是需要花上一些时间。”太医战战兢兢：“这莫约是他这辈子撒过最大的谎了。这世上没有治不好的急症，只有他们不会治的急症。确实没有治不好的，治到皇上病天了，不举之症自然就消了。” 这样一想，好像也没错。需要多少时间？第八十六章，山崩地裂。太医擦了擦头上的冷汗，皇上，这不好说。快则三五个月，慢则三五年，得看您的身体对药性的接受度。如果下猛药，只怕有损身体，得不偿失；如果下慢性药，所花的时间相较于下猛药要长很多。这皇宫是待不下去了，他还是趁早找个由头告老还乡吧，保住小命要紧。顺安帝听他说的详尽，便也信了几分。 那就劳烦太医给朕尽早敲定治疗方案了。还有，朕不希望在外面听到什么引发朝堂动荡的话。他目光里带着几分压迫，太医立马躬身表态：“是，此等要紧之事，微臣绝不敢向外透露只言片语。皇上龙体关系着北魏国运，只有皇上好了，咱们这些当臣子的才能好。”只是他面露难色，犹豫了一下，说道：“皇上，这治疗方案肯定是有的，只不过咱们现在缺的是药。治疗过程中可能会需要用到几味比较难寻的药材，如果没有这几味药……” 那么治疗的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他小心翼翼的观察着顺安帝的脸色，见他一张脸陡然难看了起来，立马义愤填膺的，像是自己的药房被偷了一样。这些妖道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如果不是他们偷走了御药房里的药，根本无需费心寻找就能凑齐所有药。皇上，您一定不要让他们逍遥法外！真是太可恶了，连治病救急的药都偷！行了，顺安帝想到被搬空的皇宫，脸就黑沉的像是抹了锅灰。药的事情，朕自会想办法解决的。 你只管给朕想尽快治好的法子就是，微臣必定废寝忘食，夜以继日跟院众钻研，不负皇上嘱托。太医恭恭敬敬退了下去，离开顺安帝寝宫，才觉得一条小命幸免于难。这太医当真不是人干的，得随叫随到不说，还要慌的排忧解难，时时刻刻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讨生活。要不是他脑瓜子好使，早死了千八百回了。在顺安帝传召太医的时候，宋明渊就已经顺利摸进了太傅府后山的皇家围猎场里，月上中天。 树影漆黑，宋明渊如同夜间的幽灵一样行走在山林中。他身上穿着长及脚踝的深色斗篷，一路走过来，雪面上连一百的划痕都没留下。猎场不大，有神石开道，宋明渊很快就找到了矿洞之所在。两盏油灯悬挂在矿洞两边，光是把守门口的人就不下十个。他们皆身穿甲胄，手执利器，此刻分站两排，如同一尊雕像一样守在洞口。洞口旁边的空地燃着火堆，除开他们，还有巡逻的卫兵。 宋明渊收敛气息，站在树后远远看着，只待第一波巡逻的卫兵过去，才隐去身形，从他们面前晃过去。这里守卫森严，可再严也没有皇宫严。在禁军跟隐卫双重防守之下，宋明渊进出皇宫都好比入无人之地，更别说是个六七十人把守的矿洞了。不过他也没有因此得意忘形，该有的防备还是要有的。矿洞里面并不漆黑，每隔几步就有一盏油灯悬挂在墙壁上，里面淘金熔炼正忙得如火如荼。为了掩人耳目。 这里所有的工序都是在夜间进行的。宋明渊没有理会忙得热火朝天的人，只跟随着搬运金块的矿工到了专门堆放金子的石室。那石室莫约有两间牢房大小，里面堆放的黄金多得能晃花人的眼，一眼望过去全都是金灿灿的金子、金条、金砖、金珠，每一个都在底部做了专门的印记。熔炼出来的黄金已经堆放了半世，还有许多没开挖出来的。如果全部挖出来，估计能堆满。而这样的金矿，狗皇帝有五座。 哦，不对，从现在开始，他只剩下四座了。宋明渊一挥手，将石室里的黄金全都转移到了空间。看着空荡荡的石室，他很满意。可一想到外面忙碌着炼金的人，就算他搬空了这次，还是能重新炼出来。他总不能再来回跑一次吧？宋明渊眯了眯眼，这金矿也不大，或许他可以试试把金矿移进空间。这么大的工程量，未免发生意外。宋明渊提前准备了防身的物品，不用灵力也能催发的爆破珠，蒙脸黑衣黑斗篷。 还有能让灵力瞬间恢复的灵药灵果，最后是跑路必不可少的遁影珠。换了一身看不出身形的黑衣黑斗篷，又准备好了所有可能会用到的东西。宋明渊开始用神识将整个金矿囊括在内，配合空间之力将嵌入在大地的矿藏连根拔起。轰隆隆，地面开始震动，洞里的石块噼里啪啦往下砸，粉尘四起，碎石凌乱。洞里炼金的人被砸得惊慌四窜，抱着头一窝蜂朝洞中挤。地龙翻身了，快跑啊！别挤我！ 救命！金子，金子！有人亡命似的往外逃，有人推搡着踩在同伴的身上，连滚带爬撞在了墙壁上；有人折回去想趁乱顺走几块金砖，然而还没等他们靠近石室，几块巨石便砸了下来，堵住他们的去路。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几人吓得魂都飞了，哪里还顾得上什么金子？掉头就往外跑。地面在塌陷，墙壁被撑裂了一道又一道口子，整个矿洞都在摇摇欲坠。山崩地裂不过如此。 众人什么时候经历过这样的阵仗？眼睁睁看着地面开裂，胆子都吓破了！快快快，洞口就在前面了！最后一人逃出升天的时候，矿洞门口轰然倒塌，一整个陷入了乱石之中。死里逃生的众人一个个灰头土面，全身沾满了灰尘，瘫倒在地上，大口大口的喘着气。他们四肢虚软，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怎么回事？不是说地洞吗？怎么外面没事？有人察觉到不对，一个机灵坐直了身体，抬头看去。 外面别说是天塌地陷了，连树都没倒一棵。再看矿洞，像是夜空下苏醒的巨兽一样，还在不断的震颤，发出阵阵轰鸣。这样骇人的一幕，让所有人都紧张的咽了咽口水，控制不住心中的战力，往后挪了挪身体。第八十七章，上了十三把锁的库房，矿洞还在持续不断的塌陷。正当他们以为这些辛辛苦苦熔炼出来的金子就要被吞噬到地下，尽毁于一旦的时候，整个矿藏众目睽睽之下，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凭空消失了。 消失了。见证这一幕的人瞳孔巨震，宛如看到神迹般不可思议，整个人震惊到呆滞。地面上留下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坑，有胆大的卫兵走到边上探头看了一眼，底下乌漆麻黑一片，如同一个能将人吞噬的黑洞，让人望而生畏。脚边的碎石滚落下去，卫兵吓得心头一紧，赶忙往后退了两步。打从心底生出来的恐惧，让他有种随时都有可能掉下去的错觉。突然，他目光一缩，咕咚一下，紧张地咽了咽口水，语气隐隐带着几分颤抖。 有人，有人从下面跳上来了。他的声音在这空旷寂静的地方，甚至还能听到回声。众人神经一绷，纷纷朝深坑底下看去。然而入目一片漆黑，别说人了，连个鬼影都没有。为了缓解紧张的心情，有人干笑两声，说道：“你小子吓唬谁呢？怎么可能有人？就是虽然这金矿消失的莫名其妙了点，但是这么深的坑，人要是掉下去，早就摔死了，怎么可能还爬得上来？”率先说话的那名卫兵焦急解释：“不是啊。” 是真的有人，不信你们看，他指着那抹越来越近的黑影。如果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因为那抹黑影几乎跟黑洞融为了一体。我看你就是眼花了。众人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话音还没落下，便像是火烧到了屁股一样蹦了起来。卧槽，还真他娘的有人！守护矿洞的卫兵齐刷刷抄起了兵器，浑身戒备，死死盯着那抹在深坑壁上跳跃的身影，目光活像是看一头怪物。就在这时，顺安帝派出的影卫也赶到了这里。 见此情况，纷纷掏出了兵器。穿着黑衣斗篷、蒙着脸的宋明渊才从深坑中跳上来，瞬间就被守株待兔的人给包围了。妖妖道，快快束手就擒，我等可饶你不死！众人刀剑相向，将他团团围困了一圈，但是却没有一个敢轻举妄动，率先上前的，只敢远远的虚张声势，喊上两嘴。这种情况，谁还敢上去啊？那个巨坑还摆在那里，金矿直接在他们面前不翼而飞。 这种超脱认知的恐怖能力，让他们光是站在宋明渊面前就已经腿软了。宋明渊搬了金矿，灵力如同被抽走一样消耗一空，隐身术也维持不住了。好在他早有准备，立马拿出回灵丹吃了下去，灵力恢复了一些，不过只能支撑他从崖底跳上来。想着待会很有可能要来一场苦战，他又抓了一把回灵丹塞进了嘴里，那暴殄天物的吃法就跟吃花生米似的。宋明渊不过是抬了一下手，包围他的卫兵和影卫就悚然一惊，连连退了好几步。 怂的都对不起他们手里拿的武器。宋明渊，他裤子都脱了，就给他看这个？丹药吃早了呀！让让！他压着声线，声音雌雄莫辨。拿着刀剑的众人面面相觑，这妖道好像还挺有礼貌。宋明渊往前走了一步，离他最近的那几名卫兵像是条件反射一样，嗖的一下让出一条道来。谢谢。宋明渊拍拍衣服上的灰，冲他们点了点头，然后在他们警惕的视线下，从容走出了包围圈。 服从命令的天性让影卫下意识跟进了两步，突然宋明渊的脚步一停，他们又嗖的一下撤了回来，腿肚子纷纷开始打颤。宋明渊回头：“你们还有什么事吗？”众人头摇的像拨浪鼓。“那我可走了。”见他们没出声，宋明渊将捏在手里的爆破珠扔回了空间，转身就走。只等他身影消失在视线范围里，领头的影卫才一巴掌拍朝最近一人的脑袋拍下去：“都愣着干什么？追呀、啊！啊，对对对，赶紧追！” 别让他给跑了！众人如梦初醒一样，提着兵器朝宋明渊离开的方向追了过去。宋明渊慢悠悠地走在前面，见他们追得紧，未免他们回去不好交差，就这么当着他们的面翻进了太傅府。头儿怎么办？咱们要不要也翻进去？翻个屁！赶紧通知皇上，就说金矿被盗，咱们的人乘胜追击，妖道慌不择路逃进太傅府里了。那这妖道还抓不抓？那妖道一看就是个神通广大的，跟他们这种凡夫俗子根本就不是一个阶层。 冲上去就是当菜头，只有给人割的份。说不定人家弹个手指，他们就灰飞烟灭了。怎么不抓？你傻呀？不抓？这是皇上的意思，谁敢抗旨？我们这不是正围着太傅府吗？算了，一看你就不机灵，你在这待着吧，我自己去。屯儿，屯儿，被留下的影卫心中惶惶，而宋明渊已经熟门熟路摸到了太傅府的库房。被搬空过一次，库房已经换了个地方，腾到了距离宋潘山寝房最近的那个房间。 门口守卫有两名，增加到了六名。比寻常房门还要厚重的木门挂了十几把锁，后边还悬挂了好几串铃铛。只消有人动一下这扇门，就能牵动铃铛，发出清脆的声响，起到示警的作用。不可谓不严防死守。宋明渊趴在墙头，认真数了数门上挂的锁。咦，有十三把呢！都已经是穷光蛋了，还花钱买那么多锁，都不肉痛的吗？蚊子再小也是肉，这些个铜疙瘩好歹能换几个钱，收了。宋明渊隔空将门上的锁装进了空间。 一切都进行的悄无声息，守门的人连哈欠连连，根本就没发现距离他们一臂之遥的锁头瞬间消失不见了。宋明渊用神识探清了库房里的情况，里面东西并不多，只有一个镶嵌，里面半箱银钱，半箱珠宝首饰，也不知道是从底下的庄子铺子换回来的，还是许氏娘家那边接济过来的。但是不管从哪里来的，这些银子都让太傅府暂时缓上了半口气。大意了，上次时间匆忙，又是搬皇宫，又是搬贪官府邸的。 还横扫了京城许多店铺，竟没来得及把宋家名下的铺面跟庄子也挪个位置。不过这次他时间充足，都到这了，当然不能错过。宋明渊意念一动，隔空将库房里的那一箱窃财物搬了个干净，又转战到了仓库跟厨房。他在太傅府搬东西的时候，临近太傅府门前的街道也传来了阵阵厚重沉闷的脚步声。一大批佩刀禁军手执火把穿过长街，迅速将太傅府包围起来。守门的小厮昏昏欲睡，见此情形，一个机灵。 吓得整个人都清醒了，短短几步路，愣是绊了三次才跑进去，连滚带爬直奔主院。老爷，不好了，大事不好了！外面来了好多禁军，把咱们太傅府给包围了。宋潘山跟许氏睡在主院，自打被皇上架空了职务之后，他已经连着好几宿辗转难眠了，就没睡过一个好觉。几乎是一听到小厮那扯破喉咙的叫喊，他就瞬间从断断续续的噩梦中惊醒过来。此前言出法随，说什么应验什么也就罢了，现在连梦都要成真了。 宋攀山心乱如麻，顾不得许多，一把掀开被子，连鞋都没穿好，就这么披了件厚衣往外跑。与他同寝的许氏没有被小厮的大喊大叫声吵醒，却是被他掀被子的动静弄醒了。原本暖和的被窝被掀开，冷风一灌，冻得他直打哆嗦。老爷，这三更半夜的，你不睡觉跑到外面去干什么？听到外间的响动，他也睡不下了，连忙跟着宋攀山披上衣服出去看。他们前脚一出去，后脚宋明渊就把卧房搬了个空。 捏碎遁影珠，离开之前还特地给他们留了个惊喜。第八十八章，捉拿妖道。宋明渊直接现身在距离宋家五十里地的庄子上，有遁影珠，方圆五十里他都能来去自如，就跟逛自家的后花园似的。空间里不能装活人，但是活物却是可以装的。庄子上养的鸡鸭牛羊，还有果园菜地，宋明渊全都造访了一遍。只要是能吃的能用的，毛都不给他们留。太傅府门口，宋潘山跟许氏急慌慌的跑了出来。 与他们一并的，还有被惊动到的下人。府外乌泱泱的站了一大片禁军，看到太傅府被围得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宋潘山跟许氏面上血色尽失，差点没瘫软在地上。他们什么时候见过出动这么多禁军？只怕连抄家都没有这样大的阵仗。短短的几息时间里，宋潘山已经将自己当官这么久以来所犯的所有罪状都想了一遍，大到贪污受贿，小到德行有亏，越想他头上沁出的冷汗就越多。当官的手上哪里会没几件见不得光的事情？ 他虽然大事上没出过什么纰漏，可小问题多如牛毛啊。但是也不至于要到禁军抄家的地步吧？不知两位大人深夜带人前来包抄太傅府是何故？宋潘山惴惴不安，本官近日抱病在身，一直遵照皇上旨意在府中休养身体，不敢稍有懈怠。期间连府上大门都没有出过，一定是有什么误会。他语气微微发颤，一想到刚刚做的噩梦即将照进现实，心中的惶恐就越甚。宋太傅无需惊慌，我等奉皇上之命捉拿妖道，那妖道。 如今已经潜进了你的府邸，你只需好好配合我们缉拿便可。缉拿妖道，缉拿妖道，不是抓他。宋攀山心头一喜，如同劫后余生一样，狠狠松了一口气。可一口气没松下去，又猛地提了起来。什么妖道？他蓦地瞪大了眼睛，脸上的肉都抖了几抖。你说那个妖道现在就在我的府上？他真的来了？宋攀山脸色变了激变，最先的惊惧过后，很快就变成了咬牙切齿。 他可没忘记造成他今天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谁。如果不是那个妖孽偷光了他的府邸，他何至于求到皇上面前去？没有求到皇上面前去，又怎么会因为一时心急说错话，引得皇上迁怒降罪？说的好听是皇上体恤下沉，让他在家休养半年。这半年过去，朝堂哪里还有他的位置？都怨这个孽畜，前头才偷光了他的府邸，害得他差点丢了官职。如今竟然还敢来，真是岂有此理！宋攀山心头火起。 要是不给这妖孽一点颜色瞧瞧，还真以为他们太傅府好欺负？大人，宋攀山变脸变得比翻书还快，转瞬间一脸凝重的看向禁军统领，痛心疾首道：“只恨老夫一介文臣，不懂手脚功夫，在捉拿妖道这件事情上帮不上什么忙，只能将这样的重任交给你了。恳请你们一定要将那妖道抓住啊！”他凛然大义，那妖道就是个祸害，一日不除，就会有更多的人惨遭他的毒手。只有早日将他捉拿归案，才能让更多的无辜人免于受害。 大人尽管搜，本官绝不阻拦。府上这么丁点大的地方，那妖孽肯定藏不住的，可千万别错过一丝一毫的机会，让他给跑了。宋潘山说着，就让人打开了府门，殷勤的把一干禁军迎了进去，自己却是站在离门口一步之遥的地方，只等有个什么突发情况，立马就往外面跑。未知的东西总是让人害怕的。朝堂官员那么多人被偷了，连皇宫也不例外，可愣是连那妖道的一个影子都没看到，谁知道那东西究竟是人是鬼？只要一想到自己府里藏了这么个东西， 宋潘山心里就发毛的厉害，诸位，你们可要搜仔细一些啊，千万别放过任何一个角落。许氏也不敢往里走，可想到女儿还在屋里头，要是待会儿碰到禁军搜查，总归于名声有碍，于是只能硬着头皮叫上几个护院和丫鬟婆子壮胆，一道朝宋明烟的院子走去。宋明烟还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他被睡在外间的贴身丫鬟春堂叫醒，满脸不耐的睁开眼睛，呵斥的话还没说出口，烦躁的目光瞬间就被床头的东西吸引了过去。 金子，宋明烟蹭的一下醒过神来，睡意全消，目不转睛的盯着那堆放在床头的三个元宝，颇有种不真实的感觉。前些日子因为府上被盗，他的闺房被扫荡一空，储物柜、镜台、贵妃榻、罗汉床这些物件一样不剩，喜欢的珠宝首饰全无踪影，就连存了好几年的私房钱都没了，所有值钱的东西一夜之间全被盗空，就连爹娘都没有办法，只能让他先挨过这段时间。然而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对于习惯花钱大手大脚的宋明烟来说，让他节衣缩食，无疑等同于要了他的命。一连过了几天不顺心的日子，这两天正在为要不到钱而气恼，不曾想一觉睡醒，床头就多了几个金锭子。宋明烟既惊喜又高兴，立马伸手拿了一个金锭放在嘴里咬了咬，是真的。他心中一喜，莫不是娘偷偷给他放的？第八十九章一同流放。春堂见他半天没动，焦急喊道：“小姐，外面出事了，听说禁军把咱们府上包围了，老爷和夫人唤奴婢过来喊你。” 小姐，你快点起来啊！你说什么？宋明烟一惊，脸上喜色尽消，将金子用被子一卷，手忙脚乱下了床，伺候我穿衣。快！春堂赶紧取下屏风的衣裳，一件件替她穿好，才收拾整齐。房门就被推开了。烟儿，你先出来。看到女儿安然无恙，门外的许氏松了一口气，又担心那妖物躲在女儿闺房里，赶忙进去把她拉到了外面。娘，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忐忑不安的宋明烟与进来搜查的禁军擦肩而过。 还不等了解清楚情况，余光就看到一名搜查的禁军突然调转了方向，朝他的床榻走过去。他一个未出阁的姑娘的床榻，岂是他们可以随意乱碰的？宋明烟怒从心头起，正要呵斥他放肆，那人就已经捡起了他落在床上的金锭子，怕他趁人不注意私吞。他心中一急，连忙甩开了许氏的手，冲了过去：“你干什么？这是我的东西！”宋明烟一把将金锭夺过来，怒视着那搜查的禁军。就在这时，另一名禁军从床底扯出来一团黑色的衣物。 头儿是夜行一刚换下来的，他看向宋明烟的眼神都变了。领头的禁军掀开了床上的被子，将剩下两个金锭子拿了起来，底下的印记赫然就是他们金矿里丢失的那一批金子所独有的。他冷冷扫了宋明烟一眼，带走。喂，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放肆！本小姐是你们这些狗奴才能碰的吗？徐氏看到抓妖道的禁军抓了宋明烟，一时没反应过来，直到他看见被搜出来扔到地上的夜行一。 又看到了禁军手里的金钉子，知道这很有可能是赃物，差点没吓得两腿一软晕倒过去。官爷，这些东西绝对不是我女儿的，我可以用性命起誓。太傅府也遭过那妖道的毒手，我女儿如果是妖道，怎么可能连自己家都不放过？一定是那妖道想要栽赃陷害我们。宋明烟都吓懵了，什么妖道？这些金钉不是娘偷偷送给她的吗？想到下人描述的那个长着三头六臂、面容丑陋的妖物很可能进过自己的房间，她直接吓哭。我不知道。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这些金锭我一睁开眼睛就看到在我床头上了，真的不是我。如果知道这些金锭的来历，他肯定连碰都不会碰。这些话你们还是留着到皇上面前解释吧。带走。禁军可没有忘记宋明烟刚刚叫他们狗奴才的事情，不管是不是他，这件事情都得有个交代。不，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放开我！娘，救命！我不要被他们带走，我不要！宋明烟吓得俏脸发白，哭着尖叫挣扎起来。然而他那点力道。 哪里是禁军的对手，直接就被粗暴的反剪了双手推了出去。许氏想上前阻拦，但是很快连同他也一起被带走了。因为在宋明烟房间里搜出赃物，宋家所有人都被送进了大牢，只有与陆培川一同在名山书院就读的宋文俊逃过一劫。名山书院离京城路途遥远，就是乘坐马车也要半个月才能到。宋明烟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在牢房中哭闹了好一通。宋潘山跟许氏更是不停的喊冤，不过没人理他们。 禁军统领将人暂时扣押在牢里，连夜将消息送进宫中。顺安帝得知金矿被盗的时候，脸色就黑得不像样了。此刻他叉开腿坐在床榻边上，目光里风暴肆虐，带着惊人的戾气，一双手青筋暴起，像是要扼住那妖道的脖子一样，死死扣紧床柱。看到禁军统领进来，他抬起深沉的眼眸，目光似有千钧之力一般压在他身上：“如何了？可别告诉朕又是无功而返。”陈世忠低下头，手心都出了汗：“皇上。” 我等在太傅府宋大小姐的闺房中搜出了三锭金矿丢失的金元宝，还有妖道偷走金矿时所穿的夜行衣。照你这么说，这妖道是宋家大小姐了？顺安帝声音喜怒不变，无形的压力让陈世忠额头冒出了细细密密的汗，只将这身体跪在地上，连头都不敢抬。回皇上的话，属下认为以那妖道的能力，不会露出这么大的纰漏。此举说不定是为了嫁祸太傅府，从而利用太傅府引开我们的注意力，借此脱身。那妖道能力非同小可。 属下带人围困了太傅府，里里外外搜了个遍，便都没发现他的踪影。他观察了一下顺安帝的脸色，见他脸色难看，已然濒临爆发的边缘，立马伏低了身体。属下无能，请皇上责罚。为今之计，皇上不如尽快将另外几处金矿熔炼出来的金子先转移到安全的地方。那妖道既然已经知道了金矿的所在，必然不会放过另外几处的金矿的事情。只有少数心腹知道。顺安帝也顾不得发落尘世中了，立马传来隐卫，将这件事情吩咐下去。 那妖道这么快就盗走金矿，是顺安帝完全没有想到的。但他仍然没有放弃之前的想要坑杀妖道的念头，让隐卫以最快的速度布置。皇上，宋家要如何处决？隐卫离开后，陈世忠又态度恭敬地问道。顺安帝被别的事转移了注意力，怒气降了几分，稍一思索，便道：“既然跟那妖道扯上关系，那便抄了太傅府，一应财物全都冲入国库，着令他们即日启程流放雍州。如今国库空虚。” 顺安帝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抄了宋家的机会，他早就想发落宋潘山了，只是一直以来没找到合适的理由。传信过去，让扶阳县那边将陆家人多扣押几天，等到宋家这批人赶过去，再让他们一同上路。他微微眯起眼睛，一双阴沉的眼里满是算计。你且告诉宋潘山，他要是想将功赎罪，最好替朕不遗余力的对付陆家。如果能在流放路上除掉陆家，朕记他大功一件。第九十章，瞧把孩子饿的，陈世忠瞬间就明白了顺安帝的意思。 他们派了好几拨人过去伏杀，最后都以失败告终。这样的招数显然对陆家人不起作用。如果能让宋家人一道流放，混入流放队伍中，说不定陆家会降低防备。如此一来，反而更容易得手。而宋家人在尝尽了流放的苦头之后，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坑害陆家人，以借此回到这京城这个富贵乡。不得不说，这一招当真是杀人不见血啊！皇上妙计，只不过将他们扣押在扶阳县等宋家人抵达，会不会显得太过刻意了？ 不如派人提前截断他们必经之路，逼他们绕行，再差人伪装成匪寇，在他们所走的山道伏击，以拖延行程。届时跟宋家来个巧遇，皇上以为如何？顺安帝谋色阴冷，很好，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让他们多留意宋氏。对于宋明渊，他心中仍然怀有疑窦。按照目前的情形来看，那妖道肯定还在京城。扶阳县那只跟京城兴风作浪的这只，肯定不是同一个，说不定是跟随在宋氏身边的小妖。当务之急。 还是先将搬空皇宫的妖道灭杀了，夺回所有失窃的财物，再去处理那只不入流的。在禁军来抄宋家的时候，宋明渊已经将其名下所有的铺子跟庄子给搜刮干净了。他搬空宋家时，搜刮出来一沓地契，就连宋明渊名下的铺子都有十几间。可纵览宋玉言从小到大的所有记忆，别说是店铺了，连店铺的位置都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店铺跟庄子，完全是靠着手里掌握的账簿跟契书。宋明渊手握一沓契书。 朝廷在指尖上的小蝴蝶霸气道：“阿言，等你复活后，这些全都留给你当嫁妆。”宋明烟有的，他也要有。没有，他给他抢来。亮闪闪的小蝴蝶欢快的绕着他飞了两圈，亲昵的停在了他的鼻尖上，身上萦绕的光芒越发耀眼了。你不用羡慕别人的，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取来。从前他渴望拥有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庭，可只能作为一个旁观者，躲在暗处偷窥宋潘山和许氏对宋明烟的宠爱。 他对宋潘山不是没有如慕之情，可从他对娘的死不屑一顾的时候，从他态度强硬逼他顶替宋明烟上花轿的时候，他就死心了。若不是还有娘留给他一丝慰藉，他宁愿他从来都没有出生过。但是这一刻，宋玉言释怀了。他不曾拥有的东西有很多，可也遇见了弥足珍贵之人。渊渊让他知道了，原来这个世上还有无条件对他好的人，真的很幸运。林蝶不知道如何分享这份欢喜，只能不住的上下扑棱着翅膀，绕着宋明渊转圈圈。 宋明月弯眸笑了笑，好了，咱们先回去。这次暂且给他们一个惊吓，等他们再努力努力，多从许家借点银子，下次咱们来的时候继续搬。要是囤少了，就揍他们一顿。你说揍成什么样的就揍成什么样的。还在满世界扑棱的灵蝶飞快扇动着翅膀，落回了他的头发上。陆家一连在扶阳县停了三天，才被放出来。扶阳县又一次被搬空，且接连被杀了好几个县官的消息，很快就传回了宫里。扶阳县二次被盗，跟皇宫二次搬空这两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尤其相近。 这更加佐证了顺安帝心中的想法，只不过他现在仇恨都被搬空皇宫的妖道吸引走了，只想尽快追回失窃的东西，坑杀妖道报仇雪恨，根本无暇顾及宋明渊这边。而宋明渊搬空一座金矿之后，就没有再次行动了。其一是另外几座金矿离得远分不也散，其二便是这个节骨眼上不是个好时机。如果他一夜搬空几座相距甚远的金矿，岂不是明晃晃告诉狗皇帝他会瞬移吗？这跟自揭身份有什么区别？不过他也没打算。 就这么放弃那几座金矿，过些时候再一起搬走就好了。让狗皇帝也看看他究竟有多少小妖。陆家人从牢房出来这一天，吴达跟邓良早早就在外头等候了。他们这几天可没少想方设法约牢里的狱卒出来喝酒，顺道打探陆家人在牢里的情况。知道他们只是被关着，并没有被发落，也没敢轻举妄动，只时不时打听他们的消息，确保他们是平安的就行。县衙的人将流放队伍交到吴达手里，随意吩咐了几句就离开了。这几天牢狱生活可把其他人折腾的够呛。 没吃过一顿饱饭不说，整夜整夜担惊受怕，连觉都睡不好，所有人都肉眼可见的状态萎靡，就是陆翔这个胖子都瘦了整整一圈。此刻一个个顶着鸡窝一样的头发，青黑的眼圈，面如菜色，活像是从难民营里出来的。看到吴达，众人就像是看到了亲爹一样，差点喜极而泣。吴官爷，我们以后再也不嫌弃你给的窝窝头难吃了。黑窝窝头用水煮煮，好歹还能吃，牢里那些潲水简直就不是人吃的，他们居然连着吃了三天。 吴达扫了他们一眼，不甚热络的应了一声，然后才看向陆家这边。这一看，差点被吓了一大跳。老夫人，你们这是？哎，别提了。陆老夫人头发乱糟糟的，一派沧桑模样，像是被生活压弯了几样。几位夫人也是一个比一个萧瑟凄凉，就连陆培风都像是经历了一场磨难一样，狼狈又落魄。几个小的乍一看之下，还以为是街边的小乞丐。吴叔叔，我饿。吴叔叔，你有没有吃的？行行好，给点吃的吧。 我们已经三天没吃饭了，吴叔叔有没有包子？没有包子，馒头也行的，只要能吃饱肚子就好，我不挑。被一双双乌黑溜圆的眼睛巴巴的盯着。吴达，这狱卒给的什么吃的，竟然把他们一个个折磨成了这样，比他们专门看押流放队伍的还狠啊！瞧瞧一个个皮实的孩子都饿成什么样了！你们等等，我这就让人去买。吴达从腰包掏出了一两银子，交给后边的人，让他跑腿去街上买几笼肉包回来。看着同伴离开的背影。 不由感慨一句：“从来只有他们捞油水的份，给流放犯人主动花银子什么的，还真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遭。第91章”第九十一章招人惦记。眼瞧着吴达二话不说就给陆家人安排了几笼包子，其他人眼里满是羡慕。只不过一路上看惯了官差对陆家人的照顾，他们已经麻木了。刚开始还能心里不平衡、嫉妒一下，但是现在他们连嫉妒的心都升不起来。宋氏那个彪悍的小娘们，连官差都敢打，他们拿什么跟人家比？ 众人颇有种认清现实的自暴自弃，只有陆二老爷横竖看大房不顺眼哦，也不单单只有他，除了他以外，还有一个朱氏。朱氏原本以为陆家此次进了大牢，算是难逃一死了，谁知道这么快就又被放了出来。比起继续流放，他更恨不能让他们统统死在牢里。虽然自己也在这一行列之中，但只要能睁着眼睛看他们死绝，朱氏心里就无比痛快。起先他只是想煽风点火，挑拨一下他们的关系，好让他们狗咬狗一嘴毛，自己坐收渔翁之利。 谁能想全勇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连一个小小的宋氏都对付不了。如今陆家人跟官差的关系越走越近，其他人更是连嫉恨大房的念头都被磨平了。朱氏心中越发焦躁难安，颇有种报仇无望的感觉。如果他现在手里有一包毒药，那么他肯定会毫不犹豫把他们全都毒死。只是流放路上弄口吃的都困难，更别说是毒药了。朱氏目光从几个狼吞虎咽吃着包子的小崽子身上扫过，眼神阴暗晦涩，像是淬了毒一样。 邓良目光无意间往这边扫了一下，刚好捕捉到朱氏那还未来得及收回的怨毒眼神，眉头微微一皱。嫂嫂，你吃这个，这个皮薄馅多，一口咬下去都是汤汁，好刺。嫂嫂，这个大，吃我的，吃我的。几个崽子争先恐后往宋明渊手里递包子，宋明渊看着他们挤眉弄眼、不断暗示的小模样，左手接了一个，右手接了一个，然后嘴里还被塞了一个，他汗流浃背了。早知如此。 直接把监视的人搞死算了，也不至于让他往牢房里送了这么多次潲水，逼得陆家人挨个飙演技。不过宋明渊也只是想想，要是真把人杀了，那事情可就大条了，估计以后得活在满世界的追杀之中。虽然挺刺激的，但这老的老小的小还是得尊老爱幼，照顾照顾他们的小心脏。吴达给陆家人发的都是白胖香软的肉包子，给其他人发的都是麦麸馒头，这估摸着是他们打从流放开始在吴达手里吃过的最好的一顿了。 扶阳县这两日掀起了一股抓妖道的大潮，蜂拥而至的人挤破了脑袋，也想提了妖道的头颅去领赏。城门已经被封锁了，只准进不准出。但是流放队伍有足够的不在场证明，并且一众官差又有押解任务在身，最后还是被放了行。然而，准进不准出的命令只对普通平民百姓有用，这样的规定是限制不了身手出众的江湖人士的。宋明渊走出城门的时候，就看到了好几个人从城墙飞跃出来，他们有的用爪钩，有的顺着高高的城墙滑下。 动作利索的，像是惯犯。几人都是些凶神恶煞、满身匪气的人物，看到流放队伍既不避也不让，大摇大摆就往官道上走。头儿，那妖道真不在扶阳县？短短几天时间，扶阳县被盗了两次，那妖道不在扶阳县，还能在哪？是啊，不过说起来，那妖道实在不容小觑。这县官说杀就杀了，跟杀鸡似的。官府出动这么多人都没能把他抓到，说不定真的已经离开扶阳县了。你还真别说，这妖道行事风格还真他娘的爽。 这些狗官早就该杀了。可见这妖道也是个性情中人，我独眼三就佩服这样的。领头肌肉虬结的大汉听着同伴你一言我一句的话，脚步不停。扶阳县这个不是搬空皇宫的那个，这边一因县官家底被搬空的时候，皇宫又被盗了，而且连皇陵都没能幸免，皇帝老儿给自己日后打造的纯金棺材都被偷了。通缉令的悬赏金翻了三倍不止，我们得赶在所有人的前面把搬空皇宫的那只妖道找出来。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刚好从宋明渊身边经过，头儿。 你不会真想拿了那妖道的头颅去领赏吧？那妖道我看不好对付。领赏？哼，那妖道偷了皇宫，老子要是能抓到他，那他从皇宫掠走的所有财宝都是我的了，我还领个屁的赏！几人渐行渐远，根本不知道就在刚刚，他们跟行走的金波波擦肩而过了。宋明渊摸了摸下巴，看来他现在还挺招人惦记的。不过惦记就惦记吧，哪有优秀的人不招人惦记的？惦记有什么用？他们又打不过他。 相比于宋明渊的豁达，陆家人就要提心吊胆多了。他们以为渊渊去皇宫整点乱子，转移转移注意力就得了。可注意力是成功转移了，这仇恨也是直接拉满了呀！他们都不敢想象狗皇帝的脸色有多精彩。还是赶紧到流放之地琢磨琢磨，把兵养起来吧。留这么个对渊渊充满仇恨的人在世上，总觉得不太安全。时隔三日，陆家人又重新回到了那日临时落脚的营地。一行人回来的时候，林东还在伺候着留下来的马车和驴车。 也不知道是不是认人的缘故，自打陆家人被扣押之后，林东次次喂食，那黑毛驴总拿个驴屁股对着他，也不吃也不喝，直接犯起倔了，任凭他怎么哄都无济于事。看到陆家人回来，林东就像是看到了救星。老夫人，你快看看你们家驴吧，他已经绝食三天了。陆家人被释放，等候在营地的一众官差心中的大石头也落了地。听到林东苦哈哈的话，他们一改之前的忧色，纷纷嘲笑：“定是你之前叫他小丑驴，他记恨上你了。” 你放屁！我叫他小美驴，也不见他吃。他是公的你，你叫他小美驴，是个人都得踢你两脚。众人纷纷笑开，笼罩了几日的阴云消弭于无形。见到陆家人都平安回来，大家都很开心。老夫人，你们要是再不回来，兄弟们都要冲进去找你们了。第九十二章，狼山古道。可不是，那些个狗官，什么由头都不给，就直接抓人，真当我们好说话似的。老夫人，他们没有为难你们吧？ 陆老夫人感受到他们真切的担忧，笑道：“没吃什么苦头，倒是辛苦你们了，难为你们还在这里等着。如果不是你们，这边只怕要重新安排一批人来押送了。做事情就要有始有终。老夫人放心，不把你们平安送到雍州，我们是不会回去的。”陆老夫人爽快道：“成，那感情好，我就喜欢跟你们相处。换一批人来，我们还不适应呢、啊。咱们今天晚上落脚之后，好好庆祝庆祝。”他吩咐道：“老三媳妇，去把驴喂喂。耽误了这么多天，咱们也得赶紧赶路了。” 是娘，陆三夫人将驴车上装袋的玉米秸秆抓了出来，放进专门喂驴的木盆里，又拿出水囊，在玉米秸秆上倒了些水。盆还没端过去，黑驴就扯着脖子往这边凑了。林东立马激动了起来，看吧，我就说这倔驴认人，他只差没把这臭驴当祖宗供着了。可他就是死活也不吃东西。陆家人一回来，他就吃了，什么臭屁性。陆三夫人笑了笑，这哪里是认人，这是挑嘴呢。便是他们喝过渊渊给的水。 其他的水都显得寡淡无味了些。将驴喂好后，一众人很快就整队上路了。他们蹲了三天的牢房，浑身筋骨都松散了，一走起路来浑身酸痛乏力，状态比没蹲牢前还糟糕。只有陆家人一如往常。原本他们还担心黑驴三天没吃东西，再不动这么多人，但吃了林露水掺和的一大盆饲料，他就跟满血复活似的，精神振奋，连好吃好喝伺候了三天的马都比不过他有劲。两辆车在前面开道，其他人跟在后面赶路。吴达他们是走惯了的。 身体素质自然强悍，完全不是陆二老爷这些娇生惯养的人可以比的。不过他们今天心情好，也没催着赶着拿鞭子抽，看到落后的只疾言厉色呵斥几句。一个时辰之后，队伍途经一条林崖的山道，吴达冒着寒风走上前：“老夫人，前面就是狼山古道了，是扶阳县通往临峰县的必经之路。走过狼山古道，再往前十里有个驿站，咱们今天晚上就在那里落脚。此地险峻多落石，路过的时候要多多留意。”陆老夫人停了驴车，看着风雪茫茫的山道，问道。 就没有别的路了吗？此刻风雪交加，视线受阻，并不是通行的好时机。吴道说道：“有是有，不过要绕行远路。这里是金庭驿站最多的，如果不从此到过去，那么之后我们就要露宿野外了。”陆老夫人皱起了眉头：“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又没有合适的落脚地，不然还能凑合一晚，等明天风雪小一些再赶路。按现在这个天气，走完狼山古道需要多长时间？”陆老夫人虽然有行军打仗的经验，但人各有长。 论起这里的地形，还是常年游走押送流放犯人行经此地的吴达比他更熟悉。吴达看了一眼茫茫山道，若是天气好，通行狼山古道只需要半个多时辰；眼下天气状况不佳，最少也要一个时辰。他走过几次，虽然碰到过落石，但都有惊无险。只不过这次流放队伍的人多，要是再碰到落石，还真不好说。绕路呢？绕路要多花上三四天的时间，而且路上没有可供落脚的驿站，都是些曲折的山路，中途会经过几个村庄。 倒是可以进行补给，只是当地村民防备心重，不给外人留宿，咱们只能自己找地方落脚。也就是说，不仅花时间，还费劲。此刻一行人还不知道的是，路的出口已经被阻断了，沿途山崖更是设下了层层埋伏，数百名黑衣人将一颗颗石头运上崖顶，就等着他们走过去，拦截逼迫绕路是其次，如果能将他们全都坑杀在狼山古道上，就不用费后面那些功夫了。就算不能把陆家人赶尽杀绝，也能让他们损失惨重。宋明渊毫不犹豫说道。 咱们绕路。陆老夫人原本还有些拿不定主意，听他这么一说，立马就定了下来。听渊渊的，说着他就已经调转了驴车。陆家人走了这么久，眼见着走完前面这一段路就能到驿站歇脚了，听到要绕路，哪里还能乐意？绕什么路？不就是有落石吗？又不一定砸到人。你们有驴车马车倒是轻松，说绕路就绕路，凭什么？就是你们不累，大家可都累着呢。一张嘴就要我们多走上三四天，究竟安的什么心？不能绕路，我不同意。 见他们闹腾起来，吴达一鞭子抽在了雪地上，怒喝道：“都给我闭嘴！这些蠢货，要是不绕路，照他们这废物样，就算有落石，大概率砸中的也是他们。”吴达不开口还好，一开口，众人心中对流放路上遭受的差别待遇所引起的不满，瞬间像是被激化了一样。“官爷，大房一家跟你们关系好，无可厚非，但你们也不能这样不顾我们的死活吧？这一路上你们处处偏袒他们也就算了，凭什么还要我们来迁就他们？让我们绕路行啊？” 你让他们把驴车跟马车换给我们轮流坐，把吃的用的都分享出来，我们就答应绕路。宋明渊只在乎陆家人的死活，至于别人的关他屁事。他坐在板车上，轻声笑道：“想搭我们的车吃我们的东西，想想就好了。说出来干什么？白给别人嘲笑你痴心妄想的机会吗？”你说话之人顿时怒涨红了脸，瞪他。只不过他才瞪了宋明渊一眼，陆家老小的眼刀子就齐羞羞朝他飞了过来。陆思宁虎着一张小脸。 眼睛瞪得溜圆，敢瞪他扫扫，比比谁的眼睛更大吗？瞪死他，瞪死他！我瞪，我瞪，我瞪瞪瞪！宋明渊嘴角含笑，扫了他们一眼：“我给你们一个机会，谁要是不乐意绕路的，大可以站出来，让我看看都有谁。”第九十三章，大哥为什么这么重？这话一出，方才叫嚷的人瞬间安静了下来，谁都不想也不敢做那个出头鸟。前有宋明渊狂扇刘氏两个巴掌，后有宋明渊一鞭子抽瞎全勇的眼睛，这让他们心中本能的对他产生一种畏惧。 怎么都不说话，哑巴了？不是不愿意绕路吗？宋明渊看着刚才叫的最欢的几个，触及到他似笑非笑的眼神，几人头皮一麻，立马退了半步，往人群中遮了遮身体。宋明渊很好说话的样子，不愿绕路也行，谁不愿意就走到最前面。这么不怕死，就去探路吧。有落石也不一定会砸在你们身上，砸死了就是你们命中有此一劫。愣着干什么？走啊！不催他们还好，一催他们，他们就感觉像是要走上断头台。 脚上重于千斤，没一个迈开腿的。他们是想走过去，可不是想死啊！让他们打头阵，万一有落石，不是首当其冲？众人心中都生了退缩之意。宋明渊却是不打算就这么轻易放过他们。他先唇一笑，目光微冷：“怎么，不走是等着我撵你们走吗？”众人噤若寒蝉。有人目光闪烁：“其其实绕路也没有什么的，远一点就远一点，安全最最重要。我同意绕路，我我也同意。” 吴达看着自己威慑都没有用的人被宋明渊三言两语搞定，心中佩服不已。陆老夫人性情坚韧不拔，陆家几位夫人刚柔并济，而陆少夫人更是长相绝色，武功高强，连脑子都比一般人要聪明好使。他都有些羡慕陆家男人的好福气了。都说娶妻不嫌毁三代，可陆家不论单拎出哪一个来，都是个顶个的好。吴达一转眸，就看到邓良同样在盯着宋明渊看，见他好半晌都没移开目光，顿时心生不妙。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他们这样的和尚庙，什么时候见过陆少夫人这样的神仙人物？会对她产生朦胧的情愫，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做人最重要的是得认清自己。本着过来人的经验，当即拿手肘捅了捅他，压低声警醒道：“喂，我知道陆家少夫人是个极其优秀且引人注目的女子，但是你可别犯糊涂，那可是有夫之妇。”邓良收回目光，看傻子似的看了吴达一眼，颇有些无语。他起来像是那种会惦记有夫之妇的人吗？懒得搭理他，转身就走。 吴达心一咯噔，坏了，他莫不是针对陆少夫人有那样的想法？他看了陆培峰一眼，就见清冷淡漠的男人坐在板车上，正目光专注地看着自己的夫人，冷意的面部轮廓线条都柔化下来，出众的眉眼带着不自知的微末笑意。吴达怀疑自己瞎了眼，可紧接着又叹了一口气：“有想法也没辙呀，人小两口感情好着呢，你们都同意是吧？”宋明渊笑着说道：“既然都没有意见的话，那就绕路。谁要是敢多嘴一句。” 他意味不明的冷哼一声，什么也没说，却让人有种皮子一紧的感觉。陆二老爷有心想要说两句，但一想到自己在宋明渊手里吃过的瘪，心头就是一梗，也没敢上去找不痛快。宋明渊没再搭理他们，朝吴达道：“吴官爷，大家既然都已经同意绕路了，那便劳烦你在前面带路吧。”“哎，好。”吴达绕开狼山古道，带着大家走了另一条山道。都跟上，后面的别掉队了。有宋明渊镇场，队伍里的人都老实不少，连抱怨都不敢有。 只能老老实实挨个跟在板车后面，踏上了山路。比起官道，山道要难走许多。两辆板车的车轮陷入坑里好几次，都是陆家人跟官差合力推出去的。车上货物众多，卸下来提着走更吃力。他们也不可能把板车扔下，毕竟全部的家当都得靠这两辆车拉着。陆老夫人略有些担忧地问道：“前面的路板车可是能走？”“能走是能走，只不过弯多路陡，驾着板车要多加小心。”见板车上老的老弱的弱，吴达主动道：“老夫人。” 你们还是下来走更安全一些，板车我来替你赶吧。前面就是个陡坡，陆老夫人也不逞强，到底上了年纪，身手不如年轻人利索，真翻车了连躲都躲不住。于是便将大家都喊了下来，一道走路。嫂嫂，我们需要下车吗？建娘和婶婶他们都下了车，几个小崽子都有些蠢蠢欲动。宋明渊慢悠悠赶着马，听到崽子们的问话，回道：下不下都可以，你们谁想下去？哇，原来下不下都可以啊！几个小的，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谁都不想下去，然后十分默契的异口同声道：“大哥想。”从头到尾都没出过声的陆培峰，很好。他手一伸，不顾陆思宁跟陆培远的嗷叫，挨个提溜起他们就往车下丢。陆培峰早就想这样做了，丢起来别提多熟练顺手。只等板车上只剩下自己跟宋明渊了，这才意犹未尽的收回手。我不想下去。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他们先欺负我的。”他这么喜欢这几个小兔崽子，他把他们丢下去，他该不会生气吧？ 见宋明渊偏过头看他，陆培峰默默移开视线。我现在还负伤在身，不适合下去走路。怎么，你怕我把你踹下去啊？宋明渊笑着说道：“你放心吧，我不会把你踹下去的，因为根本都不需要他动手。”对话间，几个小崽子已经吭哧吭哧爬了上来，气喘吁吁的陆思宁率先扑了过去：“哦，大哥，我跟你拼了！明明加油，把大哥挤下去！冲！”一个抱头，一个抱胳膊，一个抱腿。 几个小崽子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愣是没能把陆培峰撼动分毫。他们不信这个邪，于是又换了个方向继续使力。但是陆培峰就跟个雕像一样，宁宁累得鼻尖冒汗，啪叽一下坐倒在板车上。大哥，你是吃了秤砣的吗？真重，难怪嫂嫂都不抱你。陆培峰手指头动了动，又有想把人丢下去的冲动了。我知道大哥为什么这么重。这话一出，其他三个小的立马羞羞的看向一脸高深莫测的陆培远。 满脸求知欲，就连宋明渊也不例外。陆思宁问：“为什么？”第九十四章狼心似铁。陆培远背着小手，一副学识渊博的小夫子模样，得意道：“因为狼心似铁，所以大哥重。好一个狼心似铁！周围闷笑声此起彼伏。看着陆培风瞬间漆黑的脸，一个个憋得狠了，想笑又不敢笑。还真别说，就陆培风那冷面严峻的模样，可不就狼心似铁一样的冷酷无情吗？估计都没有什么东西能打动得了他。 陆思宁小姑娘虽然不懂什么是狼心似铁，但并不妨碍她捧场地表现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原来是这样啊，明明懂了。狼心似铁就是说大哥的心像铁一样，对吗？怪不得大哥这么重。那以后嫂嫂是不是也抱不动大哥了？宋明渊心说他力气大，别说一个陆培峰了，再多两个他都能抱动。但还是配合小姑娘说道：抱不动，他太重了。陆培峰没抱过，净瞎说。陆培清转瞬看向宋明渊，一张小脸十分认真。 没关系的，嫂嫂，我轻，大哥重又有什么关系呢？嫂嫂可以换个人抱，我也轻，宁宁最轻。陆思宁努力缩了缩自己的小肚腩，声音有多响亮，心里就有多虚。她不是胖，她只是有点膨胀。嫂嫂以后可以抱我们，大哥你自己抱自己吧。陆培峰，闭嘴。哦，小姑娘安静了一会儿，又道：“大哥你好可怜，嫂嫂都抱不动你，被嫂嫂举高高可好玩了。”闭嘴。哦。 他眨巴了下眼睛，没忍住。可是宁宁的嘴巴，他有自己的想法，我管不住他。陆培峰多冷静的人啊，可这会儿脑瓜子嗡嗡的，像是有无数蜜蜂在飞。他揉了揉胀痛的额头，生怕自己等下控制不住痛杀亲妹，直接点了他的哑穴。世界安静了。他问：“现在管住了吗？”陆思宁乘 amp 百分号人民币井号 at 狼山古道，寒风凛冽，雪花飘飞。 埋伏在道路两侧的人，差点被这寒冷极端的天气冻成冰雕。他们抖抖索索地趴在雪地里，鼻涕都冻在了红彤彤的脸上。两边都已经布置好了机关，只待陆家人从底下经过，便触发机关，让石头滚落，将他们碾成肉碎。所有人全神贯注，一点都不敢错过古道上传来的动静。有人扛不住冻，牙齿咯咯打着颤，说道：“陆家那些人不是到路口了吗？怎么还不过来？这鬼天气都快冻死个人了！他们已经在这里足足等了快半个时辰了。” 要是再等下去，只怕没把陆家人全都剿灭，自己先冻死在这里了。可能是被什么事情给耽误了。这里是离驿站最近的路，他们今天晚上要是不想露宿荒野，肯定会来的。再等等看。领头之人活动了下僵冷的身体，咬着牙阴沉道：“咱们折损了这么多兄弟在他们手上，这次说什么也要给兄弟们报仇。只要他们敢从这里路过，必定要让他们有来无回，死无葬身之地。他们一早就布置好了，这么多石头滚下去，砸也能把底下经过的陆家人给砸死。行，那咱们再等等。” 雪没有一点要停下来的意思，反而越下越大。这一等，就又等了小半个时辰。茫茫古道，别说人影了，连只鸟影都没有。领头之人终于察觉到了不对，立马返回路口查看。只见路口雪花落了满地，除了一串串乱七八糟的脚印和被踩踏的脏乱不堪的积雪，哪里还有陆家人的影子？操他大爷的，白等了！他们在这里冻了那么久，结果人家连路口都没走进去，直接跑了，真是白白错过了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埋伏的人额角跳了跳。 气急败坏，一脚踢在了雪堆上。通知兄弟们，计划取消，他们肯定是绕路了。咱们得做另一手准备。既然这个计划失败，那么只能暂停截杀陆家人的任务，按照之前的计划拖延他们的行程。狼山上埋伏的人快速撤去。宋明渊一行人绕路走的山道风雪要比狼山古道上的风雪小一些。队伍行进了一个半时辰，天还没完全黑下来，吴达便就近找了个合适的落脚点，让队伍停下来休息。走是不能再往前走了的，山道不比官道，山道狭窄。 且地势复杂，白天走都得小心翼翼、万分谨慎，更别说是晚上两眼一抹黑的情况了。只怕稍有不慎就会失足掉到路崖下面去。吴达让队伍停脚的地方是靠近山崖的一块平地，地面光秃秃一片，除了积雪跟乱石，什么都没有。只有靠近山崖脚下的地方，发现了几个能供人挡风遮雪的山洞。山洞两大一小，刚好能容下所有人。陆老夫人是不耐烦跟陆二老爷这些人待在一处的，只跟官差们挑了最宽敞的那个山洞。 驴车上还有两筐柴，简单收拾一下，陆老夫人便开始生火做饭了。我去附近看看有没有什么猎物。邓良拿了弓箭就要往外面走。他们刚才有路过一片山林，只不过是斜坡，不适合落脚。如果能猎到野味，兴许还能加个餐。我跟你一起去。宋明渊放下手里用来铺地的草席。这大冷天的，山里有没有猎物还不好说。他空间里有不少，无论是专门饲养的家禽家畜，还是寻常人难以吃到的野味，为了满足狗皇帝和那些狗官的口舌之欲。 皇宫跟狗官名下的庄子豢养的可多了，如果能放出一头野猪或是山羊，基本上能保证他们接下来三天的伙食顿顿都有肉。我也去。陆培峰站了起来。女子名声重要，阿渊无论如何都是他名义上的妻子，当然不能放任他跟别人孤男寡女待在一处，坏了名声。几个小的也想去，只不过头还没探出来就被自家大哥按了回去。陆思宁还想挣扎一下，但是雅学梅姐就又被陆培峰点了穴道，瞬间动弹不得。小姑娘气得牙根都咬紧了。 坏大哥，可恶！你今天晚上睡觉最好是睁只眼。第九十五章，单手扛野猪的女武神。山林离营地不算远。宋明渊离开山洞的时候，还顺手从吴达那里取走了一副弓箭。三人离开了山洞，沿着来时的路走了一段，很快来到了刚刚路过那片林子。看着被积雪覆盖的山地，宋明渊转头对邓良说道：“分开行动，你去那边，我们进林子。”这个季节的树叶早就落光了，一眼望过去，枝丫光秃秃的。 只有积雪和冰柱挂在上面。挨近山脚的地方有一片低矮的灌木丛，邓良没说什么，背着弓箭就走过去了。等他走远，宋明渊才转角走向另一边的林子。陆培峰拿着弓箭，见此毫不犹豫跟上。走了不多远，一直到看不见灌木丛了，宋明渊才停下来。陆培峰说道：“阿渊，你把猎物放出来，我来打。”他还没有动作，他却像已经知道了他要做什么一样。放野猪还是放山羊？宋明渊略略纠结了一瞬，眉头一松。 算了，两个都放。小孩子才做选择，大人当然是全都要。空间里的物资经得起挥霍，吃不完也没关系。这种天气能存放很久，再不济也还能烤成肉干留着路上吃。他弯眸一笑：“那我可放了呀，不许让六给跑了，要不然你今天晚上就只能喝汤。”好。陆培峰试了一下弓弦的弹射力，好脾气的应着，似乎无论他说什么，他都答应。这可是你说的。宋明渊起了捉弄他的心思，眸光一转。 闪过几分狡黠，他意念一动，一头野猪跟一只山羊便凭空窜了出来，惊恐的撒开蹄子狂奔，一只往左，一只往右，完全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逃跑。陆培峰已经调试好了弓箭，见此，一双黑眸凝视着宋明渊，平静陈述：“你耍赖。”宋明渊似乎在他无波无澜的语气中听出了几分你不按套路出牌的无奈，他眼也不眨的说道：“不，我这是在欺负你，为什么？你刚刚点宁宁的穴道，我看见了。”他胡诌了一句。 陆培峰抿直了唇线，他果然更喜欢那臭丫头。忽略掉心头异样的情绪，他侧着脸，锋利的剑尖已经对准了慌不择路的山羊，眸光沉着冷锐，修长干净的手指微微一松，嗖的一声，剑矢带着劲风朝那只奔跑在林中的山羊射了过去。这一箭直扎穿了山羊的前肢，山羊腿一瘸，因为惯性猛冲，一头栽在了雪地上。不等倒地的山羊挣扎着站起来继续逃窜，陆培峰瞄准他另一条前腿又补了一箭。 宋明渊眸光一亮，剑法不错，能在猎物狂奔的时候精准射中前肢的这剑法确实出色。原本想一箭补死山羊的陆培风手一顿，心中的沉闷刹那间一扫而空，唇角机不可见的扬了扬，只觉得在战场一箭射杀敌人首级，赢得万人欢呼称赞都没有这么愉悦过。他看向宋明渊：“我去追野猪，你在这里等我。”说着便提起弓箭，循着野猪逃路时落下的脚印追了去。宋明渊走到那只山羊面前。 他前肢皆被箭矢射中，挣扎着连站都站不起来了，只不断发出哀鸣，看起来很是可怜。宋明渊一石头砸了下去，给了他一个痛快，将山羊拖到山溪边，开始着手处理起来。营地那边没有水源，只能用雪化了煮水，这样处理起来太麻烦了，要来回收集干净的雪不说，还得烧大把的柴。而且如今露宿野外，在营地处理猎物所散发出来的血腥气，很容易引来狼群，并不是个好的选择。宋明渊从空间里拿了把锋利的匕首出来。 熟练的给山羊开膛破肚、剥皮拆骨，羊皮是肯定得留下来的，揉制揉制还可以做一张羊毛毯。其余内脏处理不来，就暂且堆放在了一边。等宋明渊将整只山羊分成好几扇的时候，邓良也提了两只在灌木丛中猎到的野兔进了林子。看到他面前鸡大扇肉跟一个没处理的羊头，邓良里闪过一丝惊讶。山羊？宋明渊还在为怎么处理山羊的内脏而发愁，看到他回来，当即眼睛一亮，对，是山羊，刚刚猎到的。 邓良见只有他一个人在这里，便问：“陆少将军呢？他去追野猪了。”宋明渊就着冰冷的溪水洗干净手，还有野猪。邓良看了一眼林子，这季节猎物少，不过运气好的话，确实能撞见出来觅食的。他不是有伤在身吗？你放心，他一个人去。宋明渊甩掉手上的水珠，站了起来，认同地点点头。他伤口才愈合没多久，确实不宜有太过激烈的动作。我现在去找他，剩下的就交给你来处理了。说完，没给邓良拒绝的机会。 宋明渊一溜儿朝陆培峰刚刚离开的方向追了过去，看着剩下的一堆羊肚羊肠，邓良，他不愿意玩的屎让他来玩，礼貌吗？到底见不得浪费。邓良放下手里的兔子，拿出随身佩戴的小刀，蹲在溪边清理起来。他乡下出身，做惯了脏活累活，做起事来勤快又利索，没几下就把能吃的羊肠子、羊肚和心肝肺全清理了个干净。溪水湍急，水面没有结冰，却刺骨的冷，但邓良就像是感觉不到一样。 顺手还把刚刚猎来的两只野兔给处理了。见宋明渊跟陆培峰还没回来，邓良将刀子收好，正要去寻人，脚步忽地停住。都说新婚燕尔，这一路上难得有私下相处的机会，说不定两人正卿卿我我，互诉衷肠呢。他要是就这么找过去，看到什么非礼勿视的，岂不是尴尬？邓良脑子里刚浮现出宋明渊小鸟依人的靠在陆培峰怀里，下一秒就看到他单手扛了个两三百斤的野猪回来，这个画面太过有冲击力。 以至于刚刚花前月下小鸟依人的浮想瞬间被击了个粉碎，小鸟依人什么的，他真的是想多了，他根本不能以常理论之。邓良目光一转，看到小媳妇一样亦步亦趋跟在宋明渊身后的陆培峰。只觉得短短一个呼吸的时间，人就被冲击了两次。他有理由怀疑以前听到的关于陆少将军陆培峰的英雄事迹是别人刻意捏造出来的。宋明渊将气绝的野猪扔在地上，天快黑了，你俩把野猪处理了。 我去叫人拿盆过来装肉，整只拖回去还行，分好的肉倒不好一趟搬回去了。他们只有三个人，而一头野猪加上一只山羊处理出来的肉，少说也有三四百斤，力气再大也装不下。宋明渊将刚刚处理山羊的匕首递给陆培峰，就提起两挂羊腿回了营地。我听说陆家一开始要娶的是宋大小姐。第九十六章肥瘦相间的烤肉。这话一出，陆培峰面对宋明渊才有的温顺气息，瞬间收敛起来。 狭长冰冷的凤眸带着凌厉逼人锐意落在邓良身上，邓良仿若没察觉到似的，细致的剥去猪皮，手法娴熟的像是剖尸的仵作。他一边将野猪皮剥落，一边说道：“我只是好奇，宋二小姐究竟有什么魅力，能让一头可以称霸草原的狼变成乖顺的绵羊？处在少将军这个位置上的，什么样的绝色美人没见过？难道仅仅只是因为宋二小姐长得漂亮，并且还有一身让人难忘相背的武艺？与你无关。”陆培峰并没有要回答他的意思。 冷冷撂下几个字，便开始埋头处理起野猪来。他面上冷然，可心绪却难免因为邓良的一番话升起了波澜，久久不能平息。他不知道他对阿渊是什么感情，只知道他在他这里是独一无二的，至少从来没有人能让他生出过讨好顺从之心。如果说邓良的手法像剖尸的仵作，那么陆培峰的手法可就干脆利落多了，几乎都没有多余的举动。邓良少有对一件事情这样好奇，见他一副无可奉告的样子，也不在意，他总会知道答案的。 宋明渊将人带过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将野猪分成几大块了，内脏下水装了整整两盆，分成一扇一扇的肉就用麻绳吊起，让人抬回去。等到所有肉都运回营地，天都已经黑透了。陆老夫人在半场的山洞里生了火，她今天晚上要做顿丰盛的，好好庆祝，自然不是说说而已。除开渊渊之前在扶阳县采买回来的一板车货物，再加上一头猪、一只山羊，已经足够了。几个锅都给架在了火堆上。宋明渊最先拿回来的那两扇羊腿。 这会儿也挂在火堆上，用烧好的炭火烘烤。羊骨头留着下一顿吃，猪肉做成红烧肉，羊杂拿来炖汤，猪下水用来爆炒。洗锅、刷盆,盆、备菜、添火，官差也没闲着，哪里需要帮哪里。这又是猪又是羊的，如果不是地方不对，我都要以为是在家里过年了。可不是，这山羊跟野猪可不好捉。以前咱们露宿野外的时候，最多猎到两只山鸡、野兔打打牙祭，哪里能有这么好的伙食？这一趟押送。 可是沾了老夫人一家的光了，谁能想到呢？流放路上能吃得这么好，这香的咧！老夫人跟二夫人这手艺，京城酒楼聘请的大厨都没法比。菜还没出锅，光闻着香味就馋得不行。陆老夫人熬着羊杂汤，见他们一个个等不及的模样，便笑道：“今天辛苦你们帮忙推车了，待会儿多吃点，不要客气。”身为流放犯人，能跟押送官差相处成一家亲的，怕是只有陆家能做到了。娘，我想烤肉。 陆思宁小姑娘已经解除了封印，看到自家娘亲在切肉，赶忙拿了一条削好的竹签递过去。好好好，陆二夫人眼也不挑，随手在竹签上串了一大块。拿着她递回来的签子，小姑娘看到上面肥肥的一块，顿时傻眼了。娘呀，怎么这么多肥肉？你是不是没仔细挑？这吃下去，宁宁不得胖三斤？不行不行，已经够胖了，再胖嫂嫂就抱不动了。陆二夫人含笑，肥瘦相间的烤着才好吃。是这样的吗？ 陆思宁看着签上那块七分肥三分瘦的大肉块，好像确实是肥瘦相间的，没毛病。那能不能切小块一点？不行，娘现在要切肉，您一边去，别耽误娘做事。陆二夫人将砧板上切好的肉放进碟子里，哪怕是拒绝，声音也是温柔的。哦，陆思宁踮起脚，又递了一根签子过去，甜甜道：“那娘亲，你再给宁宁最后一块呗，宁宁给嫂嫂也烤一块。”陆二夫人好脾气的接过签子。 仔细挑了挑，将三分肥七分瘦的肉挑出来，切成小块串好。诺，给陆思宁拿着串好的肉串，陷入了沉思。肥瘦相间，跟肥瘦相间相差的这么大的吗？娘是不是夹带私货了？晚饭是大家流放以来吃过的最丰盛的一顿，不仅有菜有肉，还有酒，难得如此尽兴，一个个都敞开了肚皮吃。等停杯落盏，酒足饭饱之后，已经是夜深了。新鲜的猪肉还剩下许多，陆老夫人切了些腌制起来。 留着给明天早上起来煮瘦肉粥吃。忙活完这些，他又往火堆添了柴，挨个替睡着的孩子们掖好被子，这才躺在草席跟被褥铺就地面睡过去。山洞外冷风呼啸，山洞内篝火不灭。众人原以为这一夜会很难挨，不想睁开眼便是天亮。一夜过去，火堆已经熄灭了。众人赶早起来喝了个热粥，便又开始继续赶路。跟陆家人昨天晚上吃香喝辣不同，隔壁山洞的人只能伸长脖子闻着飘过来的肉香，不住咽口水解馋。 昨天原以为会在驿站落脚，却不想中途临时改道。吴达没有提前给流放队伍准备吃的东西，只能将自己当成存粮的小半袋米拿出来给他们分了。这一路上，官差分发的不是黑面馒头，就是菜糠窝窝头，哪里有分过米啊？众人为着能吃上炖好的，高兴的不行，却不想隔壁满大锅满大锅的肉，他们闻了一夜的味，做梦都想凑个份。一大早醒来，肚子都是饿的。朱氏恨极，他平等的仇视这里的每一个人。陆家跟官差吃的越好。 过得越好，他就越抓心挠肝。他活下来可不是为了看他们吃香喝辣的，不行，得想个办法。他等不了了。第九十七章：山匪出没。板车从积雪的路面压过，留下两道长长的车轮印子。一行人顶着飘飞的细雪走了将近两个多时辰，曲折的山路才渐渐变得平坦起来。走过前面那片树林，再往前走二里地就有村子。想歇脚的都快一点的，别磨蹭！快点，磨磨唧唧干啥呢？找抽是不是？ 官差骂骂咧咧，在后面甩着鞭子驱赶着掉队的人。如今他们跟陆家人关系走得近，加上陆老夫人三天两头投喂，只觉得陆家上老下小没有一个不好的。再看这些曾经刁难过他们的族人，是哪哪都看不顺眼，手上自然不会对他们留情。走到林子的时候，有几个人坚持不住了，一头栽在雪堆里，又累又饿。他们昨天晚上只分到了几口粥，一大早上滴米未进，又走了这么长时间的路，体力已经消耗殆尽了。一坐到地上。 就不愿意再起来，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被官差威胁着，扬言要抽鞭子，也仍然无动于衷。走不动了，他们真的走不动了。所有人四肢僵冷，连日的食不果腹让他们疲惫又麻木，身体像是累到了极限。吴达没有办法，只能让队伍停下来休息一刻钟的时间。趁着这个时候，陆家几位夫人准备在林子里捡上一些柴火。昨天晚上的两篓子的木柴都烧完了，连火炭都没剩一点，不捡上一些备着。 今天晚上连烧火做饭的柴都没有，一家人总不能时时刻刻想着依靠渊渊，让渊渊养着自个什么都不干，那成什么了？他们也得振作起来，至少也要对得起渊渊的好。陆老夫人喊了声：“老四媳妇儿，你身子不爽利，就别去了，留在板车上歇着吧，别冻到了。”哎，娘。陆四夫人低低应了声，苍白的面容微微泛红。没想到她来月氏娘都留心到了。陆老夫人虽然没明着说，但其他位妯娌同为女人，哪里会不清楚？ 当下便道：“这么点小事交给我们就好了。四弟妹，娘叫你去歇着就歇着，我们粗心，你咋也跟着大一起来？”陆四夫人见嫂子们嗔怪，更加觉得不好意思了。陆家如今的境况不比从前，从前来个月事都有一众丫鬟仆妇妥帖周到的伺候着，现在在流放路上条件艰苦，她也不想因这点小事增加大家的困扰。不曾想大家比她自个还要上心，我会注意的。你们也别走远了，天气这般严寒，陆四夫人小腹坠坠的，确实有点不舒服，便上了马车。 其他几位夫人背着篓子去捡起了柴火，陆四夫人闲着无事，想到昨天晚上渊渊外出打猎时勾破的斗篷，便将他喊了过来，取了针锤，某给他缝了起来。宋明渊好奇地看着他用针线在自己扛野猪时不小心划破的衣摆上穿梭，手指灵巧，不多时，一朵乌鸢花便栩栩如生地绽放在了他的衣摆上。四婶，你还会绣花呀、啊？真好看。陆老夫人笑道：“你四婶不仅会绣花，一手双面异色绣更是出色。” 连宫里技艺精湛的绣娘都要甘拜下风。娘，这哪个哪啊？我哪里有这么厉害？陆四夫人难言，也就是娘逢人便夸。放在外面，凭借她的出身，哪能上得了台面？我老婆子见多识广，难道还会哄你不成？陆老夫人摇摇头：“你呀、啊，就是太含蓄内敛了。老婆子我这一大把年纪，连朵花都不会绣的，还没说什么呢，咋就不厉害了？”宋明渊深以为然地点点头：“我也不会绣，我还不会做饭呢。要说……” 他身上有什么优点？宋明渊想了想，打人厉害算不算？渊渊不用会。陆老夫人心窝子都是偏的，你需要什么，直接跟奶奶和婶婶们说就成。再不行就让那臭小子去学，免得他见天不干正经事。被埋汰的陆培峰，他听到了。不过，对于一个从来没有拿过针线的人来说，学刺绣的话，还真有点难度。宋明渊无法想象出来，陆培峰拿刀执剑的手用来绣花的样子。一个在战场上大杀四方的人，让他去学刺绣，也只有老太太敢了。 他笑了起来，好，让他去学，他也就哄哄老太太高兴。陆培峰要是愿意学绣花，才有鬼脸，这种费心劳神的事，他都不愿意干。陆四夫人抿嘴笑了，不过想到生死不明的丈夫，眸光又黯淡下来。这一路上，她已经控制自己不去想那个万一了，可这么久都没听到消息，难免伤神。宋明渊见她微微拧着眉，脸色苍白，立马将暖好的汤婆子送进她盖在身上的被子里。他取了个水囊，将红糖装进去，灌满热水，摇匀。 正待递给四婶，林间突然传来一声短促的惊叫，是二婶。宋明渊眉眼猛地一沉，将水囊往陆四夫人手里一塞，以最快的速度冲进了林子。他刚刚的注意力完全在四婶给他绣的乌鸢花上，是以没有留意到另外几位婶婶的情况。此刻神识一展，人还未到近前，便将那边发生的事情尽收于识海之中。长云将受到惊吓的陆二夫人扶了起来，弯腰拾起掉在地上的弓箭。银色箭矢的另一边，一支利箭拦腰断成了两截。 静静躺在地面上，还在捡柴的另外三位夫人脸色一变，扔下背篓，果断带着惊魂未定的二夫人就往回跑。有埋伏，快回去！他们不会武功，留下来只会拖后腿。几人才迈开脚步，铺天盖地的箭雨就砸了下来，随之而来的是阵阵马蹄声跟喊打喊杀声。几位夫人在青海长云的掩护下躲过一波箭雨，只能被逼停躲在岩石后。喊杀声停止，马蹄声渐缓。出来！一声粗犷的大喝声传来。 紧接着，一把大扣着铜环的大刀旋转着，重重砸在岩石边上，嗡的一声，刀锋入土三寸。洛二夫人吓得缩起了脚，装什么缩头乌龟呢？老子都已经看见你们了，再不出来，别怪老子不怜香惜玉，对你们这些小娘子动粗。宋明渊一跑过来，看到的就是满脸络腮胡子的刀疤大汉，带着二三十个骑马的兄弟，对着他的婶婶横生威胁。第九十八章地刀。那刀疤大汉一马当先。 身上裹着虎皮大衣，生得虎背熊腰，模样十分凶悍。那道极为醒目的刀疤从眼角划到了下颌，像是丑陋的紫黑色蚯蚓一样，几乎横亘了他半张脸。原本粗犷的长相平添了几分阴厉骇人的气势。宋明渊一跑来，刀疤大汉就注意到了他。他穿着一身绛紫色的斗篷，因为跑得急，宽大的风帽将他半张脸都盖住了，只露出翘挺的鼻子和红润的嘴唇。知道几位婶婶都平安，宋明渊便没有再往前了。 刀疤大汉阴沉的眸子打量了他两眼，还没开口说话，后边的兄弟便激动道：“老大，这趟果然来对了，发财了，发财了！这些女人长得可真水灵，肯定不是一般家底能养出来的。咱们今儿的总算干到一票大的了。这衣服穿的不显，但有钱人为了降低过路的风险，避免被盯上，大都喜欢打扮的低调。不说刚刚那几个富人，便是眼前这个姑娘，披上麻袋都掩盖不住那通身金贵的光华气度。有钱人，绝对是有钱人。” 一众盗匪呼吸都变急促了，这一票要是成了，他们得捞到多少银子、啊？这时，路边传来一阵动静，盗匪齐齐抬头看了过去，霎时间跟衣衫褴褛的陆二老爷等人对上了眼。虽然知道他们会装低调，但也不必装得这么低调吧？有盗匪懵了：“老大，他们怎么穿得跟个流民一样？咱们该不会是弄错了吧？”说着又是一顿，没忍住吸气爆了句粗口：“他大爷的，怎么还有官差？”看到走过来的武达等人，一众盗匪猛然变了脸色。 不过紧接着，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又慢慢恢复过来。官差怎么了？怕他干个屁！流放队伍一众人远远看着这些凶神恶煞的悍匪，腿都软了。他们养尊处优多年，连京城都甚少离开过，更别说直面这些凶恶之徒。此刻瑶瑶看着，心中又惧又怕，根本不敢靠近。只有吴达在一众匪寇的目视下，领着陆家老小走了过来。诸位好汉，我们路过这里的都是些押送前往流放地的犯人，一应值钱的东西在出发前就已经被抄没了。 他们身上没什么钱财，还请高抬贵手，行个方便。吴达押送犯人途中，少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但也不是完全有，是以面对这样的情景，脸色还算有几分镇定。陆老夫人已经站在了宋明渊身边，陆家几位夫人也跟着靠了过来，一颗心还在上上下下跳个不停。他们不过是出来捡个柴，谁能想到会遇到这种事？还好刚刚没跑远。吴达自报了来处，若是往常，这些山匪见没有油水可捞，便掉头走了。但是眼前这帮人一动不动，完全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他心中沉了沉，知道他们不好应付，只能让兄弟们拿出了之前在陆二老爷他们身上坑来的一部分银子。官差们也不敢跟这些山匪硬碰硬，想着破财消灾保平安，以求他们拿了银子快点离开。能解决的事情就尽量先试着解决，解决不了，那就是这些山匪自寻死路了。官差们悄悄看了宋明渊一眼，见他慌都不慌一下的，心中顿时一定。有眼力见的已经给宋明渊递了刀：“少夫人，我的刀好使，您请。一把不够的话。” 我这还有一把，您看着用，喜欢哪把用哪把。他们也是有背景的人，虚什么？官差偷摸向宋明渊殷勤贡献自己随身佩戴的宝剑的时候，山匪已经将他们的银子掂在手里抛了起来。就这么点破银子，你们打发叫花子呢？说话的是刀疤大汉身边的一个匪贼，脸上的表情不屑又轻蔑。想走可以，他目光扫落在陆家女眷身上，笑得不怀好意，把你们队伍里的女人都留下来，让他们到山寨上好好伺候兄弟们。 要不然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从这里过去，跟他们废什么话？男的全都打残，小的弄死带回去喂狼，女的直接掳回山寨。谁敢反抗，扒光了用绳子拖在马上拽回去。刀疤大汉眼神阴冷锐利，看向众人的目光就像是在看微不足道的蝼蚁。众人脸色一变，任谁也没想到这些山匪竟然如此凶残，根本不讲道理。刀疤大汉接过手下人送回来的大刀，擦拭着，盯着他们的目光冷漠无情，跟看待宰的猎物没有区别。 一副随时将要大开杀戒的样子。看到这一幕的朱氏呼吸都紧促了，浑身血液沸腾，只觉得连老天都在帮他。哈哈，这些狗杂碎死定了！他们死定了！这些山匪一看就是不好招惹他，他满身血煞之气。如果想要报复所有人，投靠这些山匪是他目前唯一的选择，也是唯一的机会。想到伤痕累累，最终迫不得已被自己亲手结束了性命的儿子，朱氏眼睛霎时染了血色，心中压抑的仇恨像是沸腾了的毒汁一样。 又冒起了泡，他想也没想就站了出来。你们要是能把他们都杀了，我自愿跟你们回山寨，并且心甘情愿留下。他们杀了我儿子，我要他们以死来偿还。众人被朱氏眼里毫不掩饰的仇恨跟怨毒惊到，难以置信的喊：“朱氏，你疯了？你儿子的死关我们什么事？他自己短命是他自己活该，我们又没有害他，你凭什么把他的死怪罪到我们头上？就是当初是他自己嘴贱，又不是我们让他当这个出头鸟。” 他挨鞭子，我们还给他凑了钱呢。你不感激我们也就算了，竟然还恩将仇报，朱氏，你还有没有良心？众人又惊又慌，指着他破口大骂。朱氏恨透了他们，你们明明有那么多钱，为什么要见死不救？我儿子明明可以不用挨那五十鞭，他明明可以活下来，要不是你们虚伪自私，他根本就不会死。他歇斯底里，神态疯狂，是你们害了他，都是你们。我没有良心，你们就有了吗？什么同族？ 什么血脉亲人？哈哈哈！你们就是一群自私没人性的东西！第九十九章，都是一群弱鸡。面对朱氏的指责跟怨恨，所有人都惊呆了。他们什么都没有做，怎么就成了害死陆培胜的罪魁祸首了？有妇人登时气节，冲上去就推倒了朱氏，一把拽住了她的头发，眼里凶光毕露：“你瞎胡说八道什么？啊！明明是你自己恶毒捂死了他！你这个歹毒的女人，还想把锅甩给我们？我告诉你，没门！想害我们是吧？” 我现在就先弄死你！放开，松手！朱氏头皮一阵撕扯，还没挣开，脸上就被啪啪扇了两个巴掌。他心里一狠，猛地朝妇人扑了过去，跟他扭打起来。众人被妇人透露出来的消息惊得目瞪口呆。原以为陆培盛的死是因为被打了鞭子不治而死，谁能想到竟是朱氏亲手给捂死的？知道朱氏疯，但没想到他这么疯，竟然连自己的亲儿子都能下得去手，他还是人吗？大家只觉得心里发凉。 朱氏就像一条潜伏在暗处的毒蛇，跟这样一个人朝夕相处了这么久，想想都觉得不寒而栗。宋明渊这边只是冷眼看着朱氏发疯，那种情况下，就算朱氏不把陆培盛捂死，按照他的伤势也是活不长的。丧子之痛固然凄凉，可他们还没有善良到去同情一个对他们处处抱有恶意的人。妇人被朱氏的指甲挠了一道，揪着她的头发破口大骂：“你个贱货，黑心烂肝的娼妇，活该你死了，丈夫又死了儿子，你就是调克卿的烂命！” 你儿子就是被你克死的，活该你一个人孤苦无依。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妖艳贱货还傍上了泉涌，烂货刚死了儿子就做出这种不知廉耻的事情来，也不怕屁股生疮。闭嘴，我杀了你！互撕的两个人争得眼红耳赤，已然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没一会就拳打脚踢又，又掐又咬，过了十几招。他们头发披散，模样疯癫，活像个疯婆子。把他们拉开！刀疤大汉皱起了眉头。 不耐烦地让两个兄弟上去把扭打在一起的朱氏二人控制住。这些人他当然会杀。朱氏是不是自愿的，对他而言根本没有差别，毕竟都是要掳走的，谁也别想逃过去。包了这里，别让他们给跑了。他冷冷下令。流放队伍的人被匪贼推搡驱赶挤成了一堆，看着他们手上的大刀，一时间既绝望又惶恐。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求求你们了，别杀我！我给你们磕头了，放了我吧！我不想死。 凶恶的山匪将人团团包围住，胆小的看到这个阵仗都快要吓尿了。偏偏几个小崽子胆子大到不行，一张张小脸尽是兴奋，想方设法躲开娘亲按他们脑袋的手，伸长了脖子往外看。哦哦，哦这可是现场版的土匪打劫哦，不是只能听说书先生唾沫横飞的描述，他们亲眼看见了，亲眼看见了。陆家几位夫人只觉得心累，按了几次都没将他们那颗看热闹的小脑袋按下，索性放开了手，罢了，看就看吧。 也好让他们见识见识外面世界的险恶，免得一个个无法无天的像个皮猴子一样。你们的寨子在哪里？我们自己去。宋明渊都没让那些土匪碰到他们，伸手正了正风帽，先一步问道。这话一出，别说是山匪了，就是快要吓破胆的陆家族人都一脸震惊的看着他，躲都躲不及。他居然主动送上门去，那可是一群穷凶极恶的土匪啊！他不要命了？知道宋明渊长相绝对不差，但没想到露出全貌这么惊艳。 山匪立时就像是捡了大便宜一样，笑开了花。哟，看看，还是小美人识相，别着急，等哥哥们杀了他们这些碍眼的东西，就把你带回寨子里，给老大当压寨夫人，三年抱俩。山匪吹着口哨，瞬间哄笑出声。陆培峰冷,冷冷扫了他一眼，宋明渊微微勾唇，歪了下头：“不啊，你们留下一个人带路就够了。”你什么意思啊？山匪脸色一沉，已经预感到了不妙，立马喊人抓住他。他太镇定了。 镇定到从始至终脸上就没流露出过一丝恐惧，这样的人不是有恃无恐，就是真的不怕死。无论哪一种，都说明了他不是个好控制的。原本围困陆家族人的山匪立刻将矛头对准了宋明渊一行人，紧张的气氛如同绷紧的弓弦一样，一触即发。不知死活！前面几个山匪率先有了行动，抄刀就朝宋明渊砍了过去。陆老夫人一把拽住了陆培峰，大孙子上！陆培峰夺过一名山匪的刀，越过朝宋明渊扑过来的三人。 直接对着刚刚那个说要把宋明渊献上去当压寨夫人的山匪砍了过去。陆老夫人眼皮子一抽，心说我是叫你帮渊渊，不是叫你砍后面的。哎呦喂，这缺心眼的傻孩子！大哥冲压，打他脑袋，揍他，把他大牙打掉。哦，嫂嫂好厉害，对面都是一群弱鸡，弱鸡弱鸡。哎呦喂，你们几个熊孩子！察觉到投过来的凶恶眼神，陆老夫人心中警铃大震。 猛一伸手，像是拴着汪汪叫着往前冲的小狗仔一样，揪着小崽子们的后领，将他们拽拉了回来，手忙脚乱塞到身后。青海长云二人没有往前冲，牢牢把陆家老小护住。就算有漏网之鱼越过少将军跟少夫人，也会撞到他们手里，被一剑封喉。严防死守之下，几个小崽子跟陆老夫人一英女眷被保护的密不透风。这边一打起来，陆家族人就吓得魂飞魄散，好几个被殃及到身上挨了好几刀的刀疤大汉，看到自己这边倒了好几个兄弟。 眼睛都充血了，只想把宋明渊跟陆培峰杀了泄愤。他手背青筋暴起，两腿一夹马腹，扬起挂着铜环的大砍刀就朝奋战中的二人冲了过去。砍刀带着煞气，猛地劈了下。宋明渊看着逼近的这把被扣着一串铜环、十分厚重的砍刀，眼睛一亮：“好刀！”他将手里逊色到了极点的刀一扔，竟徒手接了上去。找死！刀疤大汉面目狰狞，只把他的动作当成了挑衅，眼里闪过一丝狠辣。 手心一压，使了十成的力道。这凶险的一幕，让人不由得惊呼出声。第一百章不死不休。宋明渊却是微微一笑，手快要接住刀刃的时候，电光火石之间闪身躲过了劈下来的砍刀，迅速改了个方向，直取对方的腕骨。砍刀劈空的同时，咔嚓一声，手骨断裂。刀疤大汉意识到中计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了，手腕传来一阵钻心的剧痛，那把随他打下江山的砍刀脱手而出，重重往地上砸下去。 宋明渊一手接住刀，一手扣住他的胳膊，猛力一拽，将熊一样壮硕的躯体从马背上拽了下来，反身一个被摔，摔在地上，咚的一下，地皮都震了震。手腕翻转，重刀一扫，刀尖直抵他的咽喉，场面霎时一静，谁都没能反应过来。众人看了看被一招制服的凶恶匪首，又看了看拿着把与他细胳膊不相符的大砍刀的宋明渊，震慑住了。其中有以陆二老爷的脸色最为出彩，满脸惊恐，活像那把大砍刀对准的是自己一样。 他两腿颤颤，脖子发凉，差点没呼吸过来，猛地伸手去掐自己的人中。他他他他他他，竟如此凶悍！哎呦娘哎，他究竟招惹了个什么玩意儿？想到自己以往做过的事情，陆二老爷就浑身冒虚汗，悔得肠子都青了。队伍里其他人对宋明渊也是退避三舍，忌惮不已。抽瞎官差已经够凶残悍猛的了，现在一招制服匪首，匪首，这真的是一个女人能干出来的事？然而宋明渊不仅做了。 还在众目睽睽之下，一脚踩在了刀疤大汉的脸上，刀刃一压。我不喜欢别人瞪着我。刀疤大汉浑身散发出来的凶戾之气犹如实质，他被迫扭着脸，语气森寒：“你不想活了？是个不怕死的。”宋明渊眯眼笑了起来，反问：“你觉得就凭你们这些乌合之众，能让我死吗？那你也不在乎你族人的性命了、啊？”匪贼靠近不了陆家人半步，看到老大被擒，只能迅速将陆二老爷等人围困住。匪贼粗暴地从人堆里扯了几个人出来。 拿刀架在了他们的脖子上，放了老大，要不然我们杀了他们。被挑中的倒霉鬼吓得三魂丢了七魄，他们浑身僵硬，贴着脖子的冰冷刀刃让他们呼吸都不敢用力。宋明渊收回了腿，刀疤大汉绷紧的身体松懈两分，显然以为他是投鼠忌器了。这么多人的性命在他手里，谅他也不敢动手。把我放了，再挥刀自枪，我可以考虑饶他们不死。要不然天涯海角，我黑虎寨跟你们不死不休。宋明渊居高临下凝着他，闻言笑了。 你要跟我们不死不休？真的假的？他将刀往肩上一背，环天涯海角，猛地一脚踹向就要爬起来的刀疤脸，直接将他壮硕的身体踹了一个趔趄，差点摔个狗啃泥。没等他阴智的眼睛充满杀机，他抡起砍刀就劈了过去。不好意思，你得先有命活着才行。地府里可没有天涯海角。砍刀骑士之猛，几乎惊破了刀疤脸的瞳孔。听着耳畔间带着冰冷杀意的话语，他心脏骤缩，下意识就想躲。 然而他的躯体像是不受使唤一样，明明意识清醒，却像是遭了鬼压床，半点都动弹不得。瞬息之间就错失了闪躲的良机，只能眼睁睁看着砍刀朝自己狠狠劈下来，肝胆俱裂。宋明渊一刀将人头颅砍了下来，鲜血喷溅出来之前，迅速闪到了一边。他收了力道，还改了下刀的角度，要不然这土匪头子已经被劈成对称的两半了。这样太血腥了，不好。丑陋狰狞的头颅咕噜咕噜滚到一边，温热的鲜血洒了一地。 周遭一片死寂，比刚刚看到宋明渊一招制敌还要安静。陆家几位夫人跟希儿还是头一次碰到这样血腥的场面，脸色不禁微微发白。但一想到这恶匪刚刚居然想要他们家渊渊自枪，愤怒立时就压过了心头的惧意。死得好，还想天涯海角追杀他们，下十八层地狱去吧！陆老夫人在惨烈血腥的场面都见过，看着身首异处的土匪头子，眼皮子都不抬一下。渊渊拿大砍刀砍人的样子，俊的脸有他当年在战场上砍敌人脑袋的风范。 哦呀呀！怎么会有这么和老婆子心意的小姑娘呢？啊！死人了，死人了！有胆小的吓瘫在地。这一声惊叫瞬间打破了平静，将一众人震惊到恍惚的注意力拉了回来。看着地上的无头尸，陆家族人抖抖索索的深吸了几口气，才没两眼一黑直接晕过去。陆二老爷已经吓得尿了裤裆，这简直比一鞭子抽瞎犬勇还让人感到恐怖。其他匪贼亲眼看着宋明渊一言不合砍了他们老大的脑袋，拿刀的手都在打颤。 老大死了，老大死了，撤撤，快撤！原本嚣张的匪贼乱成一团。那名扬言要把宋明渊献给他们老大当压寨夫人三年抱俩的匪贼，已经被陆培峰卸了四肢，削掉脑袋了。看到他们想跑，他黑眸一沉，一把刀脱手而出，径直朝跑在最前面的人掷了过去。那人被刀刺穿后心，咚的一下，应声倒地。后面的人猛地一个急刹，青海长云接到陆培峰的眼神，飞身上前，联手阻断了他们的退路。 一众匪贼终于意识到他们惹了了不得的厉害人物，加之亲眼目睹头儿身死，已然溃不成军。有人看到常云一箭双发射死了想要逃跑的两个兄弟，直接扔下了手里的刀，放弃了抵抗。吴达跟邓良带领一众官差收拾残局，取下陆家人手脚上的镣铐，将缴械投降的匪贼挨个铐了起来。少夫人，这些人要怎么处置？吴达算是看清了这个家里谁才最有发言权，所以干脆直接问宋明渊了。你问我？宋明渊看他老实巴交的样子。 毫不犹豫说道：“我只有一个解决方法，那就是把他们都杀了。”吴达迟疑了一下：“不然，我还是把他们送官府吧，说不定还能换点东西，换钱。”“对，换钱。”吴达解释：“黑虎寨为恶一方，历来都为官府所头疼，抓到他们是有赏银的，一个人头五两银子，也会记功。”“行，我七你三，功不功的无所谓，有钱就行。”宋明渊将匪贼交到吴达手里，还没走回去，就看到了陆二夫人惨白的脸色。 他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渊渊、宁宁不见了，宁宁不见了。